晴天很快带着胡十八他们离开长安城，向蜀中赶去。他们并没有带什么兵马，因为之前木料带的一千兵马都还在。晴天他们去了之后，可以直接统领这些兵马，直逼蜀中而去。而就在晴天他们离开长安城几天后，长安城又下起了一场大雪。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了腊月，眼看就要过年了，大雪纷飞不停，长安城又是一片银白。这天早朝过后，长孙无忌去御书房跟李世民商议事情。这样商议的差不多后。 他便起身告辞，而就在长孙无忌离开皇宫的途中，遇到了在雪中散心的武媚娘。他们武家的情况现在很不乐观，因为他一直没有被圣上宠幸，所以也就没有被册封。之前说要给他们通融的那些人，现在都逼着他的两个哥哥还钱。可他就算是当上了秀女，也没有多少钱可以寄到家里去啊。所以现在的武家很不妙，他的心情不好，所以便想出来散散心，在这白雪茫茫之中，任凭雪花飘落。 他心里的那些苦反而淡了许多，而就在他这样散心的时候，迎面碰到了长孙无忌。虽说是秀女，但她的身份跟长孙无忌比差远了，所以武媚娘连忙给长孙无忌行礼。长孙无忌摆了摆手，道：“不必如此了，你可是武媚娘？”听到这话，武媚娘愣了一下，她没有料到长孙无忌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没错，我就是武媚娘。长孙无忌点点头：“我与你父亲曾经有过一些来往，虽说不上是朋友，但也算是惺惺相惜的。” 你如今入了后宫，可还过得习惯？这武媚娘苦笑了一下，然后说道：“入宫多年，仍旧是秀女之身。”这话已经把武媚娘现如今的状况给说了一下。长孙无忌点点头，道：“后宫女子很多，想要让圣上注意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一个女人想要在后宫坐稳一个位置，外面没有人帮衬也是不行的。你去看看，现如今在后宫过得不错的那些人，他们那一个不是在外面后势力的？后宫的争夺一向都是杀人不见血的，没有势力。” 就你一个在后宫是根本不行的。武媚娘是个聪明人，听到长孙无忌跟自己说这个，她多少就猜到了长孙无忌的意思。像长孙无忌这样的人，肯定需要后宫有人帮忙啊。长孙皇后已经死了，那她就只能从这些秀女里面选一个听话的了。而武媚娘更清楚的是，像长孙无忌这样的人，那可都是老狐狸，跟他们联手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呀、啊。可就算如此，武媚娘还是决定试一下。一来，他们武家的情况不是很妙；再来。 他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不想一辈子老死在皇宫里面。就算到了一定的年龄被放了出去，可那个时候他还能做什么？所以趁着年轻，他想努力的往上爬。只有在皇宫里拥有了一定的地位，才没有人敢轻视他们武家。所以现在长孙武家投来了橄榄枝，武媚娘心里还是很兴奋的。不过虽是兴奋，她却又表现得十分冷静。在片刻的迟疑之后，才开口道：“长孙大人说的极是，只不过我们武家已经没落了，自身都难保。” 那里还有什么势力可以让我借用？武媚娘这话显然是顺着长孙无忌的话去说的。整个大唐要论势力之强，没有几个比得上长孙家吧？若是能够得到长孙无忌的帮助，那他在后宫必定平步青云啊！而武媚娘这样说完之后，长孙无忌露出了一丝浅笑。他突然觉得武媚娘这个女人很上道。如果她不上道的话，就不会这样说了。他长孙无忌刚才说的那一番话，又何尝没有试探之意？势力嘛，总是有的。我与你父亲关系不错。 当年甚至差点认你做干女儿呢，你若是愿意，我们私下也可以认做干亲。以后你在后宫的事情，我这个做义父的少不得会帮忙一些。长孙无忌跟武媚娘父亲之间是不是有这些来往，还真不好说。不过长孙无忌这样说了，武媚娘就算是怀疑也没有用。而且长孙无忌也不觉得武媚娘会怀疑，或者说武媚娘怕是正巴不得如此，那里会管这些事情的真假？而事情也的确就是这个样子。长孙无忌说完之后，武媚娘立马就行礼道。 拜见义父，见此，长孙无忌心头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突然觉得这个武媚娘是个很聪明的女人，知道如何把握住机会。今天这种情况，虽说是他故意安排，引导着武媚娘与他联手的，但武媚娘又何尝没有耍心机，顺着他的话走呢？不然，只要他随便错开一下，两个人都不太可能这么快达成协议。好，你安心在后宫待着吧，义父会为你找机会，让你在后宫慢慢站稳脚跟的。不过这种事情，你也不用着急，要等机会的到来。 开春之后必有你的时机。长孙无忌并不想过早的帮武媚娘，因为他对武媚娘还不是特别的信任，所以他需要一段的时间来观察一下武媚娘。而且很多好处，长孙无忌都觉得不能太过顺利的给一些人，不然他们不知道珍惜。如果他们不知道珍惜的话，自然也就不会念你的好了。听到长孙无忌这话后，武媚娘并没有表现出急切来，她只是点了点头，一切听义父的安排。只是我们武家现如今的情况，若不解决的话，恐怕我那两个兄长。 活不过今年冬天了，言下之意是希望长孙无忌能够帮忙了。虽说长孙无忌是在帮他武媚娘在后宫站稳脚跟，但他武媚娘又何尝不是在帮长孙无忌？既然双方各取所需，那他武家现在有难，长孙无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长孙无忌越发可以确定武媚娘是个很聪明的女子了。他浅浅一笑，道：“放心吧，武家的事情我会派人去解决的。”两个人这样说完，便没有再多说什么废话，很快便各自离去了。 长安城的雪仍旧在下着，年底的时候，晴天和胡十八他们一行人已经快到蜀中了，而再过两天，他们就会跟木料带领的一千兵马汇合。而在此之前，蜀中屠龙会内部，莫屠龙跟他的几名手下又聚集在了一处，杀了木料，可以说是狠狠的教训了一下朝廷。不过现如今，朝廷又派遣了一个人来，而这个人是晴天。对于此事，你们怎么看？听到晴天这个名字的时候，其他几名使者的脸色就变得有点难看了。 什么？朝廷竟然派了晴天前来，这只怕就不妙了呀！听说这个晴天很厉害，我们会不会很危险？晴天从来就没有败过啊，我们遇上他，只怕要遭殃了。怎么办？要不我们先躲着他？几个使者都有点害怕晴天，只是听到了晴天的名字就害怕的不行。而莫屠龙看到这种情况后，眼眸就凝了起来，有点不喜。一个晴天算什么？就算那个晴天很厉害，又能怎样？我们要灭他，有什么困难吗？ 不要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莫屠龙很生气，而他这么说完后，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老大说的有道理，不过只是晴天而已，他又不是神仙恶魔，有什么好怕的？他来了，我们就不能杀了他吗？老大，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派人再去刺杀晴天的。如果连晴天也都给杀了，那我们对朝廷的打击可就大了呀！朝廷一连两个钦差都被杀的话，那蜀中的事情恐怕就真的大了。莫屠龙考虑了片刻，而后点了点头，好。 不管朝廷派谁来，我们都要将他们杀死在蜀外。这件事情还交给绿衣使者。听到这事又是自己办，绿衣使者的脸色就有点发白了。若是其他人还好说，可晴天的话，他是真的没有把握啊。这万一人没有杀成，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那恐怕就不妙了。只是莫屠龙已经开口了，他断没有拒绝的理由啊。所以绿衣使者也只能点点头，领命退去。晴天他们在快与唐军会合的前一天晚上，在一个小镇上落脚了。 这个小镇是跟之前木料被杀的那个小城镇连着的，两个城镇也就一天的距离。他们在这里停下之后，便找了一家客栈，要了几个房间，而后又弄了一些酒菜，全部端到了晴天的房间。一行人坐着吃饭，罗黄道：“公子，前面那个小镇就是木料被杀的小镇了、啊。公子和那木料一样，都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屠龙会得到这个消息后，怕是会像对付木料那样来刺杀公子啊。所以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公子应该小心一点。您的这个房间很大。” 让胡十八和秦武他们在这里待着，应该会好一些。为了晴天的安全着想，罗皇觉得他们应该安排更多的人来保护晴天，这个并没有什么错的。不过晴天听完之后却是摇摇头：“如果屠龙会的人真的愿意来杀我，我求之不得。”听到这话，众人都有点懵逼。那有这样的人，竟然还求之不得？公子，你莫要开玩笑。那屠龙会的人不好对付，我们不可大意啊！是啊，是啊，我知道公子你怎么想的。 无非就是想把自己当成诱饵，不过我们对屠龙会也不怎么了解，万一失算了，可如何是好？是啊，公子何等身份，怎么能冒这个险？要我说啊，我们不如这样，找人假扮公子，带着房间里便是，公子可以去其他地方休息，这样就算出事了，公子也绝对安全。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跟着来，可不是要建功立业的，他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确保晴天的安全。若是晴天有了什么三长两短，别说李世民不会饶了他们。 就秦国公府的三个夫人也能让他们掉层皮，所以为了晴天的安全，他们自然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才行的。为了晴天，他们自然也不惧怕生死。不过，他们这样说完之后，晴天却是摆了摆手。正是因为对屠龙会不了解，所以我们才需要想办法抓几个活口来问嘛。而想要抓活口，就需要诱饵，我来就行了。你们听到动静后跑来帮忙就是了。来的途中，晴天已经通过一些途径对剑南道的那个屠龙会了解了一下，只是虽说了解了一下。 可一跟没有了解差不多，这个屠龙会太过神秘了。除了知道他们神出鬼没、杀朝廷命官、杀富商权贵、劫财外，其他的倒也没有打听出来。而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如何解决屠龙会？所以，在来到这里之后，秦天便觉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他便准备冒险一下，做那个诱饵。这样说完，秦天已经摆了摆手，道：“吃完这些饭，你们就回去休息吧。该准备的准备，该休息的休息。”秦天意已决。 众人见此没有办法，也只能领命退去。夜幕降临，今夜的月亮并不是很圆，已经是下弦月了。不过月色却还算不错。离新年越来越近，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出远门了，所以客栈的生意并不算很好。早早的时候，客栈老板便关门打烊了。夜色越深的时候，四周空寂，连一丝风声都听不到。而就在此时，几名黑衣人悄然进入客栈，直逼晴天的房间而去。他们的动作很轻，轻的几乎不闻。 他们来到晴天房间外面后，很快有人用刀撬开了房门。房门打开，一众人直接就冲了进去。面对晴天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存什么侥幸的心理，所以他们不成功就是死。因此，他们也就没有讲究什么策略。冲进来之后，几个人就一起抽刀向晴天砍了过去。他们很猛，猛的让人觉得没有人能够躲过他们的刀。他们并不担心什么陷阱，这里可是客栈啊！晴天他们刚来，他们能在这里设下什么陷阱？而且他们的人一直都在关注着这里。 这里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很清楚，没有陷阱，床上的人就是晴天，他们只需要直接杀过去就行了。刀砍了下来，连带着人和床，直接被砍成了两半。刀砍下来后，直接将人和床给砍成了两半。那些刺客杀手心头猛然一喜，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东西突然从断裂的床上滚了下来。他们这么看了一眼之后，顿时凝眉。他们刚才砍的人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块木头。那木头被人用被子盖着。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人睡着了一样，而就在他们明白怎么回事后，突然感到一个寒意从后面袭来。晴天并没有离开这个房间，他一直都在这里，这是他们盯着房间的结果。可现在却不见了晴天的踪影，这怎么可能？他肯定还在房间里。念头越深，他们就越发的觉得恐怖。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几位是在找我吗？”声音很随意，可是，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地方发出这样的声音，就让人觉得恐怖了。 不过，这些人到底是经过了专门训练的。就在他们听到这个声音后，他们并没有片刻迟疑，紧接着立马抽刀向声音发出的方向杀了过去。不过，他们刚要杀过来，晴天就已经出手了。晴天的出手很快，根本不需要其他人帮忙，没多久就把这些刺客给制服了。他并没有杀这些刺客，只是砍断了他们的手脚。这些人还是有点用的。解决了这些人后，胡十八他们才终于赶过来。公子，就是他们行刺。 真是好大胆子！啊，就他们这点本事，还敢来行刺公子？公子可否杀了他们？晴天摆摆手道：“不急，我还要再询问一下他们。”屋内的灯亮了，这些刺客的脸上都带着惊恐。他们早就听说晴天很恐怖，如今与晴天交手之后，他们更觉得晴天恐怖。晴天这样的人，简直就不是他们能够撼动的呀、啊！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说不定我能够饶你们一命。可若是不老实，今天晚上我便送你们上西天去。听到这话， 这些人虽然感到恐怖，但却也只是呵呵一笑。很显然，他们并没有出卖自己人的意思。不过晴天也不急，道：“说吧，你们屠龙会的老巢在什么地方？”晴天刚问了这么一句，那几个人就相互望了一眼，紧接着他们的嘴角就流起血来。他们如果真心要死的话，谁也拦不住。看到这种情况，晴天的眼眸就凝了起来。这一次，他才发觉自己遇到了硬点子。这个屠龙会的人不害怕死亡啊！如果他们不害怕死亡的话， 那要找到他们都是个问题，如此又如何能够灭掉他们？公子，现如今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是好？大家都望着晴天，晴天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紧接着说道：“没事，将这些尸体处理一下，明天他们继续赶路，先与大军回合之后再说其他事情。”众人点了点头。如果晴天都不担心的话，那他们也就不用担心了。他们相信晴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就在晴天这边派人处理那些尸体的时候，小镇的某一个地方。 绿衣使者已经得知他们刺杀失败的消息了。听到这个消息后，绿衣使者的眼皮子顿时就抽搐了一下。虽然早就知道晴天不好杀，可自己的人就这样死了，还是让人有点意外。使者，我们是不是再派人对晴天继续刺杀？杀一次不行，那他们可以杀两次嘛？他们就不信杀不掉晴天。不过绿衣使者却是在犹豫了片刻之后摇了摇头。一次刺杀之后，那晴天只怕会更加防备，想要刺杀他可不容易了。我们尽快赶回锦城，将情况跟会长说一下。 我们必须早做准备才行啊！杀是杀不掉晴天的，只会让他的人继续被杀。如此的话，还杀个屁呀、啊！听到要回去，其他人相互张望，但也并没有拒绝。次日一早，晴天等人离开了那个小镇，继续前进。傍晚的时候，他们终于来到了之前木料所在的那个军营。自从木料被杀之后，他们在这里就没有怎么动。而这里的将士暂时由一个叫蔡米的人统领，他是木料的人，同时也是蜀王李克的人。 在得知晴天赶来之后，蔡米并没有派人去迎接，只是让他的人在军营里该做什么做什么，好像对于晴天的到来并不知情，或者说并不欢迎。按理说，晴天这么有名气的一个人来了，那可是要帮他们去灭掉屠龙会的，他们不欢迎，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蔡米接到了蜀王李克的要命，要他不要怎么配合晴天，他想让晴天在这里吃一点苦头。如此，哪怕他蔡米心里也怕怕的，可有蜀王李克的命令，他那里还敢去迎接晴天？ 一众人在军营里忙碌着。晴天他们来到军营之后，见没有人出面迎接，几个跟着晴天的人就有点生气了。他们家公子那是何等的厉害，何时被人冷落过？可现在他们这些人竟然敢不迎接他们公子，真是气人啊！岂有此理！这些人还真是好大的架子啊！公子，我们冒着严寒跑来帮他们灭屠龙会，他们倒好，竟然给我们来起下马威了。公子，你一句话，我直接宰了他们，不教训一下他们，他们就不知道公子的厉害啊！ 一众人说的气氛，晴天却是浅浅一笑，道：“好了，等进去之后看看情况再说吧。”一行人走了进去，他们进去的时候，一众将士都望了过来，可是他们又不敢上前来。虽说晴天的身份很高，可他们现在多少是归菜米管的呀，县官不如现管，所以他们就算想跟晴天亲近也是不能。而他们这样望过之后，也只能轻声叹息，而后便离开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晴天一直走到大帐中的时候，都不曾有人前来迎接。 他此时也已经隐隐有了怒意，而秦武、胡十八他们已经气得握住了兵器，恨不能直接砍了这里的人。秦天带人来到大帐的时候，蔡米正与一众属下攀谈，看到秦天之后，蔡米才终于露出了一丝淡笑，道：“哎呀，秦大人来了，真是有失远迎啊。”虽然说的很客气，但蔡米的态度真的有点一般。这个时候，秦天反而有点拿蔡米没有办法了。你说他不把自己当回事吧？可他又说了什么有“有失远迎”。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不知道似的。如此一来，你若是因为这个就杀他，有点说不过去吧？晴天强压心中怒火，道：“本官奉命前来灭屠龙会，今后这里的一应事情全归本官掌管。不知诸位可有什么意见？”晴天的态度并不算很好，而且一来之后就要夺权。他这么开口后，其他人都没有说什么。这是如何，全看蔡米的态度了。蔡米也知道这事，而且晴天说的也没有错。他既然成为了青瓷。 那这里的事情自然就交给他了，他能有什么意见？不过不能没有意见，不代表他们就一定要听晴天的呀。晴天的命令他们不执行总可以吧？只是让晴天当面子上的钦差。有了这个想法后，蔡米连忙笑道：“没有意见，当然没有意见。秦大人的威名，我们可都是听说过的。秦大人来了，我们要灭屠龙会，自然也就易如反掌了。”如今蔡米这样说了，其他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连忙跟着附和。众人这样说完之后，蔡米问道。 秦大人，您既然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入蜀中了？蔡米问了一句。秦天突然瞪了一眼，道：“这里是你管事，还是我管事？”这蔡米有点懵逼，不清楚秦天为何会突然因为这个生气。当然，当然是秦大人您管事。秦天哼了一声：“既然是我管事，那如何做本官只有安排，何须你来多嘴？”蔡米心里已经把秦天骂的不行了，可嘴上还是连忙应道：“是是。”这样说完，秦天挥了挥手，道：“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什么时候走我会通知你们的。一众人离开，蔡米的心里气愤的不行。如今这些兵马可都归他管，如果他生气的话，秦天以为自己能调动起这些兵马来。他觉得自己早晚都得想办法让秦天知道他的厉害。大帐内只剩下了秦天这些人。胡十八将大刀往地上一插，怒道：“公子，这些人真是可恶！您一句话，我现在冲出去砍了他们，也算上我一个。他们手段什么东西，敢跟公子？” 你耍心眼，就是就是直接砍了他们算了。众人有点愤怒，晴天却是浅浅一笑，道：“好了，就因为这个杀人，回去之后圣上指不定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最为重要的任务，还是掌控这一千兵马。这些兵马都是跟着木料和菜米的，算得上是蜀王李克的人。想要他们听从我们的命令，可不容易。而他们若是不听话的话，我们就算是入了剑南道，想要灭掉屠龙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想要灭掉屠龙会。” 首先，他们需要拥有一支很听话的队伍。可现在看来，这一支队伍并不怎么听话。听到晴天这话后，他们都觉得晴天说的很有道理。没有队伍，怎么灭屠龙会啊？所以公子的意思是，在没有控制这些兵马之前，我们都不会去蜀中。晴天点点头，不错。明天我要对这些兵马进行一些训练，试探一下他们这些人的态度。晴天把一些情况跟胡十八他们说了一些，到时候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少不得要他们出手帮忙。 次日一早，晴天就传递出了一个命令，让所有将士集合在一起。这个命令下达之后，蔡米这些人倒也领命了。不过，直到过去了半个时辰后，他们这些人才终于姗姗来迟的聚拢在了一起。而晴天已经站在军营的训练场上等他们许久了。不过，此时晴天的脸色有点难看。你们都是军人，应该知道军令下达之后要立马执行。本官已经下令集合了半个时辰，你们才终于集合在一起。按照我大唐军令，这种情况该如何处决啊？ 晴天这话开口之后，那些将士的头领就有点紧张起来。按照大唐律法，如果将士们集合的慢了，受罚的不是将士，而是他们这些小队长啊，其中也包括蔡米。晴天的话音落下，蔡米就站了出来，道：“秦大人，天寒地冻，将士们行动难免慢了一些，还请大人饶了他们这一次吧。”蔡米根本就没把这个当回事。晴天却是哼了一声，道：“若是打仗的时候因为天寒地冻就慢了一些，那你们现在就不是站在这里听训了。” 而是直接被敌人的屠刀给砍死，所以不管任何时候都不准怠慢军令。说到这里，晴天望向蔡米：“啊，这些人都是听从你的命令的，他们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都是你这个将军的不是。按照大唐军法，你觉得自己该如何处置？”显然，晴天这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对他蔡米动手啊！听到这话，蔡米整个人的脸色都微微发生了变化。晴天要是这样做的话，就有点不厚道了、啊。就因为昨天没有迎接他，今天晴天便要报复吗？ 蔡米有点担心，但想到这些人都是听自己的，他就又有了底气，道：“秦大人何必如此？不过就是慢了一次罢了，饶他们一次就是了。”秦天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道：“按照我大唐军法，你蔡米按律当斩。来人，将这个蔡米给我拿下，当众斩首。此后谁若敢不听军令，杀无赦。”这话出口，军中并无人动，他们的眼神都有些惊恐。而这个时候，蔡米顿时就来了脾气，骂道：“秦天，你真以为自己是谁了？” 竟然敢在这里指挥我的将士杀我！你问问他们，谁敢杀我？他们不敢杀你，我敢。声音落下，胡十八已经飞身而出。胡十八飞身而出，同时一柄大刀已经朝着蔡米砍了下去。那蔡米早已经防备着晴天以及他身后的胡十八等人，所以就在胡十八突然杀来的时候，他也连忙做出了一些应对。只是面对强悍的胡十八，蔡米的应对显得如同小儿科一般。一刀砍下之后，蔡米直接就被砍去了头颅。 鲜血喷洒了一地，其他人看到之后顿时吓得噤若寒蝉，同时跟菜米不错的那些人也有点生气和愤怒。都是大唐的官员，秦天怎么能说杀人就杀人？可是看到胡十八刀上的鲜血后，他们又忍了下来，什么都没有说。秦天看了他们这些人一眼，道：“这里既然是军营，你们既然是军人，就要听从命令，这是你们当兵的第一天就应该了解的规矩。而谁若是觉得自己多厉害，不想听从，可以。” 本官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离开，要么死。众人听到这话，却是暗暗叫苦。已经当了兵，那有离开的道理？离开了就是逃兵啊！而他们大唐对逃兵的惩罚是十分严苛的，不仅自己会被通缉，就是自己的家人也要受连坐之罪啊！他们那里敢逃？众人张望，却是不语。秦天看到这种情况，道：“本官奉圣上命令，前来带着你们去剿灭屠龙会。本官手里有圣上的圣旨，以后本官的命令，谁若是不从，” 就别怪本官对你们不客气。不过你们也大可放心，灭了屠龙会，回到长安城后，本官会亲自为你们请功，该有的赏赐一个都少不了你们。对付这些士兵，要软硬兼施才行。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下后，还要让他们有一些动力，不然就这样让他们卖命，他们肯吗？而秦天这样说完之后，这些将士多少就松了一口气，其他人也都连忙站了出来。以后我们一定听秦大人的命令。没错，我们听从秦大人的号令。将士都表示肯听命。 晴天满意的点了点头，道：“好，接下来本官会考核一下你们的能力，看看你们是不是具备杀敌的本事。等本官考核之后，再做其他打算。”说完之后，晴天便让胡十八、秦武他们对这一千将士进行考核。考核的方面有很多，体能方面、杀敌手段、如此等等。而经过这么一番考核之后，晴天发现这些将士的体能还是不错的，毕竟在大唐当兵倒是没有多少虚的，都是经过了训练和选拔之后才上来的。不过要说杀敌手段， 他们这些人还是差了一些，打仗嘛，要想活命就得杀掉敌人才行，而且要用最快的速度杀掉敌人。可是这些将士之中有不少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与人杀敌的时候，只怕他们还没有拔出刀来就已经被杀了。所以晴天很快就给他们指定了一些训练的项目，让他们训练。什么时候训练好了，我们就什么时候进入剑南道去剿灭屠龙会。听到这话，那些将士不由得都有点懵了。现在剿灭屠龙会才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吧？ 可晴天却要他们留下来练习杀敌的手段，这算什么、啊？万一耽误了剿灭屠龙会，那可如何是好？只是有了刚才的前车之鉴，他们这些人就算有疑问，也不敢跳出来质疑，只能连忙领命。却说，就在晴天训练这些将士的时候，绿衣使者终于回到了屠龙会，并且把情况跟莫屠龙说了一下。会长，那晴天实在是太妖孽了，厉害的不行啊！我们的几个人进去之后，被晴天一个人给杀了个干净，而且他身边还有好多高手。 我就训练的那些死士去了也是送死啊，所以我便没敢再轻举妄动。听到绿衣使者这话后，墨屠龙的眼眸微微凝了一下。刺杀秦天失利，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想当初他们杀木料的时候何等的轻松，看来这个秦天果然不同凡响啊。不过他既然入了蜀中，就别以为自己有多厉害。既然刺杀不成，那就算了，我们再想其他办法。墨屠龙并没有责怪绿衣使者的意思。那秦天本来就不好杀，既然杀不掉，那就算了。会长。 如今这种情况，我们恐怕就危险了、啊。那晴天进入蜀中之后，万一找到了我们，就凭我们这些实力，怕不是他们的对手。屠龙会很神秘，但他们自己的实力，他们自己还是很清楚的。只有差不多一千来人，这一千来人虽说有不少武艺高强，但若论厮杀时候的杀人手段，却还是不如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杀过的唐军将士。而且蜀中的一些官员也肯定会调集兵马来协助晴天的，一旦交手，他们肯定不低。一名使者说出这个之后。 其他人都面露忧虑之色，不过就在这个时候，青衣使者却是站了出来，道：“蜀中的情况很是复杂，要与晴天周旋，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会长，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应对之策。”那几个方面？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青衣使者。青衣使者浅笑，随即说道：“第一，我们还是要派人继续想办法刺杀晴天。晴天死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就会好办很多。第二嘛，向晴天和唐军宣战。” 继续刺杀蜀中的官员，以及蜀中的那些富商和权贵。如果这里的事情闹得很大，长安城那边肯定会有人弹劾秦天办事不利的。那个时候，朝廷可能会对秦天有所处罚。若是秦天被李世民给叫了回去，那我们就可避免这个强敌啊。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听到还有第三个，众人顿时越发的激动起来。青衣使者，快说第三个是什么？是啊，是啊，快说第三个是什么？怎么就重要了？能杀死秦天吗？ 众人都十分的好奇，青衣使者笑了笑：“这第三个若是能够成功杀秦天，何难？而我的办法很简单，借刀杀人罢了。”听到青衣使者的第三式“借刀杀人计”，众人越发好奇起来：“借谁的刀？”“是啊，整个剑难道还有谁的刀能够杀了秦天吗？”青衣使者浅笑道：“自然是有的。这剑难道蜀中之内，人员比较复杂，住着很多的族类啊。这些族类有不少都不怎么服大唐的管教。” 多有聚众闹事的。在晴天来锦城途中的天河县，有一个叫狼族的部落。这个部落的人经常与天河县的官员发生冲突，多次杀过一些衙役、啊、而这个狼族里的人虽然不多，只有几千人，但他们的男丁都是十分彪悍的，拿起兵器就能跟人干架。而且他们的脾气有些急躁，只要我们想办法让他们调动与晴天的仇恨，那么等晴天走到天河县的时候，势必会遭到这个部落的袭击啊。剑难道这个地方太过复杂了。 别看这个地方是大唐十道之一，但在这大山之中，多有不服从大唐管教的人。比如说这个狼族，他们就有自己的族长、自己的律法、以及自己的风俗。谁若是敢干涉，他们非得跟你拼命不可。而且他们向来都不喜欢跟官府的人打交道。在青衣使者看来，只要稍加运作，就可以让狼族的人跟秦天有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话，他们肯定是要与秦天一战的，甚至是决一死战。那个时候，秦天被杀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狼族的人善战，而且不怕死，真与唐军打起来的时候，绝对非同一般。听到青衣使者这么一番话后，众人相互张望。紧接着，莫屠龙便道：“青衣使者的办法好是好，可如何才能够让狼族的人与唐军一战呢？他们也不是笨蛋，那会轻易与唐军一战？”对于这个，青衣使者浅浅一笑：“这是好办，如果会长相信的话，那这事不如交给我来办好了，我一定能够将这件事情给办得很圆满。”青衣使者是他们的军师。 智囊，他的点子是很多的。如今连他都这样说了，那想必他是有十足把握的。莫屠龙并没有过多询问青衣使者怎么做，他点了点头，道：“好，既然青衣使者这样说了，那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青衣使者点头应下。这个时候，莫屠龙又道：“像以前那样用刺客去刺杀晴天的办法显然是不行的，晴天的戒备心很强啊，所以我们必须用其他办法才行。这个谁愿意领命？”说完，莫屠龙看了一眼其他几位使者，绿衣使者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他是真的有点不想再与晴天打交道，自己的人去了就死，那晴天实在是恐怖啊。不过就在这个时候，肥胖的红衣使者站了出来，道：“会长，这事交给我吧，暗杀什么的，我们女人家的也不比男人差。男人杀人多半比较直接，比较暴力，但女人的话可就会用一些手段了。”这个红衣使者人虽然肥胖，但却是个用毒的好手，说不定他还真就有一些办法弄死晴天。见此，莫屠龙点了点头。 这事就交给红衣使者去办了。那刺杀富商和官员的事情就交给绿衣使者去办吧。这个对绿衣使者来说倒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他立马点头就应了下来。一群人这样商议完后，便都陆陆续续的离开办事去了。晴天对那一千兵马好好的训练了几天。他训练人的手段有些凌厉，也就是说会让人很吃苦。不过好在这一千兵马的承受能力不错，基本上都撑下来了。而他们撑下来的时候，他们杀人的技术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看到这种情况后，晴天也就没有再继续停留，很快把一众人叫了来，吩咐道：“明天入蜀中。”听到晴天终于让入蜀中了，众人忍不住都兴奋起来。入了蜀中就可以灭掉屠龙会，回到长安城后就算是立了大功啊！命令很快下达了下去，一众将士们都很兴奋，以至于晚上休息的时候都直到很晚才终于入睡。当然，晴天之所以决定入蜀中，一来是这些人的杀人技巧有了提升，再有就是经过这几天的训练。 这些将士已经完全归附他晴天了，他晴天说什么就是什么，根本没有人在听其他跟菜米一样人的话。既然这一支兵马已经归心了，那很多事情做起来也就没有什么麻烦的了。入蜀中势在必行。他们动身那天已经是腊月中旬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新年。不过他们都很清楚，以他们现如今的情况，想要回家过年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入蜀之后，天气竟然好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蜀地之外寒冬正浓啊。 天气冷的不行，让人倍感瑟瑟发抖。可是入了蜀中之后，这里哪怕再冷，也没有让人觉得多么的难以接受。而且可能四周都是山的缘故，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风，冬天没有了冷风吹，再冷也是冷不到那里去的。蜀中官员本来有不少都是接到了蜀王李恪命令，想办法刁难一下晴天，让他在蜀中不那么如意的。而且很多官员也都想好了办法，比如说不提供帮助啊，给晴天他们找一点麻烦什么的。 可是，当蔡米被杀的消息传到蜀中之后，那些得到了蜀王李克命令的官员都迟疑了一下。晴天把蔡米都给杀了，他们若是敢找晴天的麻烦，那晴天怕是肉厚不嫌枣子多，恐怕会连他们也都一起给杀了吧？想到这些，对于晴天的到来，他们倒也不敢耍什么心眼了。而且，如今的蜀中屠龙会变得更加猖狂，对不少官员和富商都进行残忍的杀害和掠夺，他们自己都快保不住自己了，那里还有心情去找晴天的麻烦？ 而且晴天是来对付那些屠龙会的，这里的官员已经被屠龙会给吓坏了，只怕他们现在对晴天欢迎还来不及呢，那里还会去找他的麻烦。所以这一路上，晴天他们倒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天河县。天河县四周全是山峦，而这些山峦十分的绵延，给人一种一眼望不到边的感觉。天河县虽被群山环绕，但也算是一个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不过就算如此，这里的交通也绝对称不上方便，所以。 也就谈不上多么的繁荣了。天河县建成依旧，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肯来县里定居的。不过他的眼睛并不怎么专注，想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里也在担忧，很不安。司马大人好大的架子啊！晴天走进来后，冷冷的说了这么一句话，那司马木拿书的手不由得颤抖了起来。他在心里暗骂自己的没用，本来还想跟晴天好好的硬气一下的，可真的见了晴天之后，就被晴天的气势给压了下去。看来架子是真的很大，见了本官也不行礼。 这话说完之后，秦天身后一众人立马拔出了刀，刀声悦耳，可又带着一股摄魂之力。那司马木本来正在，可听到刀声之后，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起来了。他也顾不得，扑通就给秦天跪了下来：“下官司马木拜见秦大人，下官下官耳目不怎么好，才刚知道秦大人大驾光临，真是真是有失远迎了。大冷天的，司马木的额头冒着冷汗，而他说的这个理由真是蹩脚。秦天却是有些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本来以为这个司马木能够跟他作对一下，这样他能除去一个李克的人，也就除去一个了。反正他来剿灭屠龙会，随便找一个理由都能把这事给蒙混过去。而且阻挠他办屠龙会，那也是大罪啊。只是让晴天没有想到的是，他才稍微的吓了一下，那司马木就已经很没有节操的跪了下来。这种情况真是有点让人大跌眼镜，很是无语。看到司马木这个样子，晴天呵呵一笑，道：“好了，起来吧，就你这样没用的东西。” 也配跟本大人斗？以后好好在这里做你的官吧。若是让本官知道你有什么对不住大唐的事情，本官弄死你！是，是秦大人教训的极是，教训的极是，下官下官谨记教诲。司马牧现在恨不能对秦天跪舔，刚才差那么一点点，他的人头可能就没有了呀。而现在想来，相比较下，自己保住性命可比向蜀王李克敬忠要有用的多呀。他突然有点佩服自己的机智。秦天对这司马牧是极其不屑的，骂了一句之后。 便带着人又冒雨离开了天河县县衙，回到了军营。这个时候，军营已经搭建好了，很多将士累得不行，早早便去休息了。等这场雨结束之后，我们便离开这里，去往锦城吧。天河县的这场雨下得很大，直到次日才停。雨停之后，这里的道路上倒没有多少积水，因为这里的地势很奇特，就算有水的话，也会顺着向下流去。所以这么大的雨，地面也没有什么泥泞。不过天河县没有什么泥泞，晴天他们想要离开也不容易。 因为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名探子急匆匆送来了一个消息：他们去往锦城方向唯一的道路遇到了泥石流，道路被泥石流给拦住了，非得把道路清除之后才可离开。听到这个消息后，晴天的眼眸就微微凝了起来，他有点生气，这雨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个时候下了，有点气人。清理那些泥石流需要多久时间？人多的话，七八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如果人少的话，恐怕要半个多月。 这个时代的工具简陋，想要快速的清除泥石流那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这还是因为阻拦的不是很厉害呢。要是遇到厉害的，几个月都不一定能够清理干净。晴天眼眸凝了一下，道：“在整个天河县境内招募百姓去开路，告诉他们，只要肯去开路的，有饭吃，有钱赚，绝对不会亏着他们。这种事情，他们将士做不好，毕竟不熟悉这里的情况，将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意外。这里的百姓却是时常做这个的，让他们做会好很多。” 而且晴天的这些将士是要剿灭屠龙会的，若是在这里出现了意外，亦或者是伤到了那里，那对付屠龙会他们的力量可就又弱小了一些。晴天这样吩咐下去后，很快就有人去找附近的百姓去开路。这种事情，就算晴天不去吩咐，这里的百姓为了走路也是要去做这些的。如今晴天不仅管饭，还给钱，这对他们来说绝对算得上是意外之喜了。所以大家也都十分的乐意，干劲很高。没多久。 晴天，他们就找来了很多年轻力壮的百姓去开路。而就在众人热火朝天开路的时候，天河县境内一个山坳之中住着狼族部落。这个部落有几千人，其中壮丁有一千多人，而这一千多人力气很大，都是那种拿起兵器就能跟人干架的人。而他们也一直靠着这些人来保护着他们的利益，哪怕是官府的人到了他们这个部落，也不怎么管用。这个部落靠山吃山，基本上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不过偶尔。 他们也会去县城买一些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当然，在买这些生活用品之前，他们需要把平日里做的一些手工作品给卖掉换钱，然后再去买才行。在他们部落，钱财的作用不大，也只是在与外面的人来往的时候才会显得重要一些。今天，一男一女拉着一批货物离开了狼族部落，他们要去县城卖一些东西，然后再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回来。这一男一女是已经定亲的情侣，男的身材魁梧，是狼族部落里现如今最强壮的未婚男子。 是狼族部落的勇士，同时也是很多狼族女子喜欢的对象。而这个女子相对来说要更为柔美一点，不过皮肤相对来说也有点黑。不过这些都不影响她的美貌。她叫微微，是现如今狼族部落族长的妹妹，十分受宠。在整个狼族，只有最强壮的勇士才能够娶她为妻。而她的未婚夫阿力虎就是他们狼族最强壮的勇士。两个人拉着货物向县城赶，一路上都没有什么人。两个年轻男女边走边说，忍不住就说了一些荤段子。男人和女人在一起。 说这些好像也是很正常的嘛，而且两个人已经定了亲，就差没有成亲入洞房了。平日里在部落里面到处都是人，两个人见面倒是可以的，可想要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就有点难了。可现在路上没有人，两个人都有点放得开。男人阿力虎就不用说了，微微虽然柔美了一些，但性格却也算开放。两个人越说，那阿力虎就越发的动情。微微妹,妹子，你看这四下无人，你就让哥哥我那个怎么样？听到这话。 微微顿时羞红了脸，又假装不知，道：“那一个呀，那个一下，你看我都受不了了。”阿力虎拉着微微的手向下摸，很快，微微就收了手回来，脸颊更是通红。可可这是路上到底不方便，听到这话，阿力虎便知道他已经默认了这个，于是连忙拉着他下了马车，道：“去那里，那里有树林，外面就算有人也看不到。”说着，阿力虎不等微微再说什么，抱着他就向里面跑去。两个人很快就干起了没羞没臊的事情。 不过，就在两个人脱了衣服做着那种事情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轻微声响。阿力虎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不过现如今正在紧要关头，他那里反应的过来。等他刚要起来的时候，就被人一刀给砍翻在地。紧接着，他便看到两个穿着大唐军服的男子走了过来。哈哈，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人啊！谁说不是？这美人在这里做这种不知羞耻的事情，还真是让我们哥俩长了眼界了。谁说不是？我们跟着秦天秦大人跑了这么远的路。 可是好久没有碰女人的，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美人当前，当然是干了呀！两个人哈哈大笑，紧接着就直接扑了过去。对于那阿力虎，他们根本就没有怎么在意。刚才两人的出手已经彻底废了阿力虎，他现在只有躺在地上，任由人宰割，或者任由人看着自己的未婚妻被人欺负。小小的树林里面，不时的发出阵阵怒吼之声，只是这怒吼之声又渐渐的变得不稳起来。阿力虎已经喊得声嘶力竭了。 那种痛心简直让他想死的心都有了，可是他没有死，他的未婚妻微微却死了。在被那两个唐兵残忍的羞辱了一番之后，又被那两个唐军残忍的给杀害了。天河县境内的天气并不算很冷，山上的木叶也不见有多少凋零的。阿力虎却觉得浑身上下都冷得出奇，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回去的，他只记得自己内心有仇恨，而这一股仇恨支撑着他艰难的向部落爬去。不过他爬了半天之后就昏死了过去。 后面的事情就不知道了。而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部落他家里的床上。而他刚醒，一名身材比他还要魁梧的男子就走了过来。这个人正是他们狼族的部落族长，也是微微的哥哥昊天。阿力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把你打伤了？微微呢？昊天有点急切，在得知阿力虎被部族采药的人带回来后，他就有些心急如焚。所以得知阿力虎醒来后，他也顾不得阿力虎身上的伤，连忙就跑来询问。而他这么问了一句之后。 从来不曾哭过的一个大男人，在这一刻却是哭得很伤心，很伤心。看到这种情况，昊天的神色就有点凝重起来。我妹妹呢？他人在那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准哭！作为族长，昊天还是很有威望的。他这么说完之后，阿力虎终于还是止住看哭泣，然后把事情给说了一遍。他这么说完，在场众人顿时一惊：什么？那晴天的部下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来？可恶！可恶！竟然敢杀我昊天的妹妹！ 真是岂有此理！我要你们不得好死！来人，去把我妹妹的尸体取回来！太可恶了！那些人简直不得好死啊！真以为我们狼族是好欺负的？就是就是，族长，我们不能受这个气啊！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跟他们拼命！没错没错，跟他们拼命！一众人愤怒的吼着。微微可是他们心目中的女神啊，哪怕他已经许配给了阿力虎，可微微还是他们心目中的女人。如今却遭到了这样的厄运，他们愤怒，他们要为微微报仇，而且。 唐兵这个样子，简直也太欺负人了。面对着这些人的愤怒，昊天点了点头，放心，等我妹妹的尸体回来后，我便带上你们，杀向唐军大营。我要让他们知道，得罪了我们狼族，就要付出代价，惨痛的代价。消息已经在整个狼族传开了，所有的壮丁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从自己的家里拿出了各自的兵器。他们的兵器说不上好，但杀起人来也绝对足够锋利。一众人很快在部落里集结着，而就在他们这样集结完毕后。 派去的人终于把微微给带了回来，她的尸体上盖着一块白布，但白布下面却是什么都没有的，而她的嘴角流着血，显然被杀之前受辱不轻。看到微微的尸体后，狼族的男儿越发愤怒起来，杀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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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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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敌，报仇。昊天只是看了自己妹妹一眼，整个人便已经痛心的不能自已，他狠狠地咬着自己的嘴唇，仿佛要将嘴唇上的血给咬出来。 随我杀敌，随我报仇！说罢，昊天拿起一柄大刀，就向唐军大营狂奔而去。在唐军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晴天的军营安扎在什么地方。现在他们只需要赶过去就行了。晴天在军营训练唐军将士，反正现在也走不掉，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再训练一些将士，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更好的。不过，就在他们这样训练着的时候，一名探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呀！” 探子有些急切，这是此前少有的情况。晴天看了他一眼，问道：“出了什么事情？”探子道：“这附近有一个部族，他们带着一千多人向我们这边杀了过来。他们，他们可真是杀气腾腾啊！”听到这话的时候，旁边一众人有点意外，他们也没有招惹这里的土著，这里的人干嘛要杀气腾腾的来找他们麻烦？不过紧接着，他们就又淡然一笑，跟他们这些将士说：“杀气腾腾是不是用错词了？”每个人心里想的不一样，晴天却是微微凝眉。 他来这里是为了对付屠龙会的，并不想招惹上其他事情。而且这个狼族还弄了一千多人，真打起来的话，恐怕是两败俱伤的局面。而他也相信，这个世上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就杀人的。他们这般来，怕是有什么误会。想着，晴天便带着胡十八等几个人走了出去。他们刚到军营这边，就看到前面果然杀气腾腾的冲来一群人。这些人的武器说不上好，但论彪悍程度，却是不亚于他们这些唐军将士了。不由得。 军营中的将士浑身一震，警惕了起来。秦天看了他们这些人一眼，道：“朝廷军营，尔等好大胆子，也敢乱闯！”这话说完，那昊天顿时喝了一声，道：“你们唐军做出了杀人的事情，难道还不准人来报仇了？这算哪门子的道理？难道只准你们放火，就不准我们点灯了？”这个昊天到底是族长，多少是有一点学问的。秦天听到他这话，多少印证了自己的猜测，他们之间肯定有误会。哦。 我唐军做出了杀人的事情，什么事情？今天你必须把话说清楚，不然你以为我们是好对付的？若是其他人面对这种情况，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只会让人觉得可笑。但晴天这样说，谁敢质疑？别以为狼族来的人多，他大唐就怕了，他晴天就怕了。而晴天的气势逼人，那昊天哪怕心中愤怒至极，可此时面对晴天的话，也是考虑了一下，然后才终于哼了一声。就是你不让我说，我也要说的。我的妹妹和妹夫进城买东西。 结果遇到了两个唐军将士，他们将我妹妹残忍杀害，更是把我妹夫给弄残废了。你们唐军是这样做事的吗？听完昊天的叙述之后，晴天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而明白后，晴天眼眸一凝：唐军将士欺辱女子，并且将她残忍杀害，这种事情在大唐开国这么多年以来都少有发生，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唐的军令是很严的，谁敢做出这等事情来？而且他们这几天一直都待在军营，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离开过军营啊！ 如此一来，又怎么可能会是唐军将士去做的这种事情？晴天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有人要陷害他们唐军，让他们和狼族的人互相伤害啊！而他们来这里是要对付屠龙会的，那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何人所为，也就一清二楚了吧？想到这里，晴天随即抬头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我想你可能误会了，我的唐军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来做出这事的，怕是另有其人。”听到这话，昊天就有点愤怒了。 他也没有想过跟唐军为敌，但只要晴天态度好点，肯把那两个凶手交出来，那他只杀那两个凶手也是可以的。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晴天竟然说出这话来。显然，晴天这是准备庇护那两个凶手啊！愤怒，愤怒！好你个晴天，你以为你在大唐名声显赫，我就怕你了？今天信不信我带着我整个狼族的男子跟你们拼了？昊天说完，他身后的一众人立马高声大喝。相比较下， 他们这些人可是悍不畏死的，哪怕唐军素来厉害又如何？难道他们就真的怕了吗？风呼呼地吹着，晴天却是越发平静，道：“我并无庇护什么人的意思，而是那两个凶手真的不在军营。如果你真的想要找到那两个凶手报仇的话，现在想办法还来得及。跟我这里耗着，等那两个凶手跑远了，可就一点机会没有了。”说到这里，晴天浅笑：“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的，不如这样吧，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我军中人数都有登记。” 你可以来一一核对，若是有出入了，你再来问罪，如何？作为一个国公，这般跟一个小小的部族说话，说真的有点丢人啊。只要晴天愿意，大唐的屠刀举起来后，能立马灭了他们这个小部落。别看这里的官府拿狼族一点办法没有，但手里有兵马的晴天还真就不怕他们。可晴天还是好言说着，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狼族的人死了，他们很悲痛，晴天理解他们，不与他们计较；再有就是，狼族一向不服管教。 若是可以，晴天还是希望他们对大唐归心的，所以也没有使用强硬的手段。而如果真的要说还有没有其他私心，没有的话，那还是有的。这里是李克的地盘，如果李克争夺皇储失败，肯定是要回到封地来的。而他又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回到封地后少不得招兵买马，用其他办法来夺取皇位。在蜀中有这么一支彪悍的人马暗中支持晴天，亦或者是太子李承前，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有帮助的事情。 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能派上用场。晴天这样说着，昊天犹豫了一下，但当他看了一眼晴天后，他便点了点头。因为从晴天的眼神里面，他感觉到了一种很不一样的东西。晴天的眼神里面没有紧张，没有害怕，这说明晴天并不担心与他们一战。而如果真的一战的话，唐军死就死了，他们可能整个部落都要随之而亡了、啊，这种事情他可不想看到。再有就是晴天真诚，他觉得晴天没有耍其他心机的意思。 可是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何只是跟晴天看了一眼，然后便这般的信任他。好，那我就在你的军营检查一下，若是有了出入，我必与你们拼命。来人，把阿力虎抬上来，让他认人。阿力虎的眼神里面带着仇恨。昊天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核对入册的名单，这样核对完后，唐军之中并没有少一个人。而阿力虎也是摇了摇头，没有。对他们动手的那两个人，并不在这些军营将士之中。很显然，他当时听到的那两个人说的话，是故意让他听到的。 为的就是要让他们跟唐军发生冲突，不然那两个人把微微都给杀了，为何没有一刀结果了他？这对那两个人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他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事情有古怪。昊天抬头看了一眼晴天，道：“刚才多有得罪，实在不好意思。”晴天摆摆手：“亲人遭遇到了这般不幸的事情，你这样做能够让人理解。你若是想要报仇的话，我可以帮你找出那两个人来。”听到晴天肯帮忙，昊天有点意外。 道怎么找？我们这个地方可复杂的很，随便一个小地方都能藏人。晴天笑了笑，道：“话是这样说的，不过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军中跟随有十几条警犬，本来是用来搜捕屠龙会所在的，现在帮你们找一下凶手也无不可。让人领着那些警犬去案发地方闻一下，他们就会顺着气味寻找敌人的。明天下午肯定会有结果，你们可以派人跟着。”晴天这样说，自然是为了避免被昊天疑心，毕竟有他们的人跟着。 那被抓住的凶手是不是真的唐军将士？他们自然也就清楚了。而唐军之所以要帮忙报仇，也是想要为太子李承前在蜀中留下一点可用的人。他这么说完，昊天并没有怎么思虑，立马就应了下来。好，秦大人若是能帮我妹妹报仇，你就是我昊天的恩人。以后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整个狼族为你马首是瞻。狼族的人的确不怎么服管教，但同时他们也重情重义。昊天说完这么一番话后，秦天浅笑道、啊：“这些都好说。” 我先帮你们找到凶手吧。说着，他把秦武叫了来，道：“你跟他们一起去抓凶手，抓到之后好好审讯。他们很有可能是屠龙会派来挑拨离间的，从他们那里，兴许能问出一些跟屠龙会有关的消息来。”之前秦武还纳闷晴天为何要帮这些人，现在顿时有点恍悟起来，于是连忙应下。秦武带着几个人和十几条警犬去了微微遇害的地方。昊天这边也派了几个人跟着。对于晴天，他到底还是有一点小纠结，所以派个人跟着。 他相对来说要更加的放心一些。一群人来到命案现场后，秦武便让那些警犬到处搜寻了一下。很快，这些警犬就找到了一些凶手留下来的东西——一件贴身小内裤。想来这个东西是凶手欺负微微之后留下的。发现这个东西后，秦武大喜，于是让那些警犬闻了一下小内裤上的味道。这样闻过之后，便让他们在前面寻找起来。因为时间过去的并不是很长，所以想要根据气味寻找到一些线索什么的，还是很容易的。 警犬在前面不停的寻找着，秦武等人在后面跟着寻找。昊天的人看到这个之后，都是一脸的疑惑。我说：“你们这几条狗能找到凶手吗？就是这地方可大的很，他们随便藏了起来就不好找。你们这几条狗能比人还厉害？我看你们家的大人根本就不想帮我们寻找凶手，不然就不只是派出几条狗了，而是让你们所有人都下手寻找啊！”昊天的人对那些警犬一点信心都没有。 秦武听到他们这些话后，却只是有些不屑的笑了笑，而后便命人继续寻找，根本就没有搭理他们的意思。而就在秦武他们这样寻找着的时候，天河县境内两名男子正在一处地方喝酒。这个地方的环境只能说是一般般，四周也没有什么人，不过却有一个小茅草屋，一个方桌，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吃肉。他奶奶的，这一场雨下的真是烦人，把我们的路给堵死了。现在我们也只能在这里耗着，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已经快赶回京城了。 一个人显然有点不耐烦，他们两个杀了人，心里倒没有什么不安，但一直在这里待着多少不妥，而且他们极其需要回去向他们的青衣使者报信啊！他们已经按照之前计划的去做了，想必现在狼族已经跟晴天的人打起来了吧？这个人喝了一口酒，另外一个人笑了笑：“赌就赌住了，有什么好着急的？我们就在这里等几天好了，等那路上的泥石流清理干净了，我们再回去也不迟嘛。”话是这么说，就怕出现意外啊！呸！就凭我们做事的手段。 能出现什么意外？狼族的人脾气火爆，肯定会跟晴天的人干起来的。希望如此吧。两个人说着，就又继续吃喝起来。吃喝完后，两个人就在那个茅草屋睡下了。两个人喝的都有点多，困乏的厉害。而就在两个人睡着觉的时候，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什么声响。两个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很快就坐了起来。什么声音？两个人异口同声的问了一句。而他们问了这一句话后，便立马警惕起来。两个人都听到了，那便肯定是真的了。 他们可能会有危险，但他们又很奇怪，他们的行踪十分的隐秘，在这样的地方不应该会被什么发现吧？就在两个人这样想着的时候，四周突然冲出十几条狗来，这些狗奔跑的速度很快，他们冲过来的那种既视感让人有些惊恐。这这是什么？两个人有点发愣，连这是什么都给忘了。不过两个人下意识的就抄起了兵器要动手，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两支利箭飞射而来，直接将他们的手臂给射伤了。两个人拿不住兵器，却是瞬间冷静了下来。 走，两个人同时向外狂奔，想要逃走。但这个时候，那些警犬已经扑了过来，直接将他们给扑倒在地。这个时候，秦武他们已经带着人赶了过来，将这两个人很快给控制了起来。昊天的人看到这些之后，都有点震惊。这一路上，他们就是跟着狗走的，他们根本就不指望这些狗能够找到人。可现在，这些狗竟然真的找到了两个人。不管这两个人是不是杀害微微的凶手，能找到人，真的让他们有点大开眼界。而 看刚才那两个人的反应，绝非普通人啊！说他们是杀人凶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控制住那两个人后，秦武就看了他们两个人一眼，紧接着也没有询问，对昊天的人说道：“直接让你们的那个阿力虎来认一下吧，看看是不是这两个畜生。”昊天的人点点头，然后他们便往回赶。这两个凶手听到这话都有点震惊：晴天的人怎么跟狼族的人厮混在了一起？而且晴天还帮他们抓捕自己。两个人察觉到情况有点不妙，放开我们，放开我们！ 我们可是唐军，是晴天的人，你们快点放开我们！没错，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晴天的人，让我们家大人知道你们这样对我，非得弄死你们不可！他们这些人嚷嚷个不停，昊天的那些人都有点疑惑，但此时却也压制住了好奇和冲动。秦武这边却是不管，他只需要把人抓到就行了，其他的自会有人处理。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唐军军营，昊天和他的人都还在等着。秦武把那两个人带过去后，直接先让昊天他们看。 昊天让阿力虎抬了过来，问道：“是他们两个人吗？”阿力虎看到这两个人后，双眼顿时通红起来，他整个人更是咬牙切齿，狠狠道：“就是他们两个畜生，就是他们害了微微，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阿力虎愤怒至极，若不是他已经被废了，现在的他肯定已经扑了过来。而在听到这话后，昊天的眼眸就凝了起来。晴天说：“帮他们抓住凶手，竟然真的就抓住了凶手，这个晴天好生厉害啊！”至少如果是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抓不住凶手。 而就在昊天他们这样想着的时候，这两个杀人凶手就又忍不住喊了起来：“你们好大胆子，好大胆子啊！快把我们给放了，我们可是晴天的人，晴天就在军营，很快他就会出来弄死你们的！快放了我们！”“你们好大胆子，好大胆子啊！快把我们给放了，我们可是晴天的人，晴天就在军营，很快他就会出来弄死你们的！快放了我们！”两个人不停的大喊大叫，他们现在就是要把局面给搅浑。反正他们说他们是晴天的人，只要昊天相信的，双方必定会闹腾起来的。 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喊了，晴天的人还敢杀他吗？杀了他，在昊天看来，可就是杀人灭口了吧？那个时候，他们也能达到目的。这样闹了之后，他们觉得他们至少现在能够保住性命。人都不想死，能多活一块，自然都是想要多活一会的。而他们这样喊过之后，昊天的脸色果然随之变了一下。如果这两个人真是唐军，那就算晴天把他们找了回来，事情也不能这般善了吧？而且。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会有一种被人欺骗了的感觉。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军营那边突然走出来一群人，领头的并不是晴天，而是罗皇。看到罗皇出来，秦武有点奇怪，正要开口，那罗皇却是用眼神制止了他，而后望向那两个凶手，冷冷道：“是你们两个说是我唐军的人？”那两个凶手那里见过晴天，此时见这个人俨然一副我就是晴天的模样，两个人相互望了一眼，直接就又嚷了起来：“秦大人救命！秦大人救命啊！” 我们不是凶手，真不是凶手。是啊，是他们狼族的人诬陷我们两个人。秦大人一定要帮我们做主啊！两个人都把罗皇当成了晴天。昊天看到这种情况之后，眼眸顿时又凝了一下。他记得很清楚，眼前的这个人只是晴天的一个属下，好像叫什么罗皇。可这两个人怎么都说他是晴天？如果他们两个人是晴天的人，他们不可能连晴天都不认识吧？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两个人并不是晴天的人。这个时候。 昊天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两个人就是杀人凶手，而且还假装成了晴天的人。如今晴天只是让罗皇这样出来走了一圈，一切便都真相大白了呀。而这个时候，罗皇已经向昊天望了过来，道：“昊天，现在你应该明白怎么回事了吧？”昊天点点头，道：“明白了，这两个人杀我妹妹，我要他们血债血偿。”罗皇颔首，道：“这个自然，不过这两个人很有可能是屠龙会的人，我家公子还要对他们审讯一番。等审讯结束后。” 可以交由你们处置。当然，若是他们不肯说的话，我们会让他们生不如死。屠龙会的事情，昊天多少也是听说过的，他也知道晴天是来灭掉屠龙会的。如今既然这两个杀人凶手对晴天还有用，他自然也就不会急着杀了这两个人。对他来说，只要最后杀了这两个人就行了。而且晴天帮他找到了凶手，他理应帮忙。好，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对了，公子，请你去大帐一叙，有事情要交代一下。听到这个，昊天有点意外。 凶手都已经被抓住了，还有什么好交代的？不过晴天要求他，也就点头应了下去，然后向大帐走去。这边罗皇又吩咐道：“将这两个人带走。”那两个凶手这个时候有点懵逼，他们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是晴天的人，秦大人，救命啊！我们是冤枉的，冤枉的！两个人仍旧不停的嚷嚷，但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因为他们的话而有丝毫的疑惑了。军中大帐，昊天进来的时候，晴天已经在等着他了。 秦大人有什么事需要吩咐？秦天道：“吩咐倒是说不上，就是有些事情想跟你说一下。你知道的，我们正在剿灭屠龙会。若是我们就这样和好了，只怕屠龙会的人会多疑，进而又生出一些计谋来。我是意思，我们不妨演一出戏，让他们以为我们还在为敌。只是你们忌惮朝廷的势力，没有跟我们动手，这样我们也都能够相安无事，如何？”秦天真正担心的当然不是屠龙会多疑，他担心的是以后蜀王李克回到了自己的封地，然后知晓了此事，以李克的性子。 自然不会让昊天他们这样跟他晴天亲近的部落存在，那个时候恐怕就是他们狼族部落的末日了。如此，为了保住他们整个狼族，晴天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让其他人觉得昊天对他晴天恨之入骨。这样的话，他们在这蜀中之地才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晴天这样说完，昊天也没有多想，以为事情果真就是如此，于是连忙点点头应了下来，道：“这个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待会我们就会以那两个凶手的名义再跟你们闹一场。” 如何？这个昊天还是有些聪明的，知道如何找借口。晴天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所以在昊天说完之后，他便点了点头。好，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两个人这样说好后，昊天便假装气冲冲的走了出来。他这么从唐军大营里走出来后，整个狼族的那些男儿立马警惕起来。族长，怎么回事？是不是晴天欺负你了？众人询问。昊天哼了一声，这个晴天简直是欺人太甚，实在可恶，实在可恶。 我狼族与他不共戴天，不共戴天啊！昊天站在唐军大营外面一阵痛骂，他的那些族人听到这个时候，立马把兵器又给抽了出来。族长，我们跟秦天拼了吧，就是跟他压拼了！他以为自己是谁？族长，我们冲进去吧，与他们决一死战！一群人愤怒的吼叫着，不过昊天却是在痛骂之后摇了摇头。秦天现如今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我们与他们为敌可不是对手，先行回去。 以后再找机会对晴天动手，走吧。听到这话，众人愣了一下。他们的族长可不是这种脾气的人啊，被人欺负了不去找回来吗？还愣着做什么？走人！昊天带着自己的族人离开了。狼族的那些人虽然很奇怪，他们的族长为何被晴天欺负了却还不报仇，但他们虽然奇怪，却也并没有多问，跟着昊天他们便回到了自己的部落里去。他们在回去的时候，忍不住觉得晴天是好生厉害的，能够让他们族长这样的。 晴天恐怕是第一人吧。而就在昊天他们离开之后，晴天这边已经开始对那两个人进行审讯了，而且是晴天亲自审讯。两个凶手被带到了大帐，而他们两个人直到这个时候才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感情他们上当了。之前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晴天，而他们露出了马脚，想要挑拨狼族和晴天的关系，恐怕不太可能了吧。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露出了一丝苦笑。晴天看到他们这个样子，随即说道：“我知道。” 你们是屠龙会的人，所以我也没有打算从你们的嘴里问出什么来，将你们抓来审讯。不过是最近想要找人发泄一下，你们既然撞了上来，那最好不过了。说着，晴天挥了挥手，很快有人把一些刑具给拿了过来。这些刑具有很多，而每一样都能让人感受到蚀骨之痛。那两个杀人凶手看到这些刑具之后，神色顿时就变得凝重起来。他们觉得晴天有点不讲究，你问都不问一下，怎么就知道我们不肯招供了、啊？不过。 就算晴天真的问了，他们也是不会说的。在他们加入屠龙会的时候，他们就注定成为一个死人了。他们就只是气晴天的话，什么叫只是找他们发现？两个人脸色难看，晴天却是没有再说什么，直接就命人用刑了。两个人被轮番着用刑，一个比一个惨叫的离开。但是他们两个人被用刑，却没有一个人肯招供出什么来。看到这种情况，晴天的眼眸微凝。他本以为直接用刑，这两个人扛不住，多少会求饶一下的吧。可是。 这两个人分明都已经快要疼死了，可却仍旧闭着嘴不肯说话。如此的人还真是少见，啊，而这也让晴天越发的生气。给我狠狠的打，狠狠的用刑！声音落下，用刑的人不由得就加重了力气，啪啪之声不绝。但这些声音很快就又被他们的惨叫声给掩盖了过去。刑具一个接着一个的用着，等这些刑具用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两个人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了。不过就算如此，他们仍旧是什么都没有说。 晴天本来就没有指望从他们嘴里问出什么来，现在见此就更没有什么念头了。于是，一挥手道：“再折磨一下吧，最好是折磨死。”两个杀人凶手虽然已经不成人形了，但还算清醒。听到晴天这话的时候，两个人顿时就有点悲愤。他们觉得晴天简直就不是人啊！想杀人就杀了他们好了，何必这般的折磨他？他们现在只想死，越快的去死越好。可晴天偏偏不让他们如意。两个人突然想到了对微微做那是时候的情况。 他们也是狠狠地折磨了那个女孩一下的，现在报应来了。晴天没有再继续等下去，这两个人早晚都是死，他继续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线索了。他们只等道路开通之后，直奔锦城就行了。天河县某一处，青衣使者坐在一个装修十分雅致的房间里品茶，这是他们屠龙会在这个地方的一处房产，可以说是十分隐蔽的。如今有关他们挑拨狼族和晴天的消息已经传了过来，狼族和晴天的确产生了矛盾。 狼族也跟晴天他们闹了起来，不过也只是闹了起来，并没有打起来，没有打起来，这让青衣使者觉得很奇怪。按理说，以狼族族长昊天的脾气，知道自己妹妹被唐军所祸害后，肯定是要跟唐军拼命的吧？就算他知道自己的人不是唐军的对手，可他并不觉得昊天会选择不动手。没错，他们没有打起来，而且我们派去的那两个人被晴天给抓住了。听到这话，青衣使者的眼眸顿时就凝了起来，他们的人被抓住了。 可狼族和晴天却还是发生了矛盾，这实在是有点让人不能理解的。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的踱步。他实在是有点想不明白，他们的人被抓了，那他们的计划就算是失败了。以晴天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他们在挑拨离间。可既然知道了，他们怎么还跟狼族的人起了冲突？可起了冲突之后，他们又怎么没有打起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狼族的人并不相信那两个人不是唐军将士，所以双方仍旧不肯罢休。只是凶手抓到了。 那昊天的仇恨淡去了一些，所以也就恢复了一些理智，没敢跟唐军硬碰。自言自语的说了一番后，青衣使者觉得只能这样解释了。不过就算是这个样子，他们的目的仍旧是没有达到他们要的不是狼族跟晴天产生矛盾，而是要狼族跟晴天他们死斗一场。若是能够杀了晴天，那自然是最好的。可现在却是这般一个结果。青衣使者停了下来，思虑许久之后，也只能一声轻叹道：“看来晴天这是命不该绝啊！” 既然如此，我们也找个时间回去吧。接下来的事情就看红衣使者的手段了。有他在，要刺杀晴天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他们屠龙会，绿衣使者最是精通刺杀，武艺也最为高强。不过面对晴天这样的人，青衣使者却觉得红衣使者最是容易成功，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点本事，可是却十分狠毒的女人。这样的女人要刺杀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能够成功的。青衣使者对红衣使者是很了解的。 对于红衣使者的手段也最清楚。要说他们屠龙会这么多人里面，最是让他不敢招惹的，也就只有这么一个红衣使者了。想到这里，青衣使者顿时放松了许多。这事啊，我看能成。红衣使者，我看好你哦。十来天左右，道路上的泥石流终于被清除干净了。而这个时候，已经入了腊月，离新年是越来越近了。不过，晴天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而有所停留，仍旧继续向锦城赶去。他们越是靠近锦城，天气就越发的暖和。 让人觉得仿佛春天都快要到了，而且这一路上他们也没有看到多少树木落叶，这里的树木似乎是四季常青的。罗黄他们可以说是第一次来蜀中这个地方了，所以对于这些事情都十分的好奇。这一路上多有停下游玩，再加上这里的道路本来就不怎么好走，所以他们行走的速度反而更慢了一些。按照他们这样的速度，只怕年底的时候是走不到锦城了。可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天他们在路上走着的时候。 罗黄的兴致很高，公子，眼看天色将晚，我们今天怕是赶不到前面的城镇了。不过这个地方倒也不是很冷，就是在外面休息也没什么。而且这里好多的野物，今天晚上我们吃野味怎么样？吃野味并没有什么问题。而罗黄这样说，多半的目的是想让晴天给露一手。野味这种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好吃的，他们这些人都没有这个本事。如果晴天能露一手，让他们尝到好吃的野味的话，那他们会觉得今天晚上十分的幸福。 当然不是让晴天把所有人都给做了，只做他们这些人的就行了。这样的要求，其他人可不敢提。也是罗皇知道晴天的脾气，不会跟他们计较，所以才试着说了一下。而他这么说完之后，胡十八等人也都连忙跟着附和起来。冬天吃野味，我觉得这个很不错。没错，没错，撒上胡椒粉，那味道吃起来真是一绝是辣辣的，爽翻人啊！公子，今天晚上要不你就露一手？众人询问。 晴天见他们这些人一脸的吃货样子，很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你们要吃野味，准许了。”听到这话，众人顿时就兴奋起来。他们这样又走了一段路后，就找了一个地方安营扎寨。紧接着，他们一群人便开始去寻找野味和柴火去了。一千来人吃饭呢，这野味少了可不行。胡十八的胃口更是大的出奇，更不能少了。而一部分人去寻找野味和柴火的时候，另外一部分在这里已经做好了烧火的准备了。 罗皇虽是一个书生模样的男子，但到底是作为山大王的，所以性子也比较野，有点坐不住。营帐扎好之后，他便也带着几个人去抓野味去了。这个地方树木很多，野味也比较多，像什么野鸡呀、啊、野兔、山羊什么的都是有的，而且很容易就能够找到。罗皇带着人在树林里穿梭，利箭飞射过去后，一只野兔嗖的一下向前冲了几步，但紧接着就突然抽搐起来，然后便停止了挣扎。一名将士上前查看。 见那只利箭刚好射中兔子的脑袋，不偏不倚。罗大人好剑法呀，厉害厉害！很多人都以为罗皇只是晴天的军师，算是个书生，这骑射什么的应该一般。可今天看来，他们都嘀咕了罗：罗皇，罗皇在骑射方面显然也有一些本事啊。而被众人这般称赞，罗皇也只是浅浅一笑。射箭什么的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想当年他当山贼那会，没有武艺傍身怎么能行？只不过跟着晴天之后，少有表露罢了。 把那只野兔带上，我们继续狩猎，不然今天晚上我们可就要吃好久了。这些野味打到之后还要剥皮，还要进行烤制，这些都比较费时间，所以早些把猎物打够，他们才能够早一点吃到美食。众人兴奋地跟着罗皇在树林里狩猎，他们的收获还是很不错的。而就在他们这样狩猎着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来。罗皇挥手，众人立马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四周安静了一些。罗皇伸出耳朵去听，才听到是有人在喊救命。在这样的地方。 有人遇险也是正常吧，毕竟四周实在是太荒凉了，有歹人藏匿很说得过去。听到这个声音后，罗皇连忙顺着那个声音传出的方向狂奔去。一众人见此也都不再狩猎，连忙跟了上去。他们飞奔着，很快他们就看到了声音的来源。只见不远处一名女子仓皇的跑着，而在那女子的后面有两个男子紧追不舍。那两个男子不仅追着，嘴里也说着很是下作的话。哈哈，小娘子好生漂亮。 不如就在这里从了我们兄弟两人吧，就是就是放心，我们兄弟两人都是怜香惜玉的人，定不会让你受苦。快快从了我们，不然我们可是会要你好看的。两个人这样说着眼看就要追到那名女子，这个时候，两支利剑一前一后飞射而来，其中的时间差短之又短。就在那两个男人快要追上的时候，利剑一前一后穿喉而过，两个男人都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便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一命呜呼。 那前面跑着的女孩子被眼前的情况给吓到了，扑通一下就倒在了地上。她整个也都紧张和害怕的不行。这个时候，罗皇带着人漫步走了过来。眼前的女子算不上多么的好快，但她的五官很精致，这样搭配起来之后，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如果给每人打分，一共有十分的话，这个女人至少是有七分的。想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被两个大男人追着跑，罗皇心里就有点生气，同时对这个女人也多了一份怜爱。姑娘放心，那两个坏人。 已经被我给杀死了。听到这话，那女子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安全了，而她意识到这个之后，慢慢的也就恢复了过来。他们真的是被你给杀死的，你好厉害啊！女子站了起来，顺手拍掉了自己身上的土，然后说道：“你救了我，等回到锦城之后，我会让我爹好好奖赏你的。不过，你得保护我安全到达锦城，因为路上可能还会有人杀我。你救了我，等回到锦城之后，我会让我爹好好奖赏你的。不过，你得保护我。” 安全到达锦城，因为路上可能还会有人杀我。这个女孩说的理所当然，好像罗皇就应该救她，因为她会给罗皇一些好处。罗皇听完之后，觉得这个女孩有点意思。他罗皇是在乎那一点赏赐的人吗？不过他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问道：“还会有人杀你？这两个人不过就是登徒子罢了吧？”那女孩撇了撇嘴，哼了一声，道：“他们若真是登徒子就好了。我的一个丫鬟都已经被他们给杀了。他们只不过是想在杀我之前再做点什么罢了。” 听到这话，罗皇突然想到了那个微微，他在被杀之前也遭遇到了非人的待遇，那这两个人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时候，那个女孩又说道：“不怕告诉你，我爹可是锦城刺史张台，他的那个毒妇肯定不会让我活着回去的。”女孩说的话有些不怎么清晰，不过罗皇是个聪明人，很快就听懂了一些意思。这个女孩是刺史大人的女儿，但是可能并不被张台的夫人喜欢，所以她肯定是妾室所生了。不过他又有一点不明白。 原来你是章台大人的千金小姐啊？不过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这个时候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哪怕很多人的身份不一般，可能都不曾离开过自己所在的那个城池。而眼前这么一个小姑娘，竟然出现在离锦城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地方，那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就是一个男人，大男人都不一定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小姑娘撇了撇嘴，道：“我是我爹的私生女，他没有儿子，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对我可宝贝了。” 那毒妇怕我回去争夺她的财产，所以才不肯让我回去。这一路上，我都遇上好多次麻烦了，每一次都差点死去。女子这样说完，罗黄才算是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如此，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跟着我们走吧，我们肯定能够将你安全的送到锦城，送到你爹的手里。他们本来就是要去锦城的，而且去了之后也肯定要去拜访张台的，所以他们也算是顺路。听到这话，女孩也立马兴奋起来，跟着罗黄他们就去了。一路上。 女孩有点话多，我叫张圆圆，你叫什么名字？张圆圆的话多的有点可以，罗黄倒是没有觉得有什么，跟他聊得很是开心，因为他很快发现这个女孩是那种十分乐观的人，而且有点自来熟，这样的女孩不管是谁遇到了都会喜欢的不行吧。一行人沿途又打了几只野味，张圆圆看到之后震惊不已，罗哥哥好厉害啊，好厉害啊！被人这般称赞，罗黄觉得比那些将士称赞还要让人觉得舒服，他觉得整个人都快要飘飘欲仙了。 野味打得差不多后，他们便直接向军营赶去。而张媛媛看到这个之后，顿时愣了一下，可紧接着就又连忙问道：“你们原来也是朝廷的人啊？罗大哥，你这么厉害，你是不是大将军？”“我不算是大将军，不过你想要见大将军，我们这里倒是有一个，你肯定听说过他。”张媛媛撇了撇嘴道：“那可不一定，说的跟你们大将军多有名似的。”见张媛媛这个样子，罗黄哈哈大笑。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是谁说我不出名的、啊？” 话音落下，晴天就走了过来。他早已经注意到罗黄带了一个女孩过来，而且还看到他们两个人相谈甚欢。公子，这位是张圆圆姑娘，她爹是锦城刺史张台，她被人追杀，我把她给救了，正好她也顺路去锦城，然后我就领他来了。罗黄把张圆圆的情况给晴天说了一下，晴天听完之后笑道：“这还真是巧了，我们也去锦城。既然如此，那你就跟着吧。”罗黄和晴天这样说着，张圆圆却是看着晴天道：“你真的很有名。” 可我怎么不知道你？晴天的脸色有点难看，他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真是好没有城府啊！就算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你也不用说出来吧？不然这让人弄得多尴尬啊！晴天苦笑了一下，道：“不怎么出名，你没有听说过也是正常。”张媛媛笑了笑，望向罗黄，道：“我就说嘛，肯定不出名，不然我肯定知道。”晴天气得差点吐血，就没有见过这么大陆的女孩子啊，很是无奈。 他只能把这个女孩交给罗黄去调教了，而他则开始烤那些野味。很快，整个军营就有一股香味扑鼻而来了。晴天这边烤着野味的时候，不时有探子过来，把四周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大人，四周有几个可疑的人，想必是追着张姑娘来的。不敢看到我们这里是个军营后，他们没敢轻举妄动。听到这个后，晴天点了点头，不用管他们，该做什么做什么去。是。探子退去之后，军营依旧的热闹。 而那些野味的香味也越发的扑鼻起来。张圆圆被人追杀，早已经饿得不行了。闻到这个香味后，更是感觉饥肠辘辘。罗大哥，这些野味什么时候好啊？我都快饿死了，赶紧弄一些来让我尝尝嘛！张圆圆晃着罗黄的手臂撒娇，这让罗黄心里犹如一万只蚂蚁爬过一样的痒，那种感觉他此前可从来没有过。难道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罗黄笑了笑，应该快好了。我去把我们家公子做的给你拿过来一些，我家公子烤的东西啊，保管你吃了之后。 还想继续吃，张媛媛似乎很喜欢贬低晴天。听到这话之后，撇了撇嘴，道：“我要能这样的话，我跟你信。”张媛媛把事情说得很绝。可等罗皇真的把晴天烤的野味拿来之后，他便早把自己刚才说的话给忘了。那吃野味的情况，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好吃，实在是太好吃了，我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夜无话，次日一早，晴天他们也没有怎么停留，继续向锦城赶去。不过这个时候，张媛媛对晴天已经有所改观了。 可能是觉得昨天吃了人家烤的那么多肉，再看不起人家就有点不好意站。里面买的东西很好吃的，罗大哥，我们去吃怎么样？说着，他又指了指方向，那里没错，就是那里，往前走就行了。来到这里后，晴天本来是准备先去见德阳城的刺史陈德的，不过听了张媛媛的话后，晴天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我们也正好要吃午饭了，既然那里有好吃的，那我们就去吧。吃了饭再去见那个陈德。有晴天发话，其他人自然也都没有什么意见。 很快，他们便赶去了德全楼。德全楼是这里最大的一家客栈，而这家客栈里面还卖一些比较独特的美食，都是这个地方所特有的。晴天等人坐下之后，便让小二给他们推荐了几样美食。当然，张媛媛之前说好吃的那些东西也都是要了的。几个人坐下之后，饭菜便陆陆续续的上了起来。张媛媛这一次倒是有点像个主人了，跟晴天他们介绍着一些美食。不得不说，这里的美食还是很不错的，并不比长安城的一些美食差。 几个人这样吃着的时候，旁边的两桌客人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起来。他奶奶的，你以为自己是谁啊？竟然敢跟我哼！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十分的气愤，被他骂的人是一个身子骨有点弱的人。那身子骨有点弱的人此时竟然也无任何惧怕神色，道：“哼，你好不讲理！明明是你碰到了我，害饭菜弄脏了我的衣服，我不过要你赔钱而已，你就这般对我吗？这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呸！王法的头在这里。 你爷爷我就是王法，还想让我赔钱？我赔你个大头鬼啊！魁梧男子说着，就向那个身体瘦弱的男子走了过去，作势要打人。那瘦弱男子看到这种情况，立马就躲闪而来，而且不偏不倚向晴天这边闪了过来。他闪过来的时候，那彪形大汉的拳头也随之而来。拳头看着是打向那个瘦弱男子的，但是也极其有可能打向晴天。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吃饭的胡十八突然喝了一声：“滚一边打去！”话音落下。 那个彪形大汉连带着那个瘦弱男子，直接被胡十八抡起的板凳给横扫了出去。这两个人碰到板凳之后，直接就被击飞，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那个彪形大汉可能伤得更重一点，噗的吐了一口鲜血出来。滚蛋！别影响我们吃饭！胡十八这么喝了一声。那两个人相互望了一眼，眼神里面有一些忌惮。他们甚至连骂都忘记骂了，直接就退了出去。一场闹被胡十八就这么给弄得平息了。客栈老板投来感激的一瞥，不然任由那两个人打起来。 他这客栈的桌椅不知道要被毁掉多少呢。晴天这边神色平静，仍旧继续吃饭。张媛媛看着胡十八，震惊不已：“好厉害，好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一下子就把那个人给击打了出去？”胡十八呵呵一笑：“那两个算什么玩意？这也是我流利了，不然直接弄死他们。”听到这话，张媛媛却是撇了撇嘴，显然觉得胡十八吹牛。胡十八这里可不像罗黄，跟那张媛媛有说不完的话。这样说了一句话后，他便又继续吃了起来。 这一顿饭虽然有一点小插曲，但并没有影响他们这些人的心情。德阳城某一处地方，刚刚在客栈里面打架的两个人，在离开客栈之后，却是去了同一个地方。如果是客栈的人看到之后，以为他们要到外面继续闹。不过两个人并没有闹。你没事吧？瘦弱男子询问那个魁梧汉子。他毕竟吐血了。魁梧汉子摇摇头，没事。不过那个叫胡十八的也忒强悍了一点。他要是再下手重一点，我们就算不死也得残废啊。 红衣使者交给我们的事情，看来是难以完成了。晴天身边高手如云，那晴天更是一等一的高手。我们本来就只是心存侥幸罢了，没有杀人也无妨。想来红衣使者也不会对我们有所惩罚。走吧，向红衣使者通禀，以后再寻找机会。两个人这样说完之后，便直接回去把情况跟红衣使者说了一下。红衣使者身材肥胖，样貌一般，不过他身边却跟着两个十分英俊的男子。作为屠龙会的人，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红衣使者的面首。 红衣使者在屠龙会地位超然，而他偏偏又是那种很喜欢男人的女人，如此便也找了一个男人对她服侍，当然是那种情况的服侍。而对于这个，那两个英俊男子也十分的喜欢，觉得只要能够被红衣使者看上，绝对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听完那两个人的叙述后，红衣使者脸色微凝，道：“一群废物，连一个晴天都杀不掉，要你们何用？”听到这话，那两个人立马跪拜道：“请使者饶命。” 我们下一次一定再寻找机会对晴天动手，下一次我们一定杀了他。红衣使者摇了摇头，道：“好了，就凭你们的本事，要杀晴天难如登天。你们下去吧，本使者自有安排。那晴天既然进入到了蜀中，就别想活着离开。”那两个人并不知道红衣使者的安排，不过红衣使者做事却少有失败，甚至都没有怎么失败过。如此的话，他们对于红衣使者的话也是深信不疑的。点点头后，两个人便连忙退了去。 一顿饭吃的还是挺愉快的。晴天他们这样吃完之后，便直接去了德阳城刺史府。他们来到刺史府门前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人来迎接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后，张媛媛撇了撇嘴，果然真的很有名啊。这话多少可有点讽刺的意思了。你不是说自己很有名吗？怎么来到这里之后，人家连派出个人来迎接都没有？他甚至觉得晴天可能只是一个杂牌将军，而晴天对于这个却只是淡然一笑。 德阳城的刺史陈德，他多少还是了解的，知道他是蜀王李克的亲信。如果其他依附李克的人可以选择避让的话，那他作为李克的亲信，却是绝对不能够避让的。而他不避让，就得表现出不甩他晴天的姿态来。晴天对于此并不介意，直接就走了进去。早已经得到命令的门族本来是想拦一下的，哪怕做做样子也行。可是看到晴天他们这些人后，那几个门族顿时吓得浑身哆嗦了一下，那步子到底是没有迈出去。 而这个时候，晴天突然开口道：“陈德在什么地方？”门族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道：“在大厅。”晴天点点头，直接向大厅走去。刺史府的衙役很多，他们看到晴天后也不敢上前拦截，很快就被逼到了大厅这里。陈德待在大厅，看到这种情况后，脸色有点难看，暗骂了一声：“一群废物！”然后便带着自己的亲信走了出去。秦大人真是好大架子啊，就这样闯进了刺史府。你可知道，不管是谁，这般乱闯。 我都是有权惩罚的。晴天看了一眼陈德，冷冷道：“是吗？”“当当然是。”晴天耸耸肩，“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惩罚。”陈德被晴天的话吓得够呛，犹豫了一番后，一咬牙，喝道：“来人，将他们给我抓起来，押入大牢！”声音落下，他身后的那些亲信就扑了过来。不过他们刚扑过来，就被胡十八给一拳一个打倒在地，而且一个个吐血的厉害，仿佛随时都能够死去。敢对钦差动手！ 你陈德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啊！说着，胡十八伸手就将陈德给拎了起来。那陈德也算是身材魁梧的人的，可是，在胡十八这里，他屁都不算。如何还要动手吗？陈德的脸色憋得铁青，整个人都有一种受到了屈辱的感觉。他可是刺史啊，竟然有人敢这样对他，真是岂有此理了。只是面对这种情况，他能怎么办？作为李克的亲信，他的确是想为李克做点事情的，只是论实力的话， 他跟晴天比起来，又实在是差得太远了。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晴天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道：“本想杀了你，不过就因为你对本钦差不敬就杀人，多少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就饶你一命吧。不过我要你记住，本官在这里做事的时候，需要你帮忙你就帮忙，敢跟我耍滑头，下一次你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十八，放了他吧。晴天倒是真的想杀了陈德，毕竟他这样的人若是死了，李克在蜀中的势力可以说是大伤元气的。不过，哪怕是作为钦差。 这随便杀人的罪名也不是好撑过去的，所以若是可以能不杀人的话，晴天都不怎么想杀人。今天之所以来这里，只是想要让这里的官员知道，他晴天在这里剿灭屠龙会，需要谁出手帮忙，谁就得出手帮忙。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带走陈德的五百兵马。屠龙会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线索，到了景城之后，少不得展开人海战术。如此的话，没有人是不行的。他要陈海的人后去了景城，很多事情相对就要好办一些。 胡十八将陈德松了下来，晴天看了他一眼，道：“听说你手里有五百兵马，给本钦差拿出来吧，本钦差要用。那五百兵马是陈德用来负责自己管辖地方安危的。这些个地方穷山恶水出刁民，时常有一些百姓聚众闹事，所以他需要一些兵马来镇压他们。这些兵马可以说是他手里的王牌了，这也是他晴天敢跟晴天硬碰一下的实力。只是现如今晴天却要把他的兵马给要走，他有点纠结。圣上派我来。” 这里的兵马本钦差都是可以调动的，谁若是不给，那本官少不得给他定一个与屠龙会勾结的罪名。陈大人，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耐心有限，三个数后，你若没有决定，我不介意杀了你。之前杀他不合情理，但现在可就好多了。而刚才不合情理的情况下，晴天就狠狠的教训他了一下。那现在合情理了，可以杀人了，那晴天还不得杀人啊？他觉得这简直就是晴天的阴谋，他就是要这样做，然后找个由头杀了自己。可是经过了刚才的恐怖之后。 他突然很不想死，秦大人想要我那五百兵马，我给你就是了。秦天点点头，果然是个识时务的人，不错不错。这话听起来是夸人的，可陈德听来却是脸颊生疼的厉害，好像被人给抽了一般。很快，秦天就拿到了陈德的五百兵马。张媛媛看到这一幕幕后，脸色就有点震惊了。看来还真的很有名啊，能够这般不给一个刺史面子，三言两语就把一个刺史给吓成这个样子。如果这个人不是很有名的话，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些来？而听到张媛媛这话后，晴天却只是浅浅一笑，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想到了张媛媛的父亲张台。要说起来，这个张台能够成为锦城刺史，那可是李克的铁杆亲信啊。这个陈德还能识时务一点，不过那个张台，怕就不好说了。他们救了张台的女儿，这事还真是有意思极了。不过这些都要等到了锦城之后再做其他打算了。虽说这一路走来，张媛媛给他们带来了不少欢乐，但到时候真的决裂了，晴天也不介意下死手。 那当然是很有名的。我家公子之前只是谦虚一下。晴天等人继续向锦城进发。等他们来到锦城境内的时候，已经是大年三十了。在这样的晚上，很多百姓都与家人团圆，都坐在一起吃点心、守岁。但晴天他们这些人却是只能就地扎营，等着明天新年到来之后继续赶路。相比较下，那些之前就跟着来的将士，心里面的怨言倒不是很多。不过陈德的那五百兵马却是颇有点不喜。若非晴天的话。 他们今天晚上肯定是能够跟家人团聚一下的，可就因为晴天要剿灭什么屠龙会，把他们也给牵扯了上，他们心里很不舒服。将士们有怨言，这是晴天也是知道的，所以营帐扎好之后，晴天便把负责那五百兵马的一名将领叫了来。这个将领叫王栋，是个三十几岁的汉子，长得孔武有力，不过就是略显得冰冷了一些。看到晴天之后，他也只是微微行礼。钦差大人叫末将前来，不知所为何事？ 对于晴天，他显然也是有怨言的。就算他没有，他的那些手下有，他心里肯定也要怪罪一下晴天吧。而且他多少也算是承德的人，少不得要更为偏向承德一些。晴天看了他一眼，道：“今天大年三十，让你们这些人跟着我去锦城，说实话是有点过分了一点。不过屠龙会在这边十分猖狂，不解决了他们，朝廷那边不安心。我晴天也是希望在家里陪家人的，可我有什么办法？作为军人，服从朝廷的命令是我们的天职。” 晴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一番话。那王栋听完，神色微微一动。他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军人的，为朝廷做事、保家卫国，一直都是他的理想。如今灭掉屠龙会是他们朝廷的重任，他对晴天的怨恨也就随之少了许多。这边晴天又继续说道：“剿灭屠龙会虽然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在大年三十还要跑出来，没有一些福利是不行的。你回去告诉将士们，今天晚上每人都有赏银五贯钱。等灭了屠龙会，每个人除去立功的赏赐外，” 再给五贯钱，五贯钱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于这里的将士来说更加不是。这么一笔钱能够让他们很滋润的生活一段时间了。听到这话后，王栋眼眸顿时闪烁了一下，随即便抱拳应道：“末将带那些弟兄，谢过秦大人。”秦天点点头，道：“好了，你现在直接去发钱吧，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赶路。”王栋领命退去，把自己的五百弟兄召集在一起后，把秦天的话给说了一下。听闻今天晚上。 他们都能分到五贯钱，一众人都忍不住的兴奋起来。秦大人不错，真的不错呀、啊！谁说不是？就因为今天是大年三十的，就给我们发银子，这样的好事那里去找啊？没错，没错！而且等灭了屠龙会，除去立下的功劳奖赏外，我们还能再得五贯钱，真是好啊！秦大人要灭屠龙会，我们肯定是要竭尽全力为秦大人卖命的。就是，就是，众人兴奋的议论纷纷。另外一边，其他一千将士也都得到了五贯钱的奖赏。 像晴天这样的人，自然是不会做厚此薄彼的事情的。次日一早，大年三十，晴天等人也没有怎么停留，继续向锦城进发。这个时候，那些将士的积极性已经很高了，一路上那里还有什么人抱怨？而按照他们这样的速度，两三天差不多就能够赶到锦城去了。只不过，就在他们向锦城赶去的时候，锦城那边却是有一个消息传了过来：秦大人，锦城刺史张台昨天晚上被人给杀死了，被杀的还有他的家眷。 此事可能就是屠龙会所为。听到这个，晴天神色微微一动。屠龙会的确在蜀中杀死过不少官员和富商，不过敢把锦城刺史都给杀了，他们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一些吧？当然，晴天只是觉得他们的胆子大了一些，至于其他的，他并没有什么感想。那张台本来就是李克的人，死了就死了，他也不心疼。而且张台被杀，就算朝廷那边有人牵扯到他的身上，也绝对奈何不了他。唯一可能让晴天有点触动的，就是张媛媛了吧？ 这个话很多的姑娘本来是准备回去认亲的，可这亲还没有认，家人就死了，她该是何等的伤心！想到这个，晴天便派人把张媛媛给叫了过来。张媛媛过来的时候，罗皇也是跟着的。现在他们两个人颇有点形影不离，给人的感觉两个人好像有事情。不过就算如此，晴天他们也都不会去干涉。罗皇年纪也不小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也的确应该解决一下。虽说罗皇只是晴天的一个手下，但只要不是公主什么的，天下那个女子。 他配不上，秦大人，你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还不知道家中变故的张媛媛仍然是那样的天真浪漫。晴天看着她这个样子，突然有点不忍，把这么残忍的一个消息告诉她，是不是不妥？只是这事好像也隐瞒不住吧。想了想后，晴天还是决定说出来。是这样的，刚刚我们得到消息，锦城刺史，也就是你爹张台以及他的家眷被人给杀了。晴天这话刚说完，张媛媛整个人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地上。 紧接着，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没有声嘶力竭的痛哭，他只是不停的流泪。他整个人都一下子有点喘不过气来。他在哽咽，在抽泣。罗黄看到他这个样子，忍不住将他搂进了自己的怀里。一个女孩子突然遭到这样的变故，她一定快要崩溃了吧？哪怕她只是一个私生女，可她到底快要看到了希望啊！晴天看着地上的张媛媛，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这样的伤痛，别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所以你说再多的话，都显得是那般的苍白。这种事情只能交给时间了。几天之后，晴天他们终于来到了锦城。他们来到锦城之后，直接便去了刺史府。而此时的刺史府一片缟素，不过也只是一片缟素而已。张台的家眷都已经被杀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亲人为他守灵堂了。不过，他们进到刺史府后，张媛媛就直接哭了起来，而且哭得梨花带雨。张台是有一个管家的。 看到张媛媛后，他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就明白过来，于是连忙上前问道：“可是大小姐？”张媛媛哭得声嘶力竭：“爹，我爹呢？我刚要与你相认，你怎么就这样走了？”那管家一声轻叹：“前段时间，他们家老爷深感身体之无力，此生怕是难有子嗣，于是便派人去请他的私生女回来团聚。派去的人去了许久都不曾回来，他以为自家小姐也遭遇了不测。不过如今看到张媛媛出现，他才算是放了心。” 他对张台是很忠心的。如今张家有后，他总算又有了主心骨。管家领着张媛媛去了灵堂。晴天这边神色微微动了一下，但并未怎么表露出来。片刻之后，他便去找锦城别驾。刺史既然已经死了，那这里的事情自然就交给了别驾。这里的别驾叫百里枯，是个身材修长的男子，大概四十来岁左右，给人一种很值得信赖的感觉。而据晴天所知，这个百里枯并不是李克的人，而是李世民的人。各地都是有藩王的。 为了防止这些藩王作乱，各藩王的领地上其实都有天子的人任职。他们一方面管理这些地方，另外一方面也主要监视那些藩王。百里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见到秦天之后，百里枯连忙上前行礼，道：“秦大人，您可算是来了。这屠龙会十分猖狂啊，如今竟然连章台刺史都给杀了，他们真是猖狂啊！”秦天点点头，道：“他们这般杀人，的确有点猖狂了、啊。本官出来对屠龙会的了解还不算很多。” 要灭他们恐怕也不容易，你在这里做别驾，应该会知道更多一些消息吧？被秦天这样询问，百里枯却是露出了一丝苦笑，道：“秦大人，这屠龙会十分神秘，而且做事情毫无规律可言，好像他们就只是凭喜好，亦或者感觉做事。想要找出他们一些线索，真的挺困难的。屠龙会的人不怕死，被抓住了也绝不吐露任何消息。这个秦天是亲眼见识过的。如此，百里枯这样说，秦天也表示能够理解。那百里大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可以找到屠龙会，甚至是灭掉他们。这个百里枯面露难色道、哦：“下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们太过神出鬼没了。如果他们不找上我们的话，我们想要找到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啊。”晴天咧嘴，虽然早就知道屠龙会很难对付，但像现在这样一团黑，什么都不知道，也真的是挺令人无语的。没有任何头绪，他们就是无头苍蝇啊，乱转有什么用呢、啊？可现如今的情况是如此，他们好像除了静观其变，等着屠龙会的人露出马脚外， 并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这样吧，在整个锦城给我悬赏，但凡有人能够提供有效的跟屠龙会有关的消息，一律给赏银五百贯。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百里哭不由得抽搐了一下。五百贯啊，对于晴天来说是小数目，可对于这里的百姓来说，却足够一户人家好好的生活一辈子了。这个有点大，不过他也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若是没有这个钱财，那里有人敢冒险把屠龙会的线索给透露出来？就这还不一定有人敢来呢。 百里哭点了点头，然后便按照晴天说的去办了。这边张媛媛哭的已经快要背过气去了，罗黄在旁边看着，第一次心有些乱了。夜幕来临，张媛媛的双眼已经通红起来，她没有了之前的那种古灵精怪，她望着一直陪着自己的罗黄，问道：“罗大哥，秦大人能够找到屠龙会，然后直接灭掉他们，对吧？之前他对什么屠龙会也没有什么概念，更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情感。秦天找不找到他们，是不是灭掉他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可现在，屠龙会的人杀了他的父亲，那他就希望晴天能够找到他们，然后灭了他们了。罗皇点点头，放心吧，这个世上就没有我们家公子做不成的事情。对于这个，罗皇深信不疑。悬赏的消息已经在锦城传开了。锦城是蜀中少有的平原，所以也就成为了蜀中最大的一个城池。新年还没有结束，不过这里已经春意浓浓了。百姓在得知悬赏的消息后都很振奋。不是吧？只要提供有效的线索。 就能够得到五百贯钱的奖赏，官府这一次还真是好气魄呀、啊！哈哈，那可不，刺史大人都被杀了，再也不把屠龙会找出来给灭掉，只怕整个锦城都要乱套了。我看啊，这个价钱也不算多高，屠龙会多恐怖的人啊！有人把线索提供出来了，就怕他们有命拿钱，没命花钱啊！有人说出这话后，其他人不由得一阵唏嘘。不过五百贯钱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人心里仍旧是想要的，只要提供一个线索就行了。可这线索从那里来？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朝廷官府的人也不是笨蛋。如果你没有真的有效的线索，他们会傻傻的把五百贯钱交给你吗？所以，消息虽然传开了，很多人也动心了，可能够去提供线索的却是少之又少。就算有人提供了线索，可若是假线索，也难拿到那笔钱。而屠龙会这边在得知晴天的做法之后，皆是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冷笑。这个晴天就这么一点本事吗？他未免也太天真了一些，把我们屠龙会当什么了？想要找到我们的线索，门都没有。 就算有人知道一些，他敢去官府把消息送去吗？送了我就宰了他们。莫屠龙说完，又是忍不住呵呵一笑。锦城内有关悬赏的消息仍旧在疯传。前几天的时候，有不少人来刺史府碰运气，想要拿走那五百贯钱。不过经过核查之后，这些人送来的消息都是假的，所以他们并没能如愿。不过就算是如此，金钱的诱惑还是很大的，每天仍旧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前来送消息。如此几天之后，一名男子走进了刺史府。 这名男子长得有点贼眉鼠眼，看起来颇有点不像好人。他进去的时间有点长，出来的时候身上就多了一个包裹，而且整个人都喜笑眉开的。他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人回去之后，出手立马就阔绰起来，整个人都有点飘了。屠龙会这边很快得到了消息，会长，我们都调查清楚了。那个人叫刘三，平日里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但此人在锦城的消息最是灵通。他去了一趟刺史府后，就变得很有钱起来。 这两天他一出手就是几罐钱，两天时间花了百十来罐钱，想来他真的送了消息给晴天啊！听到这个消息，莫屠龙的眼眸微明了起来。那个刘三的消息可能并不算特别的重要，根本无法动摇他们屠龙会的根基。不过有了这个先例之后，少不得会有一些人继续送真的消息过去啊！那晴天是个聪明人，万一他顺着这些消息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他们屠龙会岂不是危险了？如果是其他人的话，他莫屠龙倒也不是特别的担心，可这个人是晴天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虽然之前他也表现得有点轻视晴天，但晴天这样的人，谁敢真的轻视？所以思虑片刻之后，莫屠龙便开口道：“派人解决了这个刘三，我要让人知道，谁敢跟晴天送消息，下场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如果有人发现送了消息就会送命，那他们还会去送消息吗？只需要杀一个人震慑一下就行了。”莫屠龙这般吩咐下去后，很快就有人领命退去。夜色渐深，刘三的家在锦城的一个胡同里面。 这个胡同相对来说是十分僻静的。他今天在外面疯了一天，可以说是好好的享受了一番。没有办法，他送的一个消息，那些官员觉得有用，然后他就得到了五百贯钱。说实话，他去的时候可没抱什么希望，但既然那些人觉得有用，他接了钱就是了。当然，因为钱财来的太容易，他也没有怎么吝啬。拿到那笔钱后，就狠狠的花了起来。这才不过几天时间啊，他就花了一半。今天在外面，他跟一群狐朋狗友喝了不少酒。 回到家后，他已经有些疲惫了。他躺在床上，觉得这一切都跟梦似的，自己竟然就这样成为了有钱人。五百贯钱对其他很富有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却绝对算得上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了。他躺在床上，不知不觉间便进入到了梦想。夜色有些浓，夜里寒风起的时候又有一点冷。这初春的夜让人冷不丁的哆嗦。而就在这个时候，刘三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紧接着。 便有两名黑衣男子悄然闪了进来，他们进来之后看了一眼床上的刘三，眼神里面露出了一股杀气来。紧接着，他们举起刀就向那个刘三杀去。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两边突然射来利剑，利剑并没有要人命的意思，只是射向了他们的腿和手臂。利剑很准，飞来之后，那两个人便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而这个时候，两个人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可能上当了，逃。两个人都想到了逃，可是他们的腿受伤了。 行动那里还有那么快？就在两个人准备夺门逃的时候，从四周冲出来的人立马将他们给擒拿了住。那个刘三还在睡觉，而且睡得跟死猪差不多，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一名晴天的手下看了看里面的刘三，露出了一丝苦笑。这种事情是他们家大人早就设计好的，想通过别人提供的消息来找到屠龙会的线索，无异于是大海捞针，所以他们便决定设下一个陷阱，引诱屠龙会的人来杀那些送消息的。很不幸。 这个刘三被他们给选中了，而根据他们的推测，被选中的人，屠龙会肯定是要杀了他，震慑朝廷的。只不过朝廷的人也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等着他们动手。至于这个刘三，在睡之前已经被下了蒙汗药，不睡到明天天亮，他是不可能醒来的。抓住那两个屠龙会的人后，晴天的人并没有丝毫停留，直接便向刺史府赶去。刺史府这边，晴天已经睡下了，不过听到抓住了人，他连忙爬了起来。而他起来的时候，罗黄。 张媛媛等人也都起来了，张媛媛有点震惊，同时也有点欣喜。什么？抓到了屠龙会的人？她连忙跑到了大厅，看到那两个屠龙会的人后，她的眼神之中顿时露出了一股无法言明的愤怒来。你们杀了我爹，我要替我爹报仇！我要杀了你们！说着，张媛媛不知道从那里掏出了一把匕首，狠狠的就要向那两个人刺杀过去。不过这个时候，一名侍卫立马出手拦住了他。大人还没有问话，这两个人不能死。说着，将那个张媛媛推了出去。 张媛媛一张脸气的不行，可此时这种情况下，他非得杀那两个人，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时候，晴天已经带着人走了进来。大人，这两个人已经被抓住了，他们果然要去杀人啊！晴天点点头，先打一顿。听到这话，那几个人有点愕然，这问都没有问，怎么要先打一顿？不过晴天开口了，他们也不敢迟疑，连忙便按照晴天说的，对那两个屠龙会的人痛打了一顿。这两个屠龙会的成员一脸的哀怨和愤恨。 他们被抓已经很倒霉了，可是晴天问都不问，就先揍了他们一顿，这算什么事吗？就没有见过像他们这么倒霉的人。两个屠龙会成员被打了一顿之后，两个人已经有一点惨不忍睹了。晴天看了他们一眼，道：“一句话的事，要么死，要么就把你们知道的所有跟屠龙会有关的事情都说出来。”两个人眼神里面有哀怨和痛恨，两个人相互张望，皆无开口的意思。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侍卫突然抽刀。 将其中一人给砍杀，鲜血喷洒，直接洒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脸上。那个人哪怕是个杀手死士，可还是被眼前的这种情况给吓了一下，他整个人浑身上下都颤抖了一下。说，晴天冷冷道：“那个人却是很快恢复了冷静，呵呵一笑，想用这种办法吓唬我，门都没有。既然入了屠龙会，我们就是死也不会说的。”这种情况跟之前他们遇到的那两个人是差不多的。晴天哼了一声，杀了。声音落下，一名侍卫立马动手。 很快，那个人的人头就被砍了下来。整个过程，晴天都没有逼问的意思，因为他很清楚，这样的人逼问也问不出来。既然问不出来，那直接杀了他们就是了。而看到这两个屠龙会的人被杀，张媛媛这边终于松了一口气，好像大仇得报。杀了两个人后，晴天转身就离去，罗皇连忙跟了上去。公子，这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抓到的人，杀了他们，我们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啊！晴天苦笑道：“就是逼问。” 他们也不会说，与其浪费时间，倒不如直接杀了他们。我们这种顺藤摸瓜的的办法，面对屠龙会恐怕不行啊，还必须从长计议。罗皇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屠龙会，两个人被杀的消息很快传了过来。莫屠龙听闻他们上当了，中了晴天的计，他的眼眸顿时就凝了起来。可恶，好个奸诈的晴天，竟然用这种办法来陷害我们屠龙会。说着，莫屠龙望向其他人，问道：“晴天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几位使者相互张望。这个时候，青衣使者道：“让绿衣使者的人在蜀中加大屠戮吧。只要朝廷的官员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杀，这里的富商权贵被抢杀，蜀中就会越发的动荡。而这个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世民必定震怒秦天的无能。那个时候，可以借用朝廷的手将他们给灭掉。”青衣使者说完，看了一眼绿衣使者，绿衣使者点点头：“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从今天开始，整个蜀中每天都会死一个官员。” 我们倒要让晴天看看，是他厉害还是我们厉害。他们敢这般陷害我们，那我们就要报复。屠龙会的人很愤怒，很生气，他们要报复。莫屠龙点点头，好，给我杀，给我狠狠的杀！我要让整个蜀中混乱，让整个大唐都要因为我们的疯狂而付出代价。一群人哈哈的说着，他们的样子很疯狂，疯狂的都有点不像人了。如果其他人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后，肯定会很奇怪，他们这些人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们跟大唐有仇吗？ 为何要如此乱杀？一般情况下，杀人都是有理由的。可对于屠龙会来说，他们杀人从来不需要理由，甚至都不用去管杀谁，反正谁好杀就杀谁。陈德自从被秦天教训之后，对秦天就已经有些恨之入骨了。只是他的五百兵马被秦天给借走了，他就是想对秦天做点什么也是不能。而想到秦天的模样之后，他就感到一阵子的恐惧。那个秦天实在是太吓人了。如今秦天已经离开了德阳城。 去了锦城，可就算如此，陈德也是好几天之后晚上才睡得着觉的。德阳城的夜已经深了，陈德今天晚上早早的就睡着了，仿佛要把之前那几天没有睡好的觉都给补上。而就在他熟睡的时候，两名黑衣人突然闪进了他的房间。陈德好像听到了什么声响，可就在他准备睁开眼睛的时候，突然一股刺痛感袭来，他的眼睛突然睁得滚圆，紧接着他的身体便僵硬了一下，整个人扑通又倒在了床上。他连怎么回事？ 都没有反应过来，便死了。两个人确定陈德已经被杀之后，并无丝毫停留，直接便悄然退了去。蜀中不安，锦城刺史府，晴天的脸色十分的难看，当然也算不得多难看。大人，蜀中的官员接连被杀，这恐怕是屠龙会对我们的报复啊！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啊？杀的人基本上都是李克的人，这对于削弱李克的势力是很有帮助的。只不过他晴天在这里剿灭屠龙会，可是屠龙会没有怎么灭掉。 这里的官员却是接连被杀，这事要是传到了长安城，只怕长安城那边是要震怒的吧。虽然这种情况，就算晴天很想看到，却也不能让这种事情毫无节制的发展下去，必须想办法遏制住才行。一众人望着晴天，晴天却是苦笑。蜀中这么大，各地官员少说有百十来人吧，这么多人，就算是想把他们给保护起来，也不容易，太过分散了。可是若把他们给集中在一起， 各地的事情又没有人打理，也是不行。最为有效的办法自然是灭掉屠龙会，可现在要灭掉屠龙会，那里是容易的事情。有效的办法不行，那就只能用笨办法了。晴天很快便吩咐了下去，把那个悬赏给撤了吧。听到要把悬赏给撤了，众人都有点不明白。公子还没有找到线索，撤了这个做什么呀？晴天耸耸肩，苦笑道：“算是给屠龙会一个台阶下，我们各让一步。还有，告知各地官员，要他们加强对自己的安危保护。” 我们这边也派出去一些人去保护他们，能保护一下就尽量的保护一下吧。很多官员手里是握有一定的兵马的，屠龙会倒也不敢找他们的麻烦。不过一些官员手里就没有什么人了，所以秦天少不得要派人去帮忙一下。好在并不是需要很多的人，不至于削弱他太多的实力。京城长安，蜀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长安城来。李克最先得知这个消息，毕竟蜀地是他的封地，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是他最先得知的。 而他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气得差点吐血。可恶，可恶，好可恶的屠龙会，竟然这般杀我属地官员！我要你们不得好死！李克气得咬牙切齿。他的那些官员都是他费了很多精力才培养拉拢起来的一套班底，是他作为后路的支持者。可是他的这些人却被屠龙会的人肆意虐杀，这简直是要动他的根基呀、啊！明天本王便要上早朝，请求父皇再派兵去属地灭了屠龙会。 李克有点失去理智，现在的他只想赶快灭掉屠龙会。不过他这样说完之后，旁边的一名男子却是摇摇头：“王爷恐怕不行。”听到这话，李克顿了一下。这个人是李克的谋士，名叫王洛洛，深得李克的信任，是李克作为今后争夺皇储之位的得力助手。如今王洛洛说不可，那他就得好好考虑一下了。王先生，为何不行啊？王洛洛道：“王爷，蜀地是你的封地，如今发生了这种事情。” 是不是显得蜀地的官员有点无能了、啊？若是如此的话，圣上怕是会派遣一些得力的官员去蜀中帮忙管理蜀中。这些人若是去了，王爷想要绝对的掌控蜀中还容易吗？而且蜀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王爷不回自己的封地看一下，说得过去吗？两个理由已经让李克的神色微微一动了。事情的确是如此啊。若是他提了出来，那这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不管发生了那一种情况，对他来说都不算是一件好事。这个时候。 王洛洛又继续说道：“蜀中的事情就交给晴天去做就行了。那晴天是个本事人，屠龙会遇到了他，绝对讨不得好去。我们静观其变便是。”听到王洛洛提及晴天，李克的眼眸中顿时闪过一丝狠毒来，来道：“晴天在蜀中灭屠龙会，可是却任由晴天杀我蜀中官员，只怕这是他故意为之，想要替太子清除一些障碍。如今蜀中官员被杀，正好可以弹劾晴天一个无作为啊！我们如今还要指望他？在李克看来，这是弹劾晴天的大好机会。” 毕竟死了这么多官员，晴天这是做的不行。不过王洛洛却是苦笑道：“王爷，如果晴天被弹劾了，那蜀中的屠龙会谁去解决？如今连晴天都无法快速灭掉屠龙会，其他人能吗？蜀中是王爷的底牌，而王爷想要在京城稳固，想要有资格去争夺储君之位，那王爷的底牌就必须足够稳定才行，绝对不能出现什么混乱。屠龙会的存在太危险了，我们只能希望晴天灭掉屠龙会，而不能想着借此机会除去晴天。” 做事要分轻重，灭掉屠龙会比弹劾晴天要更为重要。说到这里，王洛洛顿了一顿，又道：“而且，王爷以为就算我们弹劾晴天，就能够把晴天怎么样吗？圣上对晴天的信任以及对他能力的认可，绝对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如今晴天已经在蜀中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啊！若是将晴天责罚了，再派人去蜀中灭掉屠龙会，这期间要耽搁多少时间？这么一段时间，只怕屠龙会就更不好灭了。” 圣上是个聪明人，自然知道这些的严重性，所以弹劾晴天也没用。再看事情上，王洛洛比李克要更为深刻一些。他这样说完之后，李克沉思了片刻，片刻后才终于点了点头。而就在李克这边这样想的时候，魏王李泰这里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蜀中的消息他知道之后，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得脸上的赘肉都不停的晃动着。好机会，好机会啊！天助本王，天助本王啊！李泰这样说着。 旁边的一名女子却是浅浅一笑。这名女子身材也是有些丰满的，不过样貌却十分的好看，算得上是胖子中的美人了。她是李泰的一个侧妃，名叫沈彤。两个人是有点一见钟情的，所以李泰对沈彤十分的宠爱。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沈彤是个很有谋略的女子，算得上是魏王李泰的军师。看到李泰这般的兴奋，沈彤却是假装不知，问道：“王爷为何说是好机会？”李太道：“爱妃啊，这当然是好机会。” 如果我们将这件事情在朝堂上提出来的话，可以重创蜀王李克和晴天啊。而那晴天是太子的人，重创了晴天，就是重创了太子。说到这里，生怕沈彤不清楚，李泰就又详细的解释了一下。如今蜀中官员不断被杀，这是晴天办事不利啊。若是弹劾了晴天，父皇少不得惩罚晴天，将晴天撤回来。那个时候，蜀中怕是会更乱。蜀中乱了，蜀王李克还好意思继续留在京城长安，自己的封地都那个样子了，他还怎么留？ 李克离开了长安城，本王就又少了一个对手啊！说这话的时候，李泰有一点洋洋得意。不过沈彤却是在这个时候淡然一笑：“原来王爷一直都把蜀王李克当成对手啊！”这话说的很有意思。李泰一愣，道：“爱妃这是什么意思？”沈彤道：“那李克并非嫡皇子，他想当皇帝，除非逼宫，不然这一生都没有可能。再有，他可是隋炀帝的外甥，让他当储君，圣上会同意吗？”听到沈彤这话，李泰略微沉思了一下。 紧接着笑道：“爱妃言之有理，的确是这个道理。不过李克现在势力不弱，不把他当成对手也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有些事情该做还是要做的。”沈彤并没有在反对这件事情做或者不做，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做了，有可能真的能够成功。毕竟在他看来，这也是除去晴天的一个大好机会。如果圣上对晴天真的龙颜大怒的话，太子李承前少不得也要受到一些牵连。两个人这样说完之后，李泰便开始安排明天的弹劾了。 初春的长安城虽然仍旧有一丝丝的寒意，但春却是真的来了。柳绿了新芽，到处可见一些破土的小草以及一些零星的花。这天早朝，群臣颇有些忙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的说。想来是因为过了一个年，积压的事情一下子都出来了。群臣陆陆续续的说着，快下朝的时候，一名官员站了出来：“圣上，臣要弹劾晴天。晴天已经离开长安城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如今却有人弹劾晴天。” 这让朝堂上顿时喧嚣了一下。程咬金站在大殿上撇了撇嘴，对于这种事情，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晴天这小子，要是一段时间没有人弹劾，他还有点不习惯。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就算有人弹劾，他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那些人根本就奈何不了晴天。哪怕此时晴天根本就没在大殿之上。李世民听到这话，有点好奇，问道：“弹劾晴天？弹劾他什么呀？”这名官员道：“晴天去蜀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蜀中的官员却接连被屠龙会所杀。晴天一点建树都没有，他辜负了圣上对他的信任，辜负了圣上的隆恩啊！试问这样的人如何能够胜任此等任务？这名官员说完之后，朝中的其他官员紧跟着也都连续站了出来。圣上，臣也听说了此事，蜀中官员几乎一天就要死一个啊！就刺史都死了两个了。屠龙会这般杀人，简直是对我朝廷的挑衅。可是晴天领兵前去，不仅没有灭掉他们屠龙会，甚至连那些官员的性命都没有保护到。 试问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值得圣上信任，并且委以重任呢？是啊，圣上，这是晴天的失职啊！臣不否认晴天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可到现在他都没有灭掉屠龙会，而且还任由屠龙会屠杀我朝廷官员。这种情况，臣觉得晴天已经不适合这个任务了。没错，蜀中乃是蜀王的封地，如今蜀王的封地发生了这等大事，应该由蜀王去自己的封地处理此事，而不是让蜀王继续留在朝廷啊！就是就是。 请圣上严惩晴天，派更为有力的人去蜀中灭掉屠龙会。朝中的这些人都是魏王李泰安排的，他们现在不仅要弹劾晴天，而且还要将李克给调离京城。李克站在大殿上，听到这些人的话后，眼眸微微就凝了起来。他没有想到自己不准备找晴天的麻烦了，竟然有其他人找晴天的麻烦。不过这些人找晴天的麻烦就找好了，干嘛将他也给带上？如此的话，就是与他李克为敌呀、啊！跟他李克为敌。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克给自己的人做了个眼色，很快朝中就有人站了出来。圣上，蜀中发生这等事情，臣以为蜀王的确应该回自己的封地处理这些事情。只不过，若是将晴天调离回来，这耽误的时间可就多了啊。而灭掉屠龙会刻不容缓，这一来一回间，不知道屠龙会又要杀多少人呢？如此的话，岂不是坏了大事？是啊，圣上，臣觉得晴天秦大人的能力特别的突出，让秦大人来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秦大人不过刚去蜀中罢了，那里能那么快就灭掉屠龙会？是啊，臣也是相信秦大人的，他一定能够灭掉屠龙会。李克的人这一次竟然保起了秦天，而除了李克的人之外，太子李承前的人也多有保秦天的站出来，所以朝堂上的声势一下子就把李泰的人给压了下去。不过看到这种情况，李泰并没有特别的担心，这件事情成就成了，不成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他只是没有想到这一次李克的人竟然这般的。 支持晴天，想来蜀中出事，李克也是着急，坏了吧？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晴天身上。想到这里，李泰忍不住就想笑，一个王爷竟然还要依靠晴天这么一个人，真是有意思了。朝堂上，两拨人马很快你来我往的就说了起来，而且越说越厉害，说的都差点要打起来。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眼眸微微一凝，随即喝道：“好了！”大殿顿时安静了下来，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李世民。李世民哼了一声。 此事有什么好争吵的？那秦天既然是被朕派去蜀中的，朕便相信他的能力。现如今的情况不算什么，我们只需要静等秦天灭了屠龙会的消息就行了。对秦天，李世民那是真的信任。当然，现如今这种情况下，他除了相信秦天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至于被杀的那些官员，李世民倒也不是很在乎，那是李克的领地。对于自己的皇子，他每一个都是有戒心的。李克自然也不厉害，有官员被杀，他把自己的官员补上就行了。 事情对他只会更加的有利，而且如今大唐实行科举考试，一年一考，弄得大唐储备官员多了许多。可大唐的官位就那么多，没有人退，这些少年如何登上舞台？所以有人下去，那也是好事。当然，李世民也不能说没有生气。屠龙会在蜀中那般猖狂，这已经严重的折损了他们朝廷的脸面，不灭他们怎么能行？李世民简单的说了一句，朝中群臣相互张望，都没有再继续说这件事情。 李世民都说信任晴天了，他们说的再多有个屁用啊！这件弹劾就算是结束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长孙无忌站了出来：“圣上，开春了，马上该去皇家牧场祭春了。今年这事，不知圣上想交由谁来负责？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开春之后，朝廷都会去皇家牧场祭春，以此希望整个一年大唐都能够风调雨顺。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在皇家牧场好好的散散心。所以，对于这件事情。” 不管是李世民还是其他人，都是特别喜欢的。特别是李世民，终于可以出宫了，他比以往都要兴奋。今年晴天不在长安城，那就由长孙爱卿你来负责此事吧。韩意见去，春风已暖的时候，春季终于开始了。李世民带着百官群臣去了皇家牧场，一路上到处可见青翠，到处可见花花绿绿。进得皇家牧场，一眼望去，牧草青青，牛羊遍地，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就心旷神怡起来。 春季倒没有什么麻烦的，很快就结束了。对于李世民他们这些人来说，真正喜欢的还是春季之后的游玩。他们要在这里玩上一两天，然后再回长安城去。春季结束后，李世民带着人去骑马。以前的时候，骑马对李世民来说就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十分的家常便饭。可当了皇帝，常年待在皇宫之中，想要骑马都渐渐成为了一种奢侈。如今在这里可以畅快的骑马，李世民还是很兴奋的。马场这边有很多的好马。 不管是汗血宝马，翼，或者是其他名贵的马种，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如今的大唐可不缺马。李世民选了一匹汗血宝马，然后便带着群臣在草原上驰骋起来。这种驰骋让他看起来十分的意气风发，也突然想起了当年的金戈铁马。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多多少少都是会怀念当年的。众人沿着皇家牧场跑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李世民看到牧场里面有一匹纯黑色的马，那马十分健硕，一看之下就知道是一匹好马。 将那匹好马牵来，让朕骑一下。李世民是个马上天子，对好马自然是喜欢非常的。看到这样的好马，自然也是喜欢。而他这么说完之后，马场的负责人立马就跑了过来，一脸苦笑道：“圣上，这是一匹野马，刚抓回来没多久，还没有驯养好，骑上之后恐怕会有危险。为了圣上的安全计，还是等训练好了再由圣上来骑吧。野马都是要经过训练之后才能够让人骑的，这点李世民也清楚。所以听到马场这个官员的话后，” 李世民也没有坚持，不过这个时候，他身后一名武将却是突然站了出来，道：“什么野马不野马的，圣上让末将去试一下吧，保管能让那野马驯服。”这名武将三十来岁，正是壮年，在军中尤其以马术精湛而得名。李世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那个黑马，他是真的有点想骑啊。如果这个人能够将黑马驯服，那他接下来就能试着骑一下了。想着，李世民就点了点头，既然爱卿善于驯马。 那你就去试一下吧，不过要注意安全，请圣上放心。这名武将说完之后，随即飞身上马，拉住缰绳就狂奔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黑马突然来回不停的跳动，那名武将在马背上来回颠簸，整个人看起来都是摇摇晃晃的，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掉落下来。众人在一旁看着，都为那个武将捏了一把汗。那武将也真是厉害，被黑马这般的又晃又甩的，硬是支撑了一段时间。不过人的力气终究是有限的，那里能跟那匹黑马相比？ 所以很快，那名武将就直接被甩在了地上去。武将一个不慎，手臂给摔得骨折了。众人看到这一幕，都不由得冷吸了一口气。好烈的马呀！虽然知道很多野马都不好驯服，但像现在这匹黑马这般的还是少见。李世民本来没有想着跟这匹黑马耗的意思，驯服不了就驯服不了吗？不过见到这种情况后，反而激起了他心中的征服欲。诸位，还有谁愿意去试一下？李世民说完。 一些武将之中，立马就又有人跳了出来。这是他们迎娶天子好感的大好机会啊！能不能飞黄腾达，就看这一次了。虽然有点危险，但想要去试一下的人还是有的。圣上，末将愿意去试一下。李世民点点头，这个将士立马就飞身上马，要去驯服那匹黑马了。不过他跟之前的那个武将比，却是差远了。唐跳上去，直接就被耍了下来。如此，接下来的好几个人都陆陆续续试了一下，但却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看到这种情况。 小事，李世民有了征服的欲望，也只能无奈的叹息，选择放弃了。看来是没有人能够驯服这匹黑马了呀。话音刚落下，一个女子的声音突然传来：“圣上，奴婢愿意试一下。”众人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愣了一下，转过身后便看到了一名女子。这女子样貌是很好看的，甚至可以说是特别的好看。而除了好看之外，她又给人一股子英气。这种气质比那些温柔的还要让人觉得内心悸动。李世民看了一眼这个女子。 对于这个女子，她只有一点印象，记得她好像叫什么娘，是个秀女。不过她一直不曾临幸过。春季后宫的女人也是要跟着来的。女子站出来后，一众官员顿时面露不屑。来，在他们看来，一个女人也敢去骑马吗？而且还是这般的烈马，他们不信。圣上，这太危险了。是啊，还是算了吧。大家都不准备让这个女子去骑马，一来是对这个女子不屑，再有就是，若这匹黑马被一名女子给驯服了。 他们这些男人的连忙往那放。不过，众人这样说着的时候，那女子却是说道：“圣上，奴婢能驯服这匹野马，不过需要给奴婢两个东西。”女子很清楚，想要让自己去驯马，必须引起李世民的注意才行。而她这么上的完之后，李世民果然好奇起来，问道：“两个东西，你需要两个什么东西？马鞭以及锥子？”听到这两样东西，众人都愣了一下，有点不明白这个女子要这两样东西做什么。要知道，驯服野马的时候。 马鞭越是抽打，恐怕就越发的没用啊！必须慢慢的建立感情和信任才行。你要这两样东西。女子点点头。马不听话，我就用鞭子狠狠的抽打他，如果抽打不管用，那我就用锥子扎他，我就不信他不听话。这话听起来就有点狠绝了，完全就是强硬手段啊！一般男人都说不出这般狠绝的话来，可是眼前的女子却可以。李世民突然对这个女子产生了很浓烈的兴趣。就算她不驯马，李世民也都对她产生了兴趣。 而在思虑片刻之后，李世民还是点了点头。有意思，有意思啊！那朕就给你这两样东西，看看你如何驯服这匹野马吧。李世民同意了，一旁的官员看到这个之后，不由得都苦笑起来。这算什么事啊？竟然让一个女人去驯马！不过李世民都开口了，他们也是一点办法没有。很快，这个女子拿着两样东西飞身上了那匹野马，而她上了野马之后，那野马便跟之前一样，不停的来回晃动，想要将她给甩出去。 不过野马这样甩着的时候，那女子突然抽出马鞭，对着那马的肚子就抽了过去。一般打马的话都是打屁股的，但是打肚子就疼得厉害了。她这么打了一下之后，那马就疼得跳跃起来。不过那女子却是不管，仍旧不停的抽打，仿佛要将那野马给打死一般。而她在马背上也是险象环生，差点就要被甩下来。众人看到这种情况后，都惊恐不已，生怕出了什么意外。圣上，太危险了，还是停下来吧。是啊。 一个女人做这种事情，危险，危险啊！这马看来是不好驯服了。没错，没错，大家担心的想法有，生怕这个女子驯服了野马的想法也有。李世民也觉得有点危险，想要喊这个叫什么娘的人停下来。不过就在这个时候，那黑马突然停止了跳动，想来是太过疼痛了。而那黑马停止跳跃之后，直接便冲了出去。这匹黑马的爆发力很好，冲出去的速度简直如同一支利箭。那女子的秀发突然开了，就这样迎着风吹散起来。 李世民看到这一幕，不由得有些震惊。那黑马竟然就这样被驯服了。而这个时候，李世民旁边已经十几岁的李治看到这个女子骑马狂奔后，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些情愫来。这样的女子就这样在他的心中留下了烙印。黑马狂奔，没过多久便又跑了过来。那女子骑在马背上，十分的威风。来到李世民跟前后，女子翻身下马，道：“圣上，这马已经被驯服了，它的速度可真快。”李世民哈哈大笑。 好，好啊！果然是女子中的豪杰，不错，不错。大唐风气开放，女子豪气的话也没有什么。李世民这话已经有些夸赞的意思了，而李世民对这个女子也喜欢的非常。后宫的那些女人虽说各种各样的都有，但多半都是温婉贤淑的，英气勃发的少之又少。而女人谦态才最过有趣，如此的话，对于少之又少这类的女人，天子自然是喜欢非常的。其他官员看到这种情况后，都没敢怎么说话，丢人啊！ 他们这一群男人竟然连个女人都不如，而这个时候，长孙无忌站了出来，道：“圣上，这野马既然已经驯服，那圣上可要试一下。”李世民摆了摆手：“不试了，明天再试一下吧。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说完，李世民带着那些后宫的女人去了行宫，长孙无忌这里也去了自己的营帐里。而他在回去的时候，嘴角露出了一丝浅笑。今天这些事情，自然都是他早早安排好的。 而如今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他的计划来的，那他的计划差不多已经算是成功了。今天晚上武媚娘必定会被临幸的，而事情也的确如此。不过又有一点不同，因为武媚娘不是晚上被临幸的，而是回到行宫之后就直接被李世民给临幸了。今天武媚娘的表现实在是太惊艳了，她这样的女人让人想要去征服，而李世民也喜欢征服这样的女人，所以回到行宫后，李世民就直接把武媚娘给叫了过来。武媚娘的心砰砰直跳。 他知道长孙无忌的计划成功了，只是他还是第一次就这样给了李世民，心里有一些紧张。不过，当两个人真的做起来的时候，他又十分的奔放，奔放的就像是一个荡妇。他知道，男人都喜欢女人在做这事的时候能够放开一点，能够让男人感受到最为原始的冲动。很显然，武媚娘做到了。她之前虽然没有做过这事，但学习过肯定是学习过的。后宫女子那个没有学习过，为的不就是想取悦天子吗？ 一场酣畅淋漓之后，李世民躺在床上气喘吁吁。他已经许久没有这般疯狂过了，甚至已经许久没有这么强过了。今天在武媚娘身上，他算是彻底放开了，那种感觉很舒服，说不出的舒服。黄昏落尽，远处有一阵花香飘过，屋内温暖如春。李世民就这样跟武媚娘度过了一夜。次日早上的时候，就有旨意传了出来，武媚娘被封为才人。唐朝的妃嫔有皇后、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个，昭仪。 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元、充仪、充容、充元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个。才人只能算是中等偏下的品阶，不及婕妤、美人，更比不得贵妃、贤妃等等，只是比宝林、玉女、才女大了一点点而已。但才人在宫中，那也是正五品的品阶，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至少成为了天子的女人，成为了妃嫔，不是？就凭武媚娘现如今的才人身份，他们武家谁还敢得罪？ 而且在武媚娘看来，她现在已经算是深得圣宠了，而且又有长孙无忌在外面帮衬，她想要继续升迁，甚至成为四妃之一，都不是没有可能吧？武媚娘对于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她觉得自己在这后宫之中，一定可以更快的成长起来，让所有人都臣服在她的脚下。她很享受这种勾心斗角的感觉，她觉得很有趣，特别的有趣。这后宫里的争斗，加入了她之后，一定会更加的残酷和疯狂的。但她就是很喜欢。 他天生就是那种喜欢斗争的人。女人在伤心的时候，最是容易沦陷，最是容易被男人追求。在这个时候，男人只要表现的对她关心一些，安慰她一些，就能够抱得美人归。现如今的张媛媛是伤心的，所以当罗黄每天都去看她，都陪她聊天，想着法子让她开心的时候，张媛媛对罗黄的心思也越发的亲密起来。两个人本来就是有一些好感的，此时这些好感渐渐上升到了情愫上面。这天。 罗皇带着张媛媛去善心。初春的锦城美得有点不像话，处处的景色让人都有点流连忘返。两个人从城内一直走到了城外，城外的景色更美。放眼望去，四周的美让人都不舍得回去了。两个人就这样走着走着，城外踏青的人很多，两个人却是去了一些人比较少的地方。当四周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两个人才终于停下来。张媛媛的气色好了很多，脸上也多了一些笑容。罗大哥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没有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说着，张媛媛就依偎在了罗黄的肩膀上，两个人就这样坐着。远处的夕阳已经快要出现了，天边有一抹晕红。张媛媛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罗黄闻到这个香味之后，浑身上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看着依偎在自己肩膀上的女子，他的手试探着从后面搂住了张媛媛的腰，她的腰好细啊，也好软，这让罗黄浑身都忍不住站立了一下。那种感觉就好像做某种事情突然达到了巅峰一样，而他这么做了之后。 张媛媛并没有丝毫的挣扎，竟然就这样任由罗黄占了自己的便宜。男人都是得寸进尺的，看到张媛媛没有拒绝，罗黄就又开始滑动起来。张姑娘，你是个好女孩，我想一辈子照顾你。想要让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还不反抗，说一些情话显然是很有帮助的。一个男人的承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时候是有一种魔力的。而事情也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就在罗黄说完这话之后，张媛媛果然没有反抗，她只是望向罗黄。 突然有有点羞涩，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现在只有一个人，连个亲人都没有了。我想照顾我，我想给你世上最好的幸福，圆圆，我们在一起吧。在一起的潜台词自然是我们成亲吧，成为夫妻。而张圆圆在听到这话之后，脸颊真的一下子就羞红了起来，但她并没有拒绝，只是有点害羞的点了点头，然后整个人便一下子扑到了罗黄的怀里。他的前面很软，罗黄感受着那份柔软，整个人一下子就有点疯狂起来。 直接就把张媛媛给扑倒在了地上，四周没有什么人。春风吹来，轻柔，远处的夕阳是那般的美好。几只小鸟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叫着，他们是唯一的见证。锦城刺史府，晴天在刺史府处理一些事情。锦城刺史被杀之后，锦城的大小事情就全部交给了晴天。当然，别驾百里库偶尔也是会帮忙的，不然这里的事情晴天还真不一定能够解决。不过，锦城大小事情晴天和百里库能够解决，但有关屠龙会的事情。 却仍旧没有任何的进展。晴天已经派人去寻找屠龙会的踪迹，但他们却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根本毫无消息。当然，晴天知道屠龙会的人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像往常一样躲了起来，他们只是不知道屠龙会的情况罢了。而就在晴天在刺史府处理着事情的时候，罗皇和张媛媛两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两个人进来的时候，手牵着手，脸上洋溢着一种甜蜜蜜的喜悦和笑容来。不管是谁，看到他们两个人。 都会觉得他们这两个人肯定是有事情发生的，而且他们也的确发生了。他们在城外那场疯狂，在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足以动天地惊鬼神的。两个人回到刺史府后，直接去找了晴天。晴天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就多少明白了怎么回事。不过不等他开口，罗黄就先说了起来：“公子有一件喜事，我想跟你说。”晴天笑了笑：“你们两个的事情吧，我老早就看出来了。你小子也不小了，的确应该找个姑娘。” 帮你相夫教子了，这个张姑娘就不错。晴天直接说了出来，罗黄和张媛媛两个人顿时就又羞涩起来，颇有点不好意思。晴天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又哈哈笑了起来，还不好意思了？你说说罗黄你，你一个大老爷们，这种事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着，晴天又望向张媛媛，道：“张姑娘，你别看罗黄是我的一个手下，但他的身家和身份可是绝对不低的。你嫁给了他，就只等着享福就好了。而且我跟罗黄认识这么久。” 就没见过他跟那个姑娘这么好过。晴天这是在夸罗皇了。那罗皇本来是想让自己看起来落落大方一些的，可一听到这话，就又忍不住羞红了脸，又不好意思起来。晴天这样说完，问道：“你们两个准备什么时候办事？”罗皇道：“来见公子，就是想跟公子说这个的。您看看什么时候合适，我们都是没有长辈的人了，到时候少不得都要麻烦公子了。”晴天笑道：“为了你的事情，麻烦一点又算什么？按理说，你们两个的事情，若是等回到长安城去办。” 那肯定热闹啊！你妹妹、程初墨他们这些人肯定都是要来的，只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若是耽误了你们两个人的事情，那也不好。你们说是吧？罗皇和张媛媛两个人连忙点头。在经历过今天的事情后，两个人其实都是想要尽早确定名分的，早点婚娶不是很好吗？晴天见两个人点头，可又不好意思开口承认，便笑道：“那这事就由我来给你们决定了吧。我们就在锦城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我让百里库给你们找个好日子，怎么样？” 听公子吩咐，喜事是人人都喜欢的，它能够冲淡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张台的被杀，比如说对于屠龙会的一无所获。张媛媛和罗黄两人的婚事，让一直气氛紧张的刺史府终于得以缓和了一下。晴天让百里枯给找了一个好日子，然后整个刺史府便准备起来。他们在锦城这边也没有什么产业，所以就只能在刺史府成亲了。如果是在长安城的话，罗黄倒是购置了一套房产是可以用的，不过这里也只能这样了。 日子选好后，该准备的东西也就都准备了一下。时间到了，晴天便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刺史府这边倒也没有什么客人，就只有一些官员和军营里的那些人。热闹自然说不上特别的热闹，但也还算可以。因为张媛媛和罗黄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长辈，所以很多需要长辈做的事情都是晴天给带来了，比如说敬茶、敬酒之类的。张媛媛和罗黄两个人给晴天倒了一杯酒，晴天看着他们两个人点了点头，以后你们两个人。 就要相亲相爱了。其实我跟罗皇你的年龄差不多，但当这个长辈有点说不过去。不过这酒我还是要喝的。说着，晴天将那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放了下去。张圆圆看了一眼酒杯，里面空空如也。整个过程相比较其他人来说是有一些简单的，但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如此已经很不错了。整个流程走完之后，张圆圆就被人带到了新房去。罗皇和晴天他们这些人则在前面继续喝酒。难得有一件喜事，大家都不想错过。 所以还是要尽情的喝一下的。而就在众人在前面这么喝酒的时候，待在新房里面的张媛媛嘴角突然露出了一丝冷笑。她待在新房里面等着等消息。而就在她等消息的时候，前面这边却是突然出现了变故。晴天正与众人喝着酒的时候，突然吐了一口鲜血出来，紧接着他整个人便倒在了地上，不停的抽搐起来。这种情况发生之后，整个刺史府都一下乱套了。公子，公子你怎么了？快去请大夫！ 快请大夫！公子，公子，整个刺史府前面乱了套，后院这边也很快得到了消息。张媛媛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于是不做停留，乔装打扮之后，连忙趁着混乱离开了刺史府。他给晴天下的是剧毒，只要喝下去后就没有生还的可能。现如今前面乱成那个样子，而且还有人喊晴天吐血了，要死了之类的，那就是神仙也难救活了。张媛媛快速的逃走，他的心里有点欢喜，同时又有一点失落。 不过，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失落。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很绝情的人，不管是谁死了，他都不会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第一次给了罗皇吧。那个女人的第一次，不是能够让自己刻骨铭心的呢。但是这种失落只是出现在了刹那，很快便又被兴奋给压盖了过去。他终于可以向红衣使者交差了。其实他那里是什么张媛媛，他只是红衣使者的一个手下，名字叫做红奴。那个真正的张媛媛，早已经被他们给杀了。 而他顶替张媛媛，只是为了寻找机会杀掉晴天。当然，红衣使者他们也考虑到了晴天这个人十分聪明，而且是那种见过很多美人的人，跟他用美人计显然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就把目标定在了晴天身边人的身上。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把目标定为罗皇。罗皇这个人是晴天很亲近的人，只要能够接近罗皇，就有机会杀掉晴天。而他们的计划就是让红奴接近罗皇之后，想办法取得晴天的信任。 然后在晴天的茶水亦或者饭菜里面下毒，而红奴接触到罗皇后，发现想要取得晴天的信任，只能嫁给罗皇。为了达到目的，他便把自己的第一次给舍去了。不过他并不心疼，对于她这样的女人来说，第一次又算得了什么？而就在今天敬酒的时候，她便已经在晴天喝的酒水里下了毒。张媛媛快速的离去，这样跑了大概半个时辰，她来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到了这个后，她直接去了那个地方的地下密室。 他们屠龙会的人就居住在一个很大府邸的下面，他们仿佛就生活在黑暗之中。如此的话，谁又能够找到他们？红奴进入地下之后，莫屠龙以及去他的几位使者都在。看到红奴回来，红衣使者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来，因为他跟红奴说过，如果没有杀掉晴天，就不用回来了。而他现在既然回来了，那也就是说他杀掉了晴天。当然，若只是因为红奴回来了，他就认为晴天死了，自然是有点过于自信了的。他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们的探子已经送来了消息，说刺史府已经大乱，而且已经乱得有点不成样子。红奴，你可是杀了秦天？红衣使者开口询问。红奴点点头道：“我在给秦天敬酒的时候，在他的酒里下了毒。我逃出来的时候，听到前面有人喊秦天死了，想来是真的死了。”听到红奴这话，红衣使者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且还有一点洋洋得意。其他人没能杀了秦天，他的人杀了秦天，这还不值得得意吗？再有。 杀了晴天啊！他们注定会在整个大唐扬名的。试问整个大唐，除了李世民，谁能杀了晴天？就只有他红衣使者了。而此时红衣使者有些得意，众人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能够杀了晴天，他们觉得红衣使者有这个资格得意。好啊，好啊，终于杀了晴天，剩下的那些人必定成鸟兽散。想要与我屠龙会一决高下，他们还不够资格啊！不错，不错，晴天死了，他们那些人还不得乖乖的滚回长安城去？ 我们屠龙会就是要与大唐作对，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一众人兴奋的说着。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探子突然急匆匆的跑了进来：“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不好了！”探子急匆匆的跑了过来，众人看到探子如此，神色猛然一凝。莫屠龙更是连忙开口问道：“什么不好了？”会长，唐军，唐军把我们整个地方都给包围，都给包围了！听到这话，众人都有点意外，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了红奴。 而此时的红奴一脸的委屈和冤枉，显然众人都觉得是他把屠龙会给出卖了，是他把唐军给引过来的，不然为何红奴刚回来，唐军就把他们给包围了？可红奴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如果我要出卖你们的话，何必再回来，直接告诉唐军屠龙会的藏身之所就行了。这话又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而这个时候，红衣使者却是已经愤怒至极，不管是不是红奴出卖的，他们唐军能找到他们。 肯定是因为红奴，不然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愤怒，出手就要砍杀红奴。不过这个时候，紫衣使者突然开口道：“好了，现如今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们只能先逃命再说。毕竟跟唐军硬碰，我们可不是对手。”紫衣使者说完，众人都觉得很有道理。那红衣使者眼眸凝了一下之后，也只能暂时放弃动手。好了，跟我从密道离开。不过，派出一些人前去抵挡唐军，绝对不能让唐军追过来。作为一个反朝廷的组织。 他们躲藏的地方其实可以说是狡兔三窟的，后路很多。就算上面的道路都被被唐军给包围了，他们想要逃走也并非什么困难的事情。莫屠龙说完之后，便带着自己的使者以及其他一些比较不错的属下，从密道逃走。上面罗皇带着兵马将整个府邸都给包围了起来，给我杀！罗皇一声令下，唐军立马就冲了过去。而他们冲进去之后，便遇上了莫屠龙留下断后的人。这些人不多，但也不少，有二三百人。 这二三百人都是经过训练的好手，不过唐军看到他们之后，只是呵呵一笑，然后便冲了过来。再好的杀手遇到了身经百战的将士，那也是不行的。将士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杀人手段已经很厉害了，而且他们还都经历过晴天的训练。如此，要杀几百屠龙会的成员，有什么好困难的吗？双方碰面之后，杀戮顿起，唐军势如破竹，一个接着一个的屠龙会成员倒了下去，鲜血喷洒。 很快便有血流成河，几百屠龙会成员很快被唐军解决。不过罗皇派人查看过之后，发现被他们杀死的这些人都是屠龙会的小喽啰，屠龙会的那些高层可是一个都没有的。这里肯定有密道，给我找！很快有人牵着警犬在府邸寻找，没过多久，警犬朝着一个房屋不停的吼叫着。罗皇挥手命人进入房间，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打开地下的通道。进入通道之后，看到下面大的宛若一个府邸。 连罗皇这种见多识广的人都不由得震撼了一下，在地下打造这么一个府邸，怕是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吧。不过罗皇也只是有片刻的震撼而已，紧接着他们便让警犬在里面寻找起来。这里虽说是屠龙会的老巢，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屠龙会的成员，很有可能他们躲藏在了这下面的某个地方，亦或者他们从其他出口出去了，所以他们必须去找。有警犬在，要找一些人的话，还是很容易的。 唐军跟着警犬在地下来回不停的跑着，很快他们便找到了一个密道出口。此时，密道已经被屠龙会的人用石头给封死了。显然，他们并不想让唐军从这里冲出去找到他们。而就算唐军能够搬开石头，那也能够耗费唐军一些时间。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怕是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可恶！来人，给我将石头撬开。石头要搬开的话不容易，但要撬开也不算难。他们找了一个支点，又找了一根长棍。 然后去撬动那块石头，几个人来回的晃动了一番之后，那石头就开始松动起来。给我继续，再加人，加木棍！罗皇吼着，显然十分急切。而他这么吼了一声后，很快就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进去。一二一，一二一，他们这样喊了几声之后，只听得轰隆一声响，那个出口就被打开了。给我继续追！冲出去后，罗皇便让警犬继续搜索，然后对屠龙会的那些人进行围剿。与此同时，就在那个府邸更外围。 胡十八已经带着人严阵以待了。他们并不知道屠龙会的人是不是有密道，他们留在这里只是为了防止屠龙会的人逃出来，而且他们的人时刻都在注意着四周动向。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探子急匆匆来报：“将军，接到罗皇送来的信，他要我们行动，寻找屠龙会的人。他们已经从密道里面逃了出来。”听到这个，胡十八不做迟疑，连忙便带着人和警犬寻找了过去。警犬的嗅觉十分灵敏，如此，哪怕这里的地势有些复杂。 想藏一些人也很容易，可唐军要找到一些人也不难。莫图龙他们从密道出来之后，立马朝着远处的一个山赶去。那山地形复杂，只要他们进去之后，唐军就算是搜查一两个月，都不一定能够找到他们。这也是他们当初为何会把密道出口放在这里的原因。他们急匆匆的跑了去，很快他们就跑到了山上。山上，他们早已经准备了一个避难的地方，在这里，食物、水什么的也早就有了。逃到这里之后，莫图龙和他的那些使者。 才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好了，逃到这里之后，我们差不多就安全了。是啊，唐军就算能找到我们的老巢，但我就不信他们能找到这里来。他们的本事很大吗？哼，就是就是。不过就在他们这些人这样说着的时候，山下突然传来阵阵异动。山下突然传来异动，听到这个声响之后，莫屠龙和他的那些使者们脸色猛然一变。怎么回事？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莫屠龙这么喊着。 很快就有探子急匆匆的跑了上来，不好，大事不好了！唐军，唐军追过来了！听到这个消息，众人都有点震惊。他们的逃跑路线可以说是十分的隐蔽啊，唐军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到了他们？不过现在虽然震惊，但他们还没有特别的绝望。他们找的这个地方是十分不好找的，就算知道他们躲藏在了这里，可要找到他们，没有一两个月也不太可能。一两个月足够他们想到办法转移阵地了。放心，放心。 唐军就算知道我们在这里，他们也找不到我们。没错，没错，我们静观其变就是了。唯一不好的就是不能生火做饭了。一旦有炊烟燃起，唐军也就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了。不能生火，他们的食物肯定要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不过这些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他们都还能忍。不过就在他们这样想着的时候，他们却是发现唐军正在向他们的这个方向进发，而且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看到这个。 他们都懵了，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不，他们不可能找到这里的，不可能。运气，这一定是运气。他们这些人平日里都是很冷静的，只是现在面对唐军的恐怖，他们都已经失去了平日的冷静。不过，这些人惶恐的时候，莫屠龙却是慢慢的冷静了下来。能够成为屠龙会的创始人，他自然是有着其不平凡的地方的。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如何应对唐军。现在我们逃是没有办法逃了。 这话出口，众人相互张望，都觉得莫屠龙说的很有道理。会长，我们现在也算是居高临下的，有着地利上的优势，说不定我们能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如我们就守住他们上山的路口，跟他们耗，怎么样？是啊，我们守住路口就行了。莫屠龙眼眸凝着，这个时候，青衣使者苦笑一声：“到这座山上的道路可不止这一条，如果他们从其他方向上山，绕到了我们的上面，那我们的情况不不妙了。如今既然已经被他们察觉了，我们唯有登顶。” 只有登顶之后，才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凭借着地势上的优势与他们一战。青衣使者说完之后，莫屠龙随即点了点头：“不错，不错，我们登顶。”听到登顶，众人都有点不舍。他们在这里可是藏了好多好东西的，比如说一些食物啊，还有一些珠宝啥的。就怕他们真的无路可退之后，用这些钱财还可以去其他地方逍遥快活。可现在他们要登顶，那就等于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毕竟拿了这些东西，他们行动就虽受损，所能做的。 也只能是携带少量的食物，可现如今这种情况不舍也不行，他们只能继续向上走。这样说好之后，他们也没有怎么闲着，直接就向上面赶去。道路有点难行，他们也已经跑了这么长时间，体力都有一些透支，但他们没有办法，硬咬着牙也得向上走。而他们这样走着的时候，红奴的心却是扑通扑通直跳。就算他杀了晴天，可他们屠龙会遭遇到今天这种情况，也是他造成的。他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他逃了回来。 唐军肯定找不到这里，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一点，那这些人一定会杀了他的。不安，不安！但现在大家都想着爬上去逃命，倒也没有人去追究唐军是怎么找到他们的了。黄昏来临的时候，莫屠龙他们这些人终于爬到了山顶，没过多久便已入夜。此时天上有满天的繁星，看起来很漂亮，但大家都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东西，他们只是在担心，在派人注意四周的情况，以免唐军突然冲上来。不过夜已经深了。 唐军显然没有在夜间爬山的习惯，所以四周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什么动静传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山腰的地方，罗黄已经跟胡十八他们碰头了，已经确定了屠龙会还有百十来人。而现在他们这些人都已经爬到了山顶上去，明天我们差不多可以与他们一战，灭掉他们了。罗黄把情况跟胡十八说了一下，胡十八点点头，好，把这个消息告诉公子吧。明天公子也来，我们一起灭掉屠龙会。已经飞鸽传书告诉公子了。 两个人这样说完之后，便命令唐军将士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免得上面的屠龙会成员趁机袭击他们。当然，他们也要防止屠龙会的人逃跑。不过有警犬在，只要上面的屠龙会成员逃跑，他们立马就能够知晓，继而趁机灭掉他们。夜色已经很深了，胡十八也已经躺下休息了，不时的还能听到阵阵打呼噜的声音。罗皇站在山上，遥望天上的星空，突然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今天的事情，又岂是他能够料到的？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大婚之日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晴天突然吐血抽搐的时候，他是吓坏了的；而在得知张媛媛逃走，晴天又恢复如常，告诉他自己早已经怀疑张媛媛的时候，他更是震惊的不敢置信。一直以来，他都觉得张媛媛是那种天真浪漫的姑娘，是应该被人好好疼爱的人。可现如今的情况却不是，她竟然是屠龙会的人，她所有的天真烂漫都是装出来的。可他的心里对这个女孩子又有那么一点不舍。 明天见到他的时候，自己该怎么办？他现在算是自己的妻子吧，两个人是成了亲的。夜色越来越深，天上的星星仍旧很亮，哪怕被突然而来的乌云遮挡，还是能够很快的恢复过来。罗黄躺下，望着外面的夜空，却是仍旧没有丝毫的睡意，今夜怕是要失眠了。次日天亮之后，胡十八和罗黄他们便带着兵马向山上冲去。大概登了一个时辰之后，他们离山顶已经很近了，而这个时候。 墨屠龙他们已经得知了消息，给我拦住他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冲上来！命令下达之后，一众屠龙会的成员便冲了下来，拦住了胡十八他们的道路。双方碰面之后，胡十八大喝一声：“不想死就赶快投降，不然我要你们好看！”不过他这样喊完之后，上面的屠龙会成员却只是呵呵一笑，紧接着便有利剑飞来。唐军见屠龙会的人这般不留余地，也顿时生出了怒火。杀！罗皇一声令下。 下面的唐军也开始射箭，在双方利箭的飞射下，唐军向前继续行进。相对来说，唐军人数占据优势，哪怕是一个换一个，他们也能够很快灭掉屠龙会的那些人。所以，当双方这样不停的射箭之后，屠龙会的人已经死伤了不少。唐军这边虽然也有伤亡，但并不是很多。毕竟要论射箭的话，唐军的诸葛神弩可比这些屠龙会的弓箭厉害多了。屠龙会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所有冲下来的人都被唐军给解决了。解决了这些人后。 胡十八和罗皇他们带着人就冲了上去，而此时莫屠龙他们站在山顶，根本无路可退。唐军很快将屠龙会的人给包围了起来。莫屠龙看着这些唐军，眼眸凝得厉害。而此时罗皇只是看着红奴，此时真的相见这个他本来准备此生都去守护的女子，他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山上的风很大，红奴的秀发已经飘了起来。此时的他没有了之前的灵气，他只是有点奴才样的待在红衣使者后面。 他这个样子，让人突然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来。而很快，罗皇便从这种状态中恢复了过来。他看了一眼莫屠龙，道：“你们为何要与朝廷作对？可是朝廷对不起你们了。”这个时候，罗皇还有心情这样询问，自然是因为他已经掌控了局面。既然已经掌控了局面，那做任何事情也就都不用太过着急了。当然，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弄明白屠龙会的真实目的。罗皇这般询问之后，莫屠龙顿时哈哈大笑。 朝廷并没有对不起我们，我们这些人也都不是什么被逼如此的，我们就是想跟朝廷作对。我们做这件事情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我们就是要反朝廷。怎么样？这个世上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便与朝廷为敌的。他们只是骨子里有反骨，他们就是想跟朝廷作对。他们是纯粹的反朝廷人士，他们就是想跟朝廷作对。听到莫屠龙这么一番话后，罗皇颇有点无语。他以为这个世上有一些人做一些事情，肯定是要有理由才行的。 可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理由，不由得他对这些人生出了杀心，而且这个杀心很强烈，因为他觉得这些人的做法简直不可理喻，那些被他们杀的人简直就是遭到了无妄之灾啊！就像一个人在路上走路，突然就被人给杀了，这个走路的人得多冤枉啊！不管是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对那个杀人的人愤怒吧？他简直就是疯子啊！没有人会对疯子同情的。罗黄眼眸之中杀气纵横，而这个时候。 莫屠龙却是开口问道：“我们屠龙会隐藏的十分隐蔽，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罗黄耸耸肩道：“简单，当我们知道张媛媛是你们屠龙会的人后，我们就派人跟来了呀。我们有警犬，闻着气味就能够找到你们，所以不管你们跑多远，我们都能够找到。”听到罗黄这话，那些屠龙会的人立马将目光投向了红衣使者和红奴两个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们寄希望于杀死晴天的人，最后却将他们推向了深渊。 将他们屠龙会推向了死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就好了。如此，就算他们奈何不了晴天，晴天却也绝对找不到他们、啊。悔恨，悔恨。同时，他们还有对红衣使者以及红奴的愤恨。如果不是他们两个人，他们也就不会遭遇现如今的情况了。红衣使者和红奴两个人都感受到了其他人对他们的恨意，他们也有点紧张。不过现如今他们都是唐军的瓮中鳖，倒也不用太过担心。虽是如此，但我们却杀了晴天，这已经足够了。试问？ 整个大唐，谁能杀了晴天？红衣使者辩解，他仍旧是自豪的，因为他的人杀了晴天。不过就在他的话音落下之后，一个声音突然从唐军后面传来：“是吗？”紧接着，他们便看到晴天从后面走了出来。看到晴天根本就没有一点中毒的痕迹，红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不可能！你，你喝下了毒酒，不可能活着的。你，红奴的话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晴天就是活着的，而且这个时候。 他突然被红衣使者给抽了一巴掌。本来红衣使者还想着，到底杀了一个晴天，他们也不算亏。可现在晴天安然无恙，那他们就亏得大了。很奇怪，是不是？晴天望着红奴，浅笑道：“怪只怪你露出的破绽太多了一些。”听到这话，红奴却是不信，道：“不可能，我露出了什么破绽？我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晴天耸耸肩，道：“自然是有的。你说有人要杀你，可是那些人在见到我的军营之后。” 还不肯放弃，那就有点奇怪了。除非那些人只是做做样子。再有就是，在那个客栈里面，为何我们去的那家客栈刚好就有人要打架？而且那两个人虽说是打架，但目标显然是我晴天。如此的话，我不怀疑你，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在刺史府，你得知抓到了那个跟屠龙会成员时候的表现。的确，人愤怒的时候是想要杀人的，但那两个人可能并不是真的仇人，真的仇人是屠龙会。所以，真的张媛媛。 可能是不会杀那两个人的，而是想要我通过那两个人找到最后的屠龙会。可是你却想杀了那两个屠龙会成员灭口。晴天说完他对红奴的怀疑之后，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事情其实都不用说了。晴天既然已经怀疑了红奴，那又怎么可能喝下他的毒酒呢？一切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晴天将计就计罢了。他只是要给红奴演一场戏，然后派人跟着红奴找到屠龙会的老巢罢了。现在看来，他们显然是成功了的。 听完晴天的话后，红奴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地上。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自己的表演是天衣无缝的，可是他所谓的天衣无缝根本不是这样的。在晴天看来，他的漏洞很多，而整个屠龙会也的确就是被他所灭。红衣使者突然又抽了一下红奴：“你这个笨人，要你有什么用？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还连累我们整个屠龙会。”看到红奴被抽打，罗皇的眼眸动了一下，可他到底还是忍住了，有些事情。 他完全可以不去计较，但有一些底线却是其他人不能去碰触的。他的底线就是晴天。当红奴能够对晴天下得去毒酒的时候，他便已经跟红奴分心了。他的心再也不属于红奴了。晴天，饶我们一条性命，我们可以给你很多好东西。我们有很多值钱的东西都藏了起来。风很大，莫屠龙的声音却很响亮。谁都不想死，他们也不想死。如果可以活着的话，那自然最好。屠龙会的那些小喽啰可以为屠龙会去死。 但是这些高层的人却想活着，人的身份和地位越高，钱财越多，就越不想死；而那些什么都没有的，反而豁得出去。只是很可惜，莫屠龙说完这话之后，晴天却只是呵呵一笑：“你们藏的那些东西，还买不了你们的性命。想想被你们杀掉的那些官员，你们已经严重侮辱了朝廷的尊严，还想活着，门都没有。”说完，晴天就挥了挥手，紧接着一众唐军就冲了过来。莫屠龙等人见晴天不给活路，顿生绝望之感。 此前他们从来都不觉得后悔，都不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有什么。可现在他们却突然后悔了。不过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子拼命的决然。晴天不让他们活命，那他们就自己活命。杀！就在唐军冲过来的时候，莫屠龙带着人就要向下面冲去。他们想要突围，不过他们刚冲过来，唐军就直接杀了去。只片刻功夫，莫屠龙以及其他人都被杀了个差不多，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红奴。不过他就算没有死。 也受伤不轻。此时的红奴趴在地上，望向了罗皇：“夫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们，我们是夫妻啊！我的第一次都给了你，我是爱你的，真的，我爱你。”红奴眼泪直流，给人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让人不由得想起了那个话多的张媛媛。罗皇的心突然痛了一下。如果他不是屠龙会的人，该多好！可惜他是，而且从他对晴天下毒这件事情来看，他也并不知道悔改。罗皇并没有开口，他看了一眼晴天，点了点头。 晴天明白罗皇的意思后，也就直接挥手道：“杀了！”一声杀了，红奴顿时命运。而就在红奴被杀的刹那，罗皇突然吐出了一口鲜血来。哪怕他无救红奴之心，可他还是很痛，很痛，仿佛一下子丢了什么似的。那个张媛媛，永远都不会属于他了。屠龙会的人给杀了个干净。一阵风吹来，血腥的味道能飘出去好远。远处的山林间，隐隐能听到一些豺狼的吼叫声。晴天命人处理了一下之后，便带人下山。 回到了锦城刺史府，回来的时候，罗皇的身子有点虚弱。晴天拍了拍他的肩膀，想安慰他几句，可一时间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才好。一个男人遇到这件事情，的确是有点残忍的。晴天在想，如果他早点戳穿红奴的面具，是不是会好一点？这样罗皇也不至于陷进去的太深。只是戳穿了红奴，他怕也不会将屠龙会给出卖吧？屠龙会的那些人很奇怪，明明怕死，可又都能闭口不言。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想与朝廷作对，没有任何的其他杂念，如此也就会变得纯粹许多。晴天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让罗皇好好休息，然后便转身离去了。秦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京啊？过两天就走，先派人把消息送到京城去吧。好嘞，之前有人在京城那边弹劾秦大哥，你没有作为，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说。京城的事情，晴天他们都是听说了的，不过当时晴天也没有做什么解释，现在嘛。 灭了屠龙会，他们也就更不用做什么解释了。可以说，这一趟来，他们都没有什么损失，只有罗皇丢了心里的一块东西。这块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再捡回来。人若是情太深的话，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可不深的话，又让人喜欢不起来。矛盾，矛盾。晴天他们在锦城又待了几天，把该解决的问题都给解决了一下，该处理的事情也都给处理了一下。这样做完之后，确保锦城一切井然有序。 他们才终于离开景城。这个时候的春意正浓，一路上到处都是姹紫嫣红。晴天等人的心情都是不错的。罗皇跟着众人，偶尔也会笑笑，但终究不如以前那般的开朗了。回去之后，是不是给他找个婆娘？晴天心里想着，这罗皇要是有个新的夫人的话，应该会好一些吧。一行人就这样慢悠悠的走着。蜀中的道路不好，他们想走快也没有办法。好在蜀中离长安城并不算很远，初夏的时候差不多能回去。 而就在他们这样赶着的时候，他们的消息终于回到了长安城。长安城的春也是浓的，浓的化不开，到处都生机勃勃。朝堂上的争斗也如这春一般，也是生机勃勃的。消息就是在这个时候到的。这天早朝，李世民与群臣商议事情，商议的差不多的时候，一名官员站了出来，道：“圣上，剑南道那边传来消息，说屠龙会已经被灭了。”听到屠龙会被灭这个消息后，整个大殿顿时喧嚣一片。什么？ 屠龙会被灭了？怎么这么快？前段时间屠龙会还在屠杀我大唐的官员，怎么这么快就被灭了？是不是真的啊？该不会是那晴天灭不掉屠龙会，所以故意哄骗我们吧？就是之前那么长时间都一无所获，这突然就把屠龙会给灭了，实在是奇怪至极的。不少人对于这个消息都有点质疑。程咬金听到这个之后有点生气，骂道：“你们这一个个的，让你们去灭屠龙会，你们不敢去；现在晴天灭了屠龙会，你们就又质疑人家。” 你们算什么东西？有本事你们去灭啊！那晴天像是那种欺骗圣上的人吗？程咬金很是为晴天打抱不平。晴天在外面吃苦灭贼，这些人倒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而程咬金开口之后，朝中的其他人也都纷纷说了起来：“就是，就是，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为我大唐做了什么？整天就只知道在朝堂上弹劾人，有本事你们去做事啊！”晴天说：“灭了屠龙会，那就肯定是灭了屠龙会的。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双方很快就争吵起来。李世民却是摆了摆手，道：“把详细情况说一下。”大殿安静了下来。那个官员继续说道：“是这样的，屠龙会派人想要暗杀晴天，晴天将计就计，顺藤摸瓜找到了屠龙会的老巢。”这个官员把情况详细的说了一番之后，大殿上就越发的安静起来。原来那晴天真的灭了屠龙会，而且灭的这般轻松。他们实在是没有想到，那般嚣张的屠龙会，竟然会在这种事情上栽跟头，刺杀晴天。 真是可笑了！那晴天精明的很，想刺杀他，谈何容易？众人都不再质疑。李克听到屠龙会灭了，心里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只不过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他的眼眸又微微一凝。如今蜀中没有什么事了，那他和晴天的仇也该算一下了。就是因为晴天，他在蜀中的不少官员都被杀了呀。现在他的父皇一直都在考虑去蜀中官员的人选，这些人只怕有不少都不是他的人。那个时候，他还如何稳固自己的封地？ 不过他想跟秦天报仇，自然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秦天刚灭了屠龙会，现在说他未免太蠢了一些。以后找机会就是了。现在嘛，要想办法将自己的蜀中再给稳固一下。李克这样想着的时候，李世民已经哈哈笑了起来。好啊，秦爱卿果然是有计谋的人。那屠龙会不是猖狂吗？遇到了秦爱卿也得乖乖就范。现在屠龙会被灭，实在是大快人心。将此事昭告天下，朕要让人知道，与我大唐朝廷为敌。 是个什么下场？李世民兴奋的不行，朝中群臣自然也觉得理应如此。这一次灭掉屠龙会，算是给一些反朝廷的人提了醒，让他们知道他们朝廷的厉害。想要与朝廷为敌，可要想清楚了。说完这件事情后，朝中又有官员站了出来，道：“圣上，剑难道经过这件事情后，官员折损可是不少？一部分是被屠龙会的所杀，一部分是被晴天给杀了的。如今蜀中官员空虚，臣以为朝廷当尽快选拔人才。” 派遣他们去蜀中管理各地政务。这个官员名叫林胡同，是魏王李泰的人。他说出这么一番话的意思，一是想为蜀中派遣官员，这是提个头，有了这个头，他们想要安插一些官员去蜀中也就容易的多了。再有嘛，也是黑一下晴天。晴天在蜀中受到了一些刁难，晴天一怒之下，倒也杀了一两个不长眼的官员，虽然不多，但到底是杀了的。他顺便这么提一下，少不得让人对晴天多一点非议。晴天是太子的人，蜀中是李克的封地。 只要他这一番话起到了效果，对太子、对李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事情也的确如此。这个林护彤开口之后，朝中立马就有人非议起来：“圣上，这个秦天真是不顾我大唐王法呀！他怎么能杀我大唐的官员呢？这简直简直是可恶啊！请圣上严惩秦天！”“不错，不错，秦天杀我大唐官员必须严惩，他这也是犯罪，也是犯罪啊！请圣上严惩秦天，请圣上严惩秦天，不能因为他灭了屠龙会。” 就不惩罚，朝中官员对晴天不停的弹劾着，他们觉得晴天简直太目无王法了，竟然就这样把他们大唐的官员给杀了。若是不惩罚他的话，以后晴天还不得更猖狂啊？他们觉得晴天现在就是一个权臣，大权臣，而他们大唐怎么能出现权臣呢？朝堂之上有群情激愤，李世民坐在上面颇有点为难，他就纳闷了：这个晴天平日里看起来和和气气的，怎么一出去就要惹事呢？之前灭高句丽。 他屠城杀降，现在去蜀中灭屠龙会，他又杀大唐的官员，难道立下了大功之后，非得做一些恶事来才行吗？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朝中有人替秦天辩解：“圣上，秦天一共杀了两个官员，而这两个官员在秦天进入蜀中之后，故意阻挠他们对屠龙会的调查。秦天怀疑他们是屠龙会的同党，所以才杀了他们的。而若非他们的阻拦，秦天可能早就找到了屠龙会的线索，灭掉了屠龙会。那样的话。” 蜀中被屠龙会杀掉的官员肯定会少很多吧？所以圣上，这两个被杀的官员其实是该杀啊！他们耽搁了多少时间啊？圣上，张大人所言有利啊！这两个官员阻拦秦天灭屠龙会，那就是他们先触犯了王法。如此的话，对他们动手也没有什么吧？不然不杀他们，任由他们阻拦秦天灭屠龙会，那我大唐何时能灭屠龙会？有一些人啊，的确该杀。朝堂之上替秦天辩解的人很多，很快。 辩解的人与弹劾的人就争吵在了一起。李世民虽然早已经习惯了这种争吵，但因为这个就争吵，未免让他有点厌烦。屠龙会危害甚大，可是竟然还有人阻挠晴天围剿，这样的人不杀着做什么？难道留着过年？所以对于此事，李世民是更为倾向于晴天的。不过晴天就这样随意的将官员给杀了，也的确是有点随意了一些。万一养成了晴天的习惯，也不好。李世民眼眸微凝，犹豫了一下。 紧接着便挥了挥手，道：“诸位爱卿，安静！晴天的事情不必再谈了。围剿屠龙会事关重大，谁敢拦阻，杀无赦。那两个官员不明白我朝廷底线，杀就杀了。至于晴天杀人的事情，等他回来，朕自会教训他。这个就不在朝堂上说了。”晴天没有说要放过晴天，但是他已经不准在朝堂上说晴天了。如此，大家也都看得出来了，李世民这是要袒护晴天啊！众人相互张望，苦笑，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说晴天，大家就把事情扯到了蜀中官员空缺的事情上。圣上，蜀中官员少了不少，没有这些官员，那些地方的治理恐怕会很成问题。我大唐必须尽快选拔人才替补蜀中啊！是啊，请圣上尽快决断。锦城作为蜀中的中心城市，更是要尽快派遣官员才行。臣推荐王都王大人前往。王都是魏王李泰的人，他想把自己的人安插在蜀王李克封地的心脏处，如此的话，他就等于废了蜀王李克的一条手臂。如此。 很多事情要做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而李克在听到王都这个名字的时候，脸色就变得十分难看了。他没有想到李泰竟然做得出这么恶心的事情来，在他的封地上竟然要安插他自己的人，他还要点脸吗？李克愤怒，所以很快他就给自己的人一些暗示，让他们也尽快推荐人选出来。圣上，臣觉得王都不行，臣推荐赵钱赵大人。赵大人此前在蜀中任职过，对于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让赵大人去其实是最好的。李泰。 魏王，甚至连太子李承乾以及长孙无忌代表的晋王李治，都有派人争夺，几方势力你来往，口诛笔伐，整个大殿之上顿时喧嚣一片，甚至有人争吵的都差点动起手来。朝堂之上乱的有点不成样子。李世民明眉，这些人什么想法？他自然清楚。蜀中发生这样的动乱，正是他们趁机侵入蜀中的大好机会啊！他们有人进入蜀中，就等于在李克的阵营里面安插了一个钉子，对于李克是有牵制作用的。 蜀王李克自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他想要让整个蜀中都是他的人。李世民心里暗笑，整个蜀中都是李克的人，怎么可能？之前的那些人被李克收买的收买，策反的策反，大多都倒戈到了李克的阵营里面。他这个做天子的想要插手也有点不方便。现在屠龙会帮他打开了一个缺口，他自然不会让李克的人继续掌控整个蜀中。那个地方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复杂了，也太好了一点，只要拦截住蜀道，想要攻进去就很难。 蜀王李克如果有反心的话，他是完全可以在蜀中那个地方当个偏安一隅的帝王的。这种情况自然不是李世民想要看到的。不过现在的李世民也没有想到合适的人选，所以还不能做出决定来。他摆了摆手，道：“好了，此事明天再议。时间也不早了，退朝吧。”退朝，群臣陆陆续续的离开。可能是刚才在大殿上争吵的过于厉害的缘故，大家出了大殿皇宫，也都仿佛带着敌意。不过有几位王爷压制。 他们倒也没有起什么冲突，就只是眼神上有一些不友好的交流罢了。而他们这样离开之后，便各自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接下来如何把那肥肉给抢到嘴里。当然，这些人中最生气的还是蜀王李克。那肥肉本来就是他的，就因为现在掉在了地上，其他人就认为是无主的了，都想得到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了？气人！李克觉得太气人了，快把人都给气死了。群臣离去，李世民回到了御书房。蜀中官员空缺。 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一个防止藩王动乱的机会。如果蜀地的官员都是李克的，那李克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一旦他没能争夺到天子之位，他想要谋反的可能性就会很高吧？但是如果搅乱了蜀地的局势，情况就会好很多。可该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呢？在李世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第一就是派遣一些忠于朝廷的人，忠于朝廷的人就是忠于他李世民的人。这些人去到蜀中之后，可以起到监视的作用。 如此对李克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再有就是派遣其他王爷的人，比如说李泰，比如说晋王李治，他们的人进入蜀中之后，也是可以起到牵制作用的。不过这两种情况该用那一种，李世民有点拿不准，是让蜀中的情况更乱一些的好，还是不乱一些的好？乱一些的话，就把所有人的人都弄到蜀中去，让他们互相牵制；不乱的话，就只他李世民的人就行了。李世民在御书房来回的走着。 如果有一天太子登基，他是否能够掌控蜀中局面？只他一人的话，恐怕很难吧。可如果有其他势力牵制，也许会更好一点。想到了李承乾的情况，李世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为更为长远的情况打算一下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决定：蜀中还是要各方势力都加入进去才行的。当然，他李世民的人也肯定是要有的。他现在所需要做的，就只是分配一下几方势力的人就行了，让他们的人都能够进入到蜀中去。 而且相互都能够有所牵制，当然，锦城的刺史少不得还要李克的人去担任，不然就真的有点过分了。李世民有了决定之后，便把今天早朝那些被举荐的官员给分了一下，分好后，他根据这些人的情况又给安排了安排，安排好，他便只能明天早朝。次日早朝，群臣把属派遣官员的事情当成了一件大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便陆陆续续站了出来，仍旧推荐各自的人。 李世民也没有急着做出决定，仍旧让这些人不停的争吵。等他们争吵的差不多的时候，李世民才终于开口，然后把他之前拟定好的情况给说了一下。他这么说完之后，魏王李泰、长孙无忌等人自然都是有点兴奋的，毕竟他们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有一些还是去了蜀做官的。可蜀王李克的脸色有点难看了，自己的封地竟然这样被其他人给趁势而入了，这不是要瓜分他的节奏吗？可这是他父皇的决定，他能怎么办？ 而从这件事情，他也多少明白了他父皇对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父皇似乎并不希望蜀太过稳定，不希望他李克的人掌控整个蜀啊，这让李克很受伤，特别的受伤。可除了心里有怨气外，他也是一点办法没有。退朝之后，群臣陆陆续续的离开。李克回到府邸之后，王洛洛已经在等着了。他把情况跟王洛洛说了一下，然后说道：“父皇竟然这般对我，真是真是让人伤心啊，王先生。” 本王是不是没有机会争夺诸君之位了？此时的李克似乎有点绝望、失落。王洛洛看到李克这个样子，犹豫了一下，然后才终于说道：“王爷，这个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皇位更不是。只要王爷去争，有机会争夺到储君之位，以后王爷可以对圣表达一下孝道，要多做事，少说话。不过除此之外，蜀的情况我们也必须掌控住，不能真的任由那些人在蜀作为，不然王爷在蜀的影响力下降，以后真的要动兵的时候可不好了。” 王洛洛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他们以后有可能是要通过逼宫的方式来得到权位的。而既然要通过这种方式，那他们在蜀的掌控不能松懈了。听到这话后，蜀王李克已经明白过来，道：“如此的话，那我们派人解决了那些去蜀的官员，只要他们还没有到达自己管辖的地方，我们能够在路做掉他们，甚至不等他们进入蜀，可以灭掉他们。杀了这些人，自然没有人去蜀了。”这是蜀王李克的想法。不过王洛洛却是摇头道：“不可。” 为何不可？这些人要杀的话，还是很容易的。王洛洛笑了笑：“杀自然是好杀的，只不过有些事情不是杀了人能够解决的。杀了他们，圣还可以继续派人去数。这么多人，你杀得完吗？而且杀了这些人，圣能不怀疑？那个时候，圣震怒，情况会恶化，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黎克凝眉，心情显然很不好。那怎么办？任由他们去数？王洛洛道：“他们去了数，很多事情自然也不是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只要不让他们再数那般得心应手行了，他们要帮我们管理封地的百姓可以，但他们想做其他的不行。王爷派人盯着是了。李克哼了一声，但还是点头应了下来。暮春来临，长安城仍旧可见姹紫嫣红，只是仿佛清明过后，春便也不浓了一些。算有姹紫嫣红，也不如初春的时候来得让人心旷神怡一些。不过这个时候，已经隐隐能够听到一些蝉鸣了。翠绿的树枝间，有人经过的时候，往往能够惊起几只蝉鸣。 偶尔还会有一些液体落下，那是知了的尿液。而在这个时候，长安城突然下起绵延雨来，雨并不算很大，但是却下得很长，一下要一两天。下了一两天后，天会放晴一两天，但紧接着会又下起来。今年的雨水还是很充足的，不会出现什么干旱的情况。不过现如今正是小麦快要成熟的季节，雨水这样一直不停的下着，显然也不是一件事啊。很多百姓看着这一场又一场的雨，心里有点担心了。 他们只希望小麦成熟收割的时候，雨水不要在这般的充足才好，不然小麦收不回来，于他们而言可不是什么好情况。因而，在长安城有很多庄稼的富商、权贵，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定一些帮工了。所谓的帮工，是一些帮忙割小麦的人。如果到时候天晴的时间很短的话，那他们这些人需要在短时间内将所有的庄稼都给收割完才行，而且收割之后还要尽快的给脱皮，这些都是需要很多的人的。如此的话。 没有人来帮忙，怎么能行？一旦错过了时间，别说他们的庄稼要坏在地里，是下一季的大豆啊、棉花什么的，要种的话也会影响生长。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把棉花队给打好了，棉花也已经发芽，等着收了小麦之后种棉花呢。民间的这些情况，朝廷这边自然是知道的，只是知道归知道，朝廷除了命司农寺的人核算收割时间，督促百姓收割外，其他的任何办法都是没有的。当然。 朝廷的一些当兵的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到时候收割的准备，这是大唐的惯例。如果没有打仗又农忙的时候，这些将士不用在军营训练了，先回家收庄稼再说。忙完这些后再回军营训练。不过这些将士也只是忙自家的庄稼，至于其他人家的庄稼，他们是不管的。哪怕他们的顶头将军家里的庄稼收不完，他们也不会去帮忙收的。所以这个时候，人工变得很重要，而要请一些人工，所需要的成本也很高，但没有办法。 算人工的成本很高，他们也要现在把这些人给预定下来，免得到时候没有人工帮忙。若是没有人帮忙，他们损失的可更为严重了。长安城阴雨连绵，这雨仿佛要一直下下去。长安城的帮工突然变得很紧俏起来，但凡是个强壮劳力，而且在农忙的时候有时间做工的，都会被人给很快预定下来。秦国公府这边也没有闲着，秦天他们家以前就有很多的良田，升到国公之后又多了好多的土地。 以至于现在他们家土地很多，这么多土地那可都是种上了麦子的。一旦在雨天没有收回来，他们的损失可就严重了。麦子坏在地里是一方面的损失，耽误了大豆啊、棉花的种植就又是一方面，两方面的损失对他们来说绝对不容小觑。所以，不管是九公主，亦或者是唐荣、芦花娘，都是派人从各个地方，亦或者是渠道去预定一些帮工，让他们等着帮忙。当然，他们三个只是吩咐一下，真正忙的。 还是福伯，不过这种事情福伯也不敢懈怠，忙里忙外的很是勤快。对他来说，做这些事情也是一种幸福。他能够有今天，靠的是谁？靠的是他家公子啊！每每入夜之后，他心里都觉得暖滋滋的。谁能够想到他福伯也能有今天？在整个长安城，哪怕是权贵见了他，不也得给他几分脸面？以前不敢想啊！所以福伯为秦家做事，那是尽心尽力。有他们秦家的手段。 又有他们秦家的声望和钱财，要预定好足够的帮忙也并非什么难事。在福伯的奔波下，在麦子成熟之前，他们终于把这些帮工给预定好了，足足有千余人。这么多人看起来很多，但真的去抢收的时候也只是勉强可以。如果天气又出现了什么意外的话，恐怕就又要增添人手了。但现在能有这些已经很不错了。而就在秦国公府把这些帮工给预定好的时候，长安城高士廉的府上，高士廉的管家却是一脸的苦相，老爷。 最近长安城的帮工不好找啊，我们高家的土地实在是太多了，想要找到足够的帮工有点困难啊。高世莲也是国公，而且他享受权贵的福利已经很久了，所以就算朝廷对于土地有控制，但他还是能够拥有很多的土地。这么多的土地，需要的人是很多的，只是现如今的帮工那里是好找的。麦子熟了之后，谁家不收小麦？真正能够空闲下来当帮工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啊。听到管家的话后，高世莲的眼眉就拧了起来。 隐隐是有一点不喜的。他高家那么多庄稼，要是坏在了地里，那也是损失啊。现如今这个世道，什么最重要？粮食最重要啊！他们高家没有了那些粮食，今后这一年的日子恐怕要不好过。这么多人等着吃饭呢，而且今年这种情况，粮食的价格可能会攀升。怎么着，他都得把自家的粮食给收回来。给我去找帮工啊！来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管家一脸苦相道：“老爷，找不到了，能找到的帮工都被其他人给抢走了。” 还怎么找啊？那就把那些帮工给我抢回来。说到这里的时候，高世廉突然顿了一下，紧接着他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晴天的家里是不是也需要很多帮工？如果他把晴天的帮工给抢回来，那晴天的庄稼岂不是要被毁了？让晴天损失惨重，想想都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兴奋的事情。那晴天的人可有预定帮工？预定了，而且听说他们预定了千余人。这么多人，他们家的庄稼要收完，勉强是可以的了。听到晴天的府上竟然把帮工给预定好了。 高世廉对之就越发的怨恨起来。凭什么秦天的人能够把帮工给预定到，他们高家却不能？他的心里有点不平衡，有点不是滋味。而他刚才的那个念头突然变得越发强烈起来。管家，你去找到秦家预定的那些帮工，答应给他们更高的价钱，让他们来帮我们高府做事。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穷人，只要给他们足够多的钱，要他们背叛秦家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件事情你可能做好。听到要抢秦家的人，那个管家浑身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那可是晴天啊！他家还有九公主，跟这样的抢人，就算抢到了，后果只怕很严重吧？一想到这个，他就感觉浑身发凉，难受的要死。可他家老爷非得跟晴天作对，他这个做管家的也是一点办法没有，连忙就应了下来，道：“老爷放心，这是我能够给老爷做好。”对于自己府上的这个管家的能力，高世莲还是很认可的。如今既然管家这样说，他多少也有点放心。好，给我好好做，做好了，少不了你的赏赐。 多谢老爷，高世莲这样跟自己的管家说完之后，心里就有点乐了。这可是挖墙脚的事情啊！当然，挖墙脚不足以让他这般的兴奋，让晴天吃瘪才让他兴奋。想到晴天从蜀中回来了，发现自己家里的庄稼都没能收回来，那个时候晴天的表情一定会特别的难看吧？哈哈，高世莲想起来就想笑。而高世莲在府上得意的时候，他的管家已经找到了那些帮工的领头人。这些帮工四处分散，都是有人领着的。这样的话。 可以提高效率，很多权贵要找人帮忙，也是找这些人。这些人帮这些权贵找到那些零散的帮工，这样权贵省事，这些领头的人也可以从中抽成，多赚一些钱财来。秦家这样的领头帮工有二十几人之多，高世莲的管家把这些领头的人给一个个的分析了一下，觉得那些人好收买，那些人不好收买。这样分析过后，他便开始行动了。而他找到这些帮工之后，也没有说什么废话，直接就把钱给拿了出来。 而且是比他们在秦家做工要多得多的钱财，人都是贪心的，在看到这么多的钱财之后，谁还能不动心？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是过苦日子的人，他们更渴望钱财，有更多的钱可以赚，他们干嘛要去赚那个少的？晴天的面子很大吗？大也不能当饭吃啊！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世上，钱财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很多人也会为了钱财而违背自己的初心、自己的良心。那些之前答应帮秦家收粮食的人。 很大一部分都纷纷的投靠了高士廉，而就在他们投靠高士廉后没多久，秦家这边就已经得到了消息。管家福伯急匆匆的见到了九公主他们，此时的福伯神色紧张，一头的汗。公主殿下，夫人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能够让福伯如此的事情，他们已经很少遇见了。看到福伯这个样子，他们这些人也不由得担心起来。福伯，出了什么事情？寇公子询问，福伯这边连忙说道：“公主殿下。” 那高世廉的管家把我们预定的帮工都给抢走了，现在我们秦家的帮工少了一半，想要在小麦成熟之后快速的收割，怕是不可能了呀。这样一来，我们的损失严重了。听到福伯这话之后，九公主的眼眸顿时就凝了起来，紧接着她整个人也都站了起来，道：“高世廉的管家把我们的帮工给抢了。是啊，那高府的管家给了那些帮工更多的工钱，那些人见利忘义，然后就都背弃了我们，实在是可恶啊！我去找那些帮工说理。” 可那些帮工根本就没有在帮我们做事的意思啊！他们，哎，福伯很恼怒，恼怒的只能唉声叹气。九公主和唐荣他们却是已经气得不行，可恶，高府竟然敢这般挖我们秦家的墙角！我要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九公主说着，立马就叫了一帮人来，随我去高世莲的府上。他这么说完，唐荣和芦花娘也都连忙跟了去。他们的男人不在家，如今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也就只能他们出头了。而那高世莲以为他们的男人不在家。 他们秦家就好欺负，那他把事情想的也太简单了一些。一行人跟着九公主，很快来到了高世莲的府上。而此时，高世莲的府上大门紧闭，根本就没有丝毫要开门的意思。看到这种情况，九公主喝了一声：“给我把门撞开！”一声令下，九公主身后的人不做迟疑，立马便拿着工具开始撞门，轰隆隆的声响不绝于耳。府内，高世莲的管家额头冒着冷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担心秦家的人会来算账。 现在他的担心成真了，秦家的人果然来算账了。秦家的人那里是好欺负的，高府管家胆战心惊，连忙叫来了府上很多的家丁，给我拦住他们，给我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冲进来。这样喊过之后，他又连忙去找高世连，老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高世连在书房处理事情，听到管家这话之后，脸色就有点难看，道：瞎嚷嚷什么？老爷，大事不好了啊！秦家，秦家的人在九公主的带领下。 来算账来了，他们好生的凶猛啊！听到九公主带人来算账，高世莲倒是紧张了一下，但随之就又哼了一声：“没用的东西，这有什么好怕的？我们也没有犯法，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这高世莲不害怕，但他的管家却是害怕的不行。高世莲看他这个样子，又是骂了一句：“道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用钱请来的帮工，有本事他出更高的价钱啊！”说着，高世莲起身向外面走去，而他刚来到前面。 秦府的人就把高府的大门给撞开了。大门撞开之后，九公主带人闯了进来。高士廉看到自家大门都被秦府的人给撞坏了，脸色就越发难看起来。私闯府邸可是犯法的呀！高士廉望向九公主，而此时九公主却是呵呵一笑：“高士廉，别跟本公主说什么犯法不犯法。今天本公主闯了你的府邸，你有本事去皇兄那里告状就去那里告状。今天本公主来就只是讨要一个说法。你们的管家在那里，给我站出来！” 高府管家站在高士莲后面，战战兢兢，却是不敢上前。高士莲冷哼一声，道：“公主殿下，未免也太跋扈了一些吧？”九公主眼眸一凝，这是本公主最后一次说这话。高府管家何在？这话落下之后，九公主身后的那些清军侍卫突然拔出了刀。他们都是朝廷专门给公主配的侍卫，权力很大，功夫也很高。毕竟作为朝廷的公主，安全还是很重要的。这些人拔刀之后，整个高府的气氛都变得凝重起来。 高世莲眼眸凝着，在考虑要不要跟九公主硬碰一下。如今这种情况，如果硬碰的话，九公主身后的那些人应该会动手吧？这些人动手，他高府少不得见血。公主有跋扈的资本，跟公主这般硬拼可不是好事。想了想后，高世莲暗示管家上前，他倒要看看九公主能把他高府管家怎么样。看到高世莲的暗示之后，管家就有点欲哭无泪，可他又没有选择，只能上前了几步。他这么站出来后。 九公主突然吼道：“给我掌嘴！”话音落下，立马有两个人冲了出来。那管家一看这阵仗，顿时吓坏了，连忙喊道：“老爷救命！老爷救命啊！”高世廉脸色难看，九公主在自己的府上教训自己的管家，这分明就是在打他的脸啊！这事要是传出去了，那高家的脸面往哪放？九公主，你这样做是不是过分了一些？九公主哼了一声，惹怒了本公主，本公主连你一起抽。这话有点霸气。 却也深深的伤了高世廉的自尊。他一个国公，谁敢说抽他？可现在的九公主就是敢。他犹豫了，如果真的被抽了，他能怎么样？九公主，他可不敢怎么样的。而被抽了之后，他高世廉就不用去见人了。犹豫了一下之后，高世廉还是决定不管，任由九公主出气。反正九公主出气之后，他还是召唤不回那些帮工，他就等着一段时间后秦家的庄稼被毁吧。高世廉没有再袒护高府管家。 九公主的人上前就是啪啪啪的抽打了起来，高府九公主的人对着高府管家就是一阵乱抽，抽打的声音很响，啪啪啪。而这些人抽打过后，高府管家整个人的脸都快肿成了猪头，他的嘴角更是流着鲜血，他整个人都是猛的。那些人停止抽打之后，他感觉天旋地转，直接就扑倒在了地上。高世莲看着眼前的一切，却是忍着没有动手阻拦。九公主哼了一声，这就是找我秦家的麻烦。 你胆子也真是大，连我秦家的帮工都敢抢。再有下次，我直接打残废你。说着，九公主抬头看了一眼高世廉道：“高大人是不是很不服气？”高世廉沉默不语，眼神中带着愤怒。九公主呵呵一笑：“不服气就去找我皇兄告状去。不过你也不会再有下次。若是有下次的话，我杀了你。”大唐的公主跋扈，从九公主这里就算是开始了。九公主说完之后，带着自己的人转身离开。 高世莲看着他们的背影，气得啪的跺了一下脚。他这么跺脚之后，整个人都感觉骨头是疼的。哎呀，你你们欺人太甚！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好看，让你们好看！哎呀，高世莲正说着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哎呀呀的叫着。他低头一看，见是管家。而此时管家的脸已经肿得不成样子，让高世莲都差点没有认出来。老爷，替小的报仇，替小的的报仇啊！高世莲道：“放心吧，你的仇我会帮你报的。” 来人，府管家回去看病，给他找最好的大夫。今天这顿打也算是高府的管家帮他高士莲给挡下的，如此找好一点的大夫也是应该。而他这样吩咐完之后，便直接向皇宫赶去。今天九公主打了他的人，他自然是要去皇宫跟李世民说一下的，不然他高府的脸面可就真的没有了。九公主带着人离开了高士莲的府上，唐荣好奇问道：“公主殿下，我们不让高士莲把那些帮工还回来吗？打人只能出气。” 但找到帮工才能够解决他们地理的问题啊！唐荣这般询问过后，九公主道：“那些帮工给任何人做事都是可以的，他们不想做，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甚至都没办法将高世连怎么样，他们只是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但并不犯法。一件物品，他们想怎么卖都行，谁还能让他们强行买卖吗？”在九公主看来，既然他们已经知道讨不回那些帮工，开口说这些也就没有了什么意义。来一趟高府，将那个管家打一顿就行了。福伯，这段时间怕还是要难为你了。 把能找到帮忙的人都给找一下，秦家村那边谁若是有空，也都让他们来。福伯点点头，我尽量去做，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离收麦子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此时哪怕是福伯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把他们需要的帮工给找齐。皇宫御书房，最近李世民的事有点多，朝廷内外各种事情让他忙得不可开交。而就在李世民在御书房忙着的时候，一名工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圣上，高士廉高大人求见。” 听到高士廉求见，李世民有点意外。这个时候，高士廉来他这里做什么？让他进来。工人领命退去，不多时便把高士廉给领了进来。而高士廉进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显得很是委屈，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掉落下来。看到高士廉这个样子，李世民越发好奇，道：“高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李世民一问，高士廉扑通就给李世民跪了下来，道：“圣上，您可要替臣做主。” 要替臣做主啊！臣臣被人给欺负了。哦，在这长安城还有人敢欺负爱卿你吗？李世民很奇怪，又问道：“谁欺负你了？”高士廉抽了抽嘴，道：“回圣上话，是九公主，她带着人把我高府的大门给撞破了，还当着臣的面把我高府的管家给抽打成了半死。臣那里敢招惹公主殿下，也只能任由公主殿下胡闹下去。”高士廉越说越委屈，好像整件事情就是九公主在无理取闹，在找他们高家的麻烦。 只不过李世民听完之后，却是神色微动。以他对九公主的了解，九公主虽然有时候很跋扈，谁的面子都不给，但她却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九公主做出这等事情里，怕是事出有因啊！李世民看了一眼高士廉，道：“高爱卿，那九公主为何要做这些事情啊？”“这个，这个，这个正好调查出来。”高士廉额头微冒冷汗，连忙说道：“最近长安城天气不怎么好，大家都在找帮工帮忙。我高府的管家。” 把九公主家里的一些帮工给请到了我们这边来，毕竟我们给的价钱高嘛，他们都愿意来给我们做事。九公主知道之后便很生气，可这有什么办法？这种事情谁出钱高，那些帮工就给谁做事吗？他们有本事也出高价钱啊！臣这真是委屈死了，请圣上为臣做主啊！高士廉这话有很大一半都是真的，唯一假的地方便是那些帮工本来已经答应给秦家做事了，是他们挖了人家墙角抢过来的，但他这样说，给人的感觉却好像全都是真的。 李世民初听的时候也觉得九公主这样做有点过分，但仔细想过之后又觉得不对。这生意竞争的道理，九公主不可能不懂。就因为竞争不过，就去高府打人，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吧。不过李世民也没有点名，只是哦了一声，道：“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朕知道了。爱卿，你先回去吧。这事朕会教训九公主的。”圣上怎么？朕有说错？高士廉一愣，紧接着连忙摇头道：“没错，臣臣告退。” 今天的这场告状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的，至少高士廉很不满意。李世民只是说教训九公主，可没说惩罚，这就等于是敷衍了事了。偏袒，实在是偏袒。初夏来临，长安城不时的下雨，天气倒也不算多么的炎热，不过知了却是比往年来的更早，也更为迅猛了一些。长安城到处可闻蝉鸣，兴许是下雨过后，蝉蛹蜂拥爬出来的缘故。而就在这样的时节，晴天带着他的人终于从蜀中回到了长安城。 他们回到长安城的时候，长安城正下着初夏的一场雨，雨不算很大，但也不小。晴天等人冒雨前行，入得长安城后，便直接来到了皇宫大殿。入得大殿，晴天便将蜀中的事情给说了一下，杀两名官员的事情，他也说了一下。圣上，臣入蜀中之后，便开始寻找屠龙会的线索。本来，若当地的那两个官员积极配合，臣可能早就将屠龙会给绳之以法了。不过，他们不仅没有配合，还多处阻挠微臣办案。 以至于让微臣错过了最佳时机。而经过臣的调查，这两名官员跟屠龙会很有可能是有一些勾结的。当时他们仍旧想要阻止微臣办案，微臣没有办法，只能先杀了他们。不然若是跟他们耗着，那屠龙会藏匿起来，可就灭不掉他们了。那个时候，剑难道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说到这里，晴天顿了一顿，倒幸好有圣上保佑，臣最终还是灭了屠龙会，幸不辱命啊！晴天这样说完，朝中群臣面面相觑。 本来还有人想要再拿晴天杀朝廷命官的事情说事，可一听晴天这话，他们都不敢站出来说了。晴天都把那两个人当成是屠龙会的人给杀了，那他们还说这个，岂不是有跟屠龙会是同谋的嫌疑？这其中，蜀王李克是最想弹劾晴天的，可现在他也不好说什么了。那两个官员可都是他的人，如今晴天诬陷他们跟屠龙会有关系，万一他父皇派人去调查的话，岂不是要查出那些人跟他的关系？如此。 少不得会有人怀疑屠龙会就是他李克给弄出来的，蜀中就是他的封地，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怀疑也是正常啊。如此的话，他也就不好再在这件事情上继续闹下去了。李世民听完秦天的话后，点了点头。秦爱卿为我大唐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如今能够灭掉屠龙会，实在是大功一件。赏！李世民刚要说赏，一名官员突然站了出来，到圣上，臣有疑问。这个官员打断了李世民的话。李世民眼眸微动。 到爱卿有何疑问？”这个官员到秦大人灭了屠龙会，只是不知屠龙会为何要与我朝廷为敌啊？”听到这个，李世民也有点好奇：好端端的屠龙会为何要与朝廷为敌？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晴天。晴天心里苦笑：屠龙会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本身就是反朝廷的人，他们不为什么，就是想跟朝廷作对。这些人做事不需要理由，可这个晴天能说吗？如果他这样说了，朝中的这些官员都不会相信的。到时候。 他们怕也不会相信他晴天真的灭了屠龙会，他们会以为晴天只是灭了一些小盗贼，然后把这些小盗贼当成了屠龙会的成员，以此来哄骗他们。有时候真话说出来并不一定就是好的，比如说现在的情况。晴天只是停顿了片刻，然后便开口说道：“圣上，这些屠龙会是以颠覆我大唐为目标的，他们就是想杀光我们大唐的官员，然后将我大唐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若是任由他们这样发展下去，让他们在我大唐十道都有分舵的话。” 那我大唐可就真的要遭殃了。幸好他们刚在剑南道冒头，就被我朝廷给灭了呀。屠龙会并没有这个意思，他们就只是想跟朝廷作对。但说他们以颠覆朝廷为目标，好像也没有错。秦天这样说完，朝中不少人都不由得有一些不寒而栗。而李世民则是凝眉冷哼了一声：“这些屠龙会还真是好生猖狂，幸亏秦爱卿灭了他们。你是我大唐功臣，朕要好好的赏你。”李世民说了一下对秦天的赏赐。这一次已经没有人再来打断李世民的话了。 晴天已经把屠龙会的目标说出来了，他们这些人也找不到借口反驳。而且听晴天的意思，他这一次可是立了大功的。他们再说，就算晴天没什么，李世民都要生气了吧？一个立了功劳的人还被人质疑，李世民能不生气吗？众人只觉得晴天有点不要脸，怎么能这样夸自己呢？朝堂上群臣这样嘀嘀咕咕的，又说了一些事情。这样说完之后，李世民才终于宣布退朝。退朝的时候，雨已经下得更大了一些。 很多官员都只能坐着马车回去。晴天他们来的时候都是骑马，现在他们要回家，可就有点麻烦了。晴天跟秦武、罗皇他们站在皇宫门口，颇有点无奈。高世廉出来之后，直接坐上了马车，而他坐上马车的时候，还不忘扭头看一眼望雨心叹的晴天等人，紧接着忍不住露出了一些得意的笑。反正看到晴天不爽，他就觉得很爽。如今这么大的雨，他倒要看看晴天怎么回家。不过，就在高世廉得意的时候。 程咬金等人从后面走了出来。秦小子，坐你程叔父的车，我送你回家。反正我们几个都是到要去你府上蹭酒喝的。你小子一段时间不见你，可把你叔父我给想死了。老程，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上车走人。这晴天府上的好酒，可好久没有开坛了吧？今天我们非得喝个不醉不归才行。没错，没错，今天必须喝好了。走走，一群人那里管晴天同意不同意，拉着晴天等人就上了马车，然后扬长而去。 他们这些人的马车，那一个不是宽敞的不行，坐几个人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坐上之后，就这样向晴天府上赶去。晴天表面含笑，心里却是把这一群人给骂了好大一通。自己许久没有见自家娘子，回去之后少不得做点事情。这些人真是不通情理，这不是专门坏他事情的吗？雨还在哗啦啦的下着，仿佛永远都不会停歇。晴天坐在了程咬金的马车里，两个人就这样走着。刚走没多久，程咬金突然叹了一口气，听到这个。 晴天有点好奇，道：“卢国公为何叹气啊？”程咬金道：“有人欠揍，很欠揍啊！”晴天不解，问道：“谁欠揍？”卢国公如果觉得那个人欠揍，直接揍他就行了呀。程咬金翻了个白眼，这事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高士廉这家伙不厚道，竟然派人挖了你们秦家的墙角，把你们秦家的帮工都给挖走了。眼看着小麦成熟要收割了，你家帮工不够，可是要损失许多的。还有这事，晴天有点意外。 他没有想到自己离开长安城后，他们秦家竟然还发生了这种事情。只是九公主他们怎么没有写信告诉自己？如今发生了这个，他们秦家的情况怕是不妙吧？当然有这事，你说这高世莲是不是欠揍？要不我们拦住他，揍他一顿？程咬金这显然是唯恐天下不乱。那高世莲是能随便揍的吗？思虑片刻之后，秦天浅浅一笑，原来还有这事。不过卢国公不用担心，不过就是庄家而已，还是好弄的。 我没有收到九公主他们送来的信，想来他们已经又找到了人。晴天很自信。程咬金撇了撇嘴，找到是又找了一些，但是不是够，可就不好说了。说着，程咬金又问道：“你真不去揍高世廉？晴天哭笑不得道：“不揍，揍他做什么？脏了我的手而已。”见没有好戏看，程咬金多少有点意兴阑珊，撇了撇嘴道：“你小子胆子是越来越小了。”晴天耸耸肩，没有反驳，他可不想被人当猴耍。 一行人冒雨回到了秦国公府，九公主他们早已经在等着了。只是看到程咬金、尉迟恭他们这些人也都跟着，他们有点意外。不过作为家眷，他们还是很给晴天面子的。只是跟晴天打了个招呼后，便又去了后院。前院这边，晴天命人拿了一些好酒好菜来招待程咬金这些人。他们一行人坐下喝酒，倒也没有说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一群人这样喝了一通之后，程咬金他们也还算识趣，没有拉着晴天一直聊。酒足饭饱后。 他们便纷纷起身告辞起来。这个时候雨还在下，送走了程咬金等人，晴天便去了后院。这个时候，九公主他们已经在等着晴天了。相公，几个人立马扑到了晴天的怀里。几个月不见，他们心里是真的十分想念的。晴天就是他们的一切啊！晴天左拥右抱道：“相公可想死你们了，来，让相公好好疼爱你们一番。”说着，晴天的手就有点不怎么老实了。九公主他们虽然早已经习惯了晴天如此。 但突然遭到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点羞涩，不好意思。哎呀，相公，坏，晴天坏是坏，但却坏的他们喜欢。在这样的雨天做点羞羞的事情，还是让人很心旷神怡的。几个人一番缠绵过后，晴天突然问道：“听说那个高世莲把我们秦家的帮工给抢了？”见晴天询问这个，九公主点了点头：“是啊，那高世莲还真是好大胆子。不过我已经派人抽过他们的那个管家了，高世莲多少给他一点面子，没有动手。”这个。 晴天从程咬金的嘴里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所以并不是很在意。他只是又问道：“福伯又找到帮工没有？”“找到是找了一些，不过还差一些啊。而且，就算我们能把粮食给抢收了，但是要把粮食给拖子也不容易。总的来说，今年的损失肯定是会有一些的。损失什么的，晴天他们也不是很心疼在意。只不过庄稼已经种上了，就因为高世廉挖了他们的墙角，就让他们有了这些损失，多少让人觉得不是很甘心。”晴天想了想，道。 不急，粮食只要能收回来就行了。收回来后，托子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一般来说，粮食收回来后还必须尽快托子，这样麦子才不容易坏掉。不然麦秆就这样堆在一起，很容易就会发热发霉。人数少的话，收回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托子恐怕就麻烦了。相对来说，托子比收还要麻烦，还要费劲。不过晴天却是想到了一个东西，可以让他们快速的托子，甚至只要麦杆拉回来了，他们就可以搭建一个棚子，在里面慢慢的托子。 雨什么的，自然不用担心害怕。不过晴天并没有说自己怎么解决。好在九公主他们对晴天早已经熟悉的很了，所以也没有多问，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晴天说了这话，那他们只要等着就行了。等他们把粮食收回来后，晴天自然有办法给粮食脱子。几个人就这件事情简单的说了一番后，紧接着就又是一番大战。几个月啊，可把晴天给憋坏了。长安城的雨还在下，晴天回来之后，便只是在房间里研究脱子的机器。 对于其他事情都没有怎么在意，所以看起来秦国公府就是有点风平浪静的。而这个时候，高世廉一直派人注意着秦国公府，他生怕晴天想出什么办法弄到帮工来。晴天这要是弄到了帮工，他之前的那些计划岂不是就泡汤了？不过他的人回来说，晴天并没有去找什么人，福伯也没有再找，想必他们已经认命了。听到这些之后，高世廉有点意外，因为以他对晴天的了解，晴天应该不是那种会坐以待毙的人。可秦国公府没有动静。 那晴天显然也没有想什么对策弄到人啊，他把问题的关键放在了人上面，所以他并不知道晴天的真正目的，而这个让高世莲觉得自己的计划是成功了的。好，好啊，晴天，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我倒要看看你能多么了不起。没有人，你秦家的庄稼也得给我毁在地里。哈哈哈,哈，我高世莲终于赢你了一次，晴天，你个王八蛋！长安城的雨终于停了，天气放晴的同时，风也肆虐了许多，阳光，大风。 这些东西让地里的小麦很快干了许多。这个时候，每天往地里看庄稼成熟与否的百姓也就多了起来。至于那些大户人家，更是频繁的派人去庄稼地里查看。一旦看到那块土地可以收割了，他们就会立马派遣下人去收割。小麦的成熟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当一户人家开始收割的时候，其他人家也就不再有丝毫的停留，都开始急匆匆的收割起来了。这个时代，收割小麦的工具不多，也不怎么先进，就是镰刀。 收割小麦的话，就是那些帮工，亦或者是下人、雇农，他们拿着镰刀去地里进行收割，然后再用马车把小麦拉到专门的场地进行托子。一般来说的话，收割麻烦，托子更麻烦，托子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收割的时间还要长。当庄稼开始收割之后，整个长安城外的庄稼地里都是热火朝天的了，那些百姓、雇农什么的都在拼命的干着。这个时候，庄稼的主人给的价钱不少，而他们拿了高价钱。 肯定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给割完的，不然他们的工钱就得被克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这些帮工什么的，已经歇息了好多天，就只为了这几天，所以哪怕割小麦很累，他们也能够坚持。毕竟只是忙这几天，可是他们的工钱却是比他们干其他工作一个月的工钱还多啊！农民嘛，赚钱有时候也就全靠这一段时间了。大家都在不停的收割、忙碌，马车在田间地头来来往往。 百姓抱着一捆又一捆的庄稼进进出出，长安城外热火朝天，忙得不可开交。天晴之后，天晴转热，让人隐隐觉得闷得慌。晴天的府上此刻也没有闲着，他们的帮工不多，加上他们府上的一些下人以及秦家村的村民，根据他们的估计，在下一场雨来临之前，他们差不多是能够把庄稼给收割完的。而他们的速度比其他人可能要慢上两三天，两三天的时间差别可能就已经很大了。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 其他人可能已经把庄稼收完，然后脱子了，而他们慢的这两三天，对他们来说是有很大影响的。秦家的人开始忙碌，这个时候连九公主他们都到了田间地头，他们倒不用下手去收小麦，这种事情让他们做，他们也做不来。但给这些帮工带一些水和食物什么的，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些剩下的帮工都是对他们秦家很忠心的人，这样的人，九公主和唐荣他们自然是不能寒了这些人的心的，所以饭菜什么的管饱。 工钱除了说好的外，在这些工作做完之后，他们还会再额外给他们一笔钱。这是唐荣昨天晚上提出来的。九公主听到之后也是认同的。其实他们这些人中，要说最是通人情世故的，非唐荣莫属。九公主出身皇室，身份高贵，对于一些事情自然是不怎么在意的。芦花娘出身世家，比之九公主也差不了多少。只有唐荣出身小户人家，对于一些底层百姓的想法最是清楚，也最是心疼这些底层的百姓。 这些百姓为了他们秦家做了这些苦力，给高一点工钱是十分应该的。而除此之外，再给一些补贴也是应该。秦家的人在抢收，与此同时，一些把庄稼抢收回来的其他人已经开始脱籽了。这个时代要给小麦脱籽，办法并不是很多，最为常用的就是人为的用棍棒去敲，将麦子给敲出来。有的则是揉，而家境若是好一些的，就用石滚子来碾压。而要用石滚子碾压的话，就需要有牛或者马才行。一般的权贵。 富商都是用的这个办法来抢收，找一块很大的地方，将地面碾压的硬实一些，然后把麦子铺在地面上。这个时候就可以找来很多的牛马，拉着石滚子在小麦上来回的碾压了。这样碾压之后，翻过来再碾压，如此两遍之后，就可以将那些麦秆给挑起来了。这个时候的麦杆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小麦了，小麦都落在了下面。不过与小麦一同落的还有许多的麦皮。想要得到干净的小麦，就要接着风来扬一下小麦，将其他杂物与小麦分离。 这些又是一个很大的功臣，这样弄完之后才可以得到干净的小麦。如果这个时候已经做完了，天还是好的，就可以把小麦再晒得干一些，然后放进仓库里面，这样不容易发霉。长安城内权贵很多，找到了很多帮工的也很多，所以人多的话，自然就可以更快的收割。很多人还在收着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在给小麦脱子了。而事情也的确就是这个样子。晴天他们家的人还在匆忙的进行收割的时候，很多人家已经把小麦收完，开始脱子了。秦家的人。 比如福伯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就急得不行，同时也十分的气愤。他奶奶的，当初要不是高世连的管家挖我们的墙角，我们现在也把粮食给抢收光了。可恶！公主殿下只是抽他个半死，真是便宜他了。没错，没错，就应该直接废了他。好了，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这些人心里很不舒服，仿佛憋着一口气。可不舒服又能怎么样？现在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赶紧干活了。而就在他们这些人干活的时候， 高世连站在自家的田间地头，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得意。他已经得到了消息，晴天的地里还有一小半庄稼没有收呢。等他们收完，怕也已经要下雨了。那个时候，粮食不脱籽，就等着被坏掉它吧。可他家的就不一样了，他家的已经收完了，现在就已经在脱籽。不出意外的话，大雨来临之前，所有的小麦都脱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晴天，你不是很厉害吗？现在你的庄稼要毁了，我看你怎么厉害！哼！天色开始变得阴沉起来。 仿佛一场大雨将至，长安城外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一下子变得慌乱而忙碌起来。收麦子的越发的快了一些，田间地头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高士廉抬头看了一眼欲雨的天空，有点凝眉。现在他家的粮食还没有脱籽结束，很多都还在地面上铺着压呢。若是来一场大雨，他们那里收的及时，那样的话被毁掉的粮食可就多了。当然，高士廉也知道，相比较那些连收都没有收回来的。 甚至一点都没有脱子的，他的损失要少很多，但他的心里可是一点都不想损失。而且，万一这场雨下的时间很长，那情况于他们就更加的不利了。高世连很忧伤，为何这雨来的这么急？就不能晚两天来吗？只要再给他两天时间，他就差不多可以脱子成功了。可现在一切都生出了变数。不过，想到晴天的庄稼连脱子都没有，他的心里又多少平衡了一点。人嘛，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与人比比，然后心里。 就会舒服很多。他知道晴天的庄稼现在都还没有收割完呢。现如今这种情况，他看晴天怎么办？晴天站在自家的田地上，他家的很多庄稼都已经收割了，现在就只剩下了几百亩地。按照他的计算，明天差不多可以收割完，但这场雨只怕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要下下来了。若是不能抢收，几百亩的庄稼可就要毁了呀！当然，全部毁了倒是不可能的，但肯定是会毁掉不少的。晴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有办法将收回去的庄稼都给很快的拖子了，但是把地里的庄稼给快速收割，他却是没有什么办法的，除非能有更多的人来帮忙。这样的话，在大雨来临之前，他的这些庄稼差不多是能够收到家的。可现如今，其他人都在忙，他那里还能找到人帮忙？放眼望去，其他人家的庄稼可都收的差不多了，就指他秦家的还剩下好大一片。秦天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可就在他准备收回视线的时候，远处突然有些嘈杂，紧接着。 他便看到一群人向这边走了过来，这一群人都拿着镰刀，领头的赫然是程处默和秦怀玉。他们看到他们之后，秦天的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暖意来。秦大哥，我们的庄稼都已经收割完了，我带来了几百人来帮你收割庄稼，我家的也收割完了，这几百人也给秦大哥你用，我们的也给秦大哥用。这些人加起来有上千人，要收这几百亩地的话，应该是很快了。秦天笑了笑，啊，那我就多谢诸位了，放心。 等这些粮食收回家后，每个人都能领到额外的一贯钱报酬，算是我答谢诸位的。听到收割完这些粮食就能够拿到一贯钱的报酬，这些人顿时就兴奋起来。一贯钱啊，那可不是小数目。而程初墨等人听到这个时候，又不由得苦笑了一下。一个人一贯钱，这一千来人，那可是一千贯钱啊！这个钱足够顶他们的损失了。秦天这样做，显然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嘛。不过他们秦大哥乐意，他们也不方便说什么。程初墨更是率先喝了一声。 好了，也都别愣着了，都给我下地干活去，赶紧的，这雨眼看着就要下了。程初末喊完，那些人立马都疯狂的涌进了田地里，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几百亩其实是很多的，不过一下子加入了一千来人，再加上晴天他们家以前就有的人，他们分一下的话，一亩地差不多有五六个来帮忙，五六个人割一亩地，那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众人疯狂的割着小麦，晴天和程初末他们站在田间地头也没有闲着。 他们还要指挥一些人把割好的粮食给装上马车呢，然后把这些粮食都给送到他们开辟的一处高地上。他们在那里可是弄了好多很大的帐篷，用来安置那些收割好的小麦的。大家陆陆续续的干着，天空之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惊雷，眼看就要下雨了。不过在这场雨到来之前，秦家田地里的庄稼总算是收割完了，而且也都陆陆续续送到了他们安置粮草的地方。就在他们把这些粮草安置在一个个很大的帐篷里的时候。 天空之中突然哗啦啦的就下起了大雨来，大雨很大，来得迅猛，仿佛要把整个天地都给淹没。晴天让那些人都赶紧回去，等天晴了之后来这里领他们的一贯钱赏钱。这边晴天他们也没有急着对这些小麦托子，而是坐着马车往家赶了起来。秦大哥，这粮食虽然收回来了，可还没有托子呢，不托子就这样放着，更容易发热，更容易坏啊。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程楚墨他们虽然收割的早。 但是没有脱子的粮食还是有很多的。如今大雨突然袭来，他们的情况也不是很妙啊。晴天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笑了笑：“放心吧，我已经研发出了一种脱子机，如今正人在加紧制作。等制作好了，脱子将会变得很容易。那个时候，我们在帐篷里面就能脱子，完全不用受到大雨的影响。”听到这话，程初墨他们可是没有丝毫的迟疑的：“我就知道秦大哥有办法。这样的话，我们的粮食可就都有救了。”“没错，没错。” 还是秦大哥厉害。他们这样说着的时候，心里都有点庆幸今天的选择。若是他们没有来帮忙的话，他们要用拖子机也不好拉下这个脸面吧。但现在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想用的话，跟晴天说一声就行了。一行人兴奋地回家，而这个时候，有关晴天的庄稼被收割完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高世莲这里。什么？都收割完了？这怎么可能？他们的人手不够啊！高世莲很惊讶，就晴天的那点人，不可能收割完的吧？ 至少还要大半天的时间才行吧，老爷，程处墨他们这些人帮忙，所以就收完了。什么？可恶！长安城的雨哗啦啦的下着，并无丝毫停下的意思。而长安城的那些权贵此时都着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没办法，庄稼是收回来了，可现在都在堆在了一起。这雨要是一直下，他们的粮食非得发霉不可。那个时候打出来的小麦肯定是不好的。可如果能够脱籽的话，情况相对就会好很多了，至少不那么的闷热啊。 可下着雨，他们想脱子也没有好办法。当然，笨方法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人为的搓，在帐篷里用手搓。不过这个办法笨到了极点，对于那些有很多庄稼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晴天这里却是没有太大的担心。就在这场雨下了一天，雨势不是那么大的时候，二十几辆马车拉着一个庞然大物，浩浩荡荡的出了长安城，直接去了晴天他们设在城外的卖场上。他们这样赶去的时候，长安城的很多人看到之后。 都很奇怪，怎么这个时候秦国公府的人还要出城去啊？看样子好像是要去卖场啊。不过这个时候下着雨，去卖场也没什么用啊。是啊，他们马车上拉的那些东西是什么？看起来好生的庞大，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不过倒是前所未见啊。嗯嗯，百姓们议论纷纷。晴天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则很快到了长安城外的卖场。此时的卖场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帐篷，他们收割好的粮食都在帐篷里面避雨。不过麦子太多。 所以把帐篷都给挤得满满的。来到卖场之后，晴天命人将那些脱子机都给弄到了帐篷里面。这些脱子机体型是有点庞大的，进入帐篷之后，帐篷都显得小了许多。公子，这东西怎么用啊？一切都弄好之后，福伯有些好奇的询问了一句。晴天笑了笑，看到这个口子了没有？将这些麦杆都从这个口子里面扔进去。这里有一个转动的齿轮，到时候利用风车将齿轮给转动起来，然后粮食和这些麦杆就会分离开来。 这样的效率可是很高的，这么多粮食，不停的干，两天差不多就能够脱子完成了。如果天气好的话，他们在外面压也差不多需要两天的时间。不过天气不好，这场雨也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而且就算雨停了，也得等地面干了之后才能够继续压，这其中浪费的时间可就多了，没有五六天恐怕是不行的。但他们这样的话，两天就做完，已经算是很快的了。听到晴天这话后，福伯就有点跃跃欲试了，跟着他们家公子，他可是见过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的。 而且对于他们家公子做出来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怀疑。他家公子说可以脱籽，那肯定是能够脱籽的。公子，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下吧。晴天点,点点头，开工。一声令下，外面的风车已经开始转动了。在这样的雨天，风也是很大的，风车不停地转动，里面的脱籽机也随之转动起来。那些下人将麦秆从那个洞口扔了进去，这样扔进去后，听到噼里啪啦的声响，紧接着下面的一个口子里就有小麦落了下来。他们在下面垫了一块布。 小麦很快落到了不少，而另外废弃的麦秆从另外一个地方落到了另外一面。脱籽机不停地转动，粮食就不停地落下。众人看到这一幕后，都震惊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真的脱子了！这机器这么厉害，不敢置信，不敢置信啊！这脱子出来的小麦也太干净了吧，就不用封阳了，干净，真是干净啊！公子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效率高得很啊！我们两天时间肯定是能够把所有小麦都给脱子干净的。没错。 没错，等脱子之后，小麦就可以在这里晾着了。天晴了，再稍微晒上一两天，就可以入仓库了。这样的话，今年我们的粮食可是一点都没有损失啊！没错，没错，还节省了不少时间呢！厉害，厉害！一群人兴奋地说着。晴天浅笑，又安排了几句话后，便把这里的事情全部交给了福伯，他则又急匆匆地赶回了长安城。现在他只需要让人在卖场脱子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管。他们秦家的粮食。 肯定是不服被毁掉的。长安城的雨还在不停的下着，风也呼呼的刮，整个天地都是昏暗的。高士廉站在府上的屋檐下，望着外面的雨，忍不住就唉声叹气了一番。最近他有点忧伤，甚至可以说是特别的忧伤。他家那么多良田啊，很多粮食都没有脱子呢。这雨要是一直这样的下着，他们家的粮食非得毁掉不少呢。一想到这个，他的心就在滴血，就再痛，而且是非常痛的那种痛。 不过想到晴天的庄稼连托子都没有托子，只是勉强收割完了，高世莲的心里有多少舒服了一下。现在他也就全靠这个才能够让自己舒心一下，不然他非得忧愁死不可。可就在高世莲这样想着的时候，一名下人急匆匆的跑了过来：“老爷，托子了，托子了，托子了呀！”高世莲凝眉骂道：“什么托子了？小麦，小麦托子了？”高世莲更是一头雾水，到底什么情况？给我说清楚了。 那下人咽了下口水，才把事情给说了出来。老爷，今天早上晴天的府上一下子拉去了卖场好多脱子机，他们就在帐篷里用那些脱子机给小麦脱子。现在他们的小麦已经脱子一半了，而且听说他们脱子脱的都很安静，出来之后就不用封阳直接就可以装进仓库。明天他们那么多的粮食，基本上就脱子完成了。下人嘀嘀咕咕的说了一通，而他这么说完之后，高世连噗的一下就吐了一口鲜血出来，紧接着他整个人都差点瘫坐在地上。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不可能的！一定是骗我的，一定是骗我的！高世莲悲愤欲绝。本来他仅有的一点安慰，就是晴天家的庄稼还没有脱子，比他们高家损失的要严重的多。可现在晴天竟然弄出了什么脱子机，根本就不用拉出去压，直接就能够把小麦子给拖出来。如此的话，晴天家里那还有什么损失？那简直就是没有一点损失啊！一想到这个，他的心就疼，特别的疼。呜呼啊，苍天啊！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啊？高世莲感觉老头就是在整他。这么多年了，他跟晴天作对，那一次不是他失败，晴天赢了，难道就不能让他也赢一次吗？本来这一次他觉得自己赢的希望是很大的，可结果呢？还是晴天赢了，痛心，十分的痛心。可现如今这种情况，他也是一旦办法没有啊。高世莲这边悲愤欲绝，而这个消息仍旧在长安城传着。其他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都很是震惊，什么？晴天发明了一个脱籽机，可以很快的脱籽，真的假的呀？这么厉害吗？听说晴天家的粮食已经脱籽的差不多了，而且粮食出来之后都很干净，竟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去看看。没错，去看看。长安城的权贵在知道这件事情后，都很快派去他们的管家去晴天家的卖场去考察了。他们这些管家到了之后，果然看到晴天的人在帐篷里面脱籽，而且脱得很快很干净。他们看到之后。 震惊不已，于是也顾不得大雨，连忙便又急匆匆的跑回了他们的府上。老爷，是真的，是真的啊！晴天弄出来的那个脱子机好厉害，几亩地的粮食很快就给脱子了，而且出来之后很干净，这样的效率可不知道高出了多少来呢。听到管家说出的这话，那些权贵富商就开始来来回回的走着，考虑事情了。他们的庄稼很多，如果不能够尽快脱子的话，损失绝对是严重的。这场雨如果下的时间不是那么长。 那他们损失个上千贯钱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这场雨下的时间更长了一些，那他们的损失可就无法估算了。所以很快他们便算了一笔账出来。这样算出来后，他们便急匆匆的命人备马车去了。去秦国公府要快。长安城的雨还在不停的下着。按理说这个时候长安城的街上应该是没有什么人的，但今天长安城的大街上却是有点热闹。很多人陆陆续续的向秦国公府赶去。这些人来到秦国公府，看到彼此后。 都愣了一下，但随即又都明白过来。他们这些人肯定也是知道了托子机的事情，所以都怀揣着跟他们一样的目的来的。他们相视一笑，紧接着便连忙进了秦国公府。晴天这边正在府上休息，一名下人急匆匆的跑了来：“公子，外面好多人要见您，他们可都是我们长安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听到这么多人要见自己，晴天嘴角就露出了一丝浅笑。这些人什么目的，他自然是知道的，而他也一直都在等这些人的到来。 脱子机，他已经命人继续生产了。他们秦家的粮食脱子之后，脱子机也就没有了什么用。但为了生产这些东西，他花费了也是不少钱财的。如此的话，不把这些成本赚回来怎么能行？所以早早的他就派人把脱子机的消息散播了出去。如此的话，长安城的那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肯定是要来用脱子机来给他们的粮食脱子的。只要他们来了，晴天他就有钱赚。走，会一会他们去。晴天带人来到了客厅。 此时客厅站着黑压压的一群人，他刚过来就被这些人给包围了起来。哎呀，秦国公，几日不见，你这气色可是真好啊！秦国公，众人不停的跟晴天打招呼，可能是有求晴天吧，这态度都热情的不行。晴天看到他们之后，笑道：“这下着大雨的，诸位怎么都来了？”众人相互看了一眼后，一个人就站了出来，道：“秦国公，听说你制作出了能够给小麦脱籽的机器，不知道你这机器卖不卖？不卖的话。” 不知道租不租，您也是知道的。现在这雨下的厉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我们的粮食若是不赶快脱子的话，恐怕就要坏掉了。所以，我们想用一下秦国公制作的脱子机。这个人说完之后，其他人也就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秦国公，我们也想用一下脱子机。您是知道的，若是粮食减产，这一年的粮价恐怕就要上升了呀。到时候苦的还是老百姓。秦国公是个有大义的人，还望让我们用一下。即是即是，让我们用一下嘛，报酬什么的。 我们肯定会给的，要是卖的话，我们也买。没错，没错，一群人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晴天听到他们这些人说的话，不由得苦笑了一下，道、哦：“诸位都把这事上升到百姓能不能吃饱饭了？我要是不让用，那恐怕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如此的话，我也把情况跟诸位说一下。这托子机我生产的有不多，暂时不外卖，只向外卖租赁。我们租赁呢，是按天租赁的，一天一台五十块钱。诸位要是觉得这个价钱合适，那我们就可以成交。你们要是觉得这个价钱不行呢？” 那我们就免谈了。晴天这样说完，一众人立马就开始算了起来。他们的那些粮食，如果有十台机器的话，大概需要三四天的时间，一天五百块钱，三四天就有一千多块钱啊，这个数字可不少。可如果大雨一直下的话，他们损失的绝对比这个数字要多。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用脱籽机脱籽的话，不用再封羊了，如此效率高了，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划算的。这些人都不是笨蛋，所以算清楚之后，立马就都兴奋起来。 秦国公，我用，我用，我也用，我也用啊！秦国公，我用二十台，二十台，谁都不想自家的粮食就这样白白的毁掉。既然有可以避免过多损失的办法，哪怕多出一点钱，他们也还是愿意去做的。一群人不停的高声嚷嚷着。晴天看到这种情况，笑着点了点头。一天一台五十块钱是他早就算计好的，不会高的太离谱，让这些人舍不得用；，也不会太低，导致他赚的不多。这个数目。 可以让他赚不少钱，他现在已经生产了差不多一百台脱子机，一台一天五十块钱，那么一百台的话，一天就是五千块钱。这些人谁家不得用上几天啊？只是短短几天时间，他就可以赚一两万块钱。这样的暴赚真的已经很厉害了。好，既然诸位都乐意用，那再好不过了。我们来定一个合同，合同上写明你们要用几天，最先用的要把这几天的钱一次付清，而后面轮到的则需要交一些定金来，这样等机器回来之后，我会优先交给你们使用。 若是连定金都不愿意交的，那以后用不上，可不要抱怨。一百台不算多，也就几家可以用罢了。如此的话，肯定是要分批次的。晴天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后，他们这些人也都表示赞同。毕竟这场雨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如此还是预定下来的好。而且，就算天晴了，他们用这个来拖子也更加的方便啊。这样，他们省下的人工费用也可以弥补一些损失了。众人同意后，晴天就将剩下的那些拖子机给租了出去。 这些人得到托子机后，兴奋的不行，而已顾不得长安城还下着大雨，连忙便派人将这些东西给搬走，运到了他们的卖场上，然后让他们的人在卖场进行托子。长安城那种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懈了许多。雨虽然还在下，不过长安城外的卖场上却是依旧的忙碌热闹。高世连在自己的府上痛心，有关托子机可以租赁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老爷，这晴天还真是妖孽了。现在他们的粮食不仅没有损失，他还靠着这个机会。 一下子赚了好多钱，您说这是不是太没有天理了？管家的伤已经好了一些，不过脸还是有点肿的。他对于这种事情也很是不忿。不过他这样说完之后，又连忙开口道：“老爷，我们家的粮食还没有脱子呢，这场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再不脱子，我们的粮食可就要毁了。要不我们也租赁几台脱子机来脱子吧？别人都用了，高府的管家自然也想用。不过高世莲听完之后，啪的一下就朝他抽了过去。以后不准再替，我高家就是损失一些钱财，又算得了什么？” 要我向晴天低头，门都没有。好了，你下去吧。高士廉有点生气，那高府的管家浑身都有点战战兢兢，哦了一声后，便连忙退了出去。李世民待在皇宫里面，心情并不是很好，他有点担忧。雨已经连续下好几天了，有时候刚停一两个时辰，就又下了起来。这场雨不知道还要下多久，这长安城那些人的粮食不知道怎么样了。李世民在为天下的百姓担心，当然，他说的天下百姓，包括普通百姓。 也包括那些权贵的百姓，这些权贵手里是有很多粮食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粮食的价钱。如果他们的粮食毁了一些，减产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粮食的价格肯定是会上涨的。价格上涨，普通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所以，虽然李世民有时候挺忌讳这些权贵的，但他并不希望这些权贵的粮食有什么损失。民以食为天啊，他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够吃饱饭。而李世民这么说了一句话后，旁边的工人笑道：“圣上。” 长安城那些人的粮食都在脱子，很多人都已经脱子完了。今年他们的粮食啊不会减产。听到工人这话，李世民有点好奇，问道：“都在脱子，这是怎么回事啊？”工人道：“奴婢听说啊，秦国公秦天发明了一个脱子机，这个东西在屋内就可以劳作。他们秦家那么多粮食，两天时间就脱子完成了。现在他把这些脱子机租赁给了其他人，其他人脱子的话也都很容易，所以不会有什么损失。”脱子机，李世民有点震惊，对于这个东西。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这个东西能够脱子，减少大唐百姓的损失，那就是好东西啊！李世民突然觉得晴天很不错，有他在，大唐总是能够产生奇迹。来人，去把晴天宣来。这脱子机很好，不过现在只有权贵能用，这让李世民很是为广大贫苦百姓担心啊！所以如果这脱子机能够让其他百姓也用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工人自然知晓李世民的意思，颔首之后，便连忙去宣晴天进宫了。长安城的雨还在下着。 哗啦啦的作响。今年的初夏难得不是那么热。秦天坐着马车向皇宫走，脸色并不是很好。李世民这个时候让他进宫，肯定是因为李世民知道了脱子鸡的事情。而李世民是一个心怀天下百姓的人，如此的话，李世民什么用意也就不言而喻了吧。想到自己赚钱的机会可能就要没有了，他就心疼。入得皇宫，秦天很快就到了御书房。李世民已经在等着他了。而李世民看到他后，立马就笑了起来：“秦爱卿，好样的！” 你做的那个脱子机帮了我唐朝百姓大忙啊！你是我大唐的功臣，你是我大唐百姓的功臣。一上来，李世民就给秦天盖了一个大帽子，这个帽子很大，大的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秦天苦笑道：“圣上谬赞了，臣也不过是想要解决自家粮食的问题，随便赚点钱而已，并没有圣上想的那般高尚。若是其他人，这个时候肯定就要狠狠的得意一下，夸一下自己的，然后还要狠狠的表一下忠心，让自己此举看起来完全是为国为民。” 可一想到李世民是要自己的托子鸡的，秦天就怎么都得意不起来。圣上谬赞了，臣也不过是想要解决自家粮食的问题，随便赚点钱而已，并没有圣上想的那般高尚。秦天这样说完之后，李世民的脸色就微微有点发紫了。本来他想着自己夸奖一下秦天，秦天少不得要表忠心，说这些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之类的。如此的话，他接下来的话说出来就会更加的自然一些。可秦天却把自己说的那般俗气，这就让人觉得很尴尬了。 不过晴天叫都叫来了，该说的事情肯定还是要说的。李世民嗨嗨了两声，道：“秦爱卿虽是为了解决自家的粮食，但你弄出来的这个脱子机却是可以造福万民的呀。朕的意思，将脱子机推广出去，爱卿意下如何？”晴天心里暗自叫苦，他就知道，不管自己说什么，李世民肯定就是要脱子机的。他就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可他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李世民是天子，天子说的话谁敢不听？圣上真是一心为我大唐百姓。 臣觉得圣上的办法可以，只是不知道圣上想怎么推广。晴天试探着问了一句。李世民当然清楚晴天的意思，他从晴天这里弄到的好东西也不少，那些东西那一个都能让晴天变得很富裕。自己现在这样做，晴天心里肯定也是不舒服的。而他也知道，如果太过打击晴天的积极性的话，以后他想要的好东西可就不多了。晴天可能不会去做。他明显感觉到，这两年晴天谷弄出来的好东西是越来越少了，可能。 就是怕他这个天子打劫吧，这个、东西是秦爱卿辛辛苦苦发明出来的，自然不能让秦爱卿白白亏本。这样吧，你这个脱子机的技术，朝廷代为购买了，然后由朝廷生产脱子机，帮百姓进行脱子，你看如何？这就有点卖专利的意思了。一般一个人发明了一个好东西，想要这个好东西赚钱的话，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就是把这个专利给卖出去，这样能够一下子拿到好多钱；再有就是自己生产，然后自己销售。 一般情况下，只有条件比较优越、手里的钱财很多的人才会选择第二种办法，大多数都是选择第一种，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资金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晴天是有这个资本的，但他却不想平白无故的给人托子。如此的话，想要不怎么亏，自然是一次性把这个专利给卖出去的好。圣上说的及时，如果朝廷愿意购买技术的话，臣为了圣上，为了我大唐百姓，是愿意卖掉的。现在晴天又表起忠心来了，李世民撇了撇嘴，又翻了个白眼。 不过也并没有点破，道：“那爱卿觉得朝廷出多少钱合适？”晴天笑道：“圣上，这脱子机让普通百姓用，朝廷肯定是没有钱赚的。但我大唐各地的富商权贵很多，他们的粮食也很多，最是需要用这个脱子机。这些人嘛，可以把脱子机卖给他们，一个脱子机的价钱可要好多钱呢。所以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对百姓很有利的暴利了。臣也不多要，五万贯钱就行了。说实话，这个钱数不算多，晴天指这几天赚的就有一两万贯钱了。” 他把这个专利卖五万贯钱，绝对是赔本了的。毕竟今年用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用，到时候钱是可以继续赚的嘛。而那个时候赚的钱可不止五万贯钱。不过，秦天虽说想要赚钱，但这个东西对百姓也的确有利。要说他心里对整个大唐百姓没有一些出力的想法的话，那也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他就要了这么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不算很高，也不算很低。对朝廷来说，拿出五万贯钱轻而易举，而他也不至于贱卖了。 说出这个价钱后，李世民已经明白了晴天的意思，他点了点头，道：“好，就这个价钱了。不过前期制造的时候，还要你去多多指导一下。五万贯钱，有时候也不是好拿的。”晴天苦笑，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点头应了下来。事情这样说好后，李世民便安排了一下，当天下午，户部好拨出了五万贯钱给晴天送了过去。与此同时，工部这边又送了不少工匠给晴天，要他们学习制作脱子机。 脱子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是比较繁琐的，晴天要做的话很容易，其他人想做可就难了，没有一两个月根本就不可能学会，哪怕晴天天天,天教他们也不容易。所以对晴天来说，就算他把这个专利卖给了朝廷，但今年他的脱子机还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当然，等明年的话，朝廷可能就会卖朝廷生产的脱子机了。相比较下，对于那些权贵来说，买脱子机比租脱子机肯定要更加的划算一点。 如此的话，明年很多权贵就会购买脱子机了。甚至朝廷如果聪明的话，今年就会预定订单，看看需要制作多少，明年直接卖给那些权贵。如此，明年晴天还想通过租赁脱子机来赚钱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就算有，也绝对不如今年的多。所以，今年能赚钱的话，晴天肯定是要接着这个机会狠狠地赚上一笔钱的。当然，这是在天气仍旧下雨的情况下。如果天晴的很好的话，那些人宁愿在卖场碾压脱子，也不太可能花钱用脱子机的。当然。 对于权贵来说，能买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情况对晴天来说很不错，虽然偶尔也会晴一两天，但很快还是会再次下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豆和棉花种上之后，才终于结束。不过这个时候，能脱籽的人都已经脱籽了，晴天也已经赚得差不多了，所以天晴了也并不影响晴天的生意了。天晴之后，种大豆的种大豆，种棉花的种棉花，该把粮食拿出来晾晒的拿出来晾晒，长安城又是一如既往的热闹繁华。 而这个时候，高士廉却是有点痛不欲生。他硬是没有用脱子机，以至于别人都已经晒粮食的时候，他还在脱子。可惜，很多小麦都已经发霉坏掉了。长安城刚刚放晴，河南道那边却是突然传来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天早朝上，一名官员站了出来：“圣上，河南道那边传来消息，因为今年雨水充足，黄河有一段决堤，淹没了什么，只能悻悻然的离去。”太子李承前本来是准备离开皇宫回去的。 不过快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转身，直接向御书房赶去。此时，李世民还在御书房生气，听到太子李承前来了，他有点意外，道：“太子来这里做什么？”李承前道：“今天朝会上，父皇生气了。儿臣回去的途中，突然感到十分的自责。儿臣是父皇的儿子，是大唐的储君，理应为父皇排忧解难，为我大唐百姓尽心尽责才行。可是儿臣却没有做好，所以儿臣来是想请父皇给儿臣一个机会，让儿臣可以赈灾。” 可以为父皇排忧解难，这件事情的确有点困难和麻烦，但如果做好的话，对于李承前稳固自己的储君之位是很有帮助的，甚至可以让自己的名声更好一点。赈灾有时候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像他这种大唐储君、大唐的太子殿下，所以他想要接下这个重任。听到太子李承前这话，李世民的心突然暖了一下，不由得觉得自己的这个太子真是越来越懂事了，知道为他这个父皇考虑，为他父皇排忧解难了。 很欣慰，不仅仅是一个作为皇帝的那种欣慰，还有那种作为父亲的欣慰。不过这种事情并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情。太子想去做，可他能做得好吗？万一做不好，对于大唐储君的名声也是很有影响的啊。考虑了一下，李世民点点头。太子能够这样想，父皇很欣慰。不过去赈灾的事情还需要再斟酌一下。你先回去吧，明天再论。太子李承乾在退朝之后又去御书房的事情，很快在李泰这些有心人之间传开了。 李泰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便派人调查李承前去御书房做何事。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情况下，除非他们的父皇召见，李承前很少再折回御书房的。今天他竟然又回到了御书房，那这其中肯定是有事情的。李泰的消息网还是很可以的，在皇宫之中也一点不差。很快，他便得知了自己想要知道的消息：王爷、太子殿下想要接受赈灾的事情。听到这个，李泰眼眸微凝，下意识的觉得。 太子李承前脑子有问题，这样的苦差事做他干什么？不过很快他便意识到，如果李承前去做了这件事情，那李承前在大唐的名声恐怕会更好吧。万民归心，这不是一个太子应该有的吗？在他们这几个皇子之中，他李泰素有才情，所以得到了不少读书人的认可；那李克武功卓绝，得到了武将的认可；他李承前所有的也只有百姓的一些名声了吧。如此，他肯定是想要这些名声的。 李太摸了摸有点肥大的下巴，道：“这名声，本王也想要。只是说着，李太又苦笑着摇摇头。他想，要是想要这名声，只是要他去河南道赈灾，他却是不怎么想去的。太辛苦了，而且走的路太远，对他这样的胖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遭罪的。所以在两相取舍之间，他更倾向于不去。不过，李太这样说着的时候，沈彤却是浅浅一笑。王爷可是觉得去河南道赈灾有点辛苦？这个世上…… 如果说谁最了解李泰，那就非沈彤莫属了。李泰苦笑：“是啊，本王的身材，连每日上早朝都累得厉害。要我跋涉千里去河南道，辛苦，太辛苦了。”沈彤自然也清楚这一点，对于李泰的身体，他恐怕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吧。王爷想要赈灾，又何须去河南道？哦，爱妃的意思是？沈彤道：“河南道的灾民正向长安城这边赶来，很快，长安城外就会有很多灾民。这些灾民也是需要去救济、去赈灾的。” 王爷若是能够拿下这个任务，那对于王爷的名声便会有很高的提升。听到沈彤这话，李泰顿时觉得好有道理。如果不用出长安城能够赈灾的话，那他又何必去河南道？不错，不错，爱妃言之有理。明日早朝，我便请求父皇将这赈灾的事情交由本王来做。李泰做出了决定。这个时候，李克这边也已经做出了决定。面对谁都想都要的名声，李克也决定明天早朝去争夺赈灾大臣这个任务。 当然，他可不是跟李太上懒得不想离开。他倒很想去河南道看看。如果他能够解决了河南道的灾情，那他除了在军中有一些威望外，在民间百姓那里也定会有许多的名声。那样的话，他想要争夺储君之位就更有希望了。次日早朝，长安城的太阳已经变得有些毒辣起来，群臣站在大殿上都感觉有些热。李世民也热，他的脸颊那里不时有汗水顺着流下。李世民与群臣商议了一点其他事情后。 便有人把话题扯到了河南道饥荒的事情上。圣上，河南道闹饥荒，此事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尽快派出钦差前去赈灾才行啊！请圣上早日决断。一名官员将这件事情提出来后，太子李承前最先站了出来：“父皇，儿臣愿意担任钦差，前往河南道赈灾。”李承前这话说出来后，李克也连忙站了出来，道：“父皇，儿臣也愿意去河南道赈灾。”两个人这样站出来后，就已经有了针锋相对的意思了。 毕竟钦差就一个，两个皇子都想去，那让谁去的好？而就在众人考虑着如何站队的时候，李泰突然站了出来，道：“父皇，河南道的饥民正在向长安城赶来，长安城这里必须做好应对灾民的准备才行。儿臣愿意领此事，安顿好那些从河南道来的饥民。”这话出口之后，众人都愣了一下。本来大家以为李泰也会去河南道赈灾的，谁曾想他只是想在长安城救助难民。不过。 等大家看到李泰那肥胖的身躯来回动一动就要喘息一下的时候，众人顿时也就都有点释然了。就李泰这个样子，要他去河南道，那比杀了他都让他觉得难受。三个王爷这样都开口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意思后，朝中群臣立马便开始说了起来：“圣上，臣觉得此事可以交给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是我大唐储君，应该知道百姓疾苦才对。而且太子殿下能力出众，要解决此事并无什么困难的。不错。” 不错，臣也觉得太子担心去负责此事十分的合适。太子殿下仁慈爱民，一定会救助那些百姓的。朝中支持太子李承前的人不少。经过那一次蜕变之后，现如今的太子李承前早已经今非昔比了。在这京城的朝堂上，他的势力绝对不比其他人弱。不过，朝中有人支持太子李承前，也有人支持李克。圣上，臣以为此事蜀王李克去办比较合适。蜀王殿下作为大唐皇子，理应该为大唐办事。 为圣上排忧解难，太子殿下作为储君，怎么能随意离开长安城？要我说啊，太子殿下应该在京城救济那些难民，河南道的事情就交给蜀王殿下就是了。即是太子殿下和蜀王殿下完全可以分工这件事情啊。臣觉得蜀王殿下去河南道，太子殿下在长安城赈灾很合适。李泰想要占便宜，那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李克的人很快就要让太子李承乾跟李泰去争长安城的赈灾权，而李克的人这样做之后。 李泰的眼眸就凝了起来。本来他以为没有人跟他争这个的人，河南道的事情就让太子李承乾和蜀王李克争取。可谁曾想，李克的人竟然这般奸诈，竟然想把太子给扯进来，与他进行争夺。李泰心里是想骂人的，不过表面上他又十分的平静。那李克的人想要祸水东引，可那也得看太子李承乾是不是乐意让他引了。如果太子李承乾执意想去河南道赈灾，那最后还是李克跟太子争。至于长安城这边吗？ 还是他来做，所以这些人这样说着的时候，李泰并没有表态，而太子李承乾似乎执意去河南道，所以仍旧坚持。李克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就暗骂了一句：“河南道的赈灾才是最重要的。”他有点看不上长安城的赈灾，如今太子要争，那他也就只能继续争下去了。很快，双方的人就在大殿上争吵了起来，整个大殿顿时有点闹腾。李世民愣了，他本以为去赈灾这事大家都不怎么想去，想去的。 可能也就太子李承乾一个人罢了，可不曾想到今天却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出来。不仅太子李承乾想去赈灾，就连李克和李泰两个人也想去。当然，李泰耍了一下滑头，想在长安城赈灾。不过，不管他们想去那个地方，这都是出了李世民意外的。不过，李世民只稍作考虑了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定是李泰和李克听闻李承乾想去赈灾后，他们也要争夺这个功劳，以此来获取自己的恩宠。这在李世民看来没有什么，只是让他有点为难。 三个人都想赈灾，让谁去比较合适？长安城这边的好说一点，有他李世民坐镇长安城，随便找个人都能够解决那些迁徙来的难民。难的是河南道的灾情，谁去解决？太子还是李克？这两个人若论能力的话，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不错的，要他们去解决事情，兴许也都能够做好。能力如果不去考虑的话，那李世民就要考虑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如果李克做成了此事，那他的威望可能会更高。一旦他拥有了更多的民心。 那他想要造反的心是不是会更强烈一些？他李世民并无废楚之心，按理说是应该给太子更多的宠幸，让他有更多的威望的。可李世民从玄武门之变中走出来，很清楚楚君权力和威望大了之后是可以威胁到他这个天子的位置的。如此，他也不希望太子太过强大，都不希望强大，那事情就不好办了。看着朝堂上两拨人马这般争吵个不休，李世民感觉有点头大，但这件事情他又必须做出一个决断才行。 而就在这个时候，长孙无忌突然站了出来，道：“圣上，不管是太子殿下还是蜀王殿下，他们离开长安城去外面赈灾都是不妥的。特别是太子殿下，更不能够随意离开。所以臣觉得可以让杜正伦负责此事。杜正伦是晋王李治的人，其他三个皇子争得不可开交，但却把晋王李治给忘了。李治背后有长孙无忌这个老狐狸，如此面对这件事情，他们又怎么可能缺席？不过，长孙无忌早看出李世民对自己的几个皇子的忌惮。” 所以在推荐人的时候，不是推荐晋王李治自己，而是选择了杜正伦。杜正伦是如今晋王李治阵营里面十分出挑的人物，他有能力，也有一定的资历和威望，让他去做这件事情再合适不过。而长孙无忌这话说完之后，杜正伦就站了出来，道：“圣上，臣愿意领命去河南道救济那些灾民。”杜正伦这般站出来表态之后，朝中不少人就又纷纷站出来支持杜正伦，情况一下子有些偏袒。 不管是李承前还是李泰，他们都有点意外，没有想到半路杀出来个杜正伦。李世民正纠结让谁去河南道赈灾，是李承前还是李克？杜正伦的出现却是让他松了一口气。杜正伦是谁的人？他李世民还是很清楚的。不过相比较太子和魏王以及李克这些人，晋王李治年纪还算有点小，在朝中的势力也不算特别庞大，有长孙无忌的支持也并不算什么。如此的话，让杜正伦去做这事，对李世民来说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而论能力的话，赈灾这种事情，杜正伦比太子李承乾和蜀王李克都是要好许多的。看到这些情况后，李世民点了点头：“好，既然杜爱卿愿意为我大唐分忧，那朕就任命你为赈灾钦差，即日起赶往河南道，务必要将那里的灾情得到控制，不可让死太多的人。饥荒不死人是不太可能的，他只希望杜正伦去了之后，能够让那里的灾民少一些，死亡也少一些，直到所有的灾情都得到控制，所有的饥民都能够吃饱饭。” 李世民说完，杜正伦连忙点头应道：“请圣上放心，臣去了河南道之后，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河南道的事情。”有杜正伦这话，李世民心里就放松了许多。而说完这个时候，李泰突然站了出来，道：“父皇，长安城少不得会有一些难民，安置他们的事情，不如就交给臣去做吧。”李承乾和李克两个人算是鹬蚌相持，渔翁得利的。现在嘛，李泰觉得他要在长安城赈灾，可能就要容易许多了。不过。 他这么说完之后，李世民却是摆了摆手，道：“魏王不必去做这种事情，此事交由太子去做吧。”没有让太子李承乾去河南道，李世民心里是有一点愧疚的。而他又想让太子的威望比其他皇子稍微高那么一点，如此的话，他肯定是要给太子李承乾一个机会的。河南道那边有了杜正伦，那这边就只能让太子李承乾来做这件事情了。别看河南道那边是个大功劳，事情不好做；长安城这边难民涌进来后，事情也不好做。 在李世民看来，这是对李承乾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个决定有点出人意外。李承乾愣了一下，紧接着连忙便行礼道：“儿臣领命。”李世民点点头，务必将将此事做好，不能让我大唐百姓就这样死了，越来越少，明白吗？太子李承乾颔首道：“请父皇放心，儿臣明白，也知道该怎么做。”退朝之后，李克和李泰的神色都不怎么好，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几个皇子之间的争夺，最后竟然横空出来了一个杜正伦，而这个杜正伦是晋王李治的人。如此的话，他们反而输给了李治。可这个李治才不过十几岁啊，在他们看来，李治还是个孩子，他们输给了一个孩子，气愤，特别的气愤。当然，他们也清楚，李治若非有长孙无忌的支持，根本就没有跟他们斗的资格。李治在朝堂上有什么？不过就这样输了，他们还是有点心里不甘。他们这样想着。 很快就又想到了太子李承前身上。虽说这一次让晋王李治占了一个大便宜，但他们现在最为重要的敌人肯定还是太子李承前。如此的话，他们接下来就算有什么动作，也肯定是针对太子李承前的。李克回到府上之后，很快就找来了自己的亲信。那些难民还要多久才能够到京城来？王爷，很快了，最多三四天，有一两万人之多呢。饥民有一两万，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这些人来了之后，都是要吃饭的。 朝廷能够为他们提供多少？李克思虑了片刻，随即便想到了对付太子李承前的办法。他跟自己的亲信嘀嘀咕咕了一番，亲信听完之后不敢迟疑，连忙领命退去。太子李承前回到东宫之后，整个人还是很激动的。虽说没能去河南道赈灾，但他父皇却是将长安城的赈灾事情交给了他。到时候若是做得好了，他在长安城这边的名声就可以更加的稳固啊。如此的话也还算可以。而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做一些准备。两万饥民来到了京城，要说他们闹不出什么乱子来，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些准备就显得很必须了。而就在李克以及太子李承前他们这些人为自己的事情做着准备的时候，晴天还悠闲的待在府上，享受着天伦之乐。不过，对于河南到饥荒的事情，他也听说了。听说之后，他就显得有点忧心忡忡了。饥荒这种事情可不是好办的。虽说朝廷刚刚得了一些粮税，仓库比较充裕。 但那么多鸡民所需的粮食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吧？朝廷的粮场怕是要下去很多了，甚至出现短缺都有可能。想到这里，晴天就无奈的苦笑了一些。而得知太子李承乾要负责长安城的鸡民，李世民又撇了撇嘴。现在的太子李承乾倒是有了一些争斗的心思和痕迹了。不过有时候一些事情也不能太过逞强。鸡民的事情可不好办，如果能不做的话，晴天其实是建议他不做的。不过现在接都接下来了。 那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希望赈灾的事情能够顺利一些，莫要出什么幺蛾子才好。长孙无忌的府上，长孙无忌刚到府上，杜正伦便急匆匆的悄然赶来，他要去河南道赈灾了，这是少不得要听一听长孙无忌的指使的。两个人坐下之后，长孙无忌开口道：“杜大人，河南道的事情，兹事体大，一定要做好，做好了，您在朝中的地位就会增加稳固，而靖王殿下也就多了一股强大的支持者，你明白吧？” 这个杜正伦自然是明白的。既然他们都投靠了晋王李治，那晋王李治的荣辱也就关系着他们的荣辱。他们当然是想让李治当太子的。长孙大人说的及时，这个下官明白。长孙无忌颔首，紧接着又道：“再有就是赈灾的事情必须做好，但不可太快，耗时一点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听到这个，杜正伦就有点不解了。一般情况下，要赈灾的话，肯定是越快越好的呀。可长孙无忌却要他慢一点，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会死更多的人啊。 杜正伦抬头看了一眼长孙无忌，道：“长孙大人的意思是？”长孙无忌道：“长安城这边的赈灾事情交给了太子殿下。若你那边的赈灾很快完成，这里的饥民少不得是要回去的。这里的饥民回去了，太子殿下赈灾的事情也就算是完成了。那个时候，太子得了功劳，虽然很小，却也比靖王殿下得到的好处要多。所以，给太子一些麻烦是好事。长孙无忌要算计人，其他人是逃不掉的。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个计谋。” 算是一箭双雕的。听完这话之后，杜正伦已经明白了长孙无忌的意思，他多少有点觉得这样做不厚道，但他已经成为了晋王李治的人，那少不得要替晋王李治的将来考虑一下，所以片刻后，他还是点了点头，算是应了下来。李泰回到府上后，脸色阴沉的可怕，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差事竟然被太子李承乾给抢了，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晋王李治的人会出来打劫，把去河南道的差事给抢了。若非那个杜正伦，长安城的事情。 肯定是他的了，而且他还可以让李克和李承前的人在那里厮斗，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而现在看来，他一直都有点忽略自己的那个最小的弟弟晋王李治啊，不能让晋王李治的势力发展起来。如今有一个太子李承前，一个李克就已经让他有点难对付了，现在又出现个晋王李治，那以后这储君之位岂不是更难争夺？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将晋王李治的势力给遏制在萌芽之中，如此的话。 杜正伦的事情绝对不能办漂亮了。这样想过之后，李泰很快就叫了一个人进来：“王爷有什么吩咐？你去河南道，想办法给杜正伦找一点麻烦出来，让他赈灾的事情受挫。”李泰这样吩咐下去后，那个人立马就点头应了下来：“王爷放心，属下知道该怎么做。”李泰点头之后，那个人便连忙退了出去。长安城这边暗流涌动，只怕很快河南道那里也肯定不会太平的。皇权之争。 本来就是勾心斗角，伴随着流血牺牲。长安城的气氛有点紧张，因为所有的百姓都知道，河南道那边发生了饥荒，有差不多两万百姓迁徙到了长安城来寻求活路。对于饥民，很多百姓并没有什么恻隐之心。当然，就算有恻隐之心的，他们也不可能救助这么多人。他们更多的还是担心，这么多饥民涌进长安城后，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影响到他们的生意。饥民啊，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就跟强盗差不多，为了吃饱饭。 他们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只是他们又无法拒绝饥民的进入。这里是长安城，是大唐的京城。如果饥民这里都来不了，那这京城还算是京城吗？京城不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地方，京城是一个让百姓寻求活路的地方。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着，很快难民入京。这天早上的时候，长安城外就有最先的一批难民来到了长安城外。不过他们来到长安城外后，并没有被门卫给放进来。 而是将他们给拦到了长安城外。这些难民现在饿的不行，让他们进去之后，指不定发生什么乱子来呢？他们可能看到一些店铺，直接就冲进去打劫了。这种情况在其他难民来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难民来了之后，都是要先给阻挡在城外，不让他们进城的。等赈灾的事情完成的差不多后，才会选择让他们进城。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饿了，进城也不会闹事。这样做对于这些难民来说，多少有点歧视他们的意思。 但饥民进入长安城后，的确有人行不轨之事。为了避免长安城的商户和百姓遭殃，朝廷也只能这样做。而长安城的百姓也是希望这样做的。不过，这些难民刚来的时候，很快就跟那些门族闹了起来：“放我们进去！放我们进去！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饭！”第一批难民虽然不多，也有一两千人。他们在城门处这样闹的时候，动静也不小。可是那些门族没有得到命令，那里敢让他们进去？所以，还没有到关闭城门的时候。 门族就先把城门给关闭了，而且很快派人向东宫通禀去了。李承前这边早已经得知了消息，所以就在门族赶来通禀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向城门处赶来了。他来到城楼上后，看了看下面，此时下面很多难民都在不停的嚷嚷着，很多人都在撞门。他们饿得厉害，此时看起来有点暴力。城内就有吃的，只要进去就能吃饭，他们现在自然疯狂的想要进去了。人在饥饿的时候，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疯狂，疯狂。 李承前看着下面的饥民，高声喝道：“诸位，你们想要活命，就都给本太子安分下来。本太子早已经命人在离长安城五里外搭建好了帐篷，也已经为你们开设好了粥棚。想吃饭就去那里，在这里叫门是没有用的。”为了应对这件事情，李承前早几天就已经派人做好了准备。不过，这些饥民听到这话之后，却并没有丝毫想要离开的意思。城内就有吃的，他们进去就能够弄到吃的东西，干嘛还要再跑五里地去弄吃的？ 五里地可不是个短距离啊！他们少说要走半个时辰吧。他们太饿了，他们不想走。为什么不现在就在这里给他们吃的东西？我们不走，我们就要进城。我们要进城，快放我们进去！没错，放我们进城。我们呃，我们饿啊！饥民有些疯狂。李承前的话根本就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些百姓并不想要离开。情况对李承前来说并不是很顺利。看到这个，李承前眼眸就凝了起来。他们好心救助这些难民，他们倒好，竟然不识抬举。 还想进城来？若是让他们进城，岂不是会闹出一些事端来？虽然他也很同情这些难民，但是这些难民做出这种事情来，就难免让人心里不痛快了。而等若是在这里继续闹腾下去，本太子便将你们当成闹事造反的人给射杀了。说完这话，李承前又开口道：“想活命，就去周鹏那里吃饭休息；不想活命的，就继续在这里给我闹。”说着，李承前挥了挥手，城楼上的一众兵马看到之后，立马将手中的弓箭给拉了起来。 看到这种情况，城楼上的一些小官员什么的，顿时都紧张起来。鸡鸣来了，先杀鸡鸣，这情况恐怕不好吧？太子殿下，这恐怕不行吧？万一真的杀了鸡鸣，只怕明天的早朝上，很快就会有人弹劾李承前的。而李承前靠着这件事情，想都要积攒名声的。若是杀了人，这名声还如何积攒？但此时的李承前站在城楼上，眼目如电，不走，我们就不走，我们要进城。李承前的话。 多少让下面的那些饥民安静了一下，或者说吓了他们一下，但也只是一下而已。因为很快就有人又跳了出来，嚷嚷着要进城。在这个饥民看来，太子李承前不敢杀他，杀了他，他李承前的名声可就毁了。但是就在他这么嚷嚷了一句之后，李承前就挥了挥手，紧接着一支利箭飞射而去，直接射中了那个人的面门。那个人的话还没有说完，便扑通一下倒了下去，鲜血喷洒，四周顿时慌乱散开，场面又安静了下来。 那些几名看着城楼上的人都有点弥漫，有点惊恐。竟然真的杀人了吗？想要活命，就去五里外的帐篷那里吃饭。我早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食物和住处，还有一些大夫帮你们看病。可你们若是在这里继续闹腾，那很不好意思。本太子杀人从来不会手软。这一次，没有人在质疑李承前的话了。他们也才终于明白，他们很多时候的性命就真的如同蝼蚁一般。朝廷重视他们，也可以轻视他们。很快就有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亦或者是饿得不行。 转身去往周鹏那里赶去，有人去了，其他人也都连忙跟着跑了去。第一批难民去了周鹏那里，虽说又多走了一段路，但最后他们吃到了饭，又有地方住，相对来说都是有点安分的。毕竟能够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只不过难民得到了安置，李承前下令射杀了一个饥民的事情，却是在长安城传开了。事情传开之后，百姓对李承前倒是很欣赏。好啊，太子殿下可是帮了我们大忙的。 若是放那些饥民进入到了长安城来，他们少不得要抢店铺，要抢粮食的。他们那些人就是饿死鬼啊，恐怖！到时候的场面肯定会很恐怖。谁说不是？幸亏太子殿下没有让他们进来，我们这些人也才能够幸免于难。急是急是啊！百姓对于李承前的行为很欣赏，可百官对于这个行为就有点其他想法了。这天早朝，很快就有一个言官站了出来，对李承前进行弹劾。圣上，太子殿下赈灾。 昨天却杀了一个饥民，如今那些饥民对太子殿下可是颇有怨言。我们是要赈灾的，不是杀他们的，这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臣以为太子殿下此事做得不好，应该另外派遣其他人去做这事才行。这名言官站出来说了这么一句话后，其他官员立马便跟着站了出来。圣上，太子殿下这样做的确是有些不妥的，臣请圣上派遣其他人去做此事。是啊，请圣上换掉太子殿下，派其他人去做此事。 若是那些饥民因此对朝廷怀恨在心，事情可就得不偿失了呀！请圣上明断，请圣上明断！众人不停的说着。李承前站在大殿上，眼眸微凝。很显然，这些人是不想让他继续负责此事了。不然，等他赈灾完成后，可就是功劳一件。而且，他这个行为可是得到了长安城很多人的赞同的。不过，若是他的父皇真的把他给换了，那就等于告诉天下人，他李承前做这个事情不行。如此。 很容易就会让百姓对他失去信心，失去敬仰的。为了自己的储君之位，这件事情他肯定是不能被人抢的。所以李承前很快就站了出来。父皇，当时情况十分紧急，那些饥民都很疯狂，他们进来之后只能去抢那些商铺啊。如此的话，长安城内可就乱了，那些商家的损失也很严重。诸位在长安城可能都是有店铺的，若是那些难民抢了你们的店铺，你们是不是甘愿吃这个亏呀、啊？ 李承前这话说完，朝中的那些人顿时就沉默了。若是难民进来了，真的抢了他们的店铺，那他们怎么办？当然，难民也不一定就会抢他们的店铺，毕竟他们的运气不可能那么差吧。但万一抢了呢？他们对于李承前多少是有一点了解的，知道李承前现在变得有点狡诈。万一李承前专门引导那些难民去抢他们的店铺，那他们现在弹劾李承前，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不过，这种沉默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 圣上，那些难民的确不应该就这样进入长安城来，但太子殿下也不能用杀人的方法来震慑他们。办法有很多，为何要杀人？一条人命就这样没了呀！圣上，一条人命啊！这个官员说的痛心疾首，好像一条人命关系很大。而他这么说完后，很快朝中的其他人便不停的跟着嚷嚷了起来：“圣上，一条人命啊！太子殿下竟然就这样要了一条人命，他简直毫无恻隐之心！”没错，没错。 太子殿下这样做实在是不妥，不妥呀！圣上尚且爱惜那些百姓的性命，可太子却如此。圣上，臣请撤换太子殿下，派其他人负责这件事情。圣上，臣也请撤换太子殿下。这些人把矛头指向了李承前，办法使用不当了，过于暴力了一些。而群臣这样不停的嚷嚷，李承前的脸色就变得有点难看了。当时那种情况，不杀人震慑还能怎么办？跟一群饥饿之人讲道理有用吗？可他到底是杀了人的。 所以他现在也不好说什么为自己辩解。不过这个时候，唐简站了出来，道：“圣上，太子杀人的确有点不对。不过当时那种情况下，若不手段强硬一点，那些鸡民怕是不会离开的。作为我大唐储君，太子殿下救助那些鸡民是仁慈，而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强硬的手段才行。臣以为太子殿下做的并没有什么过错，这是一个储君应该有的态度。”唐简开口，很快就有其他人又站了出来，跟着附和：“不错。” 太子作为我大唐储君，说话也应该是有一定的效用的吧。可是那些难民不当回事，不震慑一下他们怎么能行？难道要太子殿下去求他们吗？那样的话，我大唐的脸面何在？即是即是，太子殿下作为我大唐储君，做这件事情好像并无任何不妥吧。太子殿下在这个高度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人在一定的高度做一定的事情，就不会让人觉得不合理。比如说，有人很有钱，那么他买了一件奢侈品，就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 因为这个在他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可若是一个人没有钱，他借钱买了一件奢侈品，那就让人觉得这个人做这件事情很不对，很有问题了。太子是大唐储君，他的话就是命令，有人不听，杀了不是很正常吗？这是太子应该有的特权。朝中群臣不停的说着，李世民听着朝中群臣不同观点，心里也是衡量了一下，李承前做的事情是对的，杀人多少有点不太好，但太子大唐储君的威严又绝对不容人侵犯。 这两点叠加之后，李世民觉得太子杀了一个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小事，很小的事情了。所以，在众人这样不停说着的时候，李世民也只是挥了挥手，道：“好了，此事不必再提了。那些难民，太子一定要好生安顿。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再发生了。”自从那次弹劾之后，李承前仍旧负责从河南到来长安城的那些饥民事宜。此后一段时间，那些饥民陆陆续,续续的来，可能是有了前车之鉴吧。 来的那些饥民，并没有什么人在嚷嚷着进城，而他们刚到京城地界后，就会被人给领到粥棚那里，安排食物和住处，所以整个赈灾事情还是很顺利的。等杜正伦将河南道的灾情彻底解决了，这些饥民差不多就可以离开长安城，回他们自己的家去了。也就是说，杜正伦的赈灾结束，李承前这边的事情才算是结束。如果河南道那边的事情一直拖着，这边虽然不至于出现什么事情，但朝廷为之付出的粮食肯定是要多一些的。 不过，在李承前看来，以杜正伦的能力，要解决河南道的事情，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他只需要在长安城这边做事，防止一些意外发生就行了。至于粮草，户部的粮食还有很多，应付这些事，饥民一段时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管是谁，都觉得饥民的事情差不多要结束了。整件事情并没有起什么波澜。可就在众人觉得只要将此事交给时间就行了的时候，长安城却突然出事了。这天晚上。 李承前正在东宫休息的时候，一名太监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不好了，出事了！”李承前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立马从床上跳了起来，问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承前从屋内走了出来，看到一名太监满头大汗，整个人的脸颊都红彤彤的。“太子殿下，户部户部存放赈灾粮的地方走水了，好大的火，好大的火呀！粮食粮食怕是要毁于一旦。”听到这个消息后。 李承前整个人都差点跌坐在地上。他救济那些灾民的前提，就是户部的担心赈灾粮食。一旦这些粮食毁掉了，那如何救济那些灾民？灾民没有粮食吃，刚刚平静的日子，只怕很快就会再次闹腾起来吧？之前有一两千人还可以杀一儆百，可如今有一两万人，你杀几个人就有用了吗？这么多难民一下子涌入长安城，会是个什么情况？李承前还是很快让自己镇定了下来，然后便急匆匆地向户部赶去。 不过他还没有走到户部，便看到户部有浓烟飘起。再走得近了一些，便看到了火光。火光如同一条条火龙，在四周乱窜。靠近户部之后，便感觉到了一股灼热。此时，户部救火的人进进出出，乱成了一团。李承前看到这种情况，眼眸凝得厉害。他进得户部之后，找到了户部的官员，厉声问道：“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户部因为对于朝廷至关重要，所以不管是防盗啊，亦或者是防火。 都是做足了准备的，户部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今天晚上却起火了。李承前询问那名官员，却是害怕的，整张脸都变了颜色。太太子殿下，下官下官也不知道啊，下官已经派人去查了，应该很快就能够查出来。李承前哼了一声，喝道：“赶快救火，一定要减少损失。还有，尽快弄出一批粮食出来，明天要送去城外灾民那里。若是没有粮食，整个长安城就都乱套了。到时候，本太子要你全家人的脑袋。” 听到这话，那个官员顿时吓得瑟瑟发抖起来，但也不敢反驳，只能连连点头应下。蜀王李克的府上，夜色已经很深了，但李克并没有丝毫去休息的意思，他在等消息，而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够等到消息。没过多久，一名黑衣人便出现在了他的房间里。事情办的怎么样了？回王爷话，已经办妥了。如今户部大火已经烧了起来，赈灾那些饥民的粮草恐怕剩不下多少了。听到这个结果。 蜀王李克才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本来他是想派人去蛊惑一些难民，然后让那些难民冲进长安城，在长安城进行抢劫和打砸店铺的。而只要发生了这种事情，太子李承前少不得就要治一个办事不利之罪。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李承前竟然成功阻止了第一波要进城的难民，而且杀一儆百，让其他难民知道了厉害，以至于那些难民来了之后也不敢再嚷嚷着进城。如此的话，他之前的安排也就等于作废了。 但他又不甘心就这样作罢，所以便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毁掉那些饥民的粮草。只要那些饥民没有了粮草，他们肯定是会闹事的。那个时候，就算李承前杀多少人都没有用。就算一开始的时候，李承前还能找到一些粮食应付支撑着，可粮食不多，总有用完的时候。一旦粮食用完，李承前还是要接受即将面临的危险。李克嘴角露出了一丝浅笑，而后望向那个人，道：“你做的不错，这壶好酒是本王赏给你的。” 喝了之后就回去休息吧。这个人是李克的亲信，也是李克培养的死士。他听完李克的话后，并没有丝毫迟疑，拿起那一壶酒就喝了起来。只是他这么刚喝完，整个人的面部突然就变得极度扭曲起来，紧接着他便七窍流血，扑通一下倒地身亡。他到死都不敢相信李克竟然要毒死他。他可是李克的死士，李克要他去死，他绝不会皱一下眉头。可这样，李克还不肯相信他，还要他死吗？那个死士死了。 李克看着地上躺着的人，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不要怪本王狠心，实在是火烧户部这件事情关系重大。你若是被人查了出来，牵连到了本王，本王想要争夺皇储，可就一点机会没有了。但你若是死了，可就死无对证了。这样，谁还能怀疑到本王？在李克看来，做事情有时候就要狠绝一点。这个世上，除了他的母妃，谁人杀不得？这样说完之后，李克的嘴角又露出了一丝冷笑。如今的户部应该乱成一团了吧？ 户部的确乱了，一场大火烧了许久，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终于全部熄灭。不过，就算如此，也仍旧可见浓烟冲天。李承前整个晚上都在户部，他的脸色很难看，整个人也都显得十分的冷酷。户部的人来禀报情况的时候，都感觉浑身是在发抖的。太子殿下，粮食被烧的只剩下了很少，最多能够支撑那些难民两天。户部的人没敢多言。太子李承前听到这个之后，突然有些愤怒，道：“查。” 给我查，一定要将起火的原因给我找出来。户部的人连连点头，可是心里却暗暗叫苦。火的事情，他们已经开始派人调查了，只是到现在都没有调查出什么来。这场火起的有些突然，只怕不好调查。但太子发话了，他们也不敢找什么借口，只能连忙去查了。这个时候，李承前又道：“粮食刚收回来，各地储存的粮食应该还是有的，你派人去收购粮食，越多越好。”户部官员又是连忙应下，想要让那些饥民度过难关。 他们现在也只能收购粮食了。一场大火烧了户部粮草，这长安城的粮食恐怕要涨价。想到这个，户部的官员就一阵肉疼，这可都是钱啊！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长安城传开了。李世民刚起床，就有工人急匆匆跑了来：“圣上，昨天晚上户部走水，赈灾的粮食都被大火给烧了。”李世民的身子猛然站立了一下，紧接着问道：“什么粮食都被大火给烧了？”工人点点头：“都被大火给烧了，没剩下多少。” 李世民的眼眸凝着，道：“可恶，实在是可恶，谁做的？还没有调查出来。如今太子殿下正为接下来的粮食发愁呢。圣上，您看这该如何是好？”李世民苦笑：“户部没有粮食，问他也没有用啊。”李世民思虑了片刻，而后说道：“此事既然交给了太子，那就让太子全权负责吧。”李世民突然很想看看太子的本事，他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件事情。 粮草被烧很严重，但多半动不了他们大唐的根基，所以李世民虽然急，但并不是很急。如此，倒不如看成是对太子的一种考验。李世民这样开口后，那个工人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而消息在长安城传开后，长安城的那些人很快就意识到朝廷缺粮食了，而意识到这个后，各粮铺的粮食随之就涨价起来。这个世上，只要有粮食的人都可以说成是商人的，商人趋利。如此的话。 他们自然是希望自家的粮食能够卖一个好价钱的。如今朝廷很有可能要收购粮食，那他们此时不涨价，更待何时？长安城的粮食涨价，而粮食涨价的时候，很多人其实都不是特别愿意卖粮食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不卖的话，粮食的价格可能会涨得更高一些。人都是会有一些贪心的，如此，户部的人就算再收购粮食，也肯定收购不了多少了。而情况的确就是如此。一天过去后，户部也没用收购到多少粮食。 连城外难民一天的口粮都没有收购到，而且粮食的价格越来越高，这对户部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黄昏来临前，户部的官员急匆匆的跑去东宫，把情况跟李承前说了一下：“太子殿下，粮食不好收购啊，我们的粮食加上今天收购的，最多也就支撑两天。可粮食的价格越来越高，再收购的话，对户部来说压力很大。这两万人的吃饭问题，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小事，很不好解决的。”户部官员说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李承前脸色深沉，许久之后开口道：“你们继续收购便是了，我明天再想办法。对了，调查出起火的原因了吗？还还没有调查出来，继续调查。”“莫。户部的官员退去，李承前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他也觉得有点发愁。就这，还是封锁了一下消息的。如果城外的饥民得知了，指不定怎么闹腾呢。次日天气很热，太阳毒辣辣的。一大早，李承前便离开东宫，去了秦国公府。 粮食不好收购，那他也就只能去找晴天了。晴天家的粮食很多，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借一点出来。在他看来，晴天是一个很为国为民考虑的人。如此面对这种情况，他向晴天借一点粮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太子李承乾来到秦国公府的时候，晴天还在睡觉。天气越来越热，只有早上的时候还算是凉快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晴天更喜欢补觉。不过太子殿下来了，晴天也只能连忙起身迎接了。太子殿下怎么来了？ 晴天望着李承前，多少猜到了他来此所为何事。户部大火，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知道了。他晴天的消息一点不比其他人慢，自然是早就知道了的。先生，户部大火的事情，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我让户部收购粮食，可是粮食涨价，很多人也都不肯卖。但城外的那些百姓又必须得有吃的、啊，所以我便想到了先生来。李承前先这样说了一下，晴天则是有点好奇，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什么？难道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吗？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粮食，谁都没有办法。不过晴天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问道：“那太子殿下来此的用意是？”借粮。先生家的粮食很多，如果肯借给我一些的话，多少能解燃眉之急。听到李承乾来此是为了借粮食，晴天顿时就有点无语了。现如今粮食涨价了，卖粮食显然更划算啊！谁会借？现在借了，以后粮食跌价的时候还回来，那自己的多亏啊！晴天觉得李承乾显然不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 但李承前不活，他秦天会啊，他会在这个时候把粮食给借出去？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慈善这种事情也不能随便做啊。秦天想抽人，没见过这么坑他的。太子李承前望着秦天，想要借粮，秦天却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口道：“太子殿下有没有想过，两万难民靠借粮食，恐怕是堵不住那么多长嘴的？不怕告诉太子殿下，除去客栈店铺所需的粮食，就算是把我秦家所有的粮食拿出来。” 也只够那两万难民吃上半个月，半个月顶用吗？而且我秦家这么多人就不吃饭了。秦天府上的粮食是很多，但如果他们这百十来号人吃的话，吃一年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还有结余可以卖出去。但如果是两万人来吃的话，肯定是吃不了多久的。两万人的这个基数很大，大的任何东西碰上之后被分下来就很少，而所需要的东西则会很多，他秦天家里的粮食支撑不起。李承前愕然。 他以为晴天会借的，不曾想晴天却说了这话。不过他对晴天并没有因此而有什么想法，因为他知道晴天说的很有道理，但要他就这样放弃，似乎也不太可能。所以太子李承前又开口道：“先生说的是，不过我不需要你们秦家所有的粮食，只要很少的一些就够了，这些百姓一天的口粮就行。我会去从其他人那里继续借，这样的话应该是能应急的。而只要应了急，长安城的那些粮铺看到无利可图，粮食的价钱自然就会降下来。” 那个时候，我再让户部派人去购买就是了。李承前想得很好，但晴天仍旧不怎么想借粮食。太子殿下出手，自然是能借到粮食的。只是太子想过没有，借了人家的粮食，就等于欠了人家的情分啊！太子作为我大唐储君，怎么能欠太多人情分？我们两个人关系不一般，我若借也就借了，可其他人呢？储君这个样子是不好的，圣上若是得知，怕也不会高兴。事情关系到了储君，太子李承前多少就犹豫了一下，只是他又很问难。 先生说的极有道理，只是那些难民没有饭吃，恐怕是要闹事的话，如此赈灾不能完成，父皇对我也肯定会十分的失望。晴天在心里暗骂了一句，但紧接着又道：“太子殿下有没有想过，为何户部会缺少粮食？为什么你现在会处于这样的境地？此事到底是什么人所为？”这因为粮食短缺。李承前倒是没有想到这里，他只是派人去调查，没有想过自己的处境是如何造成的。可现在晴天这么一说，他顿时就有点恍悟过来了。而他明白之后。 整个人的眼眸就有点凝了起来。太子殿下可知道怎么做了？李承前抬头看了一眼晴天，好像从晴天的,的眼神里面发现了一些什么，紧接着他便点了点头，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多谢先生指导。说罢，李承前便直接离开了，对晴天感激不尽。晴天这边摸了摸下巴，他只是不想借粮食出去罢了。那里有什么指导？不过李承前既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那也就说明这个太子人还不算太笨。 从晴天的府上离开之后，太子李承前整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很显然，户部是有人故意放火的，为的便是要他这个太子完不成赈灾。而整个大唐跟他李承前为敌的人有几个？无非就是李克和李泰这两个人罢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做的。如此的话，他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肯定也是要针对他们的。想让他李承前吃瘪，可没有那么容易。而给他李承前制造了麻烦。 那么他们也别想着置身事外，在旁边看热闹。很快，他李承前就会让他们知道他的厉害。李承前越想越觉得心里舒服，头脑清晰。而就在他回到东宫，刚要安排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名工人急匆匆的跑了过来：“太子殿下，不好了！城外的难民知道户部着火的事情了，他们现在都嚷嚷着要进城，要吃饭呢。”户部着火，朝廷粮食短缺的消息，若是传到了饥民那里，他们肯定是会很担心的，担心自己以后可能就吃不上饭了。 如此的话，他们觉得还是进城更为安全一点。进了城，他们就是乞讨，也不至于饿死自己吧？李承前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有点生气了，骂道：“这些饥民真是可恶！”走，说着，李承前便连忙带人向城门处赶去。来到城门这里后，李承前向外面望了一眼，此时外面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看到这个之后，李承前无奈的苦笑了一下。而此时下面的那些饥民不停的嚷嚷着：“我们要进城！” 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进城，我们要吃饭，让我们进城，让我们进城。这些人一边喊着，一边撞击城门。不过，只要唐军不打开城门，就凭他们这些人想要进城，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长安城啊，大唐的都城，若是被一群鸡民攻破，那可就成为了笑话。就是十万鸡民，甚至十万大军，想来攻下长安城，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看着下面的那些鸡民，李承前高声喝道：“户部的确着火了，但我朝廷的粮草很多。” 绝对不会少了你们的饭食，这个你们大可放心，有我这个太子作证，你们还有什么不信的？都回去，每天你们仍旧能够吃到饭菜。可如果继续在这里闹事的话，也别怪本太子不客气。胆敢扰乱我大唐稳定，那可是要以谋反罪论处的。回去吧，若是你们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本太子亲自为你们打开大门，让你们进来。李承前在楼上说着，他的话现在还是很有威力的。他这样说完之后，那些饥民犹豫了一下，然后便有人陆陆续续的离开了。 对于李承前的话，他们还是相信的，而且现在他们也并没有缺少饭菜吃嘛。他们今天是吃饱才来闹的，纯粹就是因为担心。但李承前既然承诺了，那他们何不相信一次？这个世上消息的传播是最快的，就算李承前有意封锁户部大火的消息，但只要有心人想要传播，还是可以传播出去的。李克在府上很快就听说了饥民闹事的事情，而听到这个之后，他便知道他的人已经把消息传了出去。 虽说鸡民闹事很快被压了下去，但他相信李承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不容易。整件事情说白了就是粮食的事情。如今粮食被烧，那李承前就要弄粮食，可粮食是好弄的吗？只要李承前弄不来粮食，城外的鸡民没有粮食吃了，那他们很快就会继续闹起来的。那个时候，这些鸡民可就不好说话了。虽说这些鸡民也闹不出什么大事来，朝廷要镇压他们也容易。可李承前真的镇压了他们的话，这赈灾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此，李承前这一次不仅没有完成赈灾，得到百姓认可，反而会被人诟病。想到这些，李克就忍不住的笑了起来。他只需要等着消息就行了。鸡民被劝退了，李承前这才急匆匆的又赶回东宫。回到东宫之后，李承前将自己的几名亲信叫了过来，对他们吩咐了一番。这些人听完后不做迟疑，立马下去按照李承前说的去办。而李承前这里也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只有两天的时间，不过。 如果他的这个办法成功的话，两天时间足够了。长安城这边百姓还在不停的议论着户部的大火，很多拥有粮食的人仍旧在待价而沽。次日早朝，群臣议论了一两件事情后，就有官员站了出来：“圣上，臣要弹劾王东贪污，且有谋反之嫌。”这名官员站出来说完这话之后，李克的神色微微一凝。这个王东是他李克的人，而且帮他李克做过不少比较隐蔽的事情，怎么会有人突然弹劾他呢？ 李克觉得情况有些不妙，李世民这边听到这话后就有点生气，问道：“王东贪污谋反，可有证据？”“圣上，证据在此，请圣上过目。”那名官员将证据提交了上去，这些都是李承前派人交给他的东西。证据说不上特别的铁证如山，但很多贪污啊、杀人的证据却是千真万确的。谋反的也有，但只是有一些嫌疑罢了。李世民看到这些证据之后，脸色变得越发难看起来。 紧接着便见他瞪了一眼王东，道：“王东，如今这些证据指明你贪污谋反，你可有什么要辩解的？”圣上，冤枉，冤枉啊！臣没有贪污，更没有谋反，请圣上明察。说这话的时候，王东下意识的向李克望了过去，但李克那里敢跟他有什么眼神交流？李克只是神色平静的站在那里，似乎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个时候，那个弹劾王东的官员又道：“圣上，有没有贪污？有没有谋反？” 派人去搜一下他的府邸就清楚了。这话说完，李世民点了点头，即是来人去搜查一下王东府邸。很快有侍卫领命退去。这边又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圣上，臣要弹劾陈慧，他也有贪污谋反的嫌疑。”听到又有人弹劾，李世民就觉得奇怪了，怎么今天弹劾的这么厉害？不过有人弹劾还是要调查一下的，证据拿上来。那个官员很快把证据拿了上去。 这些证据也是太子李承前派人送给他的，而那个陈慧也是蜀王李克的人。当然，并非李承前故意针对李克，而是李承前要慢慢弹劾，不会一下子把所有人都给弹劾了。今天只是动李克的两个人，可能明天就要动李泰的人了。这样一天动两个人，把他们的家都给抄了，那他李承前救济灾民的粮食也就都有了。证据拿了上来，李世民看过之后，又是冷哼了一声。他并没有询问那个陈慧。 直接就派人去搜查陈慧的家去了。大殿变得很安静，陈慧和王东两个人都有些紧张，虽是夏日天气，他们却有点浑身发抖的感觉，额头上则冒的是冷汗。没过多久，侍卫便急匆匆的赶了回来。圣上已经搜查过了，我们在王东和陈慧的府上都搜到了大量的金钱，这些和证据上说的十分吻合。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私自打造的兵器，有千余件，有贪污的钱财，有打造的兵器。 这些不是贪污谋反是什么？侍卫的话音落下之后，李世民顿时就哼了一声：“你们两个人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贪污，而且还想要谋反！如今证据确凿，你们两个人还有什么要说的？”两个人面容悲苦，却又十分的委屈，说：“他们贪污，他们认了，他们的确利用自己的职权贪污了。可说他们想要谋反，那却是根本没有的事情啊！那些兵器只是李克给他们的呀、啊，至于李克要做什么，他们那里知道。” 当时李克只说让他们先给存放着，可现如今被人举报，他们也不敢将李克给暴露出来啊，所以两个人只能不停的喊冤。只是现如今证据确凿，他们喊冤又如何？父皇，这两人贪污受贿，儿臣觉得应该将他们抄家，将他们所有的财物都换成粮食，救济城外的饥民。毕竟他们贪污的可都是民脂民膏啊。就在事情确定下来之后，太子李承前站出来说了这么一句话，而他说这么一句话。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这么一说后，大家顿时就明白过来，怪不得今天有人连续弹劾了两个人啊！原来是太子李承前在背后指挥此事。这王东和陈慧两个人贪污了那么多钱财，这些钱财若是换成粮食，够城外的饥民吃半个月的了。半个月，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个时候救济灾民的事情也就容易的多了。这手段有点奸诈，但也不得不说是个好办法。众人此时对太子李承前已经有了一些改观。 他们的这个太子竟然会用这种手段了，看来他们的这个未来储君不简单啊！长安城这边的情况有所好转，而这个时候的河南道那边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杜正伦带着赈灾粮浩浩荡荡的来到了河南道地界，只是他们刚到河南道地界，走到云蒙山的时候，突然被一伙山贼给拦了道。这伙山贼人数不多，也就百十来人，相比较杜正伦的千余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只不过。 这些人对于云蒙山的地形十分的了解，拦住道后，并没有跟杜正伦发起正面的冲锋，而是跟他们在云蒙山上来回的绕，结果弄得杜正伦很是头大。最后一个不慎，被那些强盗夺走了一小半的粮草。一小半的粮草对于杜正伦来说已经不算少了，本来他带的粮草能够支撑河南道的饥民一个月，但少了那一小半后，就只能跟支撑二十来天了。二十来天，他们后续的赈灾粮恐怕一时半会来不来吧？杜正伦来到河南道后。 一开始的时候，赈灾还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有粮食嘛。但是到了后面，赈灾就变得有点困难起来。而面对这种情况，杜正伦虽然也有想办法解决，但显然并不是特别的积极。大人，如今很多鸡民一天已经由之前的两顿饭，减为了现在的一天一顿饭。再这样下去，恐怕河南道会乱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弄一些粮草出来？是啊，大人，如今那些鸡民很是有怨言啊。若是不让他们吃饱饭，他们怕是要闹腾。鸡民吃不饱饭。 肯定是要闹事的。杜正伦的一些副官很是着急，只是杜正伦自己却是神色平静，道、哦：“放心吧，这些难民还闹不出什么事情来。一天吃一顿饭还饿不死人。如果我们现在让他们吃两顿，我们的粮草很快就会没有。那个时候，朝廷的赈灾粮没有送来，才会真的出大事。至于想办法弄粮食，如今的河南道粮食的价格高的离谱，粮食那里是好弄的，事情很难办。当然，也不排除杜正伦不想过于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来的时候。” 长孙无忌已经告诉过他了，要他尽量忙一点，如此好给太子李承乾找一些麻烦。杜正伦这样说完之后，那些官员也是一点办法没有。杜正伦才是钦差，他们这些人能怎么办？杜正伦在河南道不怎么积极赈灾，长安城这边李泰已经得知了相应的消息。那些山贼自然是他派人给找的，为的就是给杜正伦增加一些麻烦。那杜正伦若是不能赈灾，让河南道发生了叛乱，那更是他想要看到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叛乱什么的不可怕。 让晋王李治掌控了更多的权力才可怕。如今他的计划多少已经完成了一些，那他接下来也是时候对杜正伦进行一些弹劾了。李泰很快找了几个人来，对他们进行了一些吩咐。这样吩咐完之后，他便不由得发出了一丝浅笑。接下来他只需要等着就行了。次日早朝，李世民正与群臣商议着事情，在这些事情商议的差不多的时候，一名官员站了出来：“圣上，臣要弹劾杜正伦。”听到有人要弹劾杜正伦。 长孙无忌的眼眸就微微凝了一下，李世民这里也是一愣。那杜正伦正在河南道赈灾，此时有人弹劾他，这是什么情况？莫不是赈灾之事出现了问题？哦，爱卿，你要弹劾杜正伦什么啊？圣上，杜正伦去了河南道后，并不积极赈灾。现如今，灾民每天只有一顿饭吃，而且根本就吃不饱。那些灾民只是处于饿不死的状态。杜正伦作为赈灾的钦差，却让灾民这般的受苦，这简直就是失职啊！简直就是不顾饥民死活！ 这样的官员，难道不应该被弹劾吗？这个官员把情况说出来后，整个朝堂顿时震惊不已。什么？竟然还有这种事情！这个杜正伦还真是好大胆子，啊，竟然这一般虚与委蛇。我朝廷弄去了那么多粮草，他一天只给那些饥民吃一顿饭，真是不要脸啊！一顿饭谁能吃得饱？只怕很多人都撑不下来吧？指不定河南道那边现在死了多少人呢？这个杜正伦真是可恶，这一般的草菅人命，枉费了圣上对他那么信任。 将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办。对杜正伦不喜的人很多，李泰、李承乾，甚至是李克都不喜欢。如果不是因为杜正伦，他们兴许就有可能去河南道赈灾了。如此，杜正伦在河南道办事不利，他们这些人肯定也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一时间，朝堂之上对杜正伦弹劾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也许并不清楚杜正伦在河南道的情况，但逮住了机会，该弹劾还是要弹劾的。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后，脸色就有点难看了。 当初选择杜正伦去，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杜正伦的信任，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杜正伦的身份。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杜正伦竟然辜负了他的信任，竟然在河南道消极赈灾。这样的话，那些灾民的日子恐怕不好过吧？朝中臣子弹劾他也是应该，很多人都想要将杜正伦严惩，撤掉他现在的职务。不过，若是撤掉了杜正伦，再派其他人前往，那这其中浪费的时间可就多了。时间浪费，指不定要死多少难民呢？ 想了想，李世民也只能强忍心头的怒火了。好了，诸位爱卿安静，此事朕已知晓。不过，朕对杜正伦还是很信任的。朕相信以他的能力，应该能够很快解决河南道灾民的事情。吩咐下去，朕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务必将河南道的灾情给解决了。若是一个月后他还没能解决河南道的事情，朕要他脑袋。而且他杜家后代所有人都不得入朝为官。要杜正伦脑袋，这已经是很严厉的惩罚了。所有杜家人都不得为官，则要更重一点。 听到这话，众人都有点愕然。本以为李世民要替杜正伦说话，不曾想却是给杜正伦增加了压力啊！退朝的时候，长安城的天气十分的炎热。李泰回去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有点神清气爽。虽然没能弹劾掉杜正伦，但他父皇给杜正伦加了一个期限，这对杜正伦来说可是有点要命的呀、啊！河南道的灾情还是很严重的，给杜正伦一个月的时间，他能够解决了才怪。而杜正伦解决不了，他就得死。他父皇的话已经说出来了。 自然是一言九鼎的。天气很热，但今天李泰出奇的没有感觉到热。长孙无忌在退朝之后，便直接坐着马车回到了府上。本来他以为让杜正伦拖慢一下赈灾的速度，对太子李承乾来说会制造一些麻烦出来。谁曾想，给太子李承乾的麻烦没有弄出来，反而让杜正伦有了麻烦。如果一个月后河南道的灾情没有得到解决，那杜正伦可就危险了呀。而杜正伦作为他在朝中少有的几个有实力、官职又高的人。 他是怎么都不舍得的。要知道，他的一个人爬到杜正伦这样的位置，哪怕一路上顺风顺水，也得好几年的时间才行啊！整个大唐像晴天这样的妖孽是少之又少的，很多人都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的。现在的长孙武家有点担心，他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才行。回到府上之后，长孙无忌便把自己关进了书房里。他在书房来来回回的走着，这样一直到黄昏前，他才终于有了主意。来人！很快，一名下人跑了过来。 道老爷有什么吩咐？长孙无忌拿出了一封信，道：“见这封信，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河南道杜正伦的手里，要他无论如何都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不然他的身家性命就别想要了。事情很严重，所以长孙无忌必须特别叮嘱一下。”那个下人听到之后，并无任何迟疑，连忙便点头应了下来。信送出去之后，长孙无忌这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如果杜正伦按照他说的去做，兴许还能活命；可若是杜正伦不按照自己说的去做， 那他的性命多半是要没有了的。河南道，杜正伦仍旧在赈灾，速度不快也说不上慢。按照他的能力，两个月后河南道的灾情差不多就能够解决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了朝廷派人送来的圣上口谕，要他一个月之内务必完成赈灾，不然就要他杜正伦的性命，他杜家的后代子孙也别想再当官了。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杜正伦一下子就傻眼了。宰相，宰相误我，宰相误我呀！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话， 从一开始，他就会积极赈灾。如此的话，那一伙山贼想要劫走他的一部分粮草，也是绝无可能的。那样的话，他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赈灾，这样就算李世民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限，他也能够保证完成这个任务。可现在，前面的基础都没有打好，想要在一个月内完成赈灾，恐怕就不容易了呀。杜正伦很痛苦，特别的痛苦，同时也十分的后悔。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怎样才能够在一个月内完成赈灾？ 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的走着，这样走了许久之后，他才让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而冷静下来后，他多少也想清楚了一些事情。以现如今的情况，想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赈灾，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足够的粮草。只要有足够的粮食，那些饥民就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这样的话，灾情也就能够得到解决。只是从一开始，他们就缺少了一部分粮食，而朝廷的赈灾粮就算是运来了，也不可能算得上是充足。粮食不充足。 一个月内完成赈灾就不可能。一开始错了，后面想要弥补的话，就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世上的事情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痛苦，痛苦。许久之后，杜正伦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他很奇怪，事情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不应该，太不应该了。可事情就是变成了这个样子。杜正伦痛苦了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他接到了长孙无忌派人送来的信。接到信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想看的，甚至想要一气之下。 将信给撕了，只不过犹豫了片刻之后，他还是决定将信给打开。不管怎么说，这是长孙无忌的信，万一他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说呢？把信打开之后，杜正伦看到了长孙无忌在信上给他说的事情。只是这样看过之后，杜正伦并没有因此而欣喜，他只是有点震惊，震惊的目瞪口呆。长孙无忌在信中说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跟他之前想的是差不多的，只是又有一点区别罢了。按照长孙无忌的办法。 的确有可能在一个月内解决了这件事情，只是长孙无忌的办法未免过于恶毒了一些，只怕就算他解决了问题，回到长安城后也要遭到弹劾呀。杜正伦有点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按照长孙无忌说的办法去做。杜大人，长孙大人已经说过了，这是您最后的机会，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您的脑袋就别要了。圣上既然开了口，到时候谁都帮不了你。说到这里，长孙无忌的人又开口道：“杜大人在这里消极赈灾，圣上已经很生气了，对杜大人你很生气。” 若是你再犯了错事，没能完成圣上说的任务，那什么后果，杜大人自己去想吧。这个人的话自然并非是危言耸听，当然，他的话也都是长孙无忌教的。长孙无忌就怕杜正伦不按照他说的去办，这样的话，杜正伦想要活着可就真的难了，所以他才教了下人这么一番话。而他这么说完之后，杜正伦的脸色显得就越发的痛苦起来。不过脸色虽然痛苦，他还是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告诉长孙大人，就说他的办法我会用的。 现如今这种情况，想要活命的话，自然是要在一个月内完成赈灾的。长孙无忌的办法可以完成赈灾，那他自然是要用的。为了活着，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李泰他们都在等着河南道那边的消息。他们觉得河南道那边杜正伦肯定是不可能如实完成赈灾的。只是就在他们这样认为的时候，河南道那边的消息传了过来。 杜正伦完成了赈灾，这个消息传来之后，李泰很是震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怎么会这样？一个月的时间，杜正伦怎么可能完成赈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泰有点愤怒的询问。这个时候，探子连忙把情况给说了一下。王爷，本来那杜正伦是不可能如实完成赈灾的，只不过后来他把好的粮食全部换成了其他不好的粮食，用面粉、大米换成了糟糠之类的。好粮食换赖粮食，肯定能换好多出来啊。这些东西虽然赖，但还是能吃的。 而且很顶饿，那些饥民一下子就拥有很多的粮食。他们有了粮食，这饥荒也就给解决了。听到这个，李泰有点愕然，他没有想到杜正伦会这样做。不过，杜正伦用好粮食换成不好的粮食给饥民吃，这简直是一件十分恶毒的事情啊！朝廷弄去的是好粮食，他怎么能让饥民吃赖粮食呢？虽然杜正伦完成了赈灾，但此时的李泰并没有特别的失望，至少他觉得这件事情还有可以操作的余地。想过之后，他立马就吩咐了一下。 次日早朝，李世民也已经得知了河南到饥荒得到解决的事情了。而且现如今，长安城的那些饥民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返程了。想要离开家乡的人少之又少。如果家乡可以很好的活下去，他们自然是要回去的。毕竟那里有他们的家，也有他们的土地啊。在长安城这里，他们什么都没有。如果没有朝廷的救济，他们想要生存下来是很难的。饥荒的事情得到了解决，李世民是有点大快人心的。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官员站了出来：“圣上，河南道的灾情虽然得到了解决，但臣还是要继续弹劾杜正伦，因为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快赈灾，是因为他将朝廷弄的赈灾粮换成了糟糠之类的粮食，这些基本上都是喂猪的，可是他却拿来给百姓吃，这简直就是对百姓的侮辱，简直就是不顾百姓的死活。那么多好粮食啊，去了那里，臣怀疑杜正伦贪污。”这名官员把情况说出来后，满朝震惊：“什么？杜正伦竟然给饥民吃的是糟糠？” 可恶，实在是可恶啊！这个杜正伦简直就不是人，他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情来？这个杜正伦，人人得而诛之，人人得而诛之啊！不是人，简直不少人。我们长安城这边还给百姓吃了好面好米呢，杜正伦竟然这样做，简直罪不容诛，罪不容诛！朝中的官员很愤怒，杜正伦的行为触碰到了他们对于良知认识的底线，他们就没有见过这般不要脸的人。愤怒，愤怒！官员对杜正伦口诛笔伐。 而此时的李世民坐在大殿之上，也是眼眸凝着，有着一股说不出的愤然来。这一次，杜正伦是真的辜负了他的期望啊！此时，哪怕杜正伦完成了赈灾，李世民也有一种杀了他而后快的冲动。不过，就在众人这般议论纷纷的时候，长孙无忌站了出来：“圣上，有关河南道的情况，臣也知道了一些。臣觉得杜正伦这样做虽然不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也是唯一能够解决灾情的办法呀。”长孙无忌是宰相。 而且一直深得李世民的信任，他在朝中也有很庞大的势力。他这么开口之后，整个大殿顿时就安静了许多。李世民望着长孙无忌道：“长孙爱卿的意思是？”长孙无忌道：“圣上，杜正伦带着粮草刚入河南道，就遇到了一伙山贼。那伙山贼仗着地势，掠夺了一部分粮草去，以至于杜正伦在接下来的赈灾变得有点困难。并非他不积极赈灾，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后来，杜正伦被弹劾。” 他不得不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赈灾，可要完成赈灾，就必须得有足够的粮食。啊，可杜正伦那里来那么多粮食，如此他才只能出此下策。圣上能够及时的完成赈灾，不知道解救了多少饥民，所以就算杜正伦有错，也请圣上考虑一下他当时的情况。杜正伦会被弹劾这事，长孙无忌在给杜正伦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料到，而杜正伦受一些惩罚也肯定避免不了，但相比较被砍头，那肯定是要轻很多很多的。 而且，只要再给他一个机会，他杜正伦说起来就起来了。长孙无忌这般说完之后，朝中的其他官员也就都陆陆续续的说了起来。圣上，臣觉得长孙大人言之有理啊，能够如实完成赈灾，这不知道拯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啊！杜大人此举，怕也是万不得已。不错，不错，当时的情况可不好解决，杜大人能够解决，足见他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请圣上宽恕杜大人，请圣上宽恕杜大人，请圣上宽恕杜大人。 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不弱，如此的话，想要让一些人替杜正伦开口也并非什么难事。现如今，替杜正伦辩解的人就有很多。当然，这些人辩解的时候，李泰的那些人却也是仍旧在不停的弹劾着杜正伦的。整个朝堂之上有些嘈杂，有点混乱。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之后，眼眸微凝，紧接着挥了挥手，道：“好了。”声音落下，整个大殿顿时安静了下来。李世民扫了一眼，道。 杜正伦此举的确不妥，但他到底也算是解决了河南道的饥荒，如此也算是功过相抵了一些，就罚他官降一级，罚俸禄两年吧。杜正伦这种情况不受罚肯定是不可能的，但罚得太重也不行，毕竟他是替朝廷做事，而且做成了，要是对他惩罚的太重，以后谁还帮他们朝廷做事啊？这个惩罚其实是刚刚好的。河南道的灾情得到解决，长安城的饥民陆,陆陆续续的离开。太子李承前这个时候。 才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所负责的事情总算是完成了。而此时的长安城正是盛夏时节，天气热的不行。李世民在御书房批阅奏折，虽说河南道的事情解决了，但他在看完各地送来的奏折之后，并没有什么喜悦，相反还有一些情绪上的烦躁。边关又催粮草了，其他地方也都多多少少出现了粮食不足的情况。河南道一场饥荒，足以影响到整个大唐啊！这种情况若是不尽快得到解决， 对他们来说绝对不算是什么好事，只是朝廷也没有那么多的粮草啊，这让他怎么办？看了几个奏折之后，李世民就有点气得看不下去了。他起身在御书房来来回回的走着，这样走了几步之后，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如此几番后，心情越发的有点糟糕起来。按理说，作为天子，承受能力应该很强才对，只是有些问题不解决，又总让人心里不舒坦。这样沉思许久之后，李世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于是连忙叫来工人，吩咐道。 快去将晴天叫来。自从晴天回到长安城后，便一直不曾上朝。毕竟他撤掉了晴天所有的职务嘛。不过这么长时间没有见晴天，李世民心里突然还有点想念他。如果晴天在朝的话，这种事情他应该很快就能够解决吧。工人领命之后，急匆匆退去。夏日炎热，长安城的街道上热得仿若蒸笼。晴天骑快马而来，风吹着也是热的。他很奇怪，李世民这个时候宣他进宫做什么？按理说。 河南道的饥荒已经解决了，李世民实在没有叫他来的必要。入得皇宫，秦天已经热得满头大汗，好在御书房这边是自雨屋，还算凉快一些。进去之后，他整个人才多少舒服了许多。不知圣上宣微臣前来，所谓何事？李世民道：“秦爱卿啊，最近各地送来的奏折都是缺粮，缺粮，朕这发愁啊。爱卿可有什么好的办法？”听到这个，秦天苦笑：“河南道是大唐的粮仓啊，河南道都闹饥荒了。” 其他地方能好才怪。只是粮食这种事情，李世民问他能问出什么来吗？但李世民既然问了，他若是不做出点什么来，也有点说不过去吧。想了想，秦天道：“圣上，我大唐之所以出现缺粮的情况，一来嘛，今年河南道闹饥荒，粮食减产严重；再有就是我大唐并无储备粮食的习惯。若是我大唐有储备粮食，那么就算其他地方闹饥荒，也并无什么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将储备的粮食运出去就行了。大唐不过开国二十来年。” 而这二十来年间，大唐可以说是战事不断的。如此的话，所需要的粮草也多呀、啊。他们的粮食少之又少，如此又那里有多余的粮食进行储备？秦天说的这个原因，李世民也知道。可储备粮食，那也得有多余的粮食才行啊。秦爱卿言之有理，只是如今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圣上问的是现如今各地缺粮的事情，还是我大唐以后不出现缺粮的事情？两者皆有。秦天道：现如今的事情吗？ 没有好的办法，毕竟很多地方都缺粮，而今年也弄不出更多的粮食，所以只能让大家都尽量节俭一些了。再有就是把粮食稍微富足的地方运一些到其他缺粮的地方，尽量度过今年的困境。这恐怕是现如今大唐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当然，很多富商啊、权贵什么的还是有粮食的，想办法从他们手里买一些粮食救急，兴许也是可以的。李世民点点头：“这个朕会安排下去的。那你说一下如何解决以后粮食短缺的问题。” 晴天颔首道：“这个办法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储备粮食了，在我大唐十道各设下一个巨大的粮仓。当那年的粮食丰收的时候，就多收购一些粮食，在粮仓里面进行储备着。这样，等那一年缺粮了，就可以将这些粮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当然，粮食每年都是要换的，这样避免粮食出现发霉的情况。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晴天的这个办法就是要人先想办法。这种情况其实历朝历代都有做，不算稀奇。大唐只是开国时间短，同时又战事不断。” 没有太多的粮食储备罢了。不过听完晴天的话后，李世民还是点了点头，道：“第二个办法呢？”相对来说，李世民更好奇的是晴天说的第二个办法。晴天道：“第二个办法，则是寻找更多可以作为粮食的农作物，这样能吃的东西多了，我们大唐自然也就不缺粮食了。”在晴天所在的那个前世，可以吃的农作物是很多的，比如说红薯啊，比如说玉米等等，这些东西的产量比大米啊、小麦什么的要高得多了。 如果这些东西可以在大唐普遍种植的话，那完全可以解决大唐粮食短缺的问题。不过现如今的唐朝，红薯、玉米什么的都还没有传到这里来，想要也没有。不过晴天有个主意，兴许可以试一下，所以他才说了这第二个办法。而李世民听完之后却是无语苦笑。本来他对晴天的第二个办法很好奇，也很期待，可是听完晴天的话后，他却是摇了摇头。古往今来，能够作为粮食的农作物并不算很多。 现如今能够被人接受的大米、小麦，那也是经过了人类无数次的筛选留下来的。也就是说，除了现如今能够作为粮食的大米和小麦外，其他很多农作物都是不能吃的。想要再找出一些来，谈何容易？在李世民看来，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再找到的。人所能吃到的农作物，就这几种吗？李世民把这些情况跟秦天说了一下，说的时候还露出了一丝轻笑，觉得秦天未免太过想当然。秦天却是说道：“圣上此言差矣。” 在我们大唐找不到可以吃的粮食，不代表海外没有啊！我们可以开海。圣上此言差矣，在我们大唐找不到可以吃的粮食，不代表海外没有啊！我们可以开海。听到晴天这话之后，李世民神色微微一动。他们大唐对于海外的情况了解的不是很多。他们大唐这里的百姓吃大米、吃小麦，那么海外的人吃的也是大米、也是小麦吗？不同地方应该有所不同吧？他们大唐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气候很是不同。 如果其他地方的农作物到了他们大唐，也是应该能够找到一些合适的土壤吧？晴天的一句话让李世民顿时解开了心结。爱卿言之有理，我怎么办？这个得忘了。那在爱卿看来，开海我们应该怎么开？李世民并非迂腐之人，晴天在想办法解决大唐的难题啊，他自然不会有任何的顾虑。晴天道：圣上，开海也简单，我们大唐现如今的船只不少，我们可以分出几波来，然后派人乘船出海，去往不同的地方。 把不同地方的农作物给引进过来，这样的话，我大唐的农作物多了，粮食的产量自然也就高了呀。晴天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李世民说了一下，而他的意思也简单，就是开船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把不同地方的农作物给弄来就行了。听完晴天的这些叙述之后，李世民点了点头，道：“好，那明天早朝，秦爱卿也来吧，我们君臣把这件事情给好好说一下。这可是解决他们大唐粮食短缺的大问题，李世民很重视。” 晴天见此，也就连忙点头应了下来。次日早朝，群臣早早的就来了。盛夏时节，天亮的早，如此的话，上早朝的这些官员也就起得早了。群臣来到皇宫门前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众人三三两两的站在一起闲聊。而就在这个时候，晴天也来到了皇宫门前。众人突然看到晴天出现，都愣了一下。晴天，晴天怎么来了？他好久没有上朝了吧？莫非有什么大事发生？肯定是有大事发生啊！ 不然晴天会来上早朝吗？虽然晴天没有在朝中担任什么职务，但不管是谁都觉得，只要晴天来了，肯定是有大事发生。而晴天就这样走来之后，也有不少官员前来打招呼。作为当初的尚书令，六部皆归晴天管辖，如此在朝中认识很多人也不奇怪。对于这些打招呼的人，晴天自然都是一个个的回应了一下的，然后他便找了一个地方站着等待。而他刚站下来，程咬金就跑了过来，压低声音道：“秦家小子。” 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今天你怎么来了？晴天浅笑，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不过发财的机会却是来了的。程咬金一愣，紧接着就有点激动，道：“什么发财的机会？”晴天也不点名，只是说道：“等早朝开始，卢国公就知道了。”程咬金翻了个白眼，对于晴天这种卖关子的行为很是不喜。不过他的心里却又十分的兴奋，赚钱的机会啊！晴天既然说了，那肯定是要赚钱的。两个人这样闲聊了几句之后，皇宫大门打开。 群臣陆陆续续的上了大殿，早朝开始，李世民就把各地缺粮的事情给说了一下。说完之后，他便开口问道：“诸位爱卿，各地缺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可有好的主意？”李世民询问朝中一众群臣，相互张望，但却没有一个人开口。他们知道今天的早朝果然有大事，只是这样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啊！他们也不是神仙，变不出粮食来。大殿一下子沉默了下来。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有点失望。 然后便继续说道：“对于这种情况，秦爱卿倒是给出了两个办法。第一，就是我大唐从今年开始就要在大唐食道囤粮了；再有就是派人出海，去海外其他地方寻找能够在我大唐种植的农作物。对于此，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事情果然跟晴天有关系，众人心里想着，紧接着就有人站了出来：“圣上，在我大唐食道囤粮并无任何的问题，只是开船出海去其他地方寻找农作物，怕是有点不妥吧？这样做的成本恐怕很高。” 最后弄来的农作物若是不行，反而有点得不偿失。即是即是，其他地方的农作物怎么可能在我们大唐生长呢？所以臣觉得不可，臣也觉得不可，请圣上三思，且不可听信晴天之言。众人嘀嘀咕咕的说着，对于开船出海的事情，他们大多都是反对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了。就开船出海的成本能够买好多粮食了。而众人这样反对着的时候，晴天站了出来，圣上。 若是能够引来农作物在我大唐种植，此举无异于是利在万民，功在千秋的事情啊！所以臣觉得此事势在必行。不过这些官员所说的成本太高，也的确应该考虑一下。听到这话，李世民有点发愣。昨天说的时候，秦天可没有说考虑成本的事情啊？难道是这些官员反对之后，秦天才考虑的？想想也是，如果不是这些人反对，这件事情要是顺利的话，秦天肯定不会想这个。 而现在，其他人提了出来，李世民也觉得应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了。哦，那秦爱卿觉得应该如何考虑？海洋很大，其他陆地也很多，我们到时候要派遣的船只和人也很多。如果将所有的事情都推给朝廷来办，对朝廷来说的确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陈之见，此事不妨开放一下，我大唐中的人，不管是谁想要出海寻找农作物的，都可以前来申请出海。他们弄回来的农作物可以让单独种植两年，两年之后。 若是有效果，必须在全国推广开来。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朝廷的成本压力，而且农作物的试验也不用朝廷操心和投入钱财。当然，若是农作物有成效的话，那些人也可以因此赚钱。不过相比较下，这个与我大唐的大业相比不算什么。晴天一番话说完，李世民顿时暗暗叫好。虽说晴天的办法有可能让朝廷在两年之内没有任何的收获，很多的什么发财好事。你说的这个怎么发财？ 程咬金有一点质问的意思，秦天笑了笑：“发财肯定是能发财的，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喝酒，边喝边聊。”众人一听这个，连忙都同意了下来。聊什么不重要，但可以坐在一起喝酒就行。一行人很快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喝酒，四周都没有什么人，十分的僻静。这样酒过三巡，程咬金就又忍不住了，问道：“快点说，你在早朝上说的这个怎么发财？”秦天端起一杯啤酒喝了一口，顿时感觉浑身都是舒服的，然后他才说道。 诸位对于海外的情况可能不了解，毕竟我大唐到目前为止都不曾派人出很远的海。我告诉你们啊，在我大唐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陆地、很多国家的。这些国家的农作物暂且不去说，我们大唐的那些丝绸、瓷器到了他们那里，那绝对是抢手货。我们到时候可以派人等船，把这些东西也都拉去到了其他国家，这样一转手卖掉，那赚的利润可就是几十倍，甚至是上着。晴天交给了秦武几幅画册，这些画册都是晴天画的一些农作物的形状。 画的很是惟妙惟肖。此时的秦武自然不知道这些农作物都是什么，不过要是放在后代，那么几乎每个人都是能够说出这些农作物的名字的。他们是红薯、玉米、土豆以及花生等等农作物。除此之外，秦天还给了秦武一张地图，那是秦天绘制的一张世界地图。有了这张地图，秦武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就不用绕弯子，直接就可以开船过去了。不过这个地图秦天只给了秦武一个人，并且要他注意一下。 不要被其他人知道这个地图的存在。晴天也没有去过其他地方，若是拿出了这么一张地图，恐怕要被人给怀疑的。等秦武他们回来之后，这个地图出现就不会让人觉得突兀了。要出海的消息很快在大唐各地传开了，晴天和程咬金他们这些人都很积极的准备着。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场发财梦啊！他们很信任晴天，他们觉得只要跟着晴天的人出海，回来的时候肯定是能够赚取好多钱财的。只是整个大唐。 好像就只有他们这几个人十分的积极准备着，除了他们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有出海的冲动。对于这个情况，晴天并不怎么了解，也不怎么关心。只要他的人能出海就行了。秦武他们出海后，什么玉米啊、土豆、花生啥的都能够给弄到手。其他人去了跟不去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也许他们能找到一些稀奇的东西，但晴天并不真的在意。不过晴天这边不在意，李世民这边却是时刻关注着的。这天，他回到御书房后。 便询问了一下这件事情，现在报名要去出海的人有多少？他问了一句，负责此事的官员却是脸色发白，犹豫了一下后，才终于开口道：“圣上，除了秦天和卢国公他们外，就没有其他人了。不过他们这些人都是按照一个来算的，他们要分担风险，所以要按照一个来算。”官员说完之后，李世民微微一愣，道：“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报名了？”官员颔首：“只有一个报名。”听到这个，李世民的脸色就变得有点难看了。 这种情况真是有点始料未及啊！他本来以为会有很多人想要出海呢，毕竟只要出海，他们朝廷可以给他们一些方便，让他们出海进行贸易，而且不怎么收取关税，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一本万利啊！可是这个样子都还没有人出海，实在是奇怪至极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们不愿意为我大唐发现其他农作物，啊，还是因为其他什么的？官员苦笑道、啊：“圣上，发现这件事情后，我们也都已经派人去调查询问过了，得到的结果是……” 他们都觉得太危险，太危险。李世民有点奇怪，出海的确很危险，毕竟海面上的情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只是人类很少会因为危险而不去做一些事情吧。丝绸之路相对来说也很危险啊，可不还是有很多人去？官员点头道：“海上不比其他地方，有时候在海面上一望无际，任何方向都是一样的，在海上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若是迷失了方向，他们恐怕就回不来了。因为有这个担心，所以他们都很犹豫，不怎么愿意去。” 与财富相比，性命才更为重要吧？出海毫无安全保证，谁愿意去？就算要冒险，也得让他们冒清楚明白的险，而不能是稀里糊涂的险吧？听到官员的解释后，李世民也不由得凝眉起来。如果在大海上失去了方向，那想要回来可就不容易了。如此的话，别说是其他人了，就是换作是他，他恐怕也不敢去吧？原来如此，如果这样的话，情况恐怕不妙吧？本来他以为晴天的这个办法很好，可如今没有人愿意去，那岂不是没有一点用？ 不过想到这点的时候，李世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其他人都因为害怕在海上找不到方向而选择不去，那晴天他们怎么就敢去？要说他们的胆子比其他人大，李世民是不相信的。他觉得晴天这些人肯定是有其他办法来辨别方向。以晴天的谨慎小心以及他的心思缜密，不可能想不到这个吧？李世民觉得有必要把晴天给叫来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工人急匆匆来见，道：“圣上，卢国公前来汇报事情。” 听到程咬金来了，李世民笑道：“他来的正好，朕正好有事情要问他，让他进来吧。”工人领命退去，不多时便领着程咬金走了进来。程咬金进来之后，正要行礼，李世民便摆了摆手，道：“卢国公不必多礼了，朕来问你们，你们都准备出海吗？”程咬金本来是要汇报一些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不曾想李世民却问自己这个，他倒也没有藏着掖着，道：“回圣上话，是的。那秦天觉得我们这样做对朝廷发展农业十分的有帮助。” 所以我们都想为朝廷出一份力。程咬金倒是个贼精明的人，明明是想赚钱，却说得十分大义。李世民对程咬金最是了解，不过他并没有点破程咬金的意思，只是干咳了两声，道：“朕来问你，你们既然要出海，可有考虑过在海上辨别不了方向而容易迷路这个问题？”听到这话，程咬金突然有点懵逼。他道，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只是信任晴天，所以才去的。至于其他的，他可从来没有想过呀、啊。而如今李世民这么提了之后， 程咬金才发现坏事了，万一他们在海上辨别不出方向来，那可如何是好？李世民看到程咬金的表情后，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心想：恐怕坏事了。卢国公也不知道如何辨别方向吗？程咬金苦着脸摇摇头，不知道，没听晴天说起过。不过想来，大概，也许，应该他有办法辨别方向吧。说出的这话，程咬金自己恐怕都不怎么相信。李世民听到程咬金这话，在看到他的表情后。 便也是无语的苦笑了一下，他知道从程咬金这里，他恐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这事只能等晴天来了。来人，去把晴天叫来。李世民吩咐之后，工人急匆匆的退去。程咬金和李世民两个人待在御书房等着。这个时候，程咬金已经慢慢的冷静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有点紧张的李世民，笑道：“圣上，您大可放心啊，晴天那小子肯定是有办法辨别方向的。”此时，程咬金也只能这样来安慰李世民了。当然。 他心里也希望自己说的是对的，那晴天真的有办法来辨别方向。李世民点点头，但是并没有说什么辨别方向。茫茫大海之中，方向那里是好辨别的。这事想要做成，恐怕悬了呀。剩下的天气炎热，晴天来到御书房的时候，整个人已经热得有点汗流浃背了。不过御书房的温度还不算很高，进来之后颇有些凉爽。看到程咬金也在，晴天有点意外。圣上宣微臣前来，不知所为何事。 李世民看了一眼晴天，道：“秦爱卿啊，叫你来为的是出海的事情。出海寻找可以耕种的农作物，这件事情，朕觉得是个好主意。只是现在很多人都害怕出海之后寻找不到方向，所以都不怎么愿意出海。他们不出海，如何寻找到我大唐所需要的农作物？”听到李世民这话，晴天顿时明白了一些情况。他让秦武出海，那可是把所有装备都给他备齐了的，什么望远镜啊、指南针、地图，甚至连一些很厉害的兵器都有。 但其他人却是没有指南针呢、啊，没有指南针，谁敢随便出海？指南针这种东西是司南的改进版，精准度更高，操作也更加的灵活。不过这个东西现在可还没有被人发表出来，如此，其他人自然也就不知道，更不敢出海了。晴天心里想着这些，脸色微动。李世民看到晴天这个样子，以为晴天也是才刚发现这个问题，不由得心里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如果晴天都不知道的话，那其他人也就更不知道了。 李世民想开口安慰一下晴天，然后取消此事。虽说这件事情对大唐来说十分的重要，但在技术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未免过于残忍了一些。这就像汉朝张寨出使西域差不多。虽说他最后发现了西域，并且开通了丝绸之路，但这其中艰险却是不足与外人道哉的。知道的都知道，他肯定受了好多苦。不过相比较下，张寨出使西域还算是比较安全的。可如果出海的话，一旦遇到了意外，可就活不成了。 就算没有意外，能不能活着回到大唐也不好说啊。所以不能勉强的事情，最好不勉强。他李世民也跟汉武帝一样，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但他比汉武帝多少仁慈那么一些。他并不愿意为了一些虚无缥缈、可能没有希望的事情，去让他大唐的人卖命。不过李世民还没有开口，秦天已经说道：“原来圣上宣臣来是为了这件小事。”这话出口，李世民和程咬金两个人不由得一愣，有点咂舌：“这算是小事吗？” 这事可一点都不小吧，小事？你小子说的轻巧啊！这是小事吗？你有办法就赶快说，没有办法，我可就认为你这是在轻视人命了呀、啊！程咬金开口，不过心里多少可是松了一口气的，毕竟他是很相信秦天的。既然秦天说这是小事，那这肯定就是小事了。说这句话只是心里松了一口气，忍不住想打趣一番。而他这样说完之后，李世民也立马望了过来。程咬金只是打趣，可李世民却是认真的。若没有个所以然来。 他可真的认为晴天在轻视人命了。晴天翻了个白眼，这才说道：“圣上，其实怪臣了。臣早已经发明出了一个叫指南针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指向南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如此。只是臣虽然发明了出来，但还没有来得及将其公布于众。”听到晴天真的有办法，程咬金顿时就哈哈笑了起来。“圣上，我就说嘛，晴天这小子肯定有办法。他那个指南针能指向南方，那其他方向也就知道了。如此的话，在海上也就安全了，不是？” 程咬金算是松了一口气的，不过李世民却是仍旧拧着眉头，道：“秦爱卿的指南针真的有效果？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指向南方？”李世民是有些怀疑的，而此事关系到出海人的性命，如果不管用的话，那可就不妙了。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见李世民存疑，秦天也就笑了笑，道：“圣上不信，亲自验证一下便是了。”李世民点点头，而后派人去秦天的府上取来了指南针。取来指南针后， 他又派人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试验，看看那个指南针是不是能干永远的指向南方。秦天等人在御书房等消息，程咬金和秦天都是神色比较轻松的，李世民反倒比他们更为紧张一些。而他们这样等了没多久后，便有一名工人急匆匆的跑了过来：“圣上，验证的如何？”“回圣上的话，都已经验证过了。那指南针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是能够永远的指向南方的。”听到这话，李世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他看向晴天的眼神就有点不一样了。秦爱卿的指南针果然好用啊！有了这个指南针，要出海也就不算那么的危险了。秦爱卿是我大唐的功臣，圣上谬赞，臣也不过是做了臣该做的事情。这指南针制作起来十分的麻烦，不过这既然是为了我大唐的大业着想，那只要报名出海的，臣都愿意免费赠送他们一个指南针。不过想要多的话，却是需要出点成本钱的。圣上意下如何？指南针的制作还是很简单的。 不过晴天说麻烦，李世民也信。听到晴天愿意免费赠送，而且就算是卖，也只是成本价，他这心里对晴天就越发的喜欢起来。秦爱卿真是我大唐功臣，是我大唐之福，百姓之福啊！说到这里，不等晴天一番谦虚，李世民就又突然说道：“好了，将这个消息发布下去吧，让那些愿意出海的人也尽快出海，此事耽搁不得，能早些出海的就要早一些出海才好啊。” 现如今的李世民对于出海寻找农作物，以此来丰富大唐粮食产量的事情，已经有了更多的期望。如此的话，他自然是希望此事能够尽快开始的。若是能够很快有效果的话，那自然最好。只不过李世民这样说着的时候，晴天却是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他以为李世民要奖赏他一番呢，谁知道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这李世民有点抠门啊！晴天暗叹，就没有见过这么抠门的人。夏日炎炎。 指南针的事情很快在长安城推广开来，那些权贵、富商什么的，得知晴天发明出了指南针后，都有点震惊，但同时也有一些欣喜。朝廷要开海，虽说他们这些人也没有怎么出过海，甚至根本就没有出过海，但他们这些商人什么的还是很敏感的。如果海外真的有其他国家的话，那这些国家想来跟西域诸国是差不多的，没有他们大唐的瓷器，也没有他们大唐的丝绸什么的。如此，把他们大唐的这些东西拉到海外去卖。 肯定是很赚钱的，这就跟走丝绸之路差不多了、啊。而且相比较下，出海可能会更安全一点，海上应该没有什么盗贼。可走丝绸之路，这一路上会遇到什么麻烦就不好说了。而且朝廷给予支持，若是真能够找到一些农作物的话，对他们来说更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事情了。只要成功，这是绝对是一本万利。如今迷失方向的问题解决了，那他们自然也就不用担心什么了。购买指南针的人很多。 虽然第一个指南针不花什么钱，第二个要花一点，但只要是出海的人都不介意多买几个。毕竟这种保命的东西，身上能多有几个，自然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他们这样购买完指南针后，其他事情也都完成的差不多了。在一个天气十分炎热的日子里，很多船只便这样入水之后，浩浩荡荡的向大海的方向赶去。这一次，大唐一共有十来波人出海，总共出海的船只大概有百十来艘，这个数目已经算多的了。百十来艘啊，放眼望去。 河面上差不多全是船了、啊，不过虽说船只很多，但出海的人数也就只有一千多人，很多的船只上都是装满了货物的。不过对于这种情况，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这些一群去冒险的人，而且是为了他们大唐冒险，如此的话让他们牟利一些，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吧？船只浩浩荡荡的出海，晴天带人给秦武他们送行，该交代的晴天都已经交代了，所以晴天送行的时候。 并没有说太多的嘱托，就只是让秦武安心出海。至于家里，他会照顾好的。而有了秦天这句话后，秦武自然也就没有了什么担心和顾虑。他知道，就算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他的家人也不至于被欺负。河边皆是送行人，有人不舍，有人哭，也有人一番豪言壮语，只等功劳归。而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突然来了一波人，有人眼尖看到之后顿时一惊，好像是圣驾。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吼，整个河边顿时起来。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李世民竟然会来，而就在他们这样不停吆喝着的时候，李世民的圣驾已经到了跟前，众人不敢迟疑，连忙行礼。李世民望着这些人，摆了摆手，道：“诸位这一次出海，关乎我大唐百姓此后是否能够吃饱饭，可以说是任重道远的。所以，朕今天来为诸位打气，希望诸位出海之后，能够时刻想着我大唐，想着我大唐百姓。谁带回来的农作物，若是真的够好，朕是绝对不会吝啬赏,赏赐的。”李世民一番话说完。 那些出海的人个个听得热血。晴天站在旁边，觉得李世民太会鼓动人心了。有了他这么一番话，不管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那些赏赐，只怕出海的人都会竭尽全力的去做事吧。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这一次他们弄回来一些农作物啊、蔬菜什么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李世民说完这些之后，挥了挥手，开船吧！一声令下，百帆尽出，浩浩荡荡的向远方驶去。岸边挥手告别之人。 有不少都忍不住再次落下泪来，世间唯有离别最苦啊！船只越来越远，最终不见了踪影。这个时候，其他人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散去。李世民和秦天他们则是更早就离开了的。李世民在前面走，秦天在后面跟着。许久之后，李世民突然开口问道：“秦爱卿，他们此去能成功吗？耗费了这么多精力出海，若是没有什么收获，那可就亏大了。”秦天却是神色平静许多，道：“圣上放心好了。” 我大唐有上天庇佑，这次出海肯定是能够成功的。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必定会有结果出来的。出海这事本来是快不了的，毕竟海洋很大，想要把所有地方都搜寻一下，肯定要耗费很多时间。但晴天相信，秦武有了他给的地图，那要找到他说的那些东西，可就要容易的多了。有了那些东西，两年时间一个来回，没有什么问题。李世民本来是有点心忧的，或者说心里没底，毕竟这种事情前所未有过啊，而且一两年才能够知道结果。 如此就更让人担心了。不过听到晴天的话后，他多少放心了一些。如果晴天觉得此举能够成功，那多半是能够成功的吧？问过这个之后，李世民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就只是这样的走着。晴天以及其他人在后面跟着走。太阳很热，风就算刮了过来也是热风。大家都没有说什么话，因为大家不知道该说什么。今年发生的这件事情对他们大唐会有什么改变吗？如果有，那影响又会有多么的大？ 没有人知道，只有晴天清楚。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能够成功的话，他们大唐的人口肯定是会增加的。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大唐的发展只会越来的越繁荣。也许此举可能真的会改变大唐吧。当然，他也知道，他晴天的到来已经改变了大唐在另外一个时空的轨迹。这个大唐注定是不一样的。船只在河面上行驶着，秦武站在甲板上，望着那并不平静的河面，内心的激动却是仍旧没有平复。 他的血是热的，他知道自己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做成了，他秦武名留青史。天气炎热，不过在这般热的天气里，很多农民却也难在家里乘凉休息。很多人天刚蒙蒙亮就已经起床去田地里干活去了。现如今这个时候，棉花、大豆什么的都已经长了起来，很多都已经齐腰高了。不过这些庄稼不比小麦，小麦种下之后除草施肥就差不多了，其他的事情就等着丰收好了。 基本上没有多少农忙时节，但这两种庄稼相对来说要麻烦一些。除了除草施肥之外，还要除虫。棉花里面有虫，大豆里面也有虫，而且除虫这件事情几乎从头到尾不曾中断。要是谁家的庄稼没有除虫，那今年的收成快跑就一般了。棉花和大豆的叶子会被虫给吃个一干二净。这些庄稼里的虫子，若是不加以遏制的话，疯狂程度堪比蝗灾。当然。 他们破坏的速度要比蝗灾慢上一些，但把所有的庄稼都给祸害了，却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老王只是长安城外一个十分普通的农民，前几年日子苦，家里也没有什么地，所有他一直都是作为佃户，帮一些人种庄稼的。这两年朝廷对他们百姓好了许多，又给他们这些普通百姓分了不少的土地，如此的话，老王家里也有了十几亩地。这些土地丰收之后，差不多能够让他们全家人好好的吃上一年了。而农忙的时候。 他也会出去帮其他地主、权贵收拾田地，这样多少也能见一点钱。这日子是好过了许多的。这天一早，老王便急匆匆的来到了自家田地查看，这是老王的习惯。一般情况下，他一天要来自家的地里查看两次，早上一次，黄昏左右的时候各一次。而他看的主要是庄稼的长势，以及有没有生虫，有没有干旱，当然也看有没有被其他人给霍霍了。一般情况下，这些都不怎么会发生。 不过今天早上他刚到地头，就发现自家的棉花上爬着几只青虫。几只青虫不算什么，他顺手就给掐死了。不过等他往里面查看的时候，却发现里面的青虫也有很多，几乎每一株棉花上都有青虫。这种青虫体型不算很大，藏在叶子里很难发现。不过你只要看到有被虫咬的叶子，基本上就能够找到它们。一开始的时候，老王并没有怎么心慌，就这样在自家的田地里抓起了虫子。不过他这样抓虫子的时候， 不知不觉间，太阳出来了，整个田地里都热得不行。老王被热得有点汗流浃背，他抬头看了一眼太阳，整个人都差点虚脱。可是虫子还有很多没有除去呢。老王擦了一下汗水，整个人有点不解：怎么今天这么多虫子呢？真是奇怪了。我这都干半天了，抓了也不少了，可怎么感觉还有很多？他犹豫纠结了。现如今这种情况，他是继续抓下去呢，还是先回家？天太热了，老王又擦了一把汗后。 便做出了决定，回家。田间地头，这个时候也有人忍受不了酷热，陆陆续续的回家走。他们这些人基本上都认识，回家的时候自然少不得要一番攀谈。哎，今天我家的地里不知道怎么回事，虫子有点多啊。我这忙碌了半天，杀了不少，可显然有点于事无补，真是怪了。你家地里也多了很多虫，真是巧了。我家地里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下午我还得来抓虫，不然庄稼都被他们给吃了。 今年就别想有什么好收成了，谁说不是？下午还得来这虫啊，可恶！一众百姓就这样闲聊着，虽说觉得害虫有点多，可恶了一点，但这个时候的他们还没有觉得这是有多么的严重。只是等他们下午来的时候，发现虫子又多了起来，而且早上刚刚抓过的地方又生了虫，仿佛这虫子是抓不完的，他们就有点崩溃了。虫子这么多，无穷尽啊，怎么杀得完？这些百姓的庄稼不多，也就十来亩地，多少还好说一点。 毕竟全家人出动，不停的杀，还是能够杀掉不少虫子的。这样多少也能够确保他们的庄稼能够丰收。但对于那些富商和权贵来说，情况就有点严重了、啊。富商和权贵拥有的土地很多啊，都是上千亩、上千亩的。这么多地里，若是生了虫，想要去抓他们，谈何容易？他们需要派出多少人去抓才行？而这么多人一下子进入到了地里，会不会把庄稼给毁掉？如果任由这些害虫继续生长下去的话，对于他们的损失将会是无法估计的。 一时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而这件事情也很快传到了朝廷这边。如今的大唐重农，所以农民有什么事情，很快就会传到朝廷这边的。这天早朝，一名官员站出来，将这件事情给说了一下。这个官员说完这件事情之后，朝中的其他官员也都纷纷的议论起来。没有办法，他们这些人谁家不是良田千亩百亩的？如今害虫肆虐,虐，他们也为之头疼啊！几乎每天都在派人去地里抓虫。 可是这虫比人多，杀之不尽，令人很是头疼。圣上，农业关乎着我大唐的稳定啊！如今虫害肆虐，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将这些虫害给除去才行，不然对我们大唐来说会成为灾难的。不错，不错，害虫肆虐，不除我大唐将会损失惨重啊！此事关系到了他们这些人的利益，而他们又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只能希望朝廷能够想出一些好的办法来了。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也是有点担忧的，他觉得这些官员说的有道理。 害虫不除，庄稼不长；庄稼不长，他们就没有收成啊！百姓没有收成，大唐恐怕就要不稳定了。他点了点头，道：“诸位爱卿的担心十分的重要啊！那不知诸位爱卿谁有办法可以除去这些害虫，好为我大唐百姓出一份力啊？”这么问过之后，群臣相互张望，却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的。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所以才寄希望于朝廷的啊！现在朝廷也没有办法，他们能有？除虫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甚至当虫子很多。 多的人力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便成为了一件恐怖的事情。如今虫害肆虐，这件事情就变得有些无能为力了。朝中的官员不知道怎么办，李世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群臣这样商议了许久之后，却仍旧没有商议出一个好一点的办法来。无奈之下，只能退朝。群臣陆陆续续的退去，几位皇子也没有在皇宫多做停留。这件事情麻烦，他们谁都不愿意招惹。如此的话，能赶紧离开自然是最好的。 不过，就在李克坐着马车往府上赶的时候，他的心里却是突然生出了一个主意来。这是一件麻烦事情啊，基本上是做不好的。那既然这样，他何不想办法将这个事情推给太子李承前？只要太子李承前做不好这件事情，那他这个太子想要在民间和朝堂上积累威望，可就不容易了。当然，做成的话，太子获利肯定很大。但这件事情能做成吗？他是不信的。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李克立马便吩咐了下去。 退朝后，李世民在御书房批阅奏折，不过因为虫害的事情，他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也有点心烦意乱，慢慢的竟然也坐不下去了。在御书房来来回回的走了几趟之后，李世民一声长叹，紧接着便直接去了后宫。后宫之中最近多了不少妃子，都是之前选秀入宫之后被李世民临幸过后册封的。以前的李世民习惯有事的时候去找长孙皇后，因为一般有了什么时候后。 只要跟长孙皇后说，长孙皇后就会为他想一些办法来，亦或者给一点建议。他是把长孙皇后当成了知己来看待的，仿佛只要去了长孙皇后那里，便一切都不用担心了。他能够在长孙皇后那里得到，在其他女人那里得不到的心安。只是如今只道是平常啊，长孙皇后已经不在了。李世民下意识的向长孙皇后以前的宫殿走去，只是走到半路，才突然意识到长孙皇后已经去世的事情，无奈的又是叹了一口气后。 李世民转身离去，这样漫无目的的在后宫闲逛，不知不觉间，李世民来到了宫十三娘的寝宫外面。想到宫十三娘，李世民心里突然觉得轻松了一些，因为这个会舞剑的女子，虽然平日里并无刻意谄媚自己，但眼神里的柔情，她却是能够真真体会到的。而那种感觉，也只在以前长孙皇后活着的时候才会有。想到这些，李世民便直接进了宫十三娘的寝宫。李世民来的时候，宫十三娘正在看书。 他得到李世民的宠幸是因为舞剑，不过作为女子，她也不可能在后宫时常的舞刀弄枪，所以没事的时候，她更多的还是看书。一个女人若是看的书多了，气质自然也就会有所不同，这叫富有诗书气自华。看到李世民来了，宫十三娘有点意外，她早已经得到了李克的命令，不过她觉得这个命令要实行的话，恐怕需要一段时间，毕竟李世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不过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李世民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他觉得这肯定是老天在帮他，在帮李克。圣上虽然心里有点欣喜，但宫十三娘表现的却十分平静。看到李世民后，也只是行了一礼。李世民点了点头，坐下后，宫十三娘给李世民倒了一杯茶。李世民喝了一口，道：“爱妃，朕想要看舞剑。”虽然宫十三娘被李世民宠幸的时间比较短，但她凭借着李克在背后的操纵，以及自己的舞剑本事，还是很快得到了李世民的喜欢，直接被封了妃子的。 这相比较在之前的皇家牧场大出风头的武媚娘来说，可是要顺利多了。如今的武媚娘虽然时常被李世民临幸，但到现在也不过是一个才人罢了。李世民想看舞剑，宫十三娘自然不会拒绝，颔首之后便取剑来舞。宫十三娘的舞姿是曼妙的，好看的。李世民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是比较专心的，只是没过多久，李世民便又陷入到了虫害的事情上去，因为他想到百姓还在为虫害苦恼，而自己却在这里与女人享乐的时候。 他内心就忍不住有一股负罪感，这负罪感让他不安。李世民看的不怎么专心了，连宫十三娘什么时候停下来的都不知道。圣上，宫十三娘喊了一声。李世民愣了一下，紧接着才发现宫十三娘正望着自己。爱妃怎么不舞了？圣上，臣妾已经舞完了。李世民哦了一声。宫十三娘又道：“圣上是不是有心事？不然怎么看起来心不在焉的？”李世民犹豫了一下，朝中的事情他并不怎么想跟后宫的一个妇人说。 不过看到宫十三娘那真挚的眼神，他又忍不住想起了长孙皇后。片刻后，他还是把民间百姓的庄稼有了虫害的事情给说了一下。此事关系到百姓的收成以及我大唐的稳定，可如今虫害厉害，朝中却无人能解决此事，实在是让朕忧心啊！李世民说完，宫十三娘立马开口道：“圣上能这般为百姓着想，真是百姓之福。圣上乃是千古明君也。不过很多事情，圣上又何必烦恼，以及自己去想办法呢？像这样的事情。” 交代下去就行了，圣上交代下去，自然有人想办法去解决。听到宫十三娘这话，李世民倒是觉得很有道理，与其自己在这里烦恼，倒不如安排下去。那在爱妃看来，这件事情应该交给谁去办好呢？宫十三娘浅笑道：“臣妾对于朝堂上的人可不熟悉，也不了解。不过臣妾觉得，太子殿下既然作为我大唐储君，就应该有独当一面的实力。如今既然发现了这种事情，那太子殿下便应该接下这个任务，为圣上分担才是。” 宫十三娘的话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的。李世民思虑了片刻，紧接着点头道：“爱妃言之有理。既然如此，那朕这一次就全当是对太子的考验吧。”来人，吩咐下去，让太子督办除虫一事。李世民的口谕很快送到了东宫太子李承乾这里。听到他父皇让自己督办除虫之事后，李承乾并没有叫苦。作为大唐储君，如今百姓为虫害所扰，他心里也是极其关注和担心的。就算没有他父皇的口谕。 他也会尽量想办法帮百姓将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只不过如今他父皇下了口谕，他的压力更大了一些而已。虽然他的父皇没有给他期限，但他知道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啊！庄稼这个东西，但凡耽搁了几天，那些虫子就会肆虐开来，直接将庄稼吃的再也长不出好的来。所以要除虫的话，肯定就要在这几天了。可这虫子该如何解决？李承前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临近傍晚的时候，趁着温度有所下降。 不是那般的热，他便带着两名随从出了长安城，他要看看地里的情况，然后再想办法解决这个。而就在李承前离开东宫之前，秦国公府这里，福伯急匆匆的找上了晴天，公子，我们秦家的地里生了好多的虫，现在颇有点杀不尽的感觉啊。说到这里，福伯又加了一句：“其他人的地里也都如此，今年虫灾有点厉害，听说今天早朝上，圣上都为这事烦心了。”庄家地里生虫子是早几天的事情，福伯之前并没有告诉晴天的意思。 毕竟庄稼生虫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觉得不用麻烦晴天派人去抓虫就是了。只是如今几天过去了，派去抓虫的人增加的越来越多，可是那些虫子却并不见少，甚至也越来越多。如此的话，他可就真的担心了，只能前来告诉晴天。听到自家地里生了虫，晴天的眼眸就微微凝了起来。自古以来，庄稼地里生虫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今年生的有些灭绝不了，那就更加的严重了。想了想后，晴天道：“走去地里看看。” 只有真的去地里看看是什么虫后，才能够想到解决的办法。出了长安城没多久，晴天便看到了一望无际的田地。而此时，在这些田地里面，很多百姓都在忙碌着。他们不时的弯腰，不时的又直起身来捶背，然后继续弯腰。他们都在抓虫。一些百姓抓了虫之后，扔进了一个罐子里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拿回去喂鸡了。不过，就算他们能够将这些虫给加以利用一下，但对于田地里的这么多虫来说，他们抓走的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农民辛苦，晴天看了一路，内心也不由得担忧起来，不仅为自家的田地担忧，也为着大唐长安城的农户和其他百姓担忧。而就在晴天这样走着的时候，突然有几个人骑着快马追了上来。先生，听到声音，晴天就看到了太子李承乾以及他的两个随从，拜见太子殿下。晴天行礼，而后问道：“太子不在东宫，怎么出现在了这里？”太子是储君，关乎大唐安危啊！此时出现在这里。 实在是有点危险，也有点意外的。李承前下马，跟晴天走在一起，道：“先生，父皇将这除虫害的事情交给了我，我也不知道这虫怎么除去，所以就来地里看看情况。不曾想遇到了先生，先生也是为了虫害的事情吗？”在李承前的心目中，晴天就是一个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人。如今虫害严重，他很自然的就认为晴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虫害。当然，他只是猜对了一半。之前没来之前，晴天只是想看看自家的地理情况。 不过现在嘛，他觉得解决所有百姓的虫害，很是势在必行啊，不错，我也是为了虫害的事情。如今虫害肆虐，必须尽快解决了他们才行。李承前点点头，内心却是突然生出了一些希望来。如果晴天要解决这些虫害，那他肯定是有一些办法的吧？先生，你可有办法解决这些害虫？晴天这一路上，对于地里的那些虫已经有了了解，那是一种繁殖能力很强、破坏性也很强的一种害虫。 在它之前的那个时空里面，算是很常见的一种害虫了。而这种害虫要靠人力去杀的话，是有点无能为力的。毕竟你杀了之后，剩下的还能够很快繁殖，这样你一直杀下去，就算有一天真的能够把所有的害虫都给杀光了，但那个时候的庄稼怕也已经被吃的差不多了。所以想要杜绝这个害虫，只能一下子将它们给全部灭掉。沉吟了片刻之后，晴天点了点头，要除去这些害虫也不是没有办法，我可以研制出一种农药来。 到时候喷洒在庄稼的叶子上就行了，那些害虫吃了叶子，立马就会死翘翘，这可比人抓它们要方便的多了。听到晴天能够解决虫害，李承前顿时就有点欣喜起来。他正愁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结果刚遇到晴天，晴天就想到了办法。如此的话，那这危害百姓的虫灾也就不是问题了吧？先生，你说的农药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的投入使用？毕竟庄稼不等人啊。派人加快生产的话，自然是能够很快的，在害虫将庄稼吃毁之前。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个农药需要一些药物，而大唐医馆那里就有这样的药物，他只需要按照一些配备，把这些药物给配比好就行了，然后再弄一个打药的木桶，差不多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晴天说的轻松，李承前听了之后越发的松了一口气。好，好，先生若是有办法，那就赶紧研制农药，一定要把这些害虫给除去。需要人手和钱财的话，先生都可以开口。晴天道：钱财和人手什么的，我这里都有。不过这些东西做好之后。 我可不是平白送给别人用的，别人想要需要花钱来买才行。这个倒也是正常，一个人辛苦弄出来的东西，其他人想用不给一点报酬能行吗？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太子李承前听到这话之后，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点点头后便应了下来。晴天回到府上之后，命人去买他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他不仅要做药桶，还想将杀虫的农药给制作出来。这种东西对于别人来人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对于晴天而言则很容易。 所以当天晚上，他就把药桶以及农药给弄好了。不过他弄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生产的话，还需要从明天开始才行。好在他已经让福伯去找工人了，要大量生产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晴天弄出来的这个农药真的能杀死害虫吗？没有试验过，连晴天都不敢说一定以及肯定。所以在农药弄出来之后，晴天他们立马便开始了试验。回来的时候。 晴天是让人抓了一罐子害虫的，他将这些害虫拿来后，便喷了一点农药上去，然后进行观察。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害虫并没有什么反应。一众人盯着那些害虫，看的眼睛都有点疼了。可是他们仍旧没有反应。公子，这农药该不会没有什么效果吧？是啊，这都过去一炷香的时间了，害虫还没有死。大家都望着晴天，晴天心里也没底。他只是按照自己所知的配方来配比的，是不是真的管用，还真不好说啊。不过他知道。 后世的那些农药，就算真的喷到了害虫身上，也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起作用。他这个可能也是这样的，关键就看需要多长时间了。夜已经很深了，如花娘有点撑不住，带着几个孩子回去休息了。唐荣反倒精神不错，一直在旁边陪着晴天。九公主因为觉得此事关系重大，所以也在一旁等着。如此大概半个时辰之后，才有一些害虫开始不停的翻滚起来。而从他们开始翻滚没多久，他们一个个的便都停了下来，再也动弹不得了。 看着这些害虫一个个死翘翘的模样，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公子研发出来的农药还真是厉害啊！这些害虫死了，谁说不是？公子实在是厉害，厉害啊！没错，没错。如今有了这些农药，我们只要喷洒到庄稼上就行了。大家都很兴奋，晴天也松了一口气，道：“好了，明天生产出更多的农药之后，你们先去我们的地里把害虫给除去，剩下的就拿出来卖好了。现在的百姓只怕对于这种东西稀罕的不行。”对了。 那些药桶可以让人免费用，不过我们现在药桶不多，先到先得呀。没有药桶，就算你有农药又能怎么样？晴天这样吩咐下去后，福伯连忙便领命退去，然后下去安排一些明天打药的事情。次日一早，天气还没有很热，秦国公府的一些人便背着药桶去了田地里。药桶这个东西跟平时用的木桶差不多，不过晴天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改装，这样就跟后世打药的药桶差不多了，可以背到身上去。 然后，不同的压缩一个机关就可以喷出农药来。他们一群人这样走到秦家田地的时候，后面已经跟了许多好奇的百姓。秦国公府这是要做什么啊？是啊，他们背后背的是什么东西？他们要做什么？听说啊，是秦国公研制出了一种杀虫的农药，喷上之后，那些害虫很快就死了，比我们一个一个的抓要快多了。真的吗？那我们可要好好看看了。百姓之中不乏一些消息灵通的，已经知道了农药的作用。当然。 不排除这是晴天有意为之，毕竟大家都知道这个之后，他的农药才好卖嘛。而大家这样说完之后，都很是好奇的看着秦国公府的人怎么打农药。这个时候，晴天府上的人将农药弄进了药桶里面，紧接着就又倒进去了一些水，然后又搅拌了一番。这样搅拌过后，那些人便背到背上，对那些农作物进行了喷洒。这样的东西跟后世的药桶比起来，不管是喷洒的范围啊，亦或者是均匀程度，肯定都是要差一些的。不过勉强还算能用。 而且秦天派出来的人很多，所以别看秦家的田地很多，但是还是很快就能够喷洒一遍。而他们这样喷洒着的时候，一些百姓已经开始盯着那些喷洒过的庄稼看了。在这些庄稼上有一些害虫，他们想知道这些害虫会不会死。刚喷洒过后没多久，那些害虫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仍旧在吃庄稼的叶子。众人看到这个之后就有点怀疑了：这些害虫也没有死啊？秦国公的这些农药怕是不管用吧？谁说不是？ 都已经过去半炷香的时间了，也没见这些害虫死啊，看来是没有多大用的。这些人议论纷纷，不少人已经失去了希望，更多的人则连兴趣都失去了，转身就要离开。不过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尖叫了一声：“快看，死了，死了！”循着这个声音，众人看到了一个黝黑的男子，而这个男子正指着一棵庄稼，而在这棵庄稼上本来是有几个害虫的，但现在这几个害虫都已经躺在叶子上一动不动了，显然已经死了。 看到这个之后，众人顿时震惊不已。不是吧？这么厉害？岂不是说只要打过了农药，就不用管它了？是啊，只要喷洒到了害虫身上，亦或者是害虫吃了打过药的叶子，它们都会死。那这样，我们只需要打药就行了呀！真是神奇了。那边的虫子也死了，整个田间地头一下子沸腾开了。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就只是喷上了一些水，那些虫子便死了。他们觉得这农药就跟他们认识的毒药差不多。 只不过他们之前认知的那些药是害死人的，而这些农药是杀死害虫的。而这样喷一遍后，害虫便死了，这可比他们人为的去抓不知道要方便多少了。这样喷洒可以彻底的解决问题，也可以节省他们的时间，好让他们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啊。农药的效果在秦国公府的那些人打过之后，便很快的立竿见影了。一些百姓权衡利弊之后，很快便做出了决定，为了能够除去害虫。 为了能够让他们今年的庄稼丰收，他们必须也打农药才行。只有打了农药，他们才能够丰收啊。而相比较下，秦国公府卖的那些农药，相比较下价格可以说是低多了。跟整个庄稼的丰收相比，那算什么？众人认识到这个之后，便开始蜂拥的跑去抢购去了。而且秦天早已经派人放出了消息，药桶不多，先到先得。如此的话，大家自然也就更加的积极了。一下子，农药就卖出去了很多。 农药这个东西成本不算低，但也不算高。晴天卖这个赚的钱自然也不算多，但也绝对不少，加起来又几千贯钱，这个数字相当的可观了。而这些百姓买到农药之后，便陆陆续续的开始在自家的田地里喷洒农药。喷洒下去之后，害虫没过多久便死了。很多百姓第二天就会去自家的田地上查看情况，看到害虫都已经死了，他们这些人都觉得花的那个钱值得。好啊，好啊，秦国公弄出来的这个农药。 真是厉害了，现在终于可以轻松了。谁说不是？最关键的是我们保住了庄稼呀、啊，不然任由那些害虫把我们的庄稼给吃了，我们还能丰收吗？还能有收成吗？不错，这虫灾虽然没有蝗灾来的那般立竿见影，但也恐怖的很啊。这次多谢秦国公了。众多百姓议论纷纷，兴奋不已。而随着这些百姓的口碑传开，更多的人开始用农药，整个长安城的虫灾两三天后便已经彻底的给解决了。高士廉这边。 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高世廉的府上也是有很多田产的，他们家的田产也是害虫肆虐。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派人去抓，但是派的人很多，却也仍旧抓不干净。而且人多了之后，也才死了很多庄稼，这让高世廉很是心疼。最后，他府上的管家听说农药能够杀虫，那个管家便也派人买了一些农药给喷洒上了。这样喷洒上之后，还真有效果，这可把高府的管家兴奋的不行，急匆匆的便去找高世廉报喜去了。 老爷，老爷，大喜啊！大喜！高世廉眉头微微跳动了一下，接着问道：“什么大喜啊？”老爷，咱家地里的害虫全给除去了，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听到这个，高世廉有点意外，也有点惊喜。害虫除去了是好事啊。嗯，这的确是个大喜。派了多少人去啊？没有踩坏庄稼吧？管家喜笑眉开，有点得意道：“就派了二十来人，没有踩坏庄稼。二十来人不算多，自然是不会踩坏庄稼的。” 只是高世廉听完之后，却是撇了撇嘴，紧接着就瞪向了那个高府管家，道：“二十来人就把所有的害虫给除去了，之前百十来人派出去都没有什么成效，现如今二十来人就把害虫给除了。”他越听越觉得不太可能，他觉得这定是管家在骗他。但高府的管家却是一脸的委屈，道：“老爷，真是二十来人。秦国公府上卖农药，喷上之后那些害虫就死了。我买了一些农药回来，喷上之后效果真的很好啊。” 高府的管家把农药的事情给解释了一下，而他这么说完之后，高世莲的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起来。什么？从晴天家里买的农药？高世莲有点愤怒。他高家什么时候需要让晴天占便宜了，还买晴天的农药？他很生气，或者说特别的生气。想到自己竟然用仇人的东西来驱除了虫害，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愤怒的不行。那高府管家却是傻眼了，这可是帮了他们高家大忙啊！他家老爷怎么还不高兴？就因为。 用了晴天的农药，他很郁闷，可是又不敢说什么。高士廉在府上来来回回的走着，这样走了几回之后，也不做迟疑，连忙便决定进宫。这可是害人啊！皇宫御书房，太子李承乾来到御书房后，把自己负责的事情跟李世民说了一下。父皇，虫害已经彻底解决了。听到这话，李世民有点意外，甚至是有点震惊。之前把所有朝中官员都给难住的虫害，怎么一下子就给解决了？ 他有些狐疑的看着李承前，显然有点不相信李承前的话，他觉得李承前可能是在欺骗自己。原因嘛，自然是担心完不成任务，影响到了他东宫的稳定。李世民有点不喜，作为储君，可以能力差一点，但他却是绝对不允许对自己有欺骗，亦或者隐瞒行为的。彻底解决了，这么快、啊？李世民望着李承前询问，李承前点点头，道：“是的，秦国公研制出了一种农药，只需要喷洒在植物上。” 很快就能够把那些害虫杀死，百姓用了之后，已经彻底控制住了那些害虫。现在基本上已经找不到那些害虫了，就算有几只，也绝对不会再造成危害。李承乾把情况跟李世民说了一下，李世民听到原来是晴天弄出了一个什么农药，杀死了害虫，他这才颜色好转，心想：难怪原来是晴天出手了。这晴天出手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吗？这农药真的这么神奇？放松之后，李世民反倒有心情去追问一些农药的情况了。 李承乾这里自然都是要一一满足的。很神奇，喷洒上之后，只需要半个时辰的时间，那些害虫就会一个个的死掉。父子两个人说了不少，这样说的差不多后，李世民发出了一声感叹：“好啊，晴天果然不负我大唐，是我大唐的英雄。”两个人刚说到这里，一名工人急匆匆跑了来：“圣上，高士廉求见。”高大人来的时候满脸泪痕，嘴里不停说着：“这是害人啊，这是害人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到这个。 李世民和李承前两个人都是一愣，有点发懵。高士廉说：“害人？什么害人？”李世民很是奇怪，看了一眼工人后，道：“让他进来。”工人急匆匆的跑了出去。没过多久，高士廉便哭哭啼啼的走了进来，而他进来的时候，还在不停的说着害人。李世民道：“高爱卿，什么害人啊？”高士廉连,连忙行礼，然后才开口道：“圣上，臣听闻晴天竟然弄出了什么农药，而且用这农药喷洒在农作物上杀虫。” 这是害人啊！李世民和李承乾两个人刚才还在说这件事情，他们都觉得这是好事，可高士廉却觉得害人，两个人就越发的有点不解起来。想到高士廉经常找晴天的麻烦，他们两人就又有一点不喜。但高士廉毕竟是他们大唐的功臣，李世民还是很给他面子的，所以想了想后，李世民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不喜，道：“这是害人，这怎么就害人了？”高士廉道：“圣上，你想啊，这农药能够毒死害虫，那说不定就能够毒死人啊。” 这庄稼丰收之后还不是人来吃？万一那毒还有残留，人吃了之后岂不是就危险了？我们不能为了杀虫就让人承受这样的危险啊！这不就是害人吗？听到这话后，李世民和李承乾两个人总算是明白了高士廉的意思。原来他是担心农药会对人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不过他们两个人听完这话后，还真就生出了一点担心，觉得高士廉说的有道理。有毒的药啊，说不定真的对人体不好呢。如此的话，他们使用农药。 岂不是饮鸩止渴？看到李世民和李承乾神情的变化后，高士廉便知道自己的话对他们两个人产生了影响，于是连忙跟着说道：“圣上，这农药的毒性看来是很厉害的，这农作物人若是吃了，怕也不好啊。晴天此举简直是害人，请圣上严惩。”听到严惩晴天，李世民却是犹豫了一下。不管怎么说，高士廉的一番话只是他的片面之词罢了。若就因为这个严惩晴天，恐怕有些说不过去。而且这个时候，李承乾已经站了出来。 道：“父皇，此事也许并没有高大人说的那般严重。秦国公自家的地里也是用了农药的，难道他会害自己的人？”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李世民沉思片刻之后道：“这样吧，让秦天进宫，朕询问他一下。”工人领命退去。大概半个时辰后，秦天才终于来到皇宫。来的时候，他已经从那个太监的嘴里知道了什么回事。不过进得御书房，他还是假装不知道，拜见圣上、太子殿下。 不知圣上宣臣前来，所谓何事？他完全无视了高士廉。不过此时的高士廉却是冷哼了一声：“秦天，你弄出了个什么农药，喷洒在农作物上？难道你是想害死长安城的百姓吗？”秦天并未开口，只是看着李世民，言外之意，李世民这个天子还没有开口，你一个高士廉着什么急？李世民自然也觉得高士廉有点过分了，脸色有点不喜。那高士廉意识到这个后，脸色发青，连忙退了两步，算是不敢出头了。 这个时候，李世民才开口道：“高爱卿，弹劾你的农药吃了之后对人体不好，你可有什么要说的？”晴天听到这个，不由得撇了撇嘴。高士廉为了找自己的麻烦，还真是不遗余力啊！竟然连这种事情都想得出来。回圣上话，这农药若是人直接喝了，自然对身体不好，毒死人都是有可能的。这个跟后世的农药差不多，喝农药真的能死人，这个自然也不例外。晴天刚说完这句话，高士廉立马就又跳了出来：“圣上，您听听，您听听啊！” 我说什么来着？这农药就是对人不好啊！晴天这样做，简直就是在害人，在害人啊！痛心，真是令人痛心。听闻晴天卖农药赚了好几千贯钱，为了钱，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真是呜呼啊！高士廉一脸的痛心疾首，李世民这里也是眼眉微凝，有点生气。这农药既然有毒，你晴天还敢用在农作物上？而此时的晴天却是很惊愕，他没有想到高士廉的反应竟然这般的激烈。圣上，陈化。 还没有说完呢。这农药若是人直接喝了，肯定是有毒的；但若是打在了农作物上，半天之后药效就会失去，对农作物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棉花什么的不用说，就是我们吃的大豆等结果之后，我们人吃了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这个圣上可以放心，臣绝不会拿这种东西来害人的。晴天解释了一下，高世廉却是不信，道：“哼，你说没毒就没毒吗？万一有了呢？那个时候岂不是都晚了？”高世廉是要咬住这个问题不放了。晴天见此。 也动了火气，道、哦：“那照高大人这样说，我们往地里撒了粪坑里的屎尿，那我们吃了庄稼就等于是吃了屎尿了、啊。如此的话，你高大人岂不是天天都在吃屎喝尿？”这话说完，顿时把高世廉气得差点吐血。谬论，谬论！好你个晴天，你不等高世廉上的完，晴天又哼了一声：“你的才是谬论。那农药在植物上对人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你高家好像也用了农药吧？你高家都用农药了、啊，何以还来指责？” 晴天是真的生气了，而他说出这话之后，高世莲的脸色就有点难看了。李世民这边更是凝眉：“你高家都用了，现在却又要说晴天这个东西害人。这农药若是害人，你高家怎么会用？”很显然，高世莲就是要找晴天的麻烦啊。而高世莲三番五次的这样做，李世民都有点不厌其烦。所以不等高世莲再开口，李世民就挥了挥手，道：“好了，此事不必再说了，你们都退去吧。这事以后也不用说了。” 他是真的有点厌烦了高士廉的行为。李世民这样说完后，高士廉也是一点办法没有，只能悻悻然的退去。晴天这边倒也没有在这里多留的意思，立马也行礼退去了。农药的事情并没有在长安城掀起多大的风浪，或者说，这就高士廉对晴天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他人根本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就跟晴天说的那样，庄稼地里是上了屎尿粪便的，难道他们吃庄稼就等于吃了粪便吗？农药想来也是一个道理，他们吃的只是果实。 并非农药，李承乾解决了虫害的事情，被李世民嘉奖了一番，同时也得到了不少百姓的认可。对于这个，李克就十分的懊悔了。他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哪怕如此，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一次只能说他失算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初秋来临，长安城的天气却仍旧是有点热的。庄稼长得很少，已经没有人再提起农药的事情了。大家都在为接下来的丰收忙碌着。 晴天在府上仍旧过得悠闲，他已经很久没有上过朝了。不过他很喜欢这种感觉，上朝还要早起，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样悠闲的做一个富家翁，真的挺不错的。而就在这个时候，朝中大殿上却是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这天早朝，群臣陆陆续续的把自己的事情给说了一下。快下朝的时候，吏部的官员站了出来，道：“圣上，京兆府的刺史包不同调离了京兆府，如今京兆府刺史空缺，而这京兆府掌管整个京畿之地。” 不可一日无刺史啊！所以臣请圣上尽快决定刺史人选。包不同在京兆府刺史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可以说是大唐开国以来在京兆府做刺史做的最长的一个人。不过一个人在一个位置做的太长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前段时间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吏部把包不同给调离了京兆府。只是把包不同调走了，京兆府这里却还是需要人来坐镇的。不过吏部的官员把这个情况提出来后，朝中的那些官员相互张望。 却都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京兆府的。京城长安啊，权贵遍地走，随便一个不小心，恐怕就要把一些权贵什么的给得罪了。他们就算有人在朝中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就算自己本身就是权贵，但要他们跟其他权贵为敌，他们还是很不乐意的。而且京兆府还掌管着长安城的安危，万一长安城出事了，他们也是责无旁贷的。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京兆府刺史是个很危险的职业。大家现如今在朝中的地位也都还可以，如此。 谁又愿意去啃京兆府刺史这个硬骨头？没有人乐意去京兆府做官。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后，眼眸微微凝了一下。朝中官员的想法，他这个当天子的自然是明白的。而越是明白，就越发觉得自己养了一群废物。朝廷给他们发俸禄啊，他们却胆小怕事。可谁不胆小怕事呢？谁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冒险？李世民又责怪不得他们。诸位爱卿，就没有人愿意担当此职吗？ 李世民询问，却还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这个时候，太子李承乾道：“父皇，而臣想要推荐一个人。”见李承乾站了出来，李世民很是好奇，问道：“太子要推荐何人？”“父皇，秦国公回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他一直都闲赋在家。秦国公是个有本事的人，朝廷若是不用，恐怕要遭到天下百姓的非议，说父皇压制人才。如此的话，那些人才又怎么愿意为我大唐出力？所以儿臣想要父皇启用秦国公。” 听到要晴天去京兆府任职，众人都愣了一下。不过他们都不敢去。如此，李承前推荐晴天，他们也说不得什么。有句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他们都不敢做，那就不要废话了。而此时朝中倒也有一些人希望晴天出来，毕竟晴天出来做事，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只有那些跟晴天关系不怎么样的，比较反对。京兆府的刺史啊，别看品阶不是很高，但权限却很大。晴天做了京兆府，他们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恐怕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但他们可开不了口。若是反对李世民，万一让他们做京兆府的刺史怎么办？李承前说完之后，李世民脸色有点难看。李承前这话的意思是说，他李世民不知道用人才了，真是岂有此理啊！可自己的儿子说的好像也是个道理。秦天这样的人，若是不用，有点说不过去。想了想后，李世民便点了点头，道：“好，既然太子举荐秦爱卿，那就让秦爱卿去京兆府任职吧。他此前也是当过京兆府别驾的。” 此去想来轻车熟路，要说合适，他最合适啊！李世民这样说完，其他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样，群臣又陆陆续,续续说了几个问题后，便退朝了。退朝的时候，工人已经急匆匆去秦国公府，把李世民的安排给秦天说了一下。秦国公，如今京兆府缺个刺史，圣上要您去做呢。工人这样说完，秦天却是在心里暗骂了一通。之前他可是尚书令啊，大唐的宰相，官居一品，可现在呢，竟然要他去京兆府做刺史。 这京兆府的刺史是比其他地方的刺史高那么一点，可再高能比丞相高？曾经沧海难为水啊！他秦天好歹也是当过宰相的人，如今让他当刺史，心里难免是有一点落差的。以前做宰相、刺史见了他一口一个下官，现在他却成为了那个下官，这事不管怎么想都觉得憋屈。他看了一眼那个工人，啊劳烦公公回去告诉圣上，就说我秦天无心仕途，只想做一个逍遥快活的富家翁。这刺史人选，让圣上另选贤明吧。” 这这工人被晴天的话给噎住了，他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按照他们工人的思路，只要是天子的命令，其他人不都得接着吗？可晴天倒好，直接就给拒绝了，事情让他有点难办。秦国公，这恐怕不好吧？晴天撇了撇嘴，道：“有什么不好的？你只管回去跟圣上说就是了。”李世民在御书房批阅奏折的时候，工人从秦国公府回来了。工人回来的时候，脸色有点难看，见到李世民的时候。 也是有一点欲言又止的感觉。李世民看到他这个样子，眼眉微凝，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工人又犹豫了一下，李世民有点生气：“有什么就说。”这个时候，工人才连忙把事情给说了出来：“圣上，奴婢去秦国公府宣旨意，可秦国公说他要做个富家翁，要逍遥快活，不肯去做京兆府刺史。”工人说完这话之后，整个人都是有一些战战兢兢的，十分害怕。李世民则是一愣：“秦天这是什么意思？要抗旨吗？” 想到这里，李世民顿时就哼了一声，道：“这个秦天还真是好大胆啊，竟然连朕的旨意都敢抗拒了。你再去一趟秦国公府，要他秦天进宫来，朕倒要看看他怎么拒绝朕。整个大唐没有什么人敢拒绝他，李世民秦天这样做，简直就是不给他这个天子面子啊！如此，他不教训一下秦天怎么能行？”工人一脸苦相，李世民得罪不起秦天，他也不想得罪啊，可现在这种情况，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急匆匆的又出了宫。 晴天这边得到命令后，倒是没有迟疑。在他拒绝接受旨意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过他并不担心，就只是这件事情，李世民还不至于把他怎么样吧？进得皇宫之后，晴天连忙行礼，态度好到不行，简直没有一点不给李世民面子的意思。这倒让想要发火的李世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火给发出来了。拳头不打笑脸人啊！李世民暗骂了一句，然后开口道：“听说你不想去京兆府任职？” 晴天道：“圣上，这京兆府掌管京畿之地，臣倒是有这个能力给做好。可您也知道，京城权贵遍地走啊，臣万一得罪了那一个，他们恐怕就又要弹劾臣了。如此，臣哪里敢接这个？臣在家贤富都有人弹劾，臣要是当了京兆府，与这长安城权贵接触的可就更多了。下面的话，晴天已经不需要说了。作为京兆府，得罪的人肯定是不少的。他晴天要是得罪了人，那弹劾他的奏折还不得如雪花一般的多啊？” 李世民本来想教训秦天的，可听秦天这么一诉苦之后，这教训的话反倒说不出来了。这秦天说的有道理啊，京兆府刺史不好做，秦天这种容易招人弹劾的体质，自然就更不好做了。只是如今其他人也都不愿意做，如此秦天不做，那他找谁做去？片刻之后，李世民才又开口道：“秦爱卿啊，你的难处朕明白，不过京兆府关系着京城的安危，交给其他人，朕实在是不放心啊。你来做，朕觉得是合适的，当然。” 你有你的担心，但只要你愿意做，出了什么事情，朕来帮你担着。如此，看谁还敢弹劾你？如何？李世民这句话就等于是给了秦天一个保命符啊。不过，秦天也知道，天子的话想来犹如狗屁，放了就放了。你要是当真，那就输了。李世民虽然还不至于像其他皇帝那样没有节操，但有时候他的话也是相当于放屁啊。所以，就凭李世民这么一句话，秦天可是不敢随便相信的。圣上。 臣也愿意为我大唐做事，做一个铁面无私的刺史。但京城的事情实在是复杂，有时候就只凭微臣的刺史身份，哪怕是国公身份，也是无法镇住一些人的。所以这差事不好做，这绝不是圣上一句话就能够让臣放开手脚去做的。所以臣恐怕不能领命。听到这个，李世民隐隐有点生气，但他到底是一代明君，哪怕秦天此时与他讨价还价，他还是没有爆发，只是语气冷了一些，道：“那如何，你才肯去京兆府任职？” 秦天想了想，道：“若圣上质疑要臣去京兆府任职的话，那臣决心做一个铁面无私的京兆府刺史。而一个铁面无私的人，难免会得罪很多人，所以臣需要圣上给臣一样可以让臣铁面无私的东西。”提出这个要求，秦天自然是受到了他那个时空包拯在开封府用三口铡刀办案的事情。有三口铡刀在，不管你是皇亲国戚还是朝中官员，只要犯法，该砍头就砍头，皇帝老子都拦不住。不过秦天也不好意思。 直接就开口要三口铡刀，他要是直接要的话，这岂不是就等于他晴天早有预谋啊？所以他准备循序渐进。而李世民听到他这一番话后，犹豫了一下，给晴天铁面无私的东西，隐藏着的就是给晴天一些权利啊，一些可以先斩后奏的权利。这种权利天子一般是不会给的，但现在这种情况不给的话，晴天做事也不好做。犹豫了一下后，李世民还是做出了决定，他是大唐的天子。 他想要京兆府公正廉明，想要长安城的百姓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去京兆府解决。如此的话，就是放一些权力下去又如何？秦爱卿所言也算是有点道理的。这样吧，朕给你一柄尚方宝剑，可以让你先斩后奏，也可以让你斩奸臣污吏，可以杀刁民恶霸，你看如何？尚方宝剑这个东西也是很多人都熟知的东西。晴天在前世的电视剧里面经常见到，一般情况下都是送给钦差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李世民会在这里送给他这样一柄玉剑。 按理说，这样的御剑权力很大了，见此剑如见天子啊。只是御剑杀人，怎么看都没有铡刀来的威风凛凛啊。难道有奸臣犯事了，他要先斩后奏，得拿着宝剑去杀人吗？那个画面怎么看都觉得不怎么好看，而且宝剑没有铡刀威风，震慑不住人啊。想了想，又忍了忍后，晴天开口道：“圣上，上方宝剑并非臣之宝剑，这个东西应该是整个京兆府公正无私的镇海神针，所以。” 不如给铡刀吧，铡刀什么铡刀？李世民有点懵了。在李世民看来，尚方宝剑是最具有逼格的一种东西，拿在手里多威风啊！谁见了尚方宝剑，不得如见到他这个天子一样？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秦天竟然不要，而理由是尚方宝剑是他秦天一个人的宝剑，他想要的是能够让整个京兆府都可以秉公执法的东西。铡刀，李世民很难想象这种情况。铡刀这种东西，他也是见过的。 很多喂牛、喂马的人都知道这个，一般铡刀都是用来剁碎草料的。可晴天要这个做什么？他望向了晴天，询问。晴天苦笑道：“圣上，臣其实想要三口铡刀，龙头铡可铡皇亲国戚、奉子龙孙；虎头铡可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狗头铡可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三口铡刀跟《三侠五义、e》W 里面出现的铡刀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晴天想要的也就是这三口铡刀。” 就这三口铡刀往京兆府一放，谁还敢在他秦天面前放肆？谁敢放肆，他就先铡了他的脑袋。而秦天说完之后，李世民却是有点震撼，他没有想到秦天弄出来的东西竟然是这个。不过仔细想过之后，若京兆府真有这三口铡刀在，怕也是能够震慑到不少人的吧？而有了这三口铡刀，京兆府做事就可以没有什么顾虑了，一切但求秉公执法。虽然觉得铡刀这种东西不怎么好看。 但李世民想过后，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铡刀和尚方宝剑既然效果差不多，那秦天想要铡刀，他给铡刀就是了。好，朕会派人给你尽快打造好这三口铡刀。多谢圣上，铡刀好了之后，臣立马赴任。秦天连忙说道。很显然，铡刀不好，他是不会去上任的。对于此，李世民虽然颇有不喜，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派人下去准备，尽快将三口铡刀给打造出来。李世民亲自下令了。 工部这边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两天之后，三口铡刀做好，直接就给晴天送了过来。铡刀到了之后，晴天也就没有再拖着，直接带着三口铡刀向金兆府赶去。金兆府对于晴天来说算是轻车熟路了。他来到金兆府的时候，金兆府的一众官员都已经在候着了，有之前晴天就认识的捕头吴健，也有刚来金兆府一年任职别驾的狄之逊。晴天到了之后，他们连忙就迎了上来，他们都很兴奋。 仿佛包不同的离开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影响，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包不同对他们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不过包不同的身份到底没有办法和晴天比，所以在京兆府做事的时候，他们常常感觉到有点憋屈。很多时候，很多人明明该抓那包不同，却是不敢抓的。如此，他们心里总觉得憋着一股气，不舒服。可如果晴天来了，那这种事情差不多是不应该发生的吧？晴天多痛快的一个人啊，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晴天看到他们之后笑了笑：“吴健，你这多少年了，还在京兆府做捕头啊？怎么一点长进没有？”话语之间已经有了一些责备的意思。吴健听了之后，老脸通红。他也不想一直当这个捕快，只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在战场上立下过什么功劳，又没有文人的功名在身，想要升迁，谈何容易啊？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晴天却是已经摆了摆手，望向狄之训道：“你倒是升迁的挺快，都已经当了了京兆府别驾。”狄之训笑道。 秦国公谬赞了，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一众人这样寒暄了几句，吴健和狄之逊便要请秦天回京兆府。如今京兆府有秦天坐镇，他们算是有了主心骨了。不过秦天却是摇了摇头，道：“先别急着回去，看到我带来的三口铡刀没有？”后面的三口铡刀，吴健他们早已经看到了，只是他们不明白秦天弄三口铡刀来做什么。难不成是要养马养牛？可在京兆府养马养牛，有点说不过去呀。他们都点了点头。 但又都很好奇，秦国公，您弄三口铡刀做什么？三口铡刀分别是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这是本官向圣上请的。三口铡刀可铡天下犯法之人，龙头铡可铡皇亲国戚、奉子龙孙；虎头铡可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狗头铡可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而且这三口铡刀在京兆府，本官皆可先斩后奏。秦天一番话说完，众人忍不住冷吸了一口气。这三口铡刀。 皆可先斩后奏这是什么概念？这简直就等于是尚方宝剑啊！有这三口铡刀在，谁还敢不把他们京兆府放在眼里？当然，他们不知道的是，李世民本来就是想给尚方宝剑的，是秦天非得要三口铡刀。不过不管知道亦或者是不知道，有这三口铡刀在，他们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觉得晴天就是晴天，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晴天一来，他们的腰杆都要挺得笔直了。秦国公真是厉害，有了这三口铡刀，以后我们京兆府做事。 可就方便多了呀！没错，没错，看以后谁还敢在我们金兆府撒野？金兆府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闹事的。一众人兴奋地说着，晴天却是很快打断了他们的话，道：“好了，虽说有三口铡刀，那也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若是不用先斩后奏，也不得使用。现在你们将这三口铡刀的事情宣告整个京城吧，让那些人知道金兆府有了三口铡刀，让那些人也小心一点，算是提前预警了。” 三口铡刀的确是可以先斩后奏的，但如果能够避免一些人犯法，那晴天自然是希望能够避免的。三口铡刀的消息公布下去之后，一些心里有歹念的人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恐怕就要好好掂量一下了吧。虽然没有杀鸡儆猴，但这个效果应该跟杀鸡儆猴的效果差不多吧。晴天吩咐下去后，吴健等人不做迟疑，连忙领命退去。初秋的长安城很热闹，长安城跟以前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新鲜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金兆府的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被金兆府的人宣扬出来之后，长安城的百姓都一下子议论起这三口铡刀来。有人觉得这三口铡刀很有用，有了这三口铡刀，王子犯法恐怕要与庶民同罪了吧？所以认可的人对晴天少不得要一番称赞了。而另外一些人并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用，很多人都觉得这只是晴天的一个噱头，他恐怕不敢用这个东西来先斩后奏，用铡刀先斩后奏。 恐怕是要得罪很多人的吧？晴天敢得罪很多人吗？龙头铡，他们觉得晴天永远都是用不上的。这些人少不得要对晴天冷嘲热讽一番。当然，一些人不管认同还是不认同，心里多多少少都是有了一些紧张的。很多不法的事情自然也就不怎么敢做了。本来长安城的街上纨绔子弟是很多的，但自从这个宣布之后，长安城的纨绔一下子就少了很多。没有办法，不管晴天是不是真的敢用这三口铡刀。 他们都是心有余悸，有点担忧的。如此能够尽量避免的话，他们自然是要避免的。长安城一下子仿佛安全了许多，也平静了许多。而就在这个时候，离七夕节越来越近了。七夕是初秋很重要的一个节日，这个时候的长安城已经有了凉意了。早上的时候很冷，中午的时候却又很热。离七夕还有几天，不过很多人却是已经开始准备了起来。特别是一些待字闺中的女孩子，因为心里满怀着期望，想要嫁一个好人家。 所以，对于七夕反而更为重视，提前好几天，他们很多人就都已经商量好，到时候去那里放河灯啊，在那里乞巧之类的了。这天晚上，一名女子在长安城的街上急匆匆的走着。如今的长安城已经放开了宵禁，所以夜里的时候街上有人走动并不奇怪。这个时候夜已经算深的了，所以街上的行人并不是很多。这个女子是少有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不过，女子拐了一条街后，她走的那条街便没有什么行人了。 而这个时候，女子走得更快了一些，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什么，她走一会后，总会忍不住向后张望，发现并没有什么人后，才会继续赶路。可就在她在这条空寂的街上匆匆走着的时候，迎面又走来了一名女子。那名女子身材纤瘦，但看起来比普通女子却要高一些，在夜色下，隐隐能看到她的一部分脸庞，那是一个很漂亮的脸，漂亮的连之前的那个女子看了之后，都忍不住生出了些许欢喜来。不过。 第一个女子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的停留，亦或者是言语上的接触，她只想赶快走过这段路。不过就在第一个女子跟第二个女子快要擦身而过的时候，第二个女子突然开口了：“姐姐慢走。”第二个女子开口之后，第一个女子愣了一下，突然有点不安，她好像感觉那里有点不对，可到底那里不对，在那一刻她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她忍不住的想要拔腿就跑，可就在这个时候，第二个女子突然朝着扑了过来。 夜色越发的深沉起来，风吹来了凉意。京兆府的事情很多，哪怕晴天此前在京兆府做过别驾，可现在来做刺史，他还是觉得京兆府的事情很多，多的让他有点不适应。可能是之前一段时间闲散惯了，突然忙碌，难免有点手忙脚乱。可不习惯也得慢慢习惯，谁让京兆府的很多事情都是马虎不得的，稍微那一个环节出了错误，都有可能影响到京城的安危啊。所以晴天也只能硬撑了。每天他都是天刚蒙蒙亮。 便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去点卯上朝，亦或者是去京兆府处理事情，忙得很是厉害。有时候早上起来想跟九公主他们做点什么都没有时间，晚上回到家又累得犯困，就更没精力去做那些事情了。晴天觉得愧对九公主他们，他们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心里肯定也是有一些怨言的吧。而这种情况只在晴天休沐的时候才会好上一点。这天晴天刚睡醒，就感觉有什么东西缠上了自己。 那东西软软的，晴天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九公主，而看到九公主那有些发红的脸颊后，晴天就突然兴起，然后像一头猛兽一样扑了过去。今天休沐，他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自然也可以没有任何顾虑的去做一些事情。只是就在晴天刚要进入正题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吓人急切的声音：“老爷，老爷，金兆府来人了。”听到这个声音后，晴天隐隐有一些温怒。天还没有亮啊，金兆府来什么人？可金兆府都来人了。 他还能怎么样？晴天是个理智的人，他自然知道金兆府在这个时候来人肯定是出事了。九公主这边的事情很重要，但金兆府那边也不敢松懈啊。他只能有些歉意的望向九公主，九公主翻了个白眼，道：“去吧，去吧。”晴天苦笑，但也没有办法，摸了一下九公主的小脸蛋后，便连忙穿上衣服出去了。前院这里，吴健正在着急的等着，看到晴天过来后，他连忙冲了过去：“秦国公出事了。” 晴天点点头，你这个时候来肯定是出事了，你也不用着急，说说发生了什么吧。今天一早，高世廉的府上就派人来了，说高世廉高大人的第十三小妾独孤娟娟失踪了，昨天出去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他们怀疑独孤娟娟可能遭遇了不测，要我们京兆府尽快破案。属下已经派人去找了，但现在都还没有什么动静。听到是高世廉的第十三小妾出事了，晴天心里多少松了一口气，高世廉的人出事了，他是最不会着急的。 不过事情发生在长安城，他作为京兆府刺史，不解决好像不行吧。高士廉的第十三个小妾失踪了，一个妾室的性命对于高士廉来说并不算什么，不过有人失踪对于京兆府来说却绝对算得上是大事了。秦天只是稍作了一下迟疑，而后便带着吴健直接向京兆府赶去。他们赶到京兆府的时候，高士廉已经在等着了，他整个人都显得很生气、很愤怒，而京兆府的一众衙役在旁边，浑身都有点颤抖。 显然被高世廉给吓到了，他们看到晴天和吴健之后，才稍微放松了一些。不过，不等他们开口，高世廉已经望向了晴天，有点愤怒的说道：“你们京兆府是做什么吃的？我的夫人已经失踪了这么久，到现在你们还没有一点消息，你们京兆府就是这样办事的吗？你们若是再不把人给我找出来，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高世廉对晴天等人威胁怒骂，晴天表现的却十分平静。等高世廉这样骂完之后，才开口道：“高大人的小妾失踪了。” 高大人着急紧张很正常，不过本官希望高大人明白一个道理，那便是我们京兆府的确有责任帮你找人，但却没有理由接受你的怒骂。在规定时间内，我们京兆府会给一个结果。在此之前，高大人的怒骂和羞辱，本官可以认为是一种对京兆府的轻视。如此的话，那也别怪本官不客气。晴天的语气很平静，但却带着一股不容人质疑的镇定。他这样说完之后，高世连却是越发的生气。不过不等他开口，晴天已经再次说道：“高大人说话之前。” 最好考虑清楚了，不然本官要你今天被人抬着离开京兆府。别说是你的一个小妾丢了，就是你儿子丢了，我京兆府该按照规矩办事，还是按照规矩办事。若是在朝廷规定的时间内，我京兆府没有什么结果出来，你高大人大可以去圣上那边弹劾，在这里发飙没用。高士廉瞪着晴天，气得不行，但现如今他也是被晴天的话给震慑到了，想要说点什么，犹豫了一下之后，也只是变成了哼的一声，紧接着甩袖离去。 看着高士廉离去的背影，金兆府的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同时对晴天也崇拜的不行。他们没有想到晴天就这么三言两语便把高士廉给说的离开了，厉害啊！想到他们刚才被高士廉痛骂，在高士廉面前一句话都不敢说，他们现在就觉得很过瘾，特别的过瘾。金兆府又恢复了平静。狄之训呢？回大人的话，狄大人带着人调查案子去了。在接到报案之后，狄之训便立马带人去调查案子，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职责。 听到这个，晴天点了点头，紧接着说道：“好，如果发现了什么线索，要第一时间通知本官。<莫>”“诺。”这样说完，晴天在京兆府又待了一会，并没有等到狄知训的消息后，他才终于离开。如今没有案子的线索，他就是待在京兆府也没有什么用。离开京兆府后，晴天在长安城闲逛。此时的长安城天气已经渐有凉意了，不过热闹还是照样的热闹。晴天准备去西市买一些东西，然后便直接回府。 不过他刚到西市，就看到狄之逊带着一众衙役急匆匆地向西市这边赶来。晴天看到狄之逊的时候，狄之逊也已经看到了晴天。秦大人，怎么了？有什么消息了？两个人说的不多，但都知道彼此说的是什么事情。狄之逊点了点头，刚刚得到线人来报，说他们在西市的八方胡同发现了一具女尸。我们想知道那具女尸是不是独孤娟娟。听到八方胡同有女尸，晴天的眼眸就凝了一下，接着说道。 我陪你们一起去。说完，他们便直接向八方胡同赶去。八方胡同是西市最为混乱的一个胡同，因为这里住着各种各样的胡人，而这些胡人来自不同的国家，甚至还有不同的肤色。这样的人把各自地方的一些习惯习俗带到了这里，于是开始产生冲突，也开始融合。但这个过程肯定是缓慢的，所以这里也就成为了西市最为混乱的地方。晴天他们来到八方胡同的时候，这里已经聚集着很多看热闹的人了。 这些人有大唐的一些百姓，也有一些胡人，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嘀嘀咕咕地说着、议论着。而晴天他们走过来后，这些人立马让出了一条道，这条道一直通到了胡同的一个角落里。而在角落那里，一名女子的尸体横陈，女子浑身上下不着寸缕，而且下面那个地方隐隐还能够看到一些血迹。不难看出，这个女子在被杀之前显然是遭到了非人待遇的，场面有点触目惊心。众人这个时候仍旧在讨论，在叹息。 再好奇，当然也不乏一些好色之徒对那尸体评头论足，什么屁股不够大之类的。晴天的眼眸凝着，看过尸体之后，问道：“是谁最先发现的尸体？”很快，一名胡人站了出来。这个胡人身材不高，留着大胡子，鼻梁很是高挺，眼睛是蓝色的。是我。你怎么发现的尸体？我就住在这个胡同里。今天早上，我带着一批货出门，一不小心滑了一跤，我的货物就摔到了这个角落里。我捡起货物的时候，碰到了这个盖子。 然后就看到了盖子下面的尸体，盖子上有一些血迹，显然尸体是被凶手用盖子藏在了这个地方的。狄大人，你派人将整个胡同的人都给询问一遍，看看昨天晚上他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还有将尸体带回京兆府进行更加仔细的检验。对了，让高世连来认一下尸体，看看是不是他的第十三个小妾。诺<莫>。狄之逊领命之后，晴天便转身离去了。如今尸体找到了，他能做的很多，但现在要做的就是他说的这些。等尸体的身份确定了。 案发现场的一些情况明了了，他再继续去调查。晴天离开之后，狄之逊这边又派出了警犬，想要看看能不能查找出一些线索来。死者的尸体被带到了京兆府，没过多久，高世廉便急匆匆的赶了来，亲自赶来的。当他看到死者之后，整个人顿时晃动了一下，差点跌倒，而他整个人的脸颊则,则变得通红起来，丢人，实在是丢人啊！虽然对于自己的第十三个妾室，他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也不是很在意，一个月能有一天在他那里过夜，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但哪怕如此，独孤娟娟也是他高世莲的女人，其他人谁敢染指？可现在独孤娟娟这个样子，显然是被那个杀人凶手给欺辱了身子啊！这就好像凶手给他高世莲戴了绿帽子一样，这让他高世莲的面子往那搁？让他怎么见人？以后只要有人谈论起这件案子，只怕那些人就会说起他高世莲的女人被凶手给那个了吧？愤怒，愤怒！ 此时的高世廉倒希望金兆府永远没有找到独孤娟娟，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的高世廉很纠结，他望着金兆府的那些人，冷冷道：“是谁？是谁杀了他？他要将凶手碎尸万段。凶手给他高世廉造成的伤害，让他想要杀人。”金兆府的人相互张望，紧接着一名主簿站了出来，道：“高大人，我们刚发现尸体没多久，狄大人正在调查此案，想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还没有找到凶手。” 你们金兆府就这点本事吗？早上的时候，高世廉是刚来过的，不过那个时候他吃瘪了。但现在他的女人被杀了，金兆府却没有找出凶手来，他很生气，所以也就顾不得其他，不由得把怒气都撒在了金兆府这些衙役身上。这些衙役看到高世廉如此，却也不敢像早上那样对高世廉。今天早上，晴天说的那一番话都很有道理，但他们很清楚，晴天说那一番话可以起到效果。他们要是说那样的话，恐怕只会被高世廉给抽死。 如此的话，还是什么都不要说的好。凶手，我一定要找到凶手！高士廉在京兆府咆哮着。而就在这个时候，狄之逊从外面赶了来。高大人要我们京兆府找到凶手，这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毕竟这是我们京兆府的职责。不过要找到凶手，很多事情，怕高大人给配合一下才行。狄之逊话音落下，高士廉顿时就瞪大了眼睛，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破案的规矩罢了。死者既然是高大人的家人，那有关死者的一些情况。” 自然需要高大人配合一下。若是高大人不肯配合，那这案子想要进行下去可就不容易了。甚至我金兆府有权利怀疑一点什么，怀疑什么？自然是怀疑这事可能是高世廉做的。狄之训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高世廉听到之后，顿时有点火冒三丈，骂道：“你怀疑你？你竟然怀疑我？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竟然敢怀疑老夫？高大人高高在上，自然不会把我一个小小的别家放在眼里。不过国法如此，律法如此。” 下官就是死，也肯定是要这样做的。你高士廉算是看明白了，在这京兆府，他这个国公的身份不怎么管用了、啊。而狄之逊说的又很有道理，他若是不配合，少不得要被人怀疑。不过在京兆府配合，这些人想的倒是挺美，他要到自己的主场配合。好，好，你们想了解什么，就去我府上吧。说完，这个时候，高士廉又气冲冲的离开了。这一次，如果晴天不能够找出凶手的话，他非得狠狠的弹劾一下晴天的无能不可。 高世连走了，狄之逊这个时候才终于有机会仔细的检验一下死者的身体。当然，在此之前，仵作已经对死者的尸体有过检查了。狄之逊看的时候，仵作把情况跟狄之逊说了一下。而狄之逊检查过后，并没有觉得仵作的勘验有什么问题，不由得他便拧起了眉头，然后思虑片刻，便直接再去找晴天去。这事不能少了晴天的安排啊！晴天在府上完成了早上跟九公主没能完成的事情后，便在府上陪几个孩子玩耍。 只是陪孩子玩耍，虽然很开心，能够让人放松，但可能是心里有事的缘故，晴天总是时不时的跑神。他这刚当上京兆府的刺史，长安城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情，如果不能够彻底解决，他这个京兆府的刺史，恐怕要被人给用唾沫给淹死吧。不知道狄之逊调查的怎么样了。就在晴天这样想着的时候，福伯从外面急匆匆的跑了过来，公子，狄之逊，狄大人求见。听到狄之逊来了，晴天连忙站了起来，道：“领他去客厅。”客厅。 晴天见到狄之逊后，便直接问道：“可是调查出了什么？”狄之逊点点头：“是的，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就是高世廉的第十三个小妾独孤娟娟。”这个晴天多半已经猜到了。那你调查的结果呢？八方胡同的人我已经派人询问过了，他们都说昨天晚上并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也没有看到什么人出现在案发现场。我也已经派警犬给寻找了一下，但是警犬并没有闻到什么气味。狄之逊简单的先说了这么一点。晴天听完之后，眼眸微微凝了一下。 这么说来，凶手是个对警犬有些了解的人，他知道如何来掩盖自己身上的气味。而死者被杀的地方肯定不是八方胡同，凶手杀死死者之后，才把死者的尸体给弄到八方胡同的。狄之逊颔首，然后继续说道：“再有就是，死者的尸体经过勘验之后，是被凶手给掐死的。不过死者的头部曾经受到过重击。再有就是，死者的下面虽然被折磨的有点不成样子，但他并没有受到侵犯。”听到这话，秦天倒是愣了一下。 现场的情况，不管是谁，只要看过一眼之后，都觉得死者可能是被凶手给侵犯了。可是，勘验的结果却是死者并没有受到侵犯，如此事情就有点耐人寻味了。本来以为这是一件采花贼事件，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啊！走去一趟高府，有什么线索？途中再说。高府的气氛是凝重的，是紧张的，紧张的仿佛一根琴弦，随时都有可能崩断。府上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也都清楚高世莲现在愤怒异常，所以没有人敢去招惹他。而高世莲也把自己关进了书房里面，生着闷气。他高家这一次算是把脸面给丢尽了。而就在高世莲生着闷气的时候，晴天和狄之迅他们来到了高府。对于这两个人，高世莲本来是不怎么想见的，但不见又说不过去，所以思来想去，他还是见了。客厅，高世莲并没有丝毫命人上茶的意思。晴天和狄之迅两个人也是随意。 并没有一点做客的样子。高大人，高府发生这种事情，本官也十分的痛心。不过有一个好消息需要高大人知晓。听到好消息，高士廉顿时就有点好奇，问道：“什么好消息？”是这样的，经过仵作的勘验，你的第十三个小妾只是被凶手给折磨了，下面并没有被凶手侵犯。你的十三小妾死得残忍啊！听到这话，高士廉先是一喜，可紧接着就又拧起了眉头。自己的妾室没有被人侵犯，这的确是应该洗的。 但晴天这话说出来，他怎么听都觉得难听。毕竟这种事情，就算大家都知道，可说出来的晴天还是第一个啊。而且，就算自己的妾室只是被凶手给残忍杀害了，可现在谁不觉得他的妾室被凶手给侵犯了？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有什么用呢？除非抓住凶手啊！你们要高府怎么配合，就赶紧说吧。本官现在只想要凶手碎尸万段。凶手打了他高家的脸，他若是不弄死凶手，那他高家的耻辱永远都在啊！ 见高世廉这般的开门见山，晴天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废话，道：“我想知道高大人的第十三个小妾为何会在半夜出现在长安城的街上，而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们已经验证过死者的死亡时间了，死亡时间就是在半夜。”对于这个，高世廉倒也没有藏着掖着，道：“昨天他要去省亲，我告诉他能回来的话，尽量当天回来。他连夜赶路，可能是想赶回来吧。”晴天哦了一声，又道：“独孤娟娟好歹是高大人的第十三个小妾。” 在府上，身份比其他下人肯定是要高出一些来的。而像她这样的贵妇回家省亲，可有带什么丫鬟之类的？现场只有独孤娟娟一个人的尸体，这在人看来实在是奇怪至极的。而晴天这样询问过后，高世连道：“有一个叫六妮的丫鬟，我已经派人去找她回来了。有什么疑问，你到时候可以去问他。”晴天颔首，然后继续问道：“不知道高大人的第十三个小妾，平日里可有什么仇人？她一介妇人，能有什么仇人？” 这可不好说，不知平日里高大人对你的第十三个小妾是否特别宠幸？听到这话，高世廉就知道晴天怀疑他的其他几个夫人了。毕竟一个男人的女人多了，这些女人少不得是要互相斗的。皇宫里面有后宫争斗，可这高门大宅里面也有十分精彩的宅斗啊。他高世廉的几个夫人与那独孤娟娟，恐怕还真有几个不怎么对付吧？毕竟这个独孤娟娟才入府没多长时间，他对独孤娟娟的宠爱比其他几个夫人肯定是要好一点的。 至少每个月都能够享受到他高世莲的恩泽。至于其他夫人，恐怕很多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不过，就算如此，他高世莲也相信自己的夫人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所以在晴天问了这个问题后，高世莲摇摇头，不算特别宠幸。你知道，我高世莲的女人很多，他不宠幸独孤娟娟，自然就是在告诉晴天，他的其他夫人不可能对独孤娟娟动手。晴天哦了一声，突然说道：“我想跟高大人的几个夫人询问一下，不知道可以吗？” 显然，晴天不信高世莲的话。高世莲凝眉道：“见我府上的妇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晴天淡笑：“若是高大人不肯让见，那我自然不会坚持。不过，下面的话晴天并没有说出来，但意思却也明白。不让见，难不成是有什么要隐藏的？那凶手铁定就是高世莲的其他夫人了。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对高世莲的家眷恐怕也有很大的影响吧？以后长安城的那些贵妇人相聚，谁还肯邀请高世莲的家眷？” 毕竟这些家眷里面，可能有一个是杀人凶手啊！晴天的表情很是值得玩味。高世廉却是快被晴天给气疯了，简直一点办法没有。最后很无奈的，他只能哼了一声：“你有什么要问的，尽快问。”晴天耸耸肩，然后便直接去了高府后院。高府的后院相比较前院，要显得更为婉约一点，亭台楼阁，溪水潺潺，到处都可见到。晴天找到高世廉的其他夫人的时候，他的那些夫人都在池塘边上喂鱼。 高府的池塘里面养了许多的锦鲤，鱼食撒下去的时候，这些鱼就会争先恐后的冲过来。他们冲过来的时候，很是壮观，也很是漂亮好看。此时，几个妇人就在观赏这些吃食的鱼。而当他们突然看到两个男人走进来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有点惊慌。而等他们看清楚来人后，才慢慢的放松下来。诸位夫人，高府的十三太太死了，被人给折磨死的。此事关系重大，我需要询问一下你们，还希望诸位夫人能够配合啊。来到这些妇人跟前后。 晴天把情况给说了一下。他这么说完之后，高世莲那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对晴天都是一脸的厌恶，甚至有一些不想配合的感觉。很显然，他们这些女人受到高世莲的影响比较大，爱屋及乌。高世莲憎恨他晴天，这些女人也都憎恨起他晴天来。不过，高世莲后面的那几个妙龄妾室却是双眼放光，整个人都显得十分的激动不已。显然，他们对晴天恐怕有一些狂热的小心思啊，就好像粉丝见到了明星一般。 而若是能够跟明星近距离接触一下，那就更是不能自已了。晴天是大唐最炙手可热的权贵，是许多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哪怕这些女人已经嫁作了人妇，怕也对晴天有那么一些喜欢和狂热。高世莲的那些年轻的小妾便是如此，他们做梦都想跟晴天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而当高世莲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整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发紫，耻辱，耻辱啊！自己的女人竟然竟然对晴天这个样子。 等这事完了之后，他非得在床上好好教教他们谁才是他们的男人。高世莲暗骂不已。晴天这边已经把高世莲的几个夫人和小妾分开，开始了单独的询问。高世莲的那几个夫人跟高世莲可以说是很一心的。平日里，就算独孤娟娟得了宠爱，却也动摇不了他们这些人的根基。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其实已经不奢望再得到高世莲的垂青了，而他们的地位也已经稳固，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想着如何也保全高家的脸面，所以。 当晴天对他们询问一些有关独孤娟娟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回答跟高世莲差不多，都在帮着掩饰。从这几个女人身上问不出什么来，晴天也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几个小妾身上了。很快，晴天便跟一个看起来略有些俏皮的小妾见面了。这个小妾是高世莲的第十个小妾，名叫宋巧巧，是个很活泼的女子，给人的感觉很阳光。当初高世莲也正是看到了她这个情况，才纳了她为妾的。可以说，高世莲的女人各种各样的都有，婉约的。 豪放的、俏皮的、端庄的，等等。见过秦国公，宋巧巧行礼过后，便一直的盯着晴天看，似乎一点没有女子的娇羞，好像这个时候晴天才是个女人，她是个男人，他就像是在欣赏女人一样的欣赏着晴天。这份大胆，放在整个长安城都是少见的。晴天竟然被他看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宋夫人，本官想知道一些跟独孤娟娟有关的情况，她平日里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前的询问。 高世莲的其他女人都说独孤娟娟是个很随和的人，而且十分的端庄贤淑。反正好词什么的都用到了独孤娟娟身上，但晴天却不觉得一个半夜还在街上的人会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想知道实情。晴天这么开口之后，宋巧巧顿时露出了一些不屑，道、哦：“这个独孤娟娟啊，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秦国公你是不知道，有一次啊，我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其他男人的东西呢。啧啧，你说这样的女人能是什么好女人？” 其他男人的东西，宋巧巧点点头道：“是啊，那是一件玉佩，质地不算很好，一看就不是我们家老爷给送的。我们家老爷那可是有钱人，那样的东西他根本就看不上。”听到这话，晴天露出了一丝浅笑，终于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了，而他相信这个声音才是真的声音。好多谢宋夫人了，本官已经明白了。下一个，晴天已经不准备再询问宋巧巧了，这让宋巧巧多少有点失望，但她又不好继续待下去。 只能起身离开，满脸的哀怨。晴天又询问了几个人，这几个人的回答跟宋巧巧的都差不多。他们并不觉得独孤娟娟是个端庄贤淑的人，他们都觉得独孤娟娟在外面可能是有男人的，而且每个人都能够提供一点小线索。这些小线索很小，或者说更多的只是这些女人的怀疑。不然他们若是真的有了证据，怕直接就告诉高世莲了。不过女人的自觉向来是很准的，他们与独孤娟娟接触之后，猜测出一些情况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高士廉的几个妾室询问完之后，晴天并没有丝毫的表露，而是继续待在高府等独孤娟娟的丫鬟六妮的消息。没过多久，那个六妮便被人给找了回来。原来，独孤娟娟死了之后，她便害怕的不敢回来了，躲回了她自己的家里。不过，高府对于府上每一个丫鬟的底细都是清楚的，那六妮躲在了家里，自然是躲不过去的，很快就被高府的人给抓了回来。而六妮有了这个举动之后，就有点令人怀疑了。好你个六妮，你的主人死了之后。 你不来禀报，却还要躲藏起来，你的主子恐怕是你所杀吧？高士廉愤怒地吼叫着，他也不知道六妮是不是凶手，但他却可以随便的怀疑六妮。六妮脸色发白，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老爷饶命，奴婢冤枉，奴婢冤枉啊！夫人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六妮不停地喊冤求饶，但高士廉却不以为意，似乎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晴天看到这种情况后，道：“好了，你起来吧。那独孤娟娟是不是你杀的？” 本官问过你之后，自然就知道了。虽是如此，高世莲没有发话，那六尼仍旧不敢起来。晴天也没有在意，道：“本官来问你，你与那独孤娟娟一同回去省亲，可那慕容娟娟为何会半夜出现在街头？你又为何没有跟着同去？”说完，晴天便盯着六尼看。六尼有点紧张，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她还算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丫鬟，知道很多时候应该保全高世莲的面子。只是她若保全了高世莲的面子， 晴天会不会认为是他杀了独孤娟娟？要是这样的话，那他可就真的冤枉死了。杀人啊，他是要偿命的。这样纠结了一番之后，六你只能说道：“夫人，夫人要去见他的表哥，不让奴婢跟着，所以奴婢也就不敢跟着了。听说夫人被杀之后，我就有点害怕，所以才躲在了自己的家里。大人，夫人真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啊。独孤娟娟有个表哥，而且还三更半夜的去找他，这种情况怎么看都像是一对狗男女在约会啊！而不等晴天反应过来。 那高世莲突然一脚就朝六妮踹了过去。你说什么？他是真的有点羞愤了。本来得知独孤娟娟并没有被人侵犯，他的面子多少保住了一点。可现在又出现了这种事情，这是要把他高家的脸面狠狠地踩在地上啊！在得知独孤娟娟那天晚上的行动之后，晴天就没有再继续待在高府。一来，他需要给高世莲一点面子，不能让高世莲太过难堪了。毕竟这是家丑啊，他肯定不想其他人知道吧。至于六妮的死活，晴天是不怎么在乎的。 离开高府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初秋的黄昏，长安城有凉意袭来。狄知逊跟在晴天后面道：“大人，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独孤娟娟的表哥呀，很有可能他是知道独孤娟娟的一些情况的。独孤娟娟是去找他的，如此的话，独孤娟娟的死，他的那个表哥段誉应该是知道的吧？”晴天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那就劳烦你去把那个段誉给抓捕过来问话吧。”狄知逊领命退去，而后便带人去抓捕段誉。 黄昏落尽，天已经黑了。长安城一处小宅子里，一名男子正匆忙的收拾东西，想要逃跑。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逃跑，反正就是在得知独孤娟娟被杀之后的消息后，他有点不安。他觉得如果不逃跑的话，自己肯定没命啊。不过就在他这么匆忙收拾东西的时候，一群衙役突然冲了进来，将他给控制了起来。紧接着，狄之逊从外面走了来，而段誉刚才收拾的包裹一个不慎，直接掉落在了地上。 包裹里面有不少值钱的好东西，不过只需要看一眼就知道是女人的东西。狄之逊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有点好奇。按理说，段誉这个人的家境一般，根本买不起这么名贵的东西，所以很有可能这些东西是独孤娟娟给他的。想跑？狄之逊简短的问了一句。段誉的脸色有点难看，连忙求饶道：“大人饶命啊！独孤娟娟的死跟我一点关系没有，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段誉不停求饶，狄之逊却是一点不为所动，道。 说吧，你跟那独孤娟娟是什么关系？若是有一句假话，本官便认定你就是杀害独孤娟娟的凶手。大人饶命！说。狄之训冷冷的说了一句，段誉这才连忙说道：“我是独孤娟娟的表哥，除此之外，我们真的一点关系没有。”听到这话，狄之训脸色猛然一变，他没有想到，都这个时候了，段誉竟然还想隐瞒一些事情，他简直就是在找死，砍掉他一根手指，直到他肯说实话为止。话音落下，立马有衙役动手。 直接砍掉了段誉一根手指，段誉的手指被砍断之后，顿时疼得惨叫起来。但狄之逊却是哼了一声，再放一炷香。如果这一炷香烧完了，他还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给说出来，就砍掉他一条手臂。砍掉一根手指已经够痛的了，如果砍掉一条手臂，那不得被疼死啊！而看刚才的情况，这些人真的敢砍他的手臂。想到这里，段誉才终于害怕，于是也顾不得断指之痛，连忙求饶道：“饶命，大人饶命啊！我说，我什么都说，说吧。” 若是有一句虚言，本官再不给你机会，直接认定你就是凶手。段玉暗自叫苦，连忙说道：“回大人话，我与那独孤娟娟的确是有一点表亲的。不过很早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已经私定了终身。谁料那高世莲不是个东西，竟然看上了独孤娟娟，硬是把她给抢了过去。我这心里痛如刀绞啊！不过独孤娟娟成为高世莲的小妾后，还是时常以省亲的名义出来与我私会。昨天晚上，我们是说好了来我这里共度一个晚上的，只是我左等右等。” 都没有等到他的消息，白天的时候才得知他被人给杀害了。我我这心里害怕，所以才想着逃跑的。听段誉话里的意思，他们好像是一对苦命鸳鸯。狄之逊嘴角撇动了一下，道：“地上的这些东西都是独孤娟娟给你的。”段誉点点头，是的，她现在是高世廉的妾室，身份不一般了、啊、所以便时常拿一些好东西来接济我。我想着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以后说不定我们两个人远走高飞的话，这些钱就用上了。不曾想，段誉把情况给说了一下。 说的有点痛心疾首，狄之逊眼眸微凝，想要从他的话里找出一些破绽来，但不管怎么找都没有找到。最后，狄之逊也只能挥一挥手，命人将段誉给先行关押在京兆府大牢，等案子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后再做打算。次日天刚亮，京兆府的人正要开始一天工作的时候，高世廉气冲冲的来到了京兆府，听说昨天你们抓到了那个小白脸，他要找段誉，自己的女人竟然勾搭上了外面的男人。 而且还拿他高家的钱去接济那个男人。作为一个男人，高世莲是受不了这样的耻辱的。他很生气，很愤怒，愤怒的想要直接杀了段誉。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解心头之恨。狄之迅见高世莲如此生气，很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高世莲的这个反应是正常的，不管那个男人遇到了这种事情，都会愤怒，都会想要杀了那个小白脸报仇解恨。只是如今案子还没有调查清楚，那个段誉还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死。高大人。 这里是京兆府，我京兆府既然在督办这件案子，作为重要的嫌疑人，只怕你不能随便决断，不然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是在杀人灭口。放屁，放你的狗臭屁！我高士廉杀人灭口，我若是杀人灭口，会直接来你京兆府要人。狄之逊耸耸肩，故弄玄虚嘛。不过只要高大人你要杀段誉，甚至是见他，下官都有理由怀疑你是杀人灭口。说到这里，狄之逊又开口道：“高大人，案子既然交到了我们京兆府。” 你大可放心便是，凶手我们最后肯定能给你找出来。不过若是高大人在这一般来京兆府捣乱，本官只能和秦国公进宫一趟，向圣上汇报一下情况了。妨碍京兆府办公可不是小事。高士廉气得不行，秦天敢对他这样，现在连狄知逊也敢，这京兆府胆子肥了呀！可他有什么办法？高士廉气冲冲地离开了。狄知逊这边却是凝眉，现如今知道了段誉和独孤娟娟的关系，但知道了也没有用啊，他们找不到凶手。 因为按照段誉所说，他很有可能不是凶手。现在的他，定多也就是个嫌疑人。案子有进展，但却没有决定性的进展。如今的狄之逊突然有点迷茫，他在京兆府的公房来来回回的走着，许久之后，他才终于停下。而他停下来的时候，整个人的眼睛里面都冒着光。来人，很快有衙役跑了过来。狄大人有何吩咐？去调查一下那个段誉的情况，我要把他所有的情况都知道了。 狄之逊突然想到了一些漏洞，他的确抓到了段誉，但段誉说的那一番话都是真的吗？这个段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能够将段誉给了解清楚，那么这个案子可能就会有新的进展了。狄之逊吩咐下去后，很快就有衙役领命退去。段誉这个人，只要在京城长安城，那要调查他以前的情况，就绝非什么困难的事情。一众衙役分头调查，吴健这里也没有闲着。作为捕头，吴健的职责本来是抓捕犯人。 但现在谁是凶手都不知道，那自然也就不用他去抓捕。不过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既然暂时不用抓捕犯人，那他去调查一下情况也是应该。吴健在长安城的线人很多，很快他便从线人那里打听到了经常跟段誉在一起玩耍的几个人。在吴健看来，知道了段誉的朋友，那从他朋友那里应该能够打听到段誉的一些情况。而当吴健看到段誉的那几个朋友之后，眼眸微微就凝了起来。段誉的那几个朋友。 吴健也算熟悉是长安城的几个小混混，平日里倒也没有做过大奸大恶的事情，但小偷小摸啊，亦或者是赌钱什么的，却是有的。段誉跟这些人做朋友，要说他不是凶手，还真让吴健有点不怎么相信。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过，只是通过一个人的朋友来断定一个人是不是凶手，未免太过细了一些。所以，吴健还是决定跟那几个人见面。他找到那几个人的时候，那几个人正在一家赌坊赌博。 几个人围在一个赌桌前面，不停的大声的呐喊着。吴健从后面拍了他们几下，他们却是根本就没在意，骂了一句“别闹”之后，便又继续玩了起来。吴健眼眸微凝，紧接着直接抽刀放在了一个人的脖子上。这个时候，那人可不敢大意了，整个人都吓得双腿颤抖起来，他也不敢扭头，直接就举起了双手。有事情问你们，跟我出来吧。吴健说完，便收刀走了出去。段誉的那几个朋友看到是吴健，那里还敢怠慢？ 连忙跟了出去。几个人来到一个僻静之地后，吴健看了一眼那几个人。此时这几个人都有点紧张，又有一点迷惑。他们最近几天好像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吧？吴捕头找他们做什么？吴捕头，找我们有什么吩咐吗？吴健道：“段誉，你们认识吧？”听到吴健提及段誉，他们几个人犹豫了一下。可当他们看到吴健那有些想要杀人的眼神后，他们也就不敢隐瞒，点了点头。认识。吴捕头问他做什么？吴健道。 我需要知道段誉的所有情况。你们既然跟他是朋友，那现在你们都想一下，把能想到的所有跟他有关的情况都告诉我。吴捕头，其实我们只是认识段誉，不算朋友。一个人想要跟段誉撇清关系，不过他刚开口就被吴健给瞪了一眼，把他给吓了一跳，后面的话自然也就说不出来了。快点想，谁若是说的是废话，我割了他的舌头。吴健作为京兆府的捕头，在长安城这些混混眼里还是很厉害的，他们可不敢得罪。所以在吴健这一番话说完后。 他们便连忙想了起来，紧接着便有人开口道：“吴捕头，这个段誉跟我们认识大概有半年时间了。我们是在赌桌上认识的，当时他出手阔绰，我们哥几个那个时候刚好手头紧，便跟他打了一些交道。他当时请我们吃了几顿饭，我们见有这样的冤大头请我们吃饭，也乐得与他交往起来。要说他这个人嘛，挺大方的。没错，段誉的确很大方。有一次输了几十贯钱，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好像那些钱不是他自己的一样，看得我们哥几个都有点肉疼。” 要是我们有了那几十贯钱，就可以好好的逍遥一阵子了。还有那个段誉喜欢吹牛皮，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酒，他说自己很厉害，有很多女人前赴后继的要投入到他的怀抱，而且他还不用花钱，那些女人想跟他在一起还得自己出钱。我当时就怀疑啊，这个段誉是个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不错不错，我也想到了，他当时的确是这样说的，我还笑他说大话，世上哪里有这么笨的女人？几个人说开了之后，话不由得就多了起来。 对段誉的爆料也越来越有用。吴健听完他们这些话后，整个人都兴奋的不行。这个段誉靠女人来弄钱财啊！如此的话，他之前说跟那个独孤娟娟两情相悦，恐怕不是真的吧？他只是想利用独孤娟娟来弄钱。可如果有一天独孤娟娟发现段誉骗她钱财的话，他会不会很生气？他到底是高世廉的第十三个小妾，要弄死段誉这么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而段誉为了避免独孤娟娟有机会报复，极其有可能对独孤娟娟动手。 这样的话，段誉之前说的那些都给推翻了，而他的嫌疑在这一刻也突然加重，甚至可以说那个段誉就是凶手。了解完这些情况后，吴健并没有在这里多做停留，急匆匆便向金兆府赶去。回到金兆府后，他把打听到的情况跟狄之迅说了一下。狄之迅听完，眼眸也是放光，随即说道：“走，再审讯一下那个段誉。”金兆府的大牢比之前夏天的时候要舒服一些，毕竟天不冷不热了，臭味也没有那么重了。 不过再舒服一些，大牢也还是大牢。段誉本来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但在此被带到审讯室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种风度。他显得有点紧张。来到审讯室后，刚要开口，狄之逊就挥了挥手：“先给我揍他一顿。”听到这话之后，段誉突然懵了：“大人，为何要揍我一顿？我该说的可都说了呀。”狄之逊并没有解释什么，那些衙役则直接上手，对着那个段誉就抽了起来，啪啪啪之声不绝。很快。 段誉的脸就被抽肿了，可是他到现在都不明白狄之逊为何要抽他，他觉得很委屈，委屈的都流下了眼泪。冤枉，冤枉啊！段誉不停的喊着冤枉。而等那些衙役抽的差不多的时候，狄之逊才终于挥手制止了他们。冤枉！你竟然敢骗本官，现在你还敢说你自己冤枉？本官已经派人调查过你了，你分明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你与那独孤娟娟情投意合，我呸！现在本官怀疑独孤娟娟知道了你是个骗子，所以你便杀他灭口。 你招供还是不招供？狄志逊的眼神有些可怕。段誉听到这话后，整个人都站立了一下，紧接着连忙说道：“冤枉，冤枉！小人的确骗了大人，我的确是个骗女人钱财的人。那独孤娟娟作为高世廉的第十三个小妾，平日里十分的空虚寂寞，我便趁虚而入，让她品尝到了作为女人的滋味。她对我有点欲罢不能，我便趁机骗了她不少钱财。不过到她被杀的那他晚上，她也没有发现这些，千真万确啊！那天晚上，我们的确说好约会的，她没有来。” 我当时也没有在意，后来才知道他被杀了。我说的都是真的，冤枉，冤枉啊！此时的段誉是真的害怕了，所以他把自己能说的都给说了，不然他可能真的会被狄之逊给认定为杀人犯。他最多也就骗了一些女人的钱财，他可不想当杀人犯啊！只是段誉说了这些之后，狄之逊并不怎么相信他。这已经算是他们破解此案的突破口了。如果段誉不是凶手，那谁是凶手？嘴硬的很啊！来人，给我继续打，直到他肯招供为止。 话音落下，那些衙役便对段誉用刑起来。他那本来还好看的脸蛋，现在已经可以用丑来形容了。只是不管衙役怎么用刑，那段誉硬是不肯承认杀人。狄之逊从大牢走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狄大人，这个段誉不肯招供啊，这可如何是好？招供了就是死，他自然不会轻易招供了、啊。不过不急，只要他是凶手，我们就有办法让他招供。我先去把情况跟秦国公说一下。狄之逊急匆匆的又赶到了秦国公府。 把情况跟晴天说了一下，晴天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这样看来，这个段誉的嫌疑还是很大的。你们继续审讯吧，不过其他的情况也要继续调查，免得造成了冤假错案。诺<莫>。段誉在大牢里面很吃苦，衙役对他用刑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留手，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满身。他有一些绝望，绝望的想哭。所以第二天，当狄之逊再次来审讯的时候，不等狄之逊开口，他便连忙招供了：“我认，我认。” 那个独孤娟娟就是我杀的，不要打我了，不要打我了！狄之逊眼眸微凝，道：“你为何要杀独孤娟娟？我骗她钱，她发现了，我担心她回去之后找人报复我，所以我就杀了她。凶手是我，你们不要打我了，不要打我了！”段誉承认了罪行，可是狄之逊却并没有欣喜，他总觉得那里不对，可具体那里不对，他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来。不过，如今段誉既然承认了罪行，那这个案子差不多也就可以结案了。狄之逊整理了一下情况，然后拿给晴天看。 晴天见段誉承认罪行，也就点了点头，宣布结案。毕竟不管怎么说，这个段誉都是有动机的人。结案之后，晴天便派人把情况跟高世莲这个受害者说了一下。听到自己的十三小妾竟然被一个小白脸给骗了，不仅被骗了，最后还被那个小白脸给杀了，高世莲就气得不行，气得整个人都差点吐血。自己的那个小妾真是该死啊！竟然敢拿他高世莲的钱去供应其他男人吃喝玩乐，该死，真是该死！高世莲在府上对独孤娟娟一番痛骂。 痛骂的不行，案子结束了。长安城这边对于这件案子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不管怎么说，这对于长安城的百姓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八卦的事情。所以很快，独孤娟娟给高世连戴了绿帽子啊，然后还拿钱养小白脸，结果被杀呀之类的消息就在长安城传开了。很多男人听了之后都会忍不住回去告诉自己的小妾，这就是拿钱养小白脸的下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小妾可能并不会这样做，但他们觉得这样提醒一下比较保险。 高士廉自然成为了长安城的笑话，而这让高士廉更是气愤的不行，气愤的决定称病不上朝。如果他上朝的话，只怕下朝之后那些官员看他的眼神都会很不一样吧？他不喜欢这种情况，这是他高士廉的耻辱，他必须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再去上朝。高士廉准备称病不朝，但就在这个时候，长安城这边却是再次发生了命案，命案仍旧是在晚上发生的，尸体也仍旧是在八方胡同里找到的。 而且死者是个女人，死者的情况跟独孤娟娟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命案发生之后，京兆府这边却是彻底的傻眼了。很显然，两件命案是同一人所为，可是段誉还好端端的被关押在大牢里啊！如此的话，也就是说，那个段誉并不是凶手，凶手另有其人。京兆府的这些人断了错案。初秋早上的长安城有点冷，甚至可以说冷意袭人。这天早朝。 本来准备称病不朝的高士廉又上了早朝，不仅上了早朝，他还很愤怒，很生气。早朝开始之后，高士廉便直接站了出来：“圣上，臣要弹劾。”高士廉很喜欢弹劾，而根据李世民的计算，高士廉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弹劾的晴天。这一次，李世民觉得也不会例外，只是他有点奇怪，这个时候高士廉弹劾晴天做什么？高士廉的第十三个小妾发生的事情，李世民都已经知道了。对于此， 他还是很同情高世廉的，只怕不管那个男人遇到了这种事情，都值得同情吧。只是这跟晴天有什么关系？好像还是京兆府发现的凶手吧。高爱卿要弹劾何人？高世廉站了出来，道：“圣上，臣要弹劾晴天。”果然是晴天。李世民心里想着，与此同时，他却是越发的好奇起来。高爱卿要弹劾晴天什么？圣上，臣的家里发生了变故，臣的一些妾室被人给杀了。晴天作为京兆府的刺史，前两天给结案了。 可是昨天晚上长安城又发生了命案，而且凶手的作案手法跟臣妾是被杀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这岂不是说明凶手仍旧在逍遥法外？可是晴天却结案了，他结案了呀、啊，圣上，高士廉很痛心。而他这么说过之后，怎么回事？李世民以及朝中群臣基本上都知道了，已经结案了，找到了凶手。可现在又发生了命案，那么之前的结案就不算结案，京兆府断错了案子。如此一来的话，这就是京兆府的失职啊，甚至。 大家可以怀疑这是晴天破不了案，所以随便找了一个替死鬼。要是这样的话，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高士廉站在大殿上，不停的痛述着晴天的罪行。朝中的官员听到这种情况后，也都有点受不了。圣上，晴天这般做，实在是可恶啊！破不了案子就是破不了案子，干嘛这样做？这简直就是无视我大唐律法！请圣上严惩晴天。不错，不错，圣上，晴天的做法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如今凶手仍旧在逍遥法外，他这个京兆府的刺史是做什么吃的？请圣上严惩晴天，晴天断了错案，不可饶恕啊！没错，没错，不可饶恕，请圣上严惩晴天。一众人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都是要严惩晴天的。而这些人中有高士廉自己的人，他好不容易逮住了一次机会，哪怕是自揭其短，他也要弹劾晴天。还有一部分人就是长孙无忌、李泰、李克的这些人了，他们都觉得晴天是太子李承乾的人。 如此的话，这是斩断李承乾羽翼的好机会，他们怎么能放过？那秦天哪怕是个国公，可只要他没有在朝中任职，那对李承乾的帮助就要弱上许多。所以该弹劾的时候，他们是一定要弹劾的。他们就不信了，秦天的确断错了案子。他们现在就这样弹劾，难道还不能打压一下秦天吗？那李世民就算再维护秦天，可现如今这种情况，他如何维护？李承乾站在大殿上，脸色有点难看。秦天是他举荐的。 可现在却发生了这种事情，这算不算是他害了晴天？可现在他能说什么？这事真是错判了呀！只是，就算如此，他李承前也得站出来替晴天说话。父皇，儿臣觉得晴天并非是那种故意找一个人来顶罪的那种人，这件案子可能只是疏忽，所以儿臣希望父皇能够给晴天一次机会，让他继续破案，查出真凶。太子开口之后，朝中一些依附李承前的，亦或者是跟晴天关系不错的人。 也都纷纷站了出来。有时候所谓的势力也不过如此。你若没有在朝堂上，就不会有你的声音。如此，你想做成一件事情，自然也就要难上一些了。圣上，臣觉得太子之言有道理。秦国公并不是那种人，而且这件案子有蹊跷，说不定是有人故意陷害秦国公。不然，为何刚宣布破了之前的案子，就又发生了新的案子？这怎么看都像是陷害啊！不错，不错，这极其有可能就是陷害。 请圣上明鉴，给秦国公一次机会，让他继续破案，将幕后之人给找出来。那独孤娟娟可是高大人的第十三个小妾，要杀她，有些人更加的方便。作为高大人的妾室，她竟然敢与人私混，真是不敢想象啊！高大人的能力就这样吗？未免太弱了一些。大晚上的不回家，怎么听都觉得有问题。高大人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支持晴天的人在朝堂上不停的说着，而且他们很快把矛头指向了高士廉，认定这是高士廉对晴天的陷害。 反正之前这种事情高世廉也不是没有做过，现在事情又跟他有关，那么把他认定为幕后之人又何不可？他可以弹劾晴天，那他们就不能说他高世廉陷害晴天吗？朝堂之上很快乱作了一团，大家争吵个不休。高世廉站在大殿上，气得不行，他的脸面都已经快要丢尽了。可现在竟然还有人说他陷害晴天，天地良心啊！他何时做过这种事情？有些人真是不要脸啊，太不要脸了！他气得快要吐血了，圣上啊！ 高士廉高呼了一声，不过这个时候，李世民却是摆了摆手，开口道：“好了，此事秦天错断，的确有罪。不过等他将此案破了之后，再做定夺。传朕旨意，要秦天在七天之内，务必将此案给破了。如若破不了，朕加倍惩罚他。给秦天一个期限，这无疑给秦天增加了难度。这种事情，李世民本来是不想做的，可不这样做，如何堵得住众人的嘴？所以没有办法，为了让这些人不继续弹劾下去，他也只能这样做了。七天。” 他觉得对晴天来说，差不多应该是够了吧。李世民话音落下，群臣相互张望，都无奈的苦笑了一下，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他们的天子果然是袒护晴天的。天刚蒙蒙亮，因为之前命案的事情，晴天休息的并不是很好。那个段誉认罪案子结束，晴天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所以昨天睡得格外香甜。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刚起床，狄之逊便急匆匆的跑了来。秦国公出事了，出事了！ 在晴天的印象中，狄之训一直都是一个十分冷静的人。像今天早上这个样子，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狄大人，出了什么事情？命案又发生了！命案！听到发生了命案，晴天有点奇怪。整个长安城很大，就算一天发生一起命案，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何以狄之训会这个样子？什么命案能让狄大人这个样子？跟独孤娟娟一样的命案。今天早上，有人来京兆府报案，说在八方胡同那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尸体的情况。 跟我们之前发现的独孤娟娟一模一样，我们我们恐怕断错案了。狄之迅的脸色难看，断错案了、啊，这对于他整个做官的生涯来说，都会成为一个烙印，永远都抹不去了。晴天眼眸微凝，又发生了命案，他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段誉就被关押在大牢，可现在却又发生了命案，如此怎么回事也就一清二楚了吧。可凶手为何在他们结案之后才再次作案呢？难道这是有人故意害他晴天吗？晴天思虑了片刻之后。 道尸体现在何处？已经被衙役带回了京兆府。晴天颔首道：“走去京兆府，断了错案。此事可以说是很严重的，所以他们必须尽快去查看个究竟才行。若是有人故意为之，那今天的早朝上，他晴天怕是要被人千夫所指了吧？”两个人急匆匆的来到了京兆府，很快晴天就看到了那个女尸。尸体的确跟独孤娟娟一样，衣衫不整，下面也是血肉模糊。但仵作已经勘验过，仍旧跟独孤娟娟一样。 并没有遭到实际性的侵犯。女子的脸色发白，不过仍旧能够看出来，她活着的时候是个很风韵的女人。不过看死者的衣服，却相对要普通一些，身份可能不是很高。知道死者的身份了吗？晴天询问狄之逊道：“已经派人去寻找死者的家属了，想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说到这里，狄之逊又道：“八方胡同那里，我也已经派人询问过了，并没有人听到什么声音，警犬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痕迹，一切都跟之前的一样。” 想来就是一个人所为，能够消灭痕迹，这样的人对警犬肯定是有一些了解到。要说两个凶手都知道怎么做，显然不太可能。他们的确是断错案了。晴天点点头道：“好，等弄清楚死者的身份后，我们再做决断。”这样说完没多久，宫里那边便急匆匆的来了一个太监。太监看到晴天后，把李世民的诏令给说了一下，要晴天七日之内破案。听到这个，狄志逊的脸色有点难看。这件案子明显十分的复杂。 七日之内破案，未免有点难为人。可天子下的诏令，他能有什么办法？是他们先断错案的，如果不接受，百姓弹劾的可能会更加的厉害。他看了一眼晴天，晴天却是神色平静的应了下来。劳烦公公回去告诉圣上，就说七天之内我必破案。工人自然不敢得罪晴天，哪怕晴天断错了案也是如此。他连忙应了下来，然后便急匆匆的回宫复命去了。工人离去，京兆府这边仍旧派人继续打探消息。 下午的时候，那些衙役才终于打听到了一些情况。准确的说，是有一个人来认尸了。来人是一个略显得有点文弱的男子，身子单薄，弱不禁风，给人的感觉有点怯懦。他叫陈文，在长安城并没有什么正经营生。来到京兆府后，衙役领着他去看尸体，而他在看到尸体的第一眼，便直接哭着扑了过去：“娘子，娘子，是谁？是谁杀了你啊？我可怜的娘子啊，我苦命的娘子啊！”陈文哭泣的不成样子。不过等他哭的差不多后， 衙役便将他给叫了过来。你娘子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不见的？陈文仍旧在抽泣，他抹了一把眼泪，然后才开口说道：“我娘子叫潘连连，昨天下午出去的，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来。今天一早我找人，见有衙役寻找死者家属，我就有点担心。询问了一下后，便觉得可能是我的娘子。谁曾想来了之后，竟然真是我家娘子。诸位官爷，我娘子死得可怜啊！你们，你们一定要找到凶手，替我家娘子报仇。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的。我再来问你。” 你娘子晚上没有回家，你就没有寻找吗？很奇怪，在这些衙役看来，一个男人的娘子不见了，他只怕要急得不行吧。可这个陈文却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才开始寻找，这不管怎么听都觉得有点不对味。陈文的脸色隐隐露出了一丝惊慌，而他的这一丝惊慌并没有瞒得过衙役。快点说！陈文颤抖了一下，才终于说道：“我以为她回娘家了。”这个理由跟独孤娟娟的很像。 但衙役并不觉得这是真正的理由，不过现在询问，怕也问不出什么来。你娘子平日里可有得罪过什么人？没有，绝对没有。我娘子贤淑的很，平日里那里会得罪什么人？衙役又问了一些跟潘连连有关的情况，但是并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线索来。不过这么问过之后，他觉得这个陈文显然在隐瞒一些什么东西，但具体隐瞒了什么事情，他们就算是问陈文，也肯定不会说。所以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等一会。 派人去调查一下潘连连的情况了，当然还有这个陈文的情况。问过之后，陈文有些失魂落魄，有点痛心，纠结的离开了。而他这么离开之后，狄之迅便连忙派人去调查陈文以及潘连连的消息，当然还有他们跟独孤娟娟是不是有什么联系。本来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清闲一下的吴健，又开始了忙碌。他要去调查一下陈文和潘连连的情况。陈文和潘连连两个人住在长安城西的一条街上，这条街平日里并不是很热闹。 住的人也不是很多，不过吴健还是很快找到了一些对陈文和潘连连两个人了解的人。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长得肥胖，平日里没什么事做，就喜欢打听附近人的八卦。这样的人若是放在平日里，那肯定是被大家讨厌的对象。毕竟他谁家的八卦都想打听一下，谁家的人也都想要说一下，嘴碎的厉害。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人喜欢的。但衙役若是想要打听什么消息，找这样的人准没错。吴健看到这个妇人之后。 随手扔了十几文钱给他，那妇人看到了钱，越发欣喜起来。官爷是要打听那个陈文和潘连连吧？那潘连连死了，真是啧啧。妇人的啧啧似乎有点意味深长，不过吴健却是听不出他这啧啧是什么意思。这潘连连平日里为人怎么样？吴健并不想耗时间，直接开门见山的就问了起来。而且跟这么一个八卦的人待得久了，他觉得挺没意思的。这个潘连连啊，怎么说呢？水性杨花，有好几次。 我都见他跟几个男人眉来眼去的，甚至有一次我还见他趁着陈文不在家，领了一个男人回去呢。你说一个女人领着一个男人回自己的家，能做什么事情？听到这个，吴健就愣了一下。根据那个陈文所说，潘连连是个十分贤淑的人，可这个妇人却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两个人说的话显然不一样啊。难道那个陈文并不知道这些事情？那这个陈文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啊，没什么本事，平日里就是打一些短工，为人有点懦弱。 怕老婆怕的不行，如果不是这样，那潘连连怎么敢跟其他男人眉来眼去？公爷，你说是吧？说这话的时候，妇人的语气之中满是不屑。很显然，一个男人没有什么本事的话，别说他的老婆看不起他了，就是外人也看不起他。说起来的时候，都恨不能侮辱死他。吴健并不喜欢这样的人，但现在他却也没有说什么。而就在这个时候，那妇人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连忙说道：“对了，对了，有一次我见那个陈文发怒过，那一次。” 可把我给吓到了，陈文发怒，吴健有点意外，他以为像陈文那样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发怒。当然了，那一次有一个小孩子骂他，他很生气，直接将那个小孩拎起来给扔了出去，那小孩直接摔得吐血啊，恐怖，实在是太恐怖了。不过也就只有那一次，平日里他都给人一直很胆小怕事的感觉。吴健哦了一声，一个人肯定是有两面的，也许平日里懦弱胆小的多了，一旦真的爆发起来的时候，反而是最为恐怖的。 吴健的眼眸凝了一些，又询问了几个问题后，便急匆匆地赶回了京兆府，把情况跟狄之迅说了一下。这个时候，其他衙役也把各自调查的情况汇报了来。他们汇报的情况跟吴健调查的差不多。那个潘连连的确有点水性杨花，看到她跟其他男人来往的附近邻居不在少数。不过，他们并没有调查到潘连连跟独孤娟娟他们有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就是这两个女人都不安分，都给自己的男人戴了绿帽子。狄大人。 卑职以为那陈文的嫌疑很大，他是一个被自己的娘子压制的人，他只怕很压抑。一旦他知道自己的娘子背着他跟其他男人来往，他若是发狂，可能真的做得出杀人的事情来。吴健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狄之逊眼眸凝着，这两件案子明显是同一个人做的。吴健的解释对应潘连连的死，但独孤娟娟的死恐怕就有点连不上了吧。狄之逊把自己的一些疑惑说了一下，吴健却是认定了自己的想法，道：“大人。” 可能这个陈文早就有杀掉潘连连的想法了，只是他又担心，只有潘连连一个人被杀的话，他很快就会成为嫌疑人，所以他先杀了一个独孤娟娟，然后再来杀潘连连。这样就算有人怀疑的话，也不一定怀疑到他的身上，毕竟他们跟那个独孤娟娟相差太远了，大家都不会想到这样的两件命案会是陈文所为。吴健很坚持，而听完他这么一番话后，狄之逊也觉得有些道理，毕竟他不就觉得陈文不太可能是凶手吗？这样想过之后。 他便点了点头。不管怎么样，这个陈文的嫌疑很大，派人去把他抓到京兆府来询问一下吧。这个陈文之前还说自家娘子贤淑，他说话不老实，定是凶手无疑了。吴健他们这样想着，心里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如果陈文真是凶手，那这件案子他们要破了，可就快了呀！大家都很兴奋和激动。没过多久，陈文就被押进了京兆府大牢。而此时的陈文一脸的委屈和不解，看到狄知逊后，立马就嚷嚷了起来：“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娘子死了，我是受害者。你们不去抓凶手，抓我做什么啊？陈文嚷嚷，狄之逊顿时就哼了一声：“抓你做什么？你说你娘子贤淑，可根据我们的调查，你娘子却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跟好几个男人都有来往，你为何要隐瞒这件事情？我看分明就是你担心我们怀疑你，所以才隐瞒了这件事情。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狄之逊这话说完之后，陈文顿时就闭了嘴，紧接着他也不嚷嚷了，但也不开口说话。 整个人好像突然就这样沉默了下来。说话，那潘连连到底是不是你杀的？陈文低眉，仍旧一言不发，好像不管狄之逊他们问什么，他都已经打定主意，一句话都不说了，跟他平日里一样，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陈文一言不发，让狄之逊看了之后气不打一处来。这个世上有一种人最是令人讨厌，就是那种你说什么他都一言不发的人。这种人让人看了之后想要忍不住抽他。而此时的狄之逊。 就有这种冲动，不过他没有抽陈文，他只是让衙役抽陈文。抽，给我狠狠的抽！一声令下，那些早已经忍不住愤怒的衙役立马左右开弓的就抽了起来，没多久就把陈文的脸颊给抽肿了。你最好把情况给说清楚了，不然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京兆府大牢里的刑具还是有很多的，当然，按照大唐的律法，刑具什么的不能随便用，但也不是说不能用。像现在这种情况，刑具还是可以随便用的。 这个陈文是个懦弱的人，虽然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但听到要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又被抽得脸颊生疼，他顿时就害怕起来：“饶命，饶命！我说，我说啊！”狄志逊瞪了他一眼，道：“说吧，是不是你杀了潘连连？不是，真不是我。我家娘子跟其他男人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或者说是我默许的。如此，我又怎么可能因为他跟其他男人有来往就杀了他？”听到这话，众人一愣。 这个世上还有男人让自己的娘子去跟其他男人来往的吗？这种事情简直是世间罕见啊！罕见的让狄志逊他们听了之后都不敢相信是真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若是有半句假话，我弄死你！陈文道不敢有半句假话，我说的都是事实。想必大人已经清楚我陈文的家境了。我陈文没什么本事，平日里就靠打工赚钱养活家里，实在是有点困难啊。我娘子漂亮，平日里又喜欢涂抹胭脂水粉，穿一些好的衣服。 可是我没有钱啊！他时常因为这个跟我生气。后来他跟其他男人睡觉，那些男人就给他钱，这才没有怎么说我。这是我知道。不过我见他有钱可以拿，我也就没有怎么计较。陈文把他和潘连连的情况给说了一下，而他这么说完之后，所有听到的人都很震惊。他们没有想到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竟然有男人让自己的女人去陪其他男人赚钱。这个男人的心得是有多大？耻辱！这简直就是耻辱，简直有伤风化。一众人相互张望。 现在的他们都恨不能再狠狠的抽陈文几巴掌，不过破案要紧，他们并没有继续动手。狄之迅这边消化掉陈文说的这些内容后，才又继续问。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已经冷的不成样子了。案发的晚上，你在那里？还有潘连连去了什么地方？我想他恐怕不是去他的娘家吧？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他那他晚上并没有去他的娘家。这个时候陈文已经不敢有任何的隐瞒了，更不敢什么都不说。他开口道：“那他晚上？” 我在自己的家里喝酒，喝醉了。我娘子，她去了一个叫二虎的家里。那二虎是个光棍，我娘子去陪他一个晚上，可以得到二虎不少的钱财。我之所以喝醉，就是因为心里不舒服。虽然我默许了这件事情，但但我也是个男人啊，是个男人，谁能忍受这种事情？说着，陈文突然忍不住的哭了起来，哭得撕心裂肺。那是一个男人内心憋了许久的委屈。狄之逊看着这么一个男人，突然觉得他很可怜，但又很可恨。谁让他自己没有本事呢？ 而且还纵容自己的娘子做这种事情，有现如今这种情况，也是他活该啊！狄之迅没有什么要问的了，衙役将陈文带了下去。吴健仍旧觉得这个陈文的嫌疑很大。狄大人，这个陈文说自己喝酒喝醉了，但是并没有人能够作证的，有可能他心里不舒服，一怒之下杀了潘连莲。从刚才陈文的反应，不难看出他内心深处对于潘连莲的这种行为是很痛心的，甚至可以说是特别的痛心。如此的话，他做出杀人的事情来。 也极其有可能。狄之逊对于吴健的话不知可否，只是说道：“派人询问一下那个二虎，他是案发当晚跟潘连连唯一接触的人，从他那里兴许能够问出一些线索来。”吴健还想再说什么，但也只能点点头，然后便急匆匆的去找那个二虎。二虎是个有点矮的胖子，长得可以说是其貌不扬，家里是杀猪的，日子虽然不算特别的富裕，但还说过得去。只是他是个光棍，一直都没有娶妻，他的模样想要娶一个妻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想找一个漂亮一点的，丑的他还不要。一个人认不清自己，那想要娶个老婆，自然也就不能了，只能打光棍。不过，他虽然打光棍，但只要有钱，平时想要跟女人来点什么事，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二虎的猪肉摊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不过今天他有点生气，所以给人剁肉的时候显得用力很大，给人称肉的时候脾气也很大。昨天晚上说好跟那个潘连连来一发的，可谁曾想？ 那个潘连连竟然放他鸽子，他可是吃了药的。结果昨天晚上他是怎么度过去的？那日子简直难熬死了。若是有一头母猪，他都觉得自己能做出点什么来。他很生气，想着下一次非得让那个潘连连好看才行。可就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吴健带着几个衙役来到了他的肉摊上。“你就是二虎？”二虎很矮，他抬头看了一眼之后，整个人就有点害怕起来。“我就是二虎，几位公爷，你们找我做什么？”潘连连死了。 你跟我们走一趟吧，问你几个问题，别不老实，不然我们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他。一听潘连连死了，二虎顿时就愣了一下，他有点傻眼，那潘连连竟然是死了，怪不得昨天晚上没有来。他又心想，肯定是那个陈文杀了他。二虎跟着吴健他们去了京兆府，他虽然有点紧张，但并没有害怕，也许是因为经常杀猪的缘故，胆子大了许多；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清白的，他跟潘连连的确发生过什么事情，但他绝对没有杀人啊。 来到京兆府后，狄之逊便立马对二虎进行了审问。昨天晚上潘连连是去的你的家吧？二虎连忙摇头。本来说好是去的，但是他并没有去。为此，我今天还特别的生气呢。没有去你家里？没有，真的没有。狄之逊微微凝眉。这个时候，二虎突然说道：“大人，我觉得杀死潘连连的肯定是陈文啊。他这个人，别看平日里特别的老实，但是我知道他生气的时候，肯定做得出这种事情来。您想想啊。” 他的娘子被其他男人给完了，他甘心吗？他只怕心里早就憋着一股气的吧。二虎觉得陈文一定就是杀死潘连连的凶手。狄之逊神色微动，那二虎又继续说了起来，仿佛他有很多话一定要说出来。有一次，我见陈文在虐待一只猫，那一只猫可是被他生生活剥了的。试问一下，如果这个陈文不是那种心狠之人，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情来？虐杀动物，这是很多人都做得出的事情，很多人都会杀鸡、杀羊等等。 但活泼猫这种事情，说实话有点少见，只怕很多人看到那些猫咪之后，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吧？陈文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实在是令人觉得恐怖，甚至可以说是很恐怖。狄之逊在听完二虎的话后，并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至于二虎说陈文是凶手这件事情，也不算证据，也就是说，现在的陈文只能算是犯罪嫌疑人罢了。他的嫌疑很大，但说他就是杀人凶手，却缺乏证据。让二虎离开之后。 狄之逊便去找晴天，把情况跟晴天说了一下。晴天听到这些情况之后，眼眸就凝了起来。现如今的情况，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析。第一种情况，长安城最近发生的两件命案是两个凶手所为；第二个凶手纯粹只是模仿第一个凶手的杀人手段，以此来蒙混过关。可是他并不知道我们已经结案了，结果才导致了我们错判。这种情况自然是我们都想要看到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被其他人指责了。不过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所以我更倾向于第二种。作为一名官员，晴天还是有自己的原则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哪怕第一种情况对他们来说最有利，可不是就是不是。当然，晴天也担心，他们若是按照第一种情况结案，凶手在作案，那样的话，就是李世民想袒护他，恐怕也袒护不成了。秦国公，这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两件案子乃是同一人所为，而凶手杀人虽然没有身份的差别，但也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杀的皆是水性杨花，隔日自己的男人戴了绿帽子的女人，这个是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来的。第二种情况的确很有可能，只是若这样的话，我们想要找到凶手的一些线索就很难了呀。狄之逊觉得第二种情况的话，他们目前来说毫无头绪。如果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的话，他们肯定是能够破案的。但天子只给了他们七天时间啊，七天时间想要破案谈何容易？不过狄之逊这样说完之后，晴天却是摇摇头。 道、哦、也不难，两件案子是有一些联系的，你不觉得奇怪吗？凶手是从那里得知高世连的十三个小妾以及那个潘连连给自己的男人戴了绿帽子的。这走吧，去京兆府大牢再审问一下那个段誉。两个人来到了京兆府大牢，很快狱卒将段誉给带了上来。此时的段誉浑身上下的伤还没有好，见晴天和狄之逊又要审讯他，他整个人都十分的害怕和恐惧。我我都已经招供了，你们还审讯我什么呀、啊？ 晴天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有一种想抽他的感觉。他觉得这个段誉真是没有节操啊！如果自己没有杀人的话，干嘛要承认？就是因为他的承认，害得他晴天被满朝的官员弹劾呀！若是不能破案，他晴天的一世英名恐怕要毁于一旦了。不过晴天忍了下来。你之前跟那几个混混吹牛，说有女人倒贴你钱，你和他们是在那个地方说的这话？听到这个，段誉愣了一下，觉得有点奇怪。他都已经承认了，干嘛还问这个？ 不过他现在也考虑不了这么多了。道就在长安城一个叫老于家酒楼的酒楼里，这个酒楼晴天并没有听说过，显然是一个不怎么出名的酒楼。问完这个问题后，晴天便命人将段誉给带了下去。那个段誉越发的迷茫了，来一趟就只是为了问这个问题。段誉离开之后，晴天又派人将陈文给叫了过来。此时的陈文很平静，说不出的平静，好像现如今发生的事情跟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你知道老于家酒楼吗？听到这个问题。 陈文抬起了头，片刻之后才又点点头，知道。你经常去那里喝酒，两三天去一次。问过这个问题后，秦天挥手让人将陈文给带了下去。这个时候不用秦天开口说，狄之逊便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凶手一定经常去老余家酒楼，所以才能够探听出一些消息来。你带人去老余家酒楼，将段誉和陈文去的时候的客人都给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重合的。不过此事一定要做的隐秘，不可被任何人知道。 秦天吩咐过后，狄知训便连忙点了点头，道：“秦国公放心吧，如今我们有了方向，要找到那个凶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晴天汉”秦天颔首道：“好了，赶紧去调查吧。调查出了结果，我们还要设计将其擒拿呢。有些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又十分的简单。比如说调查老余家酒楼的一些客人，这是对于京兆府的衙役来说就十分的容易。” 老余家酒楼是长安城一个不怎么大也不怎么小的酒楼，不过它并不出名，因为这里的酒没有什么特色，便宜的或者说特别便宜的酒有，很贵的酒也有。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都混杂在了这里。如此的话，有钱人自然也就不会常来这种地方了。不过这里要说热闹的话，还是很热闹的。京兆府的衙役将段誉说那话那天的客人给找了出来，然后又把陈文在老余家酒楼喝酒时候来客栈的客人名单给找了出来。 其实所谓的名单都是让酒楼的人给罗列出来的，这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毕竟来他们这里喝酒的基本上都是老顾客，这里的伙计啊、掌柜什么的都认识他们。段誉的名单相对来说好确定一点，不过陈文的就要少许多了，因为陈文经常去老余家酒楼，并没有特定的那天知道他被人在后面议论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最近一段时间去过的名单都给弄出来。而为了弄这些东西，就花费了京兆府衙役整整一天的时间，这样。 等他们把名单弄出来后，他们就只剩下了五天的时间。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对这些名单进行对比，将重合的人给找了出来。老余家酒楼虽然不出名，但老顾客还是很多的。很多人今天去了，明天还会去，所以重合的名单不少，足足有十二三人之多。这个名单找出来后，狄之逊便把名单交给了晴天。晴天看过名单后，眼眸微微凝了一下，名单上的人竟然有一个是他认识的，而想到这个人的一些情况。 答案差不多已经呼之欲出了，秦国公，难道真的是他？狄之逊的脸色有点难办。如果凶手真是这个人的话，那他们接下来恐怕会有很大的麻烦。晴天思虑了一番，道：“派人把其他人都给调查一下，还有，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设下陷阱，等那个人来上钩了。我相信，如果真的是他的话，他肯定会忍不住再次出手的。”听到这话，狄之逊犹豫了一下，道：“秦国公，如果真是他，我们真的要将他抓捕归案吗？” 晴天点点头，用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口气说道：“当然，这是我们京兆府的职责。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我们还在京兆府做什么官？难道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只是说说而已吗？既然做到了这个位置，那就要做到铁面无私，不然就别当长安城百姓的父母官。其实，在晴天看来，做官有很多种。如果你在朝堂为官，与百官相斗，那边要学会虚与委蛇，这样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这个时候，你面对的更多的……” 还是那些官员，可如果你面对的是百姓，那就要对得起他们，不然你凭什么做他们的父母官？晴天的一番话有些义正言辞，狄之逊顿时感到一股热血在沸腾，让他有一种此生为民，再不惧任何权贵和艰险的冲动。秦国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狄之逊说完之后，便很快退去，开始按照晴天说的去办。第三天下午的时候，京兆府这边便有消息传了出来，有关潘连连的命案已经结案。 而杀人凶手便是她的丈夫陈文，而陈文之所以杀人，是因为潘连连给他戴了绿帽子。两件命案是两个不同的案子，只不过第二件案子的凶手模仿了第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手段罢了。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秦天便去了一趟皇宫，把情况跟李世民汇报了一下。这样汇报结束后，李世民也表示了认可，两件案子便算这样的结案了。秦天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出了凶手，而且证明之前并没有错判。此时，就算有人想要弹劾秦天。 也是无从下手了。而就在案子结案之后，长孙无忌的府上，长孙无忌很快便得到了消息。得到这个消息后，长孙无忌眼眸微微一凝。晴天真的破案了，两件案子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本来他还想着靠着这件事情狠狠地弹劾一下晴天的，就算晴天在规定的时间内破了案，他也可以弹劾晴天。可现在，晴天竟然把第二个案子也给破了，不仅如此，还证明了第二个案子和第一个案子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话。 晴天岂不是没有错判？如此，他还怎么弹劾晴天啊？其实他跟晴天并没有多少私仇，不过因为支持的皇子不一样，然后便造成了今天这样的情况。而像他们这样的人，政治立场的不同，便决定了他们今后是朋友还是敌人。而这种情况不会因为他们以前的关系怎么样而受到影响。大家都是理智的人，肯定是要为各自的利益考虑的。现在，长孙无忌只想知道事情是不是真的。传消息的人点了点头，长孙大人。 晴天进宫向圣上汇报了一下两件案子，两件案子证据确凿，而且凶手都已经承认了。圣上看过后还问了一些问题，晴天都对答如流，这才消除了圣上的疑虑。圣上都觉得案子如此，想来这两件案子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案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长孙无忌听完之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长叹：这么好的机会，竟然就这样白白的丢失了，想起来真是令人心痛啊！不过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啊？叹息过后。 长孙无忌让传送消息的人离开了，而这个时候，长安城老于家酒楼这里却是一如往常的热闹。除了热闹之外，各种各样的八卦也在这里流传开来。比如说，长安城一个叫静飞的胖子被他老婆给戴了绿帽子，谁谁谁看到他老婆什么时候跟其他男人在一起，如此等等。时间仿佛过得很快，长安城的人仍旧在讨论着最近发生的两件命案，而且这些人对于这两件命案多有评头论足，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 但更多的却还是对那种香艳的情节感兴趣，仿佛这样的事情满足了他们对于那种事情的猎奇。而就在众人这样议论着的时候，离之前李世民规定的七日期限也只剩下了一天。不过对于很多百姓来说，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因为京兆府已经宣布结案了呀。如此，谁还在意是不是有什么所谓的七日期限？不过那些不明白情况的百姓不在意，晴天和京兆府的狄之逊、吴健他们却是在意的，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这件案子并没有了结，他们说的什么结案啊？凶手已经找到了，都不过是为了迷惑凶手罢了。只有这样，凶手才有可能再次出手。他们对凶手已经分析过了，他做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因为内心的阴暗，也有可能是想要报复晴天。如此，晴天结案又有命案发生的话，晴天的罪过恐怕就要大了吧？秦国公，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那个凶手会动手吗？吴健有点怀疑，毕竟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如果他是凶手的话。 他只怕很乐意看到现如今的局面，而选择停手。这样，谁还能知道他是凶手？晴天浅浅一笑，道：“凶手的心里可能是变态的，他很有可能是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所以不用着急，我们等着就是了。”晴天很自信，到了这个时候，他不自信也不行，他不能过于忧心忡忡，不然其他人也就都没有信心了。而其他人见晴天如此，多少也都松了一口气。入夜之后，长安城的温度有所下降，天气清冷了许多。 在这样的时节，哪怕长安城已经取消了宵禁，可夜间在外面行走的人并不是很多。不过，此时长安城的一条小街上却是有一名女子急匆匆地走着，她走得有点慌张，好像在担心什么，又好像很急切。与此同时，这条街上的一个岔路口，一名妇人神色兴奋的，的好像在等着什么东西。她在等着猎物的到来，她要报复所有给男人戴了绿帽子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她带来快感。曾经的她也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 有一个贤惠的妻子，还有几个漂亮的小妾，而且这几个小妾各种性格的都有，让他每天都能够享受到那种说不出的愉悦。可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他再也享受不到他的愉悦了。本来对他爱的死去活来的夫人和小妾，对他也明显的有了疏远，甚至他最喜欢的那个小妾还跟其他人发生了一点什么关系。而这件事情，就算他知道了，却也一点办法没有，因为那个人不是他能动的。他的内心充满了仇恨，他想要报复，但是他对那个人没有办法。 所以就只能将这股怨气撒在其他人身上。他开始变得喜欢去探听别人的一些消息了。如果让他知道那个女人给自己的男人戴了绿帽子，他就会忍不住的对那个女人动手，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女人都很下贱，下贱的不杀了她，他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他已经接连动手了两次，而且两次都成功了，这让他很享受作案时候的那种感觉，刺激、舒畅。他已经许久没有这般的舒畅过了。以前只有在跟女人结束了一番大战之后，他才会有那种感觉。 可是他永远都不会有那种感觉了。如今通过杀人，他又找回了那种感觉。而两次作案，还有了一个额外的收获，那便是他成功的报复了晴天。如果今天晚上再发生一起命案的话，晴天就算有李世民袒护，也无力回天了。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的兴奋，特别的兴奋。他听到了脚步声，他知道那个女人离他越来越近了。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然后走了出去。今夜的月色清冷，洒在人身上后。 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你感觉让人浑身想要站立、害怕、恐怖。女子看到对面的人后，整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很快两个人就要碰面。这个时候，前面的人突然开口道：“姐姐留步。”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可是他却穿着女人的衣服。女子有些害怕，她想要逃，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扮女装的人突然向她扑了过来，紧接着就要将那个女子给拖拽到旁边的胡同里。女子挣扎着。 可是他的力气显然不够大，眼看他就要被那个凶手给制服，饶了我，饶了我！女子不停的求饶，凶手哼了一声，骂道：“像你这样下贱的女人还想活命？想都不用想了，我是不会让你活着的，乖乖的让我凌辱，我会让你死个痛快的。明天你的尸体就会出现在八方胡同。”哈哈哈！凶手忍不住兴奋的大笑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四周突然冲出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出现之后，身手十分的敏捷。 不等那个凶手反应过来，直接便扑了过来，将那个凶手给制服了。凶手察觉到不妙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月色下，吴健走到了前面。那个女子看到吴健后，连忙跑了过去。大人已经完成了任务。金兆府在整个长安城是有很多的密探卧底的，而这个女子其实是金兆府的一个线人，她只是假装成了静妃的妻子罢了。而以现如今的情况来看，她的确完成了吴健交给她的任务。而吴健此时点了点头。 那个女子明白后，便很快消失在了夜色里。吴健看了一眼那个凶手，并没有多说什么废话，只是挥了挥手，道：“带回京兆府大牢，秦国公和狄大人要连夜审讯。”衙役领命，押着那个凶手便走。而那个凶手此时整个人都有点崩溃，他知道自己上当了，上了晴天的当了。他有点后悔，早知道就收手了，可他实在是忍不住啊。夜已经深了，京兆府却仍旧是灯火通明。京兆府大牢里的审讯室里。 吴健将凶手给压了过来，看到这个凶手的时候，秦天和狄知训两个人都没有很吃惊，因为他们早就料到了凶手的身份，不然也不会为他专门设下了这样的计谋。他们唯一的吃惊，可能就是凶手身上穿的女人衣服了。而此时的凶手神色慌张，“长孙公子，没想到是你。”秦天开口说了一句。而这个凶手正是长孙无忌的大公子长孙温，他曾经被李承前的人废掉了下面，不能够成为男人了，所以他的心里开始变态。 开始对一些人杀人，只有杀人才能够让他感觉到快乐。这是晴天和狄之逊他们分析出来的结果。至于长孙温为何要对水性杨花的女人动手，他们却是不知道。晴天开口之后，长孙温的脸色变得通红。他知道他们长孙家的脸面恐怕要被自己给丢尽了。他们长孙家竟然出了一个变态的杀人凶手啊！不过紧接着他又冷不丁的轻声一笑：“长孙家的脸面丢尽了就丢尽了吧。自从他被李承乾废掉了下面之后。” 他就已经不受他父亲的重视了，不然也不会发生那种事情。一想到自己的女人做出那样的事情来，他就心痛，他的满怀恨意，想要杀人。长孙公子，你是被我们在现场给抓到的，可以说是人证物证俱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审讯都是多余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口供。为何要杀人？晴天询问长孙温，却是哼了一声道、哦：“人就是我杀的，你又何必问那么多？我就问你，晴天，你敢杀我吗？” 你有那个胆量与我整个长孙家为敌吗？长孙温已经破罐子破摔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顾虑。而他虽然做出了这种事情来，但一想到要死，他就又有一些害怕，所以便忍不住说出了这话来。他就算不受人重视，他好歹也还是长孙家的人，他的父亲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杀的。长孙温说完这个之后，便盯住了晴天，他想要从晴天的表情里面看出一些其他不一样的东西啦，但是很可惜，他并没有看到。晴天只是嘴角微微抽动，冷笑道。 自然是敢的。说完，秦天起身道：“从他嘴里得到口供，明天早朝，狄知逊，你去早朝上将此事公布于众。金兆府这边，本官就来个先斩后奏。”听到这个，狄知逊不由得站立了一下。长孙家的大公子啊，就这样先斩后奏，事情只怕会闹得很大，很严重吧？这就等于是彻底得罪了长孙无忌。可他们金兆府弄了三口铡刀，不就是为了避免有人袒护那些罪犯，他们先斩后奏之后，让那些罪犯伏法吗？他们这样做。 想要的不就是铁面无私？想要的不就是公正廉明？狄之逊颔首，秦国公放心便是。次日一早，狄之逊上了早朝。他并没有在上早朝的时候立马将这件事情给说出来，因为他已经收到了晴天的吩咐，必须在某一个时间段说出来。说的早了，恐怕就杀不掉那个长孙温了。他一直都在等，好在很快他就等到了那个时间。当那个时间到了之后，狄之逊便站了出来，道：“圣上，臣有本奏。”看到长孙温出列了。 李世民多少便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他晴天进宫说要他配合演一出戏，好找出真的凶手来。他答应了。今天是他们约定期限的最后一天。狄之逊既然站了出来，那必定是因为有了结果。哦，狄爱卿要做何事啊？回圣上的话，有关之前长安城发生的两件命案，如今已经找出了真正的凶手。话音落下，整个大殿顿时一片喧哗，众人都有点懵逼。什么叫真正的凶手已经找到了？那两件案子不是已经结案了吗？ 怎么现在又出现了真正的凶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有点消化不了狄之逊的话，而李世民坐在上面却是松了一口气。晴天终于在最后一天破了命案啊！狄大人，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真的凶手？那两件命案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就是就是，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之前的事情都是假的？凶手另有其人？狄大人，你最好把事情给说清楚啊！众人不停的询问。狄之逊道：“大家放心，我会把事情给说清楚的。” 其实之前的两件命案并没有破案，我们经过分析之后，觉得凶手可能另有其人。但为了让凶手放松警惕，我们就假意说已经破案了，然后又设计才引得真正的凶手出现。说着，狄知逊将口供以及其他一些证据全部的交了上来。李世民接过这些东西，看了一眼，看过之后，整个人的脸色都有点难看。他实在没有想到，这晴天最后找到的凶手竟然是长孙温。可这长孙温是行凶的当场被抓的呀，这就错不了啊！凶手竟然是长孙温。 李世民忍不住看了一眼长孙无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结果给公布出来。而这个时候，其他人却是都非常的好奇，忍不住就询问了起来：“狄大人，这凶手到底是何人啊？”“是啊，你既然把证据什么的都拿了出来，你快说凶手是何人，快点说啊！你是要急死我们啊！”一众官员着急的不行。狄之逊无奈的苦笑了一下，然后才开口道：“凶手是长孙大人的公子长孙温，他心理变态，以杀人为乐。” 这话出口，整个大殿顿时安静了下来，但紧接着又喧哗。众人有点不敢相信狄之逊说的话：“那个长孙温竟然是杀人凶手，这是怎么听都不像是真的呀！”而此时，长孙无忌的脸色却是变得极其难看，甚至是极其的愤怒。狄之逊，你休要信口开河！我长孙无忌的儿子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来？他很清楚，如果这是真的话，对他长孙家会是怎样的影响。长孙无忌大怒。 他从来没有在朝堂上这个样子过，但今天他却必须这样做。而被长孙无忌这般怒喝之后，狄之逊却只是浅浅一笑，什么都没有说。证据、口供什么的，他都已经交给了李世民。如此的话，他何必多做解释？朝中的人不相信的很多，议论好奇的也很多，整个大殿一片喧哗。众人都没有料到会是这种情况。而李世民在把所有的证据都看过之后，将那个证据传了下去。诸位爱卿也都看一下吧。 作为宰相，作为当事人的父亲，长孙无忌自然最先拿到了那些证据。而当他拿到那些证据，看过一眼之后，整个人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地上。他的儿子竟然是被当场抓获的，而且对于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啊！这这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众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暗想：难道那长孙温真的是杀人凶手？可好端端的，他杀人做什么啊？不解，不解，大家很不解。 而太子李承前站在大殿上，多少却是知道一些事情的。那长孙温不行了，如此的话，他恐怕的确如狄知逊所说的那样，心理变态，会忍不住做出一些事情来吧。不过，虽然明白了怎么回事，但李承前并没有为当初的事情而感到后悔。若非长孙无忌找他的麻烦，他又怎么可能废了长孙温来报复那个长孙无忌？一切都不过是长孙家咎由自取罢了。证据很快传了下去，李泰和李克他们看到这些证据的时候，突然都觉得机会来了。 既然长孙无忌支持了晋王李治，那就别怪他们不客气了。政治立场的不同让他们成为了敌人，所以他们不会同情长孙无忌，他们只会在这个时候痛打落水狗。很快，他们便行动了起来。圣上，按照我大唐律法，杀人偿命啊！长孙温既然做出了这种事情来，就应该秉公处理。不错，不错，此事的确应该秉公处理。长孙温做的事情简直猪狗不如，必须严惩。没错，必须严惩。 不能因为他是长孙无忌的儿子就对他灭。子不教，父之过。长孙大人竟然教出了这样的儿子，真是我大唐的耻辱啊！长孙大人也必须受到一些牵连才行。不错，不错，长孙大人应该引咎辞退。一开始，朝中的官员还只是攻击长孙温，但很快就开始对长孙无忌下手了。而此时的长孙无忌还有些恍惚，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小妾，长得十分的漂亮。 他之前对于自己儿子的小妾倒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在路过湖边，看到那个小妾穿着薄薄的衣衫在溪水，那身体玲珑，胸前若隐若现，让他不由得生出了一些兽心来，当场就将那个小妾弄到湖边的石头上给办了。此后两个人也多有往来，他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可能发现，毕竟他那方面废了嘛。可现在看来，自己的儿子定然是发现了这个啊，然后他的心里才会这样的变态。 想到这些之后，长孙无忌的心里就有点懊悔。如今发生了这种事情，他们整个长孙家的脸面都没有了呀。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一些内疚，但同时更多的却还是愤怒。自己的这个儿子怎么就不知道为他们长孙家考虑一下？他现在做出了这种事情来，让他们长孙家的人怎么做人？现在朝中的政敌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他。如果他真的不当这个宰相了，他可以肯定他们长孙家立马就会没落下来。长孙无忌慢慢的站了起来。 他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圣上，犬子竟然做出了这等事情，实在是令人痛心。杀他千次万次也不为过呀！朝中的官员觉得他该死，我这个做父亲的也觉得他该死。不过，他毕竟是臣的儿子，请圣上开恩，饶他一条性命。保住了命，多少就能够保住他们长孙家的脸面。毕竟自己的儿子不用拉出去砍头，那么这件事情交给时间之后，慢慢的就会被人给忘却的。他到底是大唐的老臣、功臣，他们长孙家的地位也还可以。 他相信李世民会给他这个面子的，而长孙无忌这样开口之后，朝中不少依附于长孙无忌的人也都纷纷站了出来。圣上，长孙温的确该死，不过念在长孙大人有功大唐的份上，就饶了长孙温一命吧。是啊，圣上饶了长孙温一命吧，请圣上开恩，饶了长孙温一命。朝中的官员不停的求情，李世民这里也知道要给长孙无忌留一点面子。所谓的大唐国法，有时候也必须分一下情况嘛。长孙温做的事情的确不好。 但他杀的都是该杀的人，好像面也没有什么。不过有人求情，有人就会反对。至于高士廉，此时却是沉默不语。他也没有想到，杀人凶手竟然是长孙温。说起来，他还是长孙温的舅爷啊，这是怎么看都让他觉得不舒服。但只要长孙无忌在，他高士廉哪怕支持的李泰输了，他也还有所依附，所以这面子是不能撕破的。这口气，他也只能自己咽下了。 朝中的人争吵个不休，通禀此事的狄之逊反倒十分的平静，并没有多说一句话。这也是晴天教给他的。到了大殿之后，只需要将证据和口供递交上去就行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说。晴天这样叮嘱狄之逊，自然是为了他好。他若是在朝堂上说了什么，恐怕就要把一些人给得罪了。他晴天可以不怕这些人，但狄之逊的根基不厚，还是不要招惹这些人的好。而狄之逊也听话，此时他站在大殿上，神色平静。 就好像这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争吵，争吵。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后，挥了挥手，道：“好了，长孙家对朝廷有功，那长孙温就饶他死罪吧。不过要发配到岭南去充军。”此时大唐的岭南乃是苦寒之地，可以说是穷的不能再穷了。那里的发展很差，各种各样的设施也很差。去了之后，活下来的可能性很低。而且从长安城到岭南的距离也很长，长孙温只怕走不到岭南就要一命呜呼。不过。 长孙无忌不在乎这个，只要他儿子能够活命就行了。只要活下来，那么以后不管他死在了那里，对他们长孙家来说，都会把影响降到最低。谢圣上开恩。长孙无忌这样说完之后，李世民便派工人去京兆府传旨，让秦天放了长孙温。而就在工人急匆匆离开皇宫去京兆府的时候，京兆府这边，秦天已经命人将长孙温给押到了京兆府门前。京兆府门前摆放着三口铡刀，看起来十分的威风凛凛。 长安城的很多百姓听闻之后，都纷纷的跑过来看热闹。整个京兆府门前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秦天站出来后，看了一眼那些百姓，道：“诸位乡亲，想必你们对这三口铡刀都十分的了解了。这是圣上赐给京兆府的三口铡刀，目的无他，就是要京兆府的官员能够做到铁面无私，能够做到公正廉明。若是有人在京城这个地界做了不法之事，这三口铡刀皆可先斩后奏。如今这长安城内便有人做了不法之事。” 晴天的声音落下，外面的百姓都有点疑惑：不法之事？什么不法之事？这个人好像是长孙无忌的公子啊，他犯了什么事吗？这可是长孙家的大公子啊！晴天，难得晴天要杀他不成？不是吧？这怎么可能？他不敢的，他绝对不敢的。周围的百姓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晴天这里浅浅一笑，接着继续说道：“大家一定很好奇长孙温犯了何事，想必大家都清楚，之前长安城发生了两件命案吧？” 之前京兆府传出过消息，说两件命案已经破了，其实并没有，那都不过是京兆府放出消息迷惑凶手的，为的就是能够让凶手放松警惕，而凶手也真的放松了警惕。昨天晚上他便要再次作案，可惜那都是我们设下的圈套。而昨天晚上，京兆府的衙役当场将凶手给逮捕了。这个凶手就是长孙温。晴天把长安城的案子给说了一下之后，下面的那些百姓不由得又震惊起来：什么？两件命案的凶手是长孙温？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他为何要这样做？长孙温啊，他想要什么女人没有？干嘛要这样做？变态，实在是变态啊！他竟然做得出这种事情来！虽然那两个女人该死，但凶手对他们做的事情，未免也太过残忍了一些啊！该死，的确该死！百姓说个不停，晴天这边却是已经不需要再解释什么了。他挥了挥手，道：“好了，长孙温杀害两名女子，按照我大唐律法，该杀，现在行刑。”话音落下。 很快有人将龙头铡给抬了起来，将长孙温的脑袋给摁了过去。长孙温在这一刻突然害怕起来，他不想死。晴天，你好大胆子，你敢杀我吗？你敢与我长孙家为敌吗？长孙温大声的嚷嚷着。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工人骑着快马急匆匆的赶了过来。圣上口谕，刀下留人。圣上口谕，刀下留人。工人这样喊过之后，那些百姓很快就给让出了一条道。那太监翻身下马，来到晴天跟前。 秦国公，圣上口谕，可饶长孙温一命，将其发配到岭南充郡。天子的口谕来了，长孙温听到这句话后，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要李世民不让他死，谁敢让他死？而这个时候的百姓也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就知道，像长孙温这样的权贵，怎么可能会死？权贵犯法，跟他们普通百姓犯法，怎么可能一样？对他们来说，大唐的律法只是普通百姓的律法，不是权贵的厉害。那一刻，百姓有点无奈。 也有一些怨气，不过就在百姓有些失望的时候，秦天却是望向那个工人，开口道：“长孙温杀了两个人，是不是触犯了我大唐律法？按照我大唐律法，是不是该杀？”这宫人有点懵逼，他就是个传旨的。秦天问他这些有什么用？而且他敢说是吗？他若是说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他岂不是就麻烦了？秦国公，咱家只是传圣上口谕，工人的意思也已经很明白了，他只管传口谕，其他的一概不管。 晴天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说道：“来人，龙头铡伺候。”一声令下，不等那长孙温再开口说什么，龙头铡直接就铡了下来。铡刀落下，长孙温的脑袋直接滚在了地上，鲜血喷洒。那一幕让人浑身一颤，整个人都觉得有些触目惊心。那工人看到这个时候，神色也有点震惊。他没有想到晴天竟然真的杀人。不过如今人已经杀了，他还能说什么？看了一眼晴天后，便连忙骑马回宫通禀去了。 而此时，周遭的百姓却是被晴天的所作所为给震撼到了。晴天竟然真的杀了长孙温啊！这岂不是说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那长孙温是权贵又如何？只要他犯了法，大唐的律法就能够要了他的脑袋。一下子，所有的百姓都觉得心理平衡了，对京兆府的认可也一下子提高了，让他们觉得只要找到京兆府，那么就不用担心会被不公平的待遇。晴天的所作所为就是明证啊！百姓欢呼呐喊，为公平呐喊。 为正义呐喊，晴天这边看着百姓如此，也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他并没有在这里多待，如今只是解决了长孙温、像段誉这些人，他也都要给一个结果才行的。他们虽不是真的凶手，但他们的行为却也触犯了律法道德，如此他们也是要接受一些惩罚的。至于皇宫那边的情况，晴天并不担心。皇宫大殿，李世民正与群臣商议着朝政的时候，李世民派去的工人急匆匆的跑了过来：“圣上，圣上！” 工人急切，而且他的声音打断了群臣的商议。众人看到这个之后，便知道出了事情。李世民望向工人，问道：“怎么了？”圣上，臣去京兆府宣圣上口谕，可是秦国公却一意孤行，硬是把长孙温的脑袋给砍了下来。工人的话音落下之后，长孙无忌突然吐了一口鲜血出来，紧接着他整个人都显得苍白了许多。什么？他不顾圣上口谕，杀了我儿？长孙无忌有些愤怒，有点悲痛。 那长孙温再不堪，那也是他的儿子啊。可秦天就这样杀了他的儿子，这让他的心里怎么受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啊，痛苦，痛苦！长孙无忌这样说完，整个大殿也一下子喧嚣开了。什么？秦天怎么这般大胆？圣上可是饶了长孙温性命的，他怎么还敢杀人？谁说不是？谁说不是？那秦天简直胆大妄为啊！连圣上的口谕都不听了，他以为自己是谁？没错，没错，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圣上，晴天这般，必须严惩啊！是啊，圣上必须严惩晴天，他怎么能够这个样子呢？朝堂之上，百官都在指责晴天，觉得他这种行为简直是对天子的不尊敬。天子都已经发话了，你却不听，你以为你比天子还要厉害？这简直就是在打李世民的脸啊！而且还啪啪的打得生疼。众人这样说着的时候，李世民的脸色也变得有点难看。他是天子，他的话就是命令啊！这个世上。 还有人敢违背他的命令吗？以前他不觉得秦天是那种嫌弃自己命长的人，可现在他突然觉得秦天真是觉得自己命太长了、啊。他是觉得自己这个天子不敢把他怎么样吗？若是任由秦天这个样子，他这个天子的脸面往内放，以后着朝堂他还怎么管理？真是反了天了！李世民很生气，朝中的官员越是说的厉害，他就越发的生气。而就在朝中群臣这样说着的时候，李世民突然喝了一声：“够了！来人！” 去将秦天给我叫来！愤怒，愤怒！哪怕秦天破了案子，这一次李世民也要让秦天脱层皮。朝中的一些人看到李世民这个样子后，立马停了下来，整个大殿安静了许多。而很多人的心里却是生出了一些狂喜啊！他们觉得秦天简直就是在作死。不过他既然想死，那就成全他好了。很多人都在等着看好戏，不过也有一些人有点担忧，比如说太子李承乾，比如说卢国公程咬金、秦叔宝。 尉迟恭他们这些人，他们有时候在李世民面前也不敢这个样子啊。晴天是觉得自己很掉了吗？他们想抽晴天，抽他这个不长眼的。工人急匆匆的来到了京兆府，看到晴天之后，将李世民的话给说了一遍：“秦国公，圣上要你进宫，不过秦国公可要小心一点。您杀了长孙温，圣上很生气。”工人是皇宫里的太监，但同时也是某些人安插在皇宫里面的人。晴天在皇宫里面安插的也有人，像这种事情，晴天的人肯定是要积极一点。 然后冲出来报信了。就算不是晴天的人，李承前、程咬金他们的人也肯定要这样做。晴天听到这个之后，并没有表现的特别紧张，他只是点了点头，而后吩咐道：“来人，将那三口铡刀带上，随我进宫。”天气已经有些凉了。晴天走向皇宫的时候，突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这一去，难道壮士不复返？周围的百姓看到这个之后，很快就明白了怎么回事，而他们明白后，不由得替晴天担心起来。 晴天可是忤逆了圣上的意思啊，那天子能饶了他们？哎，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秦国公是个好人啊，希望圣上不要为难他。谁说不是？百姓都在替晴天担心，但晴天却只是嘴角露出了一丝浅笑。有事，他在做这个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给考虑好了，他能有事才怪。没过多久，晴天便入了皇宫，进入到了大殿。而当他进入大殿的时候，众人都愣了一下，因为晴天还带了三口铡刀上来。 这算怎么回事？怎么还带着铡刀上殿了？哎呀，这铡刀上怎么还有血迹？不祥，不祥啊！晴天，你好大胆子！大殿之上，什么人都有，说什么的也都有。他们这样不停的说着，李世民的脸色已经变得通红了，而且他整个人都显得极其的愤怒。晴天，朕已经说了饶了长孙温性命，你为何不听？若你不知朕的口谕，那也罢了。可你明明知道了，却还执意杀长孙温。 你是何居心？愤怒的李世民开口质问，而他这么开口之后，整个大殿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很多人都不由得露出了些许战栗和害怕。反观秦天，却异常冷静。臣当初担任京兆府刺史的时候，圣上给了臣三口铡刀，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臣铁面无私，维护长安城的治安，同时也维护大唐的律法。那长孙温接连杀人，态度恶劣，已然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按照我大唐律例，当杀，臣杀他，乃是遵循了大唐律法。 圣上问臣是何居心，臣没有任何的居心，跟那长孙温也没有什么私仇。臣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要天下为公。晴天的声音一字一句振聋发聩。他这样说完之后，整个大殿都在回响着他的声音，而最后那句“天下为公”更是让很多人不由得心田一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们。“天下为公”啊，他们想着这个词，眼睛不知为何突然有点湿润。初次为官的他们不是都这样想的吗？可后来呢？若圣上觉得臣有罪。 那这三口铡刀也请圣上收回吧。若圣上觉得臣有罪，那这三口铡刀也请圣上收回吧。秦天维护的不是天子的面子，而是整个大唐的律法。律法不存，大唐不稳啊。秦天相信，以李世民的贤明程度，应该不至于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不顾大唐的律法。这也是他为何甘愿冒险也要砍了长孙温脑袋的缘故。而只要这一次成功了，那接下来京兆府就算是有了一个标准，只要犯了法的。 他们都不必因为这个人的身份而有所姑息，哪怕以后晴天不做这个京兆府刺史了，其他的官员也能够因为三口铡刀的存在，而让整个大唐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公正廉明、铁面无私。晴天说完，便抬头望向了李世民。李世民的脸色很难看，他自然已经明白了晴天的意思，而晴天这样做的确有点不顾及他的面子，但谁又能说晴天有错？这恐怕是不能的吧？敢说晴天有错，就是说大唐的律法形同虚设。 那样大唐成什么样子了？大唐不过开国二十来年，很多事情都是不容废掉的，律法自然更是不能。朝中群臣望着秦天，恨得牙痒痒，可是却也一点办法没有。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出一个理由来反驳秦天。许久之后，李世民才终于开口道：“好了，朕也就是履行问一下，既然朕给了你先斩后奏的机会，便断不会因此而责怪你。这三口铡刀，你继续拉回京兆府去。以后但凡有人犯法。” 你皆可以刺砍了他的脑袋。说到这里，李世民又加了一句：“还有，京兆府多年不曾全面的接受这样的事情，也不算小事了。也许一只羊对很多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百姓来说，也许这一只羊卖了之后，能让他们全家都过上一段吃饱饭的日子。如此又怎么能算是小事？所以，当百姓来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晴天总是能够耐着性子听他们说完，然后能调解的就调解，不能调解的就找出事情的主谋，如此等等。” 一天之内，以晴天的能力和本事，勘破这些事情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而且每处理一件事情，都能够让人心服口服。短短几天时间，晴天和京兆府的那些衙役虽然很累，却也帮百姓处理了很多事事情。百姓对京兆府的认可加强，京兆府的这些人也都感觉到了一股说不出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来。跟着秦国公做事，就是浑身充满了力量啊！谁说不是？现在我倒挺希望百姓来申诉呢，因为看着百姓满意的离开。 我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谁说不是呢？金兆府的衙役干劲十足，这种感觉是他们以前从来没用过的。哪怕他们每天都累得不行，甚至很多时候大晚上了也要出去行动，但他们就是得到了满足，那是一种精神层次的满足。晴天在金兆府就这样为百姓做着事情，他的铁面无私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也赢得了金兆府衙役的尊重，仿佛晴天让金兆府的这些衙役的精神一下子提高了，他们做事不再是为了俸禄。 不再是因为自己吃这口饭，而是因为他们要为人民服务。长安城百姓对金兆府的称赞可以说是络绎不绝的，金兆府的口碑直线上升。李世民待在皇宫之中，对于这些事情都有所耳闻，比如说什么晴天断案如神啊，公正廉明，铁面无私什么的。不过流传更多的却还是晴天断案如神的一些故事。李世民几乎每天都让人把这些故事给他送进宫来讲一下。有时候听到那些故事，连李世民自己。 都有点佩服晴天的断案本事，明明让人看不出丝毫破绽的事情，在晴天这里，他一眼就能够看清楚怎么回事。明明风马牛不相及人，晴天也能很快的找到一些线索，让案子真相大白。这天黄昏，李世民又听了几个故事，这样听完之后，他内心忍不住就有了一些激动神色，想着若是能够亲眼见识一下晴天断案，应该比只听故事要更为有趣一些吧。这个念头起来之后，便怎么都挥之不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 李世民直到很久才终于睡着，因为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事情。这个时代娱乐的事情实在是太好了，听故事、看热闹显然是他们生活中的调剂。李世民每天很忙，娱乐的事情更少。如果真要说有的话，也就跟自己的妃子在后宫的那点事了。但他也不可能一直都那个、啊，所以相比较民间的很多人，李世民的生活是十分枯燥的。而如今长安城每天都有热闹看，他如何受得了？第二天休沐，百官都不上朝。 李世民也可以休息一下，不过早早的时候他便醒了，但是他并没有去御书房批阅奏折，而是乔装打扮了一下，带着两名武功高强的侍卫，悄然出了皇宫，直奔京兆府而去。他来的已经算早的了，可是等他来到京兆府的时候，京兆府这边已经有很多百姓排队等着申诉了，而外围则站着很多看热闹的百姓。这个时候，大堂之上有两名男子正在陈述事情，李世民挤到了前面，想要看看怎么回事。 大殿上有两名男子，这两个男子身材什么的都差不多。其中一名稍微瘦一点的男子是受害人，另外一个是被告人。受害人袒露着自己的胸膛，此时的他的胸膛有些发黑。他指着发黑的地方，哭诉道：“大人啊，您可一定要替小的伸冤啊！小的昨天在街上走路，这个叫张山的人突然朝着我就打了几拳，打我的现在胸口疼，而且胸闷的厉害，我一定是受伤了，请大人为小人伸冤，要这个张山赔偿我一些医药费。”两个人闹了矛盾。 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给打了，被打的人想要一点医药费。李世民站在外面，很快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不过这个时候，那个叫张山的被告人却是高呼冤枉，冤枉啊！大人，昨天我根本就没有打这个孙六，我们只是在街上碰了一下肩膀，当时我有点生气，顺手推了他一下，他连后退都没有后退，现在却说我打了他几拳，还把他的胸口打成了这个样子，这简直就是冤枉，冤枉啊！请大人为我申冤。张山说着，孙六立马就又开口了：“大人，不要听他胡说。” 这个张山在我们那一片就是个无赖混混，他经常欺负人。他打了我，就是打了我，请大人一定要帮我做主啊！大人可是青天大老爷，一定能为我做主的啊！两个人争吵个不休。外面的一些人对那个张山还是有点了解的。这个张山平日里就喜欢欺负人，现在把人家打成了那个样子，还不肯赔偿人家医药费，真是可恶啊！谁说不是？这个张山我也有听说不是什么好人啊！现在把人给打了，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冤枉，真是可笑，太可笑了。 就是就是可笑至极，可笑至极啊！不过你们放心吧，秦大人很快就会让那个张山伏法的。没错，就应该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张山。百姓议论纷纷，而从他们的话里不难听出来，他们对那个张山很有意见。同时，他们也相信秦天一定可以惩罚那个张山。李世民在外面看到这种情况后，也是气得不行。那个张山打了人，竟然还不想赔偿，天底下那有这般便宜的事情？他觉得秦天肯定也是要惩罚张山的。 外面的人议论纷纷，大堂之上，晴天拍了一下金堂木，这才稍微安静了一些。而这个时候，晴天则开口问道：“孙六、张山，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可有其他人证？这种事情其实最好解决了，有人证就行了。有了人证，谁说的是真实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不过，晴天询问过后，张山和孙六两个人都摇了摇头：“大人，当时我们走的那条街上没有什么人。是啊，没有什么人。不过大人明察啊。” 真的是张山打了我，大人一定要替我做主。没有人证，如此的话事情就难办了。不过很多人觉得那孙六的身上有伤，如此还有什么难办的？直接让张山赔偿医药费就行了呀。众人又忍不住议论了起来。晴天这里却是从上面走了下来，道：“孙六，让本官看看你身上的伤。”孙六把自己的胸膛露了出来。晴天看了一眼那块发黑的地方，看起来的确是受伤了，只不过没有红肿，也没有裂痕。看到这个时候。 晴天眼眸微微一动，紧接着就多少明白了怎么回事。他点了点头，然后便又坐了回去。坐回去后，他在一名衙役的耳边低语了一番，衙役领命退去。这个时候，晴天又拍了一下惊堂木。外面的百姓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晴天差不多要宣判了。孙六，你好大胆子！你伪造伤口，意图骗取医药费，你可知罪？你真以为本官是吃素的，可以任由你这般欺骗吗？话音落下，众人顿时一愣：这是什么情况？什么骗取医药费？ 李世民也是凝眉，那孙六身上的伤可是明证啊！晴天为何要这样说？百姓震惊了，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晴天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什么叫孙六伪造伤口骗取医药费？那伤口明明是真的呀，根本就查不掉。既然查不掉，那就是伤口啊！还有那个张山，大家对他最是了解了，他就是一个无赖，这样的无赖绝对做得出这种事情来。可晴天又是他们眼里的晴天，从来就没有错过啊！百姓纠结了。 李世民站在外面，觉得秦天慈等行为有哗众取宠的嫌疑。毕竟他若是顺着说张山有罪的话，就没有任何的趣味可言了。可他这么一说，大家肯定就又提起了兴趣吧？但断案怎么能这个样子？也许其他百姓看重的是一波三折的趣味性，但他这个做天子的想要的却是公平公正啊！李世民隐隐不喜，突然觉得之前听到的那些故事可能有很多都不真实。这个时候，孙六突然高喊起来：“冤枉！冤枉啊！” 大人冤枉啊！就是张山打了小人，伤口可以作证啊！请大人明察，请大人明察！孙六高声喊冤。晴天哼了一声，道：“伤口可以作证，不错，你身上的伤口的确可以作证。你说这是张山打了你之后留下的，可本官看来，这却是你用了一种叫做千里棘的草涂抹而成的。据本官所知，千里棘又叫做千里棘，是一种生长在路边篱笆旁的藤生之物，叶细长厚实，略带枯萎，稍微具有一点毒性。这种东西能够治疗蛇犬的咬伤。” 不过也能够染黑皮肤。你以为本官看不出你的伤口乃是千里疾所？大人，小人冤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小人的伤口就是张山给打的。此时的孙六仍旧高呼冤枉，不过他整个人却已经显得有些紧张了。晴天哼了一声，道：“冤枉，本官看你一点都不冤枉。若是人为打伤的伤口，一般都会红肿，亦或者是裂开。可是你身上的伤口却只是发黑，并没有红肿，这般的光滑，那里像是人为打伤的？你也不用急。” 本官已经命人去取千里急去了，待会当着众人的面，本官让你看看你是不是冤枉。这话说完，众人才突然想起刚才秦天支走的一个衙役，原来是要他去拿千里急去了呀。此时的孙六越发的害怕紧张起来，但他仍旧不肯认罪，仍旧在死撑，嘴里也不停的说着冤枉之类的话。很快，秦天派出去的衙役急匆匆的赶了回来。这个衙役回来之后，秦天命人将千里急捣碎。 然后涂抹在了孙六身上的另外一个地方，这样涂抹过后，他身上的两个伤口看起来竟然一模一样。这个时候，众人顿时恍悟，紧接着众人也都有点愤怒：“好你个孙六啊！可怜我们刚才那般的相信你了，原来你才是那个刁民啊！就因为人家推了你一下，你便想要欺骗人家的医药费吗？孙六真是可恶！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孙六就是个刁民，以后且不可与之为伍。不错，不错，这个孙六实在是该打呀，可恶！” 可恶！众人愤怒地说着。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也是一愣。事情竟然还真如晴天说的，就是那个样子。他之前觉得晴天是哗众取宠，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个晴天是真的断案如神，不然若是按照他的那种思路，岂不是冤枉了无辜之人？真相大白，那个孙六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下就跪倒在了地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小人知道错了，小人知道错了，是小人一时糊涂。” 因为家里缺钱，才想起用这个办法来骗取医药费。大人饶了小的吧！孙六这么一开口后，众人越发觉得晴天断案如神了。李世民也是忍不住的点了点头。晴天这里开始做出判决，那张三是被人冤枉的，自然是要无罪释放。不过孙六这样的刁民却是要严惩一下才行，不然其他人都这个样子，风气可就不好了。晴天命人狠狠的抽了那个孙六二十大板，基本上打的他的屁股都开花了。念到孙六也没有钱，所以晴天也就没有罚他的钱。 只是这样体罚了一下，这两个人的案子结束之后，紧接着就又有人上前将他们要诉讼的事情给说了一下。晴天很快就给处理了。李世民在外面一直看到中午，才终于转身离开回宫。而这一个上午，虽然只是站在了外面，但他却觉得十分有意思。这个晴天还真是断案如神啊！以前只是听故事，所以没有怎么察觉，但现在亲眼看到晴天断案，他才觉得这看人断案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李世民离开。 晴天这边继续断案，一个月的时间，说长也不是很长，说短又不是很短，一个月很快便过去了。晴天在这一个月里基本上没有怎么休息，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不管大小，晴天也都是亲力亲为的。一个月下来，晴天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不过他在金鸡百姓的心目中的形象却又高大了许多。晴天就是他们的晴天啊，在这些百姓眼里，只要有什么事情找晴天准没有错的。一个月结束之后。 晴天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可能是接连一个月做这些事情，晴天整个人一下子松懈下来后，反而有点不太适应。这种感觉很奇怪。以前的他在家里享受齐人之福、天伦之乐，日子可以说是十分悠闲的。那又像这一个月那般的繁忙，可真的适应了繁忙之后，突然悠闲，反而又不适应了。所以，虽然一个月的期限已经结束了，晴天也并没有让自己完全的松懈下来。一天的很多时候也都是在京兆府度过的。他突然觉得。 为百姓做这些事情，有时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比他平日里在家悠闲度日要有成就感多了。也许他的内心深处也渐渐生出了一些责任，这个责任一直都是有的，但这一刻却更加的深了。已是中秋时节，长安城的天气越发的冷了起来。不过，因为临近中秋，长安城也变得越发热闹。为了能够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百姓们都在为之努力着。晴天今年难得可以跟家人在一起过中秋，所以。 也是早早的就为之准备好了，中秋节还没有到，晴天就已经做好了各种各样的月饼，买齐了各种各样的水果什么的。等中秋节来临这天，晴天更是直接请了个假，回家陪家人。京兆府这边就交给了狄志迅他们这些人，不过晴天也要他们早些回家跟家人团聚。想来中秋节这样的好日子，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而就在晴天在中秋节回家跟家人团聚的时候，长安城这边却是来了一个外地的老妇人。 这老妇人六十岁上下的年纪，看起来明显要显老一些，衣着普通，背了一个有点破烂的包裹。她也是来长安城与家人团聚的。她打听了一下路，下午的时候才终于走到她要找的那个府邸。那是一个看起来还算是不错的府邸，在长安城这样的一个房价很高、居住很不易的地方，能够住起这样府邸的人，非富即贵。老妇人看到这个府邸之后，心里忍不住一阵激动。六娃是个好娃，出息了，出息了呀！ 老妇人眼泪顺着老眼就流了下来，她现在忍不住的想哭，甚至想要跪下来感谢上苍。这么大的府邸啊，就是在他们老家县令大人住的都没有这般的高呢。不过老妇人在一阵激动之后，还是很快的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去敲门。她这样敲了几下之后，侧门吱呀一声开了，紧接着探出一个门卫的脑袋来：“你是什么人？”门卫见是一个衣衫破旧的妇人，态度就不怎么好了。他觉得这个妇人很有可能是个乞讨的乞丐。 老妇人擦了一下眼泪，问道：“这里可是六娃的家？”门卫觉得遇见了一个疯子，骂道：“什么六娃？”老妇人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又反应过来，道：“六娃就是陆晨，他在我家排行老六，所以叫他六娃。”听到陆晨这个名字，那门卫的神色就显得恭敬了一些。这老妇人竟然知道他家老爷的名字啊，这就奇怪了。他有点吃不准老妇人的身份，所以也就不敢大意。这的确是陆老爷的家，你是什么人？ 我是六娃他娘，这个不孝子进京赶考了三年，出了向家里报了个考中的信后就没有回过家。出息是出息了，但也不能不回家。听到眼前老妇人说自己是陆晨的娘，那门卫顿时有点慌张起来。这老妇人要真是他家老爷的娘，那就是老夫人了。他一个小小的门卫，那里敢得罪老夫人？不过随便一个老妇人跑来称是他老爷的娘，他也不敢将这个妇人直接请进来。不过门卫的态度却是好了许多，道：“老夫人远道而来。” 小的应该请您立马进府才是，不过我得去询问一下我家老爷，所以还请老夫人稍等片刻。听到还得询问一下，那老夫人的脸色就有点难看。自己这做娘的要见儿子，还得去通禀吗？不过想到他进入金鸡之地后打听到的消息，自己的儿子考中进士之后，被长安城的一个大官给绑下捉婿了去，娶了一个大官的女儿。兴许那大官的女儿在家比较强势吧，所以这门卫也不敢随便放自己进去。 想到这些，老妇人也就释然了许多，道：“好，你去问吧，见了六娃，好好说。”门卫应下之后，急匆匆跑了回去。很快，在后院的湖泊旁边，看到了正在喂鱼的陆晨。老爷，老爷！门卫跑过去后，把湖里的鱼给吓跑了。陆晨凝眉，不喜道：“什么事情，这般的慌张？”老爷，门外来了一个老妇人，说是说是什么？说是老爷您的亲娘。听到这话，陆晨的神色猛然一变。 仿佛听到了一个自己特别不想要听到的消息一样，不过很快他又恢复了过来，骂道：“什么亲娘？你家老爷我早已经没有亲娘了！将那个想要冒充我亲娘的人给我赶走！”陆晨有点愤怒生气，那门卫吓得不敢多言一句，连忙点头应了下去。门卫跑出来后看了一眼那个妇人，态度顿时差到不行。要不是因为这个老妇人，他怎么会被自家老爷骂？滚滚滚！我家老爷没有什么亲娘，我家老爷的亲娘早已经过世了。你一个老妇人！ 还想来长安城这种地方骗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滚，快点滚！门卫也是气得不行，就差动手打人了。那老妇人本来满怀着激动认儿子的，结果却发生了这种事情，她顿时就傻眼了，弥漫了。怎么会这样？自己的六娃可一向十分孝顺的，听到自己来了，那不得扑出来认自己啊？可他怎么说，自己的亲娘死了，还不肯见自己？莫非又是那个高官的女儿，不想让他认自己的亲娘？老妇人的精神一下子崩溃了。 他能从老家一直走到长安城来，就是因为心里想念着自己的儿子。可如今到了长安城，自己的儿子却不认自己，这实在是让他伤心，特别的伤心。一刹那间，他在这长安城仿佛没有了任何的支撑，那本来还有的安全感也随之消散。他慌了，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去哪里好。而这个时候，那个门卫也根本不给他再说任何话的机会，直接就将他给赶了出去。滚滚滚，有多远滚多远。老妇人被赶走了。 长安城的街上人来人往，大家都急着回家跟家人团聚，只有老妇人一个人茫然的在异地，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该如何去。他就这样茫然的走着，走着，显得很是失魂落魄。而就在他这样在长安城漫无目的的走着的时候，陆晨的府上喂完了鱼的陆晨拍了拍手，眼眸之中突然露出了一股杀意来。老妇人，该死啊！老妇人，该死啊！说这句话的时候，陆晨带着恨意，说不出的恨意。 紧接着，他便回到了书房，将自己的一名亲信给叫了来。主子有什么吩咐？杀一个人。陆晨将情况跟自己的亲信说了一下。他的亲信听完之后，并无丝毫迟疑，立马应下。时间慢慢，但还是到了黄昏。黄昏的时候，远处的夕阳已经快要落下，余晖洒在长安城斑驳的城墙上，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明暗之感来。虽还没有入夜，但长安城的街上已经见少行人了，许多百姓都已经回到了家里。 开始跟自己的家人团聚，夕阳快要落尽，月亮又已经露出了一个头。今天晚上的夜色肯定是十分不错的。一名老妇人在街头漫无目的的走着，她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精神恍惚。但此时街上并没有什么人去注意她。夕阳褪去，夜色降临，寒风呼呼的吹着，月亮升起。今夜的月亮很大也很亮。老妇人仍旧在街上走着，她并没有找到一个居住的地方，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住在哪里。她突然感觉有点冷，不远处有一个废宅。 他下意识的走了进去，废宅并不是很大，里面有些脏乱，但老妇人并没有怎么在意。进去之后，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就躺下了。而就在他躺下后没多久，突然一个黑影闪了进来。黑影进来之后，月光从他的后面洒了进来，看不清他的面目，但是他手里的刀却很晃眼睛。老妇人看到这个之后，顿时吓得尖叫了起来：“你，你是什么人？你要做什么？”老妇人突然有点后悔来长安城了，自己的儿子不认自己，现在竟然还有人要杀自己。 他从失落中恢复了过来，但又一下子跌进了恐惧。黑影冷哼了一声：“老太婆，我家主人要你性命，你别怪我。你家主人是谁？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我都这个年纪了，死都不让我死，明白吗？”黑影犹豫了一下，好像也觉得一个将要死的人让他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呵 <laughs> 呵一笑后，道：“你今天想见谁，就是谁都要杀你，老太婆受死吧！”说着，黑影突然抽刀就要来杀人。不过就在这个时候，门口那里。 突然动了，紧接着就看到一个奇怪拿起一根棒子朝那个黑影的腿上抡了过去。这一棒子的力道很大，直接将那个黑衣人的腿给打瘸了。那黑衣人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然后那个乞丐又要动手，不过他一棍子打下去后，那黑衣人手里的刀直接砍断了乞丐的棍子。那黑衣人到底是练家子，就算腿断了，但想要保护自己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何况对方只是一个乞丐。那乞丐见自己不是对手，拉起老妇人就夺门而出。 乞丐本来是在睡觉的，并没有注意到老妇人的进来。不过那老妇人一声大叫之后，他便醒了过来。不过多年的乞讨生涯让他变得十分谨慎，所以就算他醒了过来，也没有大喊大叫，而是在关键时刻直接一棍子抡过去，打断了黑衣人的腿。两个人跑出了废宅，那黑衣人想追，可他的腿断了，刚站起来就疼得有点受不了。那里能追上那两个人？老妇人虽然老，但逃命的时候那里还顾得许多，先跑了再说呗。 两个人很快逃了出去。那老妇人逃了一段路后，已经气喘吁吁的跑不动了。乞丐将那黑衣人没有追出来，也就松了一口气。我说：“大娘，听你口音，也不像是京城的人啊？怎么在京城还得罪了仇家？还有，大半夜的，你跑到我的地方做什么？”乞丐是一个有点丑的乞丐，一张嘴缺了一颗大门牙，看样子可能是乞讨的时候被人给打掉的。他对眼前的这个老妇人很上心，或者说很好奇。一个老妇人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奇怪又奇怪的。 老妇人在长安城孤立无助，此时被一个乞丐相救，心里多少感到了一些暖意。此时他那里嫌弃对方是个乞丐，忍不住便把事情跟那乞丐说了一下。那乞丐虽是最底层的人，但倒有一股正义和热血。听完老妇人的叙述之后，顿时就气得不行：“不当人子，不当人子啊！那陆晨竟然不认你这个母亲，而且还派人刺杀你，真是丧尽天良！丧尽天良！安慰我阿宝在，在长安城混迹了这么多年，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这样的人。” 就应该千刀万剐了！阿宝不停的说着，他是真的气坏了。不过老妇人的心里却是不这样想，她觉得自己的儿子以前可是很孝顺的，怎么可能会对他这个娘亲动手？肯定是他娶的那个大官的女儿不让他认自己这个娘，一切都怪那个自己未曾谋面的儿媳。想到这里，他对那个儿媳就气愤的不行。当然，自己的儿子他也有点伤心，自己的老婆让他杀自己的娘亲，他就真的杀？他的良心都被狗给吃了吗？ 心里很不痛快，特别的不痛快。但这种事情，他又能怎么说？我，我想认我的儿子。阿宝听到这话，顿时气得差点吐血。你儿子都要杀你了，你还想认自己的儿子？你是不是糊涂了？老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只是说道：“我就是想认自己的儿子。”看到老夫人这个样子，阿宝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想了想，道：“罢了罢了，你能来到长安城，也是你运气好，在其他地方肯定没有人能帮你。” 但在长安城，办法却是有的。我现在，你带你去京兆府击鼓，等你见到了京兆府的官员，把情况跟他们说一下，他们会帮你的。真的，京兆府的官员真的能帮我认儿子？老妇人一下子激动起来。本来的她是一点希望没有的，但现在却是希望满满。阿宝点点头。当然，京兆府的刺史晴天，那可是长安城的青天大老爷，在这长安城就没有什么事是他办不了的。晴天，我听说过。我们这就去京兆府。 陆府，夜已经深了，陆晨待在书房，没有丝毫的睡意。他有些着急的等待着，等得有点不耐烦，或者说心烦。心烦的连他的夫人喊他回屋休息，他都没有怎么搭理。外面的秋风呼呼的吹着，今天晚上是中秋佳节，月亮很圆，但他却从来不曾像这般不喜过。担心的事情，时间就这样慢慢，他等的亲信还没有回来。月已快中天，那月亮看起来更大更亮。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亲信才终于一瘸一拐的回来了。 看到自己亲信这个样子，陆晨的眼眸就凝了起来。怎么回事？那老妇人杀了吗？他并不怎么关心自己亲信受伤的事情，他只关心那个老妇人是不是被杀了。亲信的脸色有点难看，道：“主子，本来已经快要得手了，可谁曾想半路杀出来一个乞丐，把属下的腿给打瘸了，然后他把那一个妇人给救走了。什么？没有杀死？”听到没能将那老妇人给杀死，陆晨有点愤怒，紧接着就骂了起来：“没用的东西，一个老妇人都杀不死吗？” 竟然还被一个乞丐给打了，你简直太令我失望了！你怎么还有脸回来？那妇人去了那里？亲信很惶恐，整个人的身子都有点打颤，但他还是连忙说道：“不，不知道，不知道。”陆晨是真的气坏了，就没有见过这么笨的人啊！而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后，直接一脚就踹了过去，骂道：“找，给我找！无论如何，一定要将那个老妇人给我找到！找到之后，给我立马杀了！若是在失手，我饶不了你！记着，下次多派一些人手。” 本来他以为只是一个老妇人，自己的一个亲信就能够灭掉他，而且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可谁曾想，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早知道他就多派几个人了。陆晨说完之后，那个亲信连忙领命退去。只是离开的时候，他的心里却暗自叫苦：自己现在腿瘸了、啊、可是陆晨还要他去杀人，他这个样子怎么杀人？不过内心深处，他对那个老妇人以及那个乞丐的怨恨却也更深了一些。若非他们两个人。 他何至于遭受今天这样的罪？你们两个给我等着，下一次我要将你们千刀万剐了。夜色已经很深了，京兆府这边虽然早早的就已经下值，但仍旧有人值班。这几个值班的人此时都有点困乏，忍不住的昏昏欲睡。而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传来击鼓鸣冤之声。听到这个声音，那几个值班的人立马醒了过来，有一个人还揉了揉眼睛。怎么回事？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人报案？这么晚了有人报案，肯定是大事。 赶快起来，将击鼓鸣冤之人带进京兆府。几个衙役急匆匆的跑了出来，看到击鼓鸣冤的人是个老妇人和一个乞丐的时候，他们有点意外。不过有人击鼓鸣冤，他们也不能不管。很快，他们便把这两个人挤带进了京兆府。不过这么晚了，审讯肯定是不行的。这些衙役准备简单的询问一下，然后等明天刺史和别驾来了之后再开始审理。你们这么晚了要撞到什么呀？那老妇人看到衙役有点紧张，忍不住就想开口。 不过他还没有开口，那个乞丐就抢先说了起来：“几位官爷，我们的事情有点严重，非得见了秦国公才能说。当然，我们也不急，明天早上说也行。不过我们可能会有危险，今天晚上能不能让我们先住在京兆府？”那些衙役不曾想到着，着两个人还有这样的要求，这种事情他们还是第一次遇见。到底是什么事情，连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状告的人身份非同一般，所以我们必须谨慎一下。秦国公掌管京兆府，我们信得过秦国公。 所以才来击鼓，还请诸位官爷谅解。阿宝这样说完，那几个衙役相互张望，紧接着他们思虑了片刻，便直接点头同意了下来。而后，他们给阿宝和那老妇人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休息。而只要他们进了京兆府，安全什么的便不用担心了。老妇人和阿宝在京兆府住下之后，老妇人却是并无丝毫随意。阿宝，为何不直接告诉那些官爷事情？为何一定要等见了秦国公才说？阿宝苦笑道。 这种事情，那些衙役是管不了的。那个陆晨可是个不小的官，所以必须秦国公出马才行。他可能只听秦国公的话，你说是不是？听到这话之后，老妇人觉得也有道理。自己的儿子好歹是个官僚，刚才那几个衙役说的话，自己的儿子怎么可能会听？如此，还是等见到秦国公之后再说的好。老妇人心里释怀之后，便很快进入到了梦想。这一天，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说实话，有些匮乏了。 阿宝这边倒是在心里叹息了一声。那个陆晨要杀这个老妇人，他若是把事情告诉了这些衙役，万一这些衙役有一两个人向陆晨通风报信，那他们岂不是羊入虎口？不过，等他们见到晴天，把情况说出来后，情况肯定是会好很多的。已经过了子夜，阿宝在经过最初的不安之后，也慢慢的进入到了梦乡。这一夜过得惊心胆战。当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阿宝和那个老妇人都有点期待，期待晴天的到来。 晴天今天早上起得有点晚，毕竟昨天陪着家人玩的时间太久了，而且完了之后回到房间，他又跟自己的夫人玩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如此早上想要起来也就更加的困难了一些。这样起床之后，他也没来得及吃早饭，便急匆匆的来到了京兆府。进得京兆府，立马就有一名衙役跑来，将昨天晚上的事情跟晴天说了一下。晴天听完之后，也觉得有点好奇，怎么有人非得见自己才肯说吗？好，将他们两人叫来吧，不过先不经过大唐审理。 金兆府有一个陪堂，平日里一些不宜在大堂审理的案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审理。这里相对来说要更为私密一些。阿宝和老夫人进来之后，就看到了晴天。他们见到晴天后，立马便跪拜行礼，不过动作都十分的不娴熟。晴天挥手让他们起来，道：“你们两个人昨天晚上击鼓鸣冤，说不见本官不肯将事情说出。如今本官就在你们面前，你们且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吧。若真有冤情什么的，本官必定帮你们主持公道。” 晴天说完，那老妇人顿时就放心了许多。这一次，她倒是最先开口了，可能见了晴天后，很多憋在心里的话忍不住就想说出来了。秦国公，我想见我的儿子。听到这个，众人一愣，他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可一个老妇人要见自己的儿子，算什么大事？这样的事情至于这般兴师动众吗？还非得见了他之后才肯说？刹那间，晴天是有一些被人耍了的感觉的。不过见都见了，若是不管不顾。 也有点说不过去。晴天嗨嗨了两声，问道：“你儿子是谁？怎么不能见了？”老妇人道：“我儿子是陆晨，三年前他进京赶考，考取了功名。不过三年了，他都没有回家。我一个夫人在家里实在想念儿子，便千里迢迢来到了长安城，想找自己的儿子。来到长安城后，我打听到自己的儿子已经在长安城娶妻，而且还娶了一个大官的女儿。我这个做娘的实在是高兴。只是我去他府上找他的时候，他却不肯见我。不仅如此，他还派人要杀我。” 若非是这个阿宝救了我，我可能就死了。秦国公，我觉得肯定是我那个儿媳，她不喜欢我，所以教唆的我的六娃。我的六娃以前可孝顺了。秦国公，我想认我的儿子，请秦国公帮帮我啊！本来刚听到妇人话的时候，他们以为这是小事，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了。可是听完那老妇人的叙述后，不管是谁，都觉得这事情只怕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很不简单。一个儿子不认自己的母亲，而且还派人刺杀自己的母亲，这是怎么听都觉得匪夷所思。 可若这事是真的发生了，那这其中必定是有一些隐情在的。对于那个陆晨，晴天倒是有一点印象，知道他中了进士，而且因为长相不俗，直接就被人给绑下，朱旭给抓走了。至于后来的事情，晴天倒是没有怎么在意。不过就算如此，不认自己的娘亲也是有点说不过去。晴天思虑了片刻，道：“你说的若是实情，本官必定帮你做主。但你必须又一些证据，证明你是陆晨的母亲。当然，本官也可以去陆晨的家乡做一些调查。” 不过这一来一往的时间恐怕需要几天。有信格在，晴天可以让陆晨家乡的官员把情况调查一下，然后再送到长安城来。这样的话有点费时间，但若是能够快一点的话，那就更好了。不过，不管能不能证明这个老妇人是陆晨的母亲，陆晨派人刺杀这个老妇人就让人觉得奇怪。但晴天还是必须能够确定这个老妇人就是陆晨的娘亲。老夫人想了想，道：“哟，<Yeah. S 1> 我有办法能够证明。我知道我家六娃的屁股上有三颗黑痣。” 这个其他人可不知道，只有我这个做娘才知晓。听到这个证明的办法，秦天和请他人都不由得苦笑。如果他们能够控制住那个陆晨，把他的裤子给拔下来看看他的屁股的话，那这个老妇人说的办法倒的确可以作证。只是那陆晨好歹是个官员了，扒屁股这种事情做起来不雅。而且知道陆晨屁股上有三颗黑痣的人应该也不少吧？难道他的发小就不知道？难道村里的人就不传播吗？毕竟屁股上有黑痣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这个恐怕不行。老妇人听到这话，有点犯难。她就是陆晨的母亲，可还怎么证明？这个时代也没有身份证什么的。陆影有时候是有的，但陆影证明不了什么呀。毕竟陆影也没有画像。看到老妇人这个样子，秦天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他点了点头，道：“这样吧，我派人去你们的家乡调查一下。等调查结果出来了，本官再来审理这件案子。这段时间，你都可以住在京兆府，你的安全也不用担心，本官会派人负责。若是你出了什么事情……” 本官绝不饶了那几个人，如何？听到这个，老妇人虽然有点着急，但也没有办法，只是嘀咕了一下自己就是六娃的娘，然后便应了下来。那阿宝此时倒是十分平静。这样审讯结束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又回去休息去了。两人离开，狄之训道：“秦国公，这事只怕有隐情吧？一个儿子就算再不孝顺，也不可能杀自己的母亲啊！就算这个老妇人不是他的母亲，他也不可能这样做。”秦国公觉得呢？晴天点点头：“是啊。” 事情很奇怪，派人调查一下那个陆晨吧。本官对他有一点印象，想来他在长安城也算有点人气。还有，派人去一趟陆晨的老家，将陆晨和他娘的画像什么的都弄到手。其他的线索也都要，要快一点。狄知逊连忙应了下来，然后便派人去调查一下那个陆晨，以及去陆晨老家调查核实。而就在晴天的衙役去调查陆晨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陆府这边已经有新的消息送了过来。主子，主子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呀、啊！ 听到这个，本来就有点心神不宁的陆晨越发显得不安起来。不过他还是让自己镇定了下来，问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子，我们打听到消息，那个老妇人被那个乞丐给带到了京兆府，如今他们待在京兆府里，我们想动手，动不了了呀！什么？他们进了京兆府？这个消息让陆晨有点震惊。去了京兆府啊？他们是去报案了吗？要是这样的话，自己的情况恐怕不妙了，必须想办法除去那个老妇人。 京兆府衙役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当天下午，有关陆晨的一些情况便都打听清楚了。秦国公狄大人，消息都打听好了。晴天颔首道：“说一下吧。这个陆晨三年前来长安城参加科举，中了进士，当时是第十五名。而放榜的那天，朝中不少官员都在榜下捉婿。那陆晨因为长得相貌堂堂，被刑部侍郎童阳童大人给招了去做女婿。这陆晨成,成为了童大人的女婿之后，仕途很是不错。现如今在刑部任职。” 前途不可限量，很有可能接替佟大人的班。佟阳作为刑部的二把手，晴天还是了解的，是一个脾气略有点火爆的武将，不然卓榜下卓旭的事情他也做不出来。若是文官的话，一般不会这般的直接粗暴。不过想来，那陆晨对于这种事情也是很喜欢的，毕竟绑上了刑部的二把手，他以后的仕途肯定是要顺利许多。听完这些，晴天点了点头，道：“你继续说下去。”陆晨虽然仕途不错。 但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骄奢，在刑部做事十分的敬业，对于百姓以及其他人也都很客气，是人们口中的君子。那佟大人对自己的女婿十分的看好，衙役将陆晨的情况给说了一下。初听的话，这个陆晨平日里为人还是不错，基本上做不出那种不认母亲，而且还要杀自己母亲的事情。可他真的做了这事，如此推敲的话，他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怕都是假装出来的，是个彻头彻底的伪君子。这样的人，平日里最是不好对付啊。对这个陆晨了解的差不多后。 晴天并没有找到可以快速帮那个老妇人和陆晨确认的办法，所以他们现在所能做的也就只有等了。而晴天他们现在也不是很急，就是等上几天也没有什么。不过就在衙役说完这一番话没多久的时候，一名衙役急匆匆的跑了来：“大人，刑部来人了。”听到刑部来人了，狄之逊的眼眸微凝，有点紧张，道：“秦国公，那陆晨是刑部的人，刑部这个时候来人，恐怕来者不善他们刚调查到陆晨的情况。” 刑部就来人了。要说刑不来是为了其他事情，他们才不会相信呢。晴天却是神色平静，道：“怕什么？刑不来人又如何？”很霸气的一句话。狄知逊等人听完之后愣了一下，紧接着就又恍悟了。晴天以前可是尚书令啊，掌管六部事宜，那刑部当初也不过是晴天管辖的六部之一罢了。就算现在晴天没有继续当尚书令，但刑部的人想来京兆府撒野，那也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胆子啊。更何况…… 那陆晨在刑部的官职也不是很高，就算他老丈人是侍郎又如何？侍郎很大吗？大家的心一下子平定了下来。走吧，看看刑部想如何。晴天带人来到了前面，没过多久，刑部的人便也急匆匆的赶了来，拜见秦国公。领头的刑部官员官职并不是很大，名叫卢东林，是陆晨的一个属下。平时为了讨好陆晨，可没少做出谄媚的事情来。他给晴天行礼过后，晴天却只是很淡的嗯了一声，随后问道。 刑部的人来我这京兆府，可是有什么事情？卢东林道：“秦国公是这样的，昨天有一位老妇人假借是陆晨陆大人母亲的名义，进入到了陆府，然后趁着陆大人不在府上，偷了一些值钱的东西逃了出来。陆大人回府发现这种情况后，便让刑部的人查找。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老妇人跟自己的同伙为了躲避我们的追查，逃进了京兆府。那两个人偷了我们刑部官员的东西，如今我们要把那个东西找回来。” 所以，还请秦国公将那两个犯人移交到刑部去。卢东林说话十分的得体，而他的这个理由听起来也是天衣无缝。那个老妇人昨天的确去了陆府吗？而且他还有一个同伙，为了躲避刑部的追捕，所以逃进了京兆府。给人的感觉，那个老妇人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不过，他说的这些话，秦天他们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因为昨天那个老妇人说的那一番话，怎么听都让人觉得情真意切。他说的就是事实，而他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小偷。 卢东林说完，狄之逊立马就站了出来。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们京兆府有权处理荆棘之地发生的一切事情，哪怕此时牵扯到了你们刑部的官员，我们京兆府也有权调查。你们丢了东西，交给我们京兆府来调查一下就行了。还有，你们的那个什么陆晨陆大人，最好能来京兆府一趟，把丢失了什么东西来报备一下，这样我们也好调查。卢东林说话得体，滴水不漏，但跟狄之逊相比，可就差得远了。狄之逊的话也是句句在理。 而且也想试探一下那个陆晨，看看他敢不敢来一趟京兆府。他若是来了，让他们母子相见，很多事情自然也就好办得多了。只不过狄之逊这样说完之后，卢东林却是淡然一笑。刑部的公文已经下来了，所以希望京兆府能够配合。刑部隶属于六部，权限很大。一般来说，能够让刑部上心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大事情。所以，刑部若是有公文下达，不管是京兆府，亦或者是大理寺，都必须给予方便。也就是说。 现如今的京兆府得给刑部这个面子，把那两个人给刑部叫出去。对于此，卢东林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不信京兆府的人敢破坏这个规矩。只不过他这话说完之后，秦天突然一巴掌抽了过去：“你算什么东西？本本官这里提公文，我京兆府要管京鸡之事，你们刑部也休想拦着。回去告诉那个陆晨，他府上既然丢了东西，那就让他来京兆府报案。若是他不来，本官就当他虚假报案，要他好看。” 狄之迅还只是想要设计引陆晨前来，晴天这里却是直接命令要求了。